你本是战力第一的九龙神帝，只因在远古遗迹中寻得至宝乾坤鼎，引得无数强者抢夺。你拼尽全力杀出一条血路，却被你的好兄弟玄机武帝偷袭。关键时刻，你自爆乾坤鼎与他同归于尽。但没想到你竟意外重生到五百年前。就在你思索之际，房门被人打开，进来的是一位身穿淡黄色长裙、面容绝美的少女。哥哥，你醒了。少女惊喜的说道。你看到眼前的少女，猛然浑身一颤，眼睛瞬间红了起来。那段被你封印在心底的痛苦记忆如潮水般涌现。眼前的少女和记忆之中的那道身影逐渐的融合，让你整个人都变得。 恍惚了，那年你十六岁，你的堂妹苏瑶也是一位武道天才，和你自幼青梅竹马，每次都会无比乖巧的喊你陈哥哥。苏瑶的修为达到了肉身境九层，即将开辟丹田气海。 他请求你和他一起前往古月山脉，寻找一种天才地宝，借以开辟丹田气海，突破到炼气境。在古月山脉之中，你们寻到了那种天才地宝，但却不慎陷入兽群之中。而你为了保护苏瑶，身受重创，虽然死里逃生，但丹田气海却被打碎了，你的修为也是直接跌落到了肉身境九层。武道修炼总共有九大境界：肉身境、炼气境、元丹境、武宗、武尊、武王、武皇、武圣、武帝。武者修炼丹田气海乃是根本，丹田气海碎了，也就代表着你终生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一夜之间，你从人人仰望的武道天才变成了废物。 而你变成了废物之后，苏瑶也是变得无比冷漠决绝，对你的救命之恩不但没有一点感激，反而落井下石。你的母亲想要为你求取灵药治病，却被冷漠的苏家无情拒绝，还受尽了屈辱，甚至连父亲唯一留下来的神武令都被苏瑶抢走了。你不要痴心妄想了，真以为我喊你陈哥哥就真的崇拜你仰慕你？若不是因为你天赋不错，你这种废物也值得我多看一眼。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从今以后我将凤鸣九天，攀登武道之巅，而你将庸庸碌碌一生都是废物。你永远记得那个容颜绝美无比的少女苏瑶，那个曾经一直跟在你后面喊着陈哥哥。 The 却用一副轻蔑而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你。你和母亲、妹妹被赶出了苏家，受尽了白眼和嘲笑。你更是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直到后来，母亲和妹妹因你而惨死。你离开云江城流浪，遇到了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你的那位师尊。带你脱离苦海，为你治好了丹田气海的伤，让你踏入到了浩瀚的玄天大陆。但母亲和妹妹的死却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最毒妇人心啊，苏瑶，你说的没错，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都要千倍百倍的奉还。你眸光锋利，心中发誓道：“哥哥，你怎么了？你不要担 新娘去求大长老了，只要拿回爹爹留给你的神武令，到了神武学院就一定能够治好你的丹田气海。不好，你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无比难看起来。若是没有记错，今日就是家族召开长老会，废黜自己的世子之位，让苏瑶成为世子的时候，娘此时去不是自取其辱吗？你的眸子之中涌现出了滔天的杀意。灵儿，你在这等我，我去找娘。你留下了一句话，然后起身朝着外面匆匆走去。而此时，苏家长老唐苏晨莽撞有勇无谋，以致丹田气海被毁沦为废人。即日起废黜苏晨少主之位，由苏瑶继承。身穿黑袍神色威严的苏家大。 长老冷漠的宣布道，而跪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中年妇人，此时眼神中满是悲哀和愤怒的神色。她正是苏晨之母柳寒烟，还请家族将代为保管的神武令还给苏晨。家族没有医治他丹田气海的办法，但神武学院一定有。柳寒烟恳求道：“神武令，持神武令可入神武学院修炼。苏晨一个废物，哪里能配得上神武令这种宝物？我看你是痴人说梦。”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苏家二长老苏元璋，同时也是苏瑶的父亲站了出来，冷笑了一声道：“寒烟，我们几位长老已经决定将神武令赐给苏瑶，让他进入神武学院。他将。” 会成为苏家崛起的希望，这个条件我无法答应。不过念在苏晨曾经是少主，老夫赏给你们一千两银子，你回去吧。大长老瞥了柳寒烟一眼，随手拿出了一张银票扔在了柳寒烟的面前。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神武令乃是我夫君拼命得来，是留给我儿苏晨的。你们废除了他的少主之位，现在还要抢他的神武令，大胆！你们身为苏家人，神武令就是苏家的东西，给谁使用我们长老会自有决断，还轮不到你一个妇道人家插嘴。二嫂，苏晨已经成了一个废物，他也配去神武学院？整个苏家也只有苏瑶有资格获得神武令，我劝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 你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那个废物儿子吧！我不服，家族不公，神武令是我夫君留下来的，和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若是不还给苏晨，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柳寒烟双眼通红，充满了悲愤之色。大胆，竟然敢在家族重地口出狂言！来人，给我掌嘴！苏元璋冷声道。就在此时，长老堂外两个身材魁梧的侍卫走了进来。一个侍卫狞笑了一声，伸手抓住柳寒烟的手臂，让他无法动弹；而另一个侍卫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就在此时，一道身影风一般闯入了长老堂。苏晨、苏瑶的眉头一皱，他没有想到你竟然从昏迷中。 醒了过来，苏晨的目光扫过长老堂，瞬间落在了柳寒烟的身上。但是当他看到柳寒烟红肿的脸颊之时，瞬间血液直冲脑海，脸色变得无比狰狞了起来。还是来晚了，你的心中涌现出了滔天的怒火，眸子之中杀意汹涌。轰！你瞬间一步迈出，周身散发着滔天的杀意，刚猛无匹的拳印犹如神龙一般横空轰落下来。虽然你此时的修为只有肉身近九层，但那种暴虐恐怖的拳意却让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此刻的你就像是一头暴怒的巨龙。咔嚓！打了柳寒烟的那个侍卫脸色一变，想要抵挡，但那一拳直接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他的胸膛瞬间塌陷下去，口中狂喷鲜血，整个人横飞出去，狠狠地砸在了远处的墙壁之上。另一个侍卫头皮发麻，脸色煞白，连忙松开柳寒烟，拔腿就要逃。给我死！你的眸子之中杀意汹涌，脚下流光一闪，整个人犹如一道残影，又是一拳轰落下来。 苏晨，你大胆！苏元璋回过神来，不由得暴怒。要知道，那两个侍卫都是他的人，打狗还要看主人。苏晨竟然当着他的面杀他的人。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苏晨已经追上了那个侍卫，一拳轰在了他的脑袋上，顿时犹如西瓜一般炸开，鲜血脑浆涌,涌出，整个长老堂都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众人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的暴虐，一出手就直接杀了苏元璋的两个侍卫。更重要的是，那两个侍卫都拥有着炼气境的修为，而你丹田气海被毁，已然变成了一个废物，为何还能够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苏晨，你竟然敢在长老堂！ 杀人！苏元璋一声暴喝，眸子之中满是森寒的杀意，周身真气鼓荡，炼气境六层的修为全力爆发，眸子之中杀意弥漫。他一出手就是金鹰爪。 此时的苏元璋是真的存了斩杀你的心思，找死！你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之色。你不闪不避，脚下一阵，同样是一拳轰出。他竟然敢和元璋动手，真是不自量力。众多长老以及苏瑶都是冷漠的看着这一切，在他们看来，丹田气海破碎的你，结果已经注定。你即使不死，也会被重创。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们都是瞪大了眼睛。只见你的身影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苏元璋的一侧，刚猛无匹的拳印直接轰在了苏元璋的小臂之上。只听见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苏元璋的小臂竟然是被苏晨硬生生的轰断。啊！我。 我的手，苏元璋捂着手臂惨叫，满脸痛苦的神色。不等苏元璋反应，你化拳为掌，一巴掌抽在了苏元璋的脸上，将他抽飞了出去。苏元璋口中咳血连连，半边脸都肿了起来。什么？大长老苏瑶以及众人都是惊呆了。没想到你一个丹田气海破碎的废物，竟然将苏元璋给击败了。大胆，苏晨竟敢以下犯上，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大长老目光阴沉无比，以下犯上，明明是苏元璋动手在先，你却视而不见，大把年纪了。 就这么想要当苏瑶的狗吗？你冷笑了一声，丝毫都没有给大长老面子。苏晨，你这个小畜生，找死！大长老气得浑身发抖。 周身恐怖的杀意弥漫，仿佛下一刻就要出手将苏晨斩杀。够了！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苏瑶站了出来。苏元璋和大长老都是瞬间闭嘴了。苏瑶，你终于舍得站出来了。苏晨，我原本以为你丹田气海被毁就会安分守己，没有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既然如此，你也不要怪我不念旧情了。苏瑶冷漠的说道。念旧情？你嗤笑了一声。苏瑶，若非我在古月山脉之中拼死相救，你早就死在了狼群之中，成为那群畜生的腹中餐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念旧情？你处心积虑的谋划，为的就是这苏家的少主之。 位以及我父亲留下来的神武令吧，果真是最毒妇人心。你想不明白人心怎可险恶至此？苏瑶有些恼羞成怒，眸光越发的冰寒。苏晨，苏家少主也好，神武令也罢，又岂是你这个废物所能觊觎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强者为尊，你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是个废物。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相提并论？强者为尊，哈哈哈,哈，好一个强者为尊！你猛然看向苏瑶，眸子之中满是无比冰冷的杀意。苏瑶，你敢和我一战吗？你要挑战我？ 苏瑶的眉头一皱，没错，你我一战，既分胜负，也分生死，重活一世，你要亲手了结所有的恩怨，不杀苏瑶，心结难解。好，不过时间定在一个月之后，若是你赢了，苏家少主是你的，神武令也是你的。苏家少主我不稀罕，我只要神武令。留下这句话，你扶着柳寒烟转身离开了长老堂。一个月之后，你有把握胜过他吗？这个小畜生虽然丹田气海被毁，但战力却很强。苏元璋看着苏晨离开的背影，怨毒的说道：“父亲，你知道我的体质，一个月之后我必然植入炼气境九层，而他一个月之后体内的真气必定消耗一空，到时候是。” 杀他易如反掌。回到房间，你开始回忆师尊当初给你的功法《九龙战天诀》。此功法是你的师尊从远古遗迹之中获得的逆天神功，也是你能够成为九龙武帝的根基所在。也正是九龙战天诀修复了你的丹田气海，让你脱胎换骨，才有了攀登武道之巅的希望。然而，需要破而后立，需要以无上毅力打碎丹田气海。 然后凝聚九大真龙气海，方能铸就无上根基。你所得到的九龙战天诀第一步就是筑基，你要破碎丹田气海，重新凝聚出九大丹田气海，也被称为真龙气海。从此就拥有着他人九倍的法力，根基无比雄厚，号称同阶无敌。修炼到最后，你的九大真龙气海甚至能够化为九大真龙，拥有九龙之力，摘星拿月，毁天灭地。不过想要凝聚九大真龙气海，还需要炼制一颗九龙丹。九龙丹所需的灵药虽多，但除了一味主要九龙圣心草极为罕见外，其他的都能够买到。而在你的记忆中，古月山脉之中应该就有九龙圣心草。 对。 看来我需要再进一次古月山脉了。就在此时，你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在你的感知之中，破碎的丹田气海之中竟然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乾坤鼎。乾坤鼎竟然出现在了你的丹田气海之中，果然和你猜测的一样，你能够回到五百年前和乾坤鼎有着莫大的关系。前世得到乾坤鼎之后，虽然知道这是一件至宝神器，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炼化乾坤鼎，更不知道其作用。后来虽然以你强大的修为强行融入一丝精神烙印，但距离彻底炼化乾坤鼎还差得远。就在此时，你手中的那一颗凝气丹微微颤动，刹那间化成了一道流光飞入到了前。 乾坤顶之中，乾坤顶绽放出一丝丝光芒。很快，那颗凝气丹又重新飞了出来。只不过，那颗凝气丹变得有些不一样，上面浮现出奇异的纹路。这是极品凝气丹！你倒吸一口凉气。刚刚柳寒烟给你的只不过是最下品的凝气丹，但是从顶里飞出来之后，竟然直接变成了极品凝气丹。这顶竟然有着提升丹药品级的作用。若是能够炼制出九龙丹，经过乾坤顶的提升，岂不是能够得到极品九龙丹？那可是连我那位师尊都根本炼制不出来的逆天丹药。你的目光顿时变得火热了起来。若有极品九龙丹，就能够开辟出完美的真龙气海。 根基会比前世更加的恐怖。这乾坤鼎不愧是无上神器。你决定立刻前往古月山脉。若是没有记错，九龙圣心草就在古月山脉的玄阴潭之中。前世的时候，师尊正是在古月山脉之中采到的九龙圣心草，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你施展秘法，能够隐约的感知到天地之间的至阴之气朝着前方的某个方向汇聚。你展开身形，速度极快，小心的避开了一群二阶妖兽，朝着前方的一座山谷之中掠去。山谷之中有水声传来，一条匹练般的白色瀑布从上百丈高的崖壁上落下，下方正是一座深潭。 你站在玄阴潭之前，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气迎面而来。就在你寻思该如何进入到玄阴潭寻找九龙圣心草的时候，一道破空声从远处而来。你的心中一动，瞬间掠入到瀑布之后，收敛了浑身的气息，连心脏的跳动都变得无比微弱了起来，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块没有生命气息的石头。透过水流，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从天而降，御空飞行。这是一位武道尊者，他他在干什么？你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那个白衣女子背对着你，虽然看不清面容，但自有一种清冷出尘的气质。然后缓步走入到了玄阴潭之中。她是玄阴。 圣体，而且他的玄音圣体出了问题，所以来此疗伤，仿佛是为了印证你的话。一股浓郁的幽蓝寒气从那个白衣女子的体内弥漫而出，仿佛将整个玄音潭都冰封了，并且还在不断的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你心中大惊，这样下去，就算没有被他发现，也会被冻死的。什么人，滚出来！就在此时，那个白衣女子猛然转过身来，露出了一张绝美无比的面容，但此刻那张完美无瑕的面容之上，却满是寒霜，漂亮的眸子之中充满了怒。火。被发现了，你微微一愣，心中苦笑，这下真是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这不会被杀人灭口吧？哈哈。 不愧是名震东灵域的若薇仙子，老夫隐藏的这么深，还是被你发现了。随着一道苍老的笑声响起，瀑布之上浮现出了一个身穿宽大红袍、面容无比丑陋的侏儒青年。他凌空踏虚，居高临下的看着玄阴潭之中的白衣女子，眸子之中满是淫邪之色。极乐童子，林若薇瞬间脸色大变，周身强大的真气鼓荡，刹那间玄阴潭炸开，水浪滔滔。他穿上了白色长裙，从玄阴潭之中冲了出来。若薇仙子，若我是你，此时就不会妄动真气。你不觉得现在浑身火热、酥软无力吗？你给我下了毒！林若薇的脸色一变，她那绝美的面容之上。 浮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潮红之色。不不不，我极乐童子那么怜香惜玉，怎么会舍得给你下毒呢？我只是在这玄音潭之中下了点合欢散而已。你真该死！林若薇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恐惧的神色。这个极乐童子早就已经盯上林若薇了，还提前在玄音潭之中下了药，那他岂不是早就发现我了？你的眉头皱起，感觉到了一股危机。若是如此，倘若他解决了林若薇，那你也难逃厄运。此时林若薇从虚空之中落下，不断的运转真气抵抗那股药力，但她越是运转真气，越感觉到浑身燥热。极乐童子，你若是敢碰我！ 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杀了你！林若微怒急攻心之下，一口鲜血猛然喷了出来，气息瞬间变得萎靡不振了起来。若微仙子，极乐童子看到合欢散的药效已经被激发，差不多是时候了。但就在此时，异变陡生，林若微的双眼瞬间恢复清明，一条黑色的小蛇犹如闪电般掠出，狰狞的三角蛇头闪烁着幽寒的光芒，瞬间朝着极乐童子飞来。 然后林若薇的掌心之中一道幽蓝色的剑光猛然朝着极乐童子的心脏刺来，贱人你耍我！极乐童子脸色大变，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硬生生的挪移躲开了林若薇那致命的剑光，但那条黑色的小蛇他却没有躲开，狰狞的蛇头破开了他的护体罡气，直接咬在了他的脖颈之上。极乐童子一巴掌拍在了黑色小蛇之上，将黑色小蛇拍成了肉酱，但他还是感觉到一股猛烈的毒素瞬间朝着他体内蔓延开来。极乐童子脸色大变，连忙拿出了各种疗伤灵丹，不断的吞服下去。这是七步穿心蛇剧毒无比，没有解药。极乐童子。 你死定了！毒妇，毒妇啊！你杀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中了合欢散，没有男人，你同样必死无疑。极乐童子的眼神中满是恐惧之色，疯狂的大吼。但七步穿心蛇的毒太猛烈了，他的疗伤灵丹没有任何作用。他心中满是不甘，根本没有想到竟然会栽在林若薇的手中。躲在暗处的你惊呆了，要不要救他？ 看着林若薇的样子，你心里也有些挣扎。若是不服用解药，林若薇必死无疑；但若是救了林若薇，到时候这女人发起疯来，要是杀人灭口怎么办？算了，还是救一救吧。你从瀑布后掠出，朝着极乐童子的尸体走去，小心的取下了他手指上的储物戒指。但就在此时，一股香风弥漫而来。 从你的背后，一双柔软的手臂将你环抱了起来，火热而柔软的娇躯紧紧地靠在了你的身上。你的眼睛瞬间睁大，身体骤然僵硬了起来。林若薇浑身不着一缕，那是一张看起来风华绝代、高贵不可侵犯的脸，但此刻目光迷离，面庞红润，看起来状态很不对劲。你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不能趁人之危。苦笑了一声，强行压下心中的杂念，想要从储物戒指之中取出解药为林若薇服下。救我！救我！林若薇的口中发出了让人血脉喷张的声音。你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挣脱不了林若薇的怀抱，毕竟林若薇乃是强大的武道尊者，而你如今只有着肉。 身进九层的修为，小胳膊哪里能拗得过大腿，直接被推倒在地。此处省略四十字。两个半时辰之后，看着身边沉沉睡过去的林若薇，你满脸苦笑，然后直接跳入到了玄阴潭之中。到了玄阴潭底部，你看到在几块岩石之中生长着一颗奇异的灵草，正是九龙圣心草。你的眼神中满是无比惊喜的神色，将九龙圣心草小心翼翼的摘了下来。看着玄阴潭旁沉睡的林若薇，你轻声自语道：“若薇仙子，我虽然占了你的便宜，但也算是救了你，咱们就当是两不相欠了。”说完之后，你没有丝毫的犹豫，快步离开了这片山谷，离开了玄阴。 金坛之后，你就一路狂奔朝着云江城而去。同时，你查探了储物戒指之中的东西，各种灵药有数百种，提升修为和疗伤的各阶灵丹也有几十瓶，其中还有着几本玄阶武技。其中最珍贵的就是极乐童子所修炼的极乐玄功，乃是一门残缺的地阶功法。地阶功法在整个大离王国都极为罕见。你虽然不放在眼里，不过这些武技倒是可以拿来变卖。最让你看中的还是那一小堆灵石，总共三千六百二十一颗下品灵石。有了这些灵石，足以让你尽快突破到元丹境。极乐童子的这些灵药保存的极好，大部分都可以拿来炼制九。 红丹，不过还缺少几种灵药，需要回云江城购买。你的速度极快，没过多久就到了古月山脉的外围。不过你不知道的是，此时有一群不速之客朝着玄阴潭所在的那处山谷之中急速而去。很快，四道身影走入到了山谷之中。苏晨不在，你是何人？许刚的眸光一闪，顿时看到了玄阴潭旁边的林若薇。你们刚刚说的苏晨是什么人？林若薇神色冷淡，一副不容拒绝的语气问道：“小娘皮，你问苏晨做什么？你不会是苏晨那个废物的姘头吧？要不你跟着我回去，当我黑云寨的压寨夫人，岂不快活？” 哈哈哈，<laughs> 虽然没有找到苏晨，有些意外，但林若薇的绝代容颜让他内心无比火热，顿时生出了一种占有欲。找死！林若薇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她的掌心之中四道幽蓝色的剑气绽放，冰寒彻骨，刹那间朝着许刚四人笼罩而来。 只见血光闪烁，伴随着他们的惨叫声，他们的双腿被直接斩断。饶命啊！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触犯了大人，大人饶命啊！许刚四人无比的恐惧，连忙磕头求饶。苏晨是什么人？告诉我他所有的消息。林若薇冷漠的说道。苏晨，他是云江城苏家曾经的天才，但是几天前在古月山脉之中被妖兽重创，丹田气海破碎，成为了废物。许刚哪里还敢有丝毫的隐瞒，连忙将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说了出来。云江城苏晨吗？林若薇喃喃自语道，眼神中有着一丝惋惜之色。可惜了，丹田气海破碎，连我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若你还能修炼，我倒是可以助你踏上武道之路。现在看来，你还是做一个普通人比较好。林若薇心中略微失望。苏晨，但愿你能平安无事。等我处理了王都的事情，再来云江城寻你。他深深地看了云江城的方向一眼，然后凌空而起，朝着大离王都的方向飞去。而对这一切都不知情的你，则是安然无恙地返回了云江城之中。回到云江城的你，来到了万宝商会。这位公子想要买些什么？我们万宝商会各种灵器、灵药、灵丹，应有尽有。 看到你进来，顿时一个容颜俏丽的侍女迎了上来，笑着说道：“我想要无根火藤、烈阳花、萤火木、幽寒果、三色冰莲这五种灵药，不知道你们万宝商会可有？”那个侍女微微一愣，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冷淡了下来。“这位公子，你莫非是来消遣我的吗？这五种灵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不会是你瞎编的吧？你没有听说过，只能说是你孤陋寡闻。既然你不知道，就让你们商会的长老出来吧。见我们长老，就凭你也配？若你不是来买灵药的，那就赶紧滚出去，否则我可要喊护卫了。你的衣衫很普通，甚至还有残破的地方。” 以他毒辣的眼光来看，你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子弟，所以他只当是你来捣乱的。万宝商会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若是连这五种灵药都没有，万宝商会还真是名不副实。你的声音浑厚无比，瞬间就传遍了整个万宝商会。你大胆，竟然敢在万宝商会闹事！来人，给我将他赶出去！他的声音刚落，顿时几个身穿黑衣的侍卫冲了进来，全都是炼气境九层的修为。要知道，苏家的大长老也不过是炼气境九层的修为，但是在这万宝商会之中，竟然只是侍卫。你的眸光一寒，正准备出手时，一个身穿道袍、头发乱糟糟的老者冲了出来。是古岩大师，没。 没有想到古岩大师竟然出来了，这小子大闹万宝商会，古岩大师恐怕饶不了他。周围的众人看到那个道袍老者，顿时露出了无比尊敬的神色。古岩大师是这小子大闹我万宝商会，他爆出来的五种灵药，我根本都没有听说过，他肯定是来捣乱的。那个俏丽的侍女看到古岩大师之后，连忙走上来禀报道。 古岩大师的目光瞬间落在了苏晨的身上。小友寻找这五种灵药，莫非是要炼制九龙丹吗？你竟然知道九龙丹，你有些惊讶。九龙丹乃是上古丹药，早已经失传了。除了你的那位师尊之外，应该很少有人知道九龙丹才对。果然是九龙丹，小友可否入内一叙？老夫有事想要请教一二。 五言大师的眼睛瞬间亮了。大师，他明明是来捣乱的。那个俏丽侍女看着有些不对劲，但还是出声道：“混账东西！这位公子乃是老夫的贵客，你也敢得罪？你没有听说过？那是你孤陋寡闻！竟敢在这里败坏我万宝商会的名誉！”五言大师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抽在了侍女的脸上，他的眼神中却满是无比恐惧的神色，连忙跪下求饶：“大师，我错了，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但古岩大师根本没有理会他，依旧是无比热情地看着你，等待你的回复。可以，苏晨沉吟了片刻，点头道：“多谢公子，公子请随我来。”古岩大师大喜过望，连忙引着你朝着万宝商会的深处而去。那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让古岩大师如此看重九龙丹，没有听说过这种丹药啊！那个少年看来要发达了。万宝商会深处一间炼丹房内，正中央摆放着一个古朴的丹鼎，有浓郁的药香弥漫。炼丹房内随意的摆放着各种珍贵的灵药，不过丹鼎之中有焦黑的粉末，散发着呛人的黑烟，很明显是炼丹失败了。你走到丹鼎之前，看着那些焦黑的粉末，目光一闪道：“你这是想要炼制五龙化阳丹？公子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要炼制五龙化阳丹，莫非公子也是一位炼丹师吗？”古岩大师瞬间就激动了起来，算是吧，你点了点头。五龙化阳丹乃是简化版的九龙丹。 是以无根火藤、烈阳花、引火木、幽寒果、三色冰莲五种灵药为主炼制而成，能够化解至阴寒气。只不过你放药的顺序和控火的手法都不对，所以再练一百次你还会失败。你嗅了嗅那黑色的粉末，淡淡地说道：“放药的顺序和控火的手法不对，还请公子指教。”古岩大师眼睛一亮，瞬间朝着苏晨深深行了一礼。你的话让他感觉到心中的疑惑豁然开朗，但却有些抓不住解决的方法。无根火藤、烈阳花、引火木、幽寒果、三色冰莲这五种灵药，表面上看乃是阴阳两属性灵药，实际上却暗含五行之力。 五行相生相克，你若是逐一而放，顺序和火候稍有不对，就会功亏一篑。最好的办法是同时入丹顶之中，然后以五行控火术凝炼五行精华，将所有的杂质淬炼出来，一举凝丹。而你以阴阳控火术，想要催生阴阳之力，不失败才怪。若非你这个丹顶的品级不错，只怕你在炼制五龙化阳丹的时候，早就将丹顶给炸了。五行之力，五行控火术，妙啊！ 太妙了，我怎么没有想到？公子年纪轻轻，难不成还是一位丹道宗师吗？古岩大师恍然大悟，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你只是看了一眼他的丹鼎，嗅了嗅丹药残渣，竟然就完全指出了他炼丹的问题，并且还给出了完美的解决办法。这种丹道造诣，在他看来简直是惊世骇俗，恐怕只有丹道宗师才能够做到吧。但是十五六岁的丹道宗师，简直是闻所未闻。我不是丹道宗师，只不过略懂一二吧。你也不用感谢，将我需要的灵药给我，咱们就算是两清了。公子放心，这五种灵药，公子要多少我给多少。不过敢问一句，我观公子丹田气还有些。 些异样，公子要这五种灵药，莫非是为了炼制九龙丹？你是从何处知道九龙丹的？公子不要误会，我是从一处古籍之中得到了九龙丹的残片，所以有此疑问。看来公子是真的想要炼制传说中的九龙丹。没错，你是想要观摩吗？我我真的可以吗？你应该看出了我丹田气海破碎，如今只有肉身境九层的修为，无法亲自出手炼制九龙丹。我可以传授你九龙丹的丹方，你为我炼制九龙丹。太好了，古岩大师激动之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师尊在上，请受弟子古岩一拜。你起来，我没有说要收你为徒。您传授了我五龙化。 化阳丹的炼制之法，又要传授我九龙丹，这种授业大恩，我若是不报答，我古岩简直是猪狗不如，还请师尊成全。古岩大师的眸子之中满是狂热的崇拜之色，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以他毒辣的眼光，立刻就看出了你在丹道之上的超凡造诣。看起来他一个炼丹大师拜一个毛头小子为师，十分的不可思议，但他自己却知道这是他莫大的机缘，绝不能放过。看到古岩如此的诚恳，你沉吟了片刻，点了点头，道：“好吧，既如此，那我就先收你当个记名弟子。你起来吧，多谢师尊，还不知道师尊名讳，我叫苏晨。苏晨，莫非？” 师尊就是苏家的那个苏晨。古岩浑身一震。没错，我不是你以为的什么丹道宗师。你若是反悔，还来得及。反悔。 怎么可能？师尊乃是天纵奇才，等服下九龙丹之后，凝聚真龙气海，必将一飞冲天。可笑那苏家人眼瞎，竟然把师尊当成废物，真是该死！师尊，需不需要我替您出一口恶气？不用了，苏家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现在还是先炼丹吧，这是丹方，你先熟悉一下。片刻之后，古岩抬起头来，师尊，这九龙丹果真是夺天地之造化，我也没有想到师尊对于九龙丹的参悟竟然如此的深刻。这是九龙圣心草，炼制九龙丹的主药。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开始吧。是，古岩恭敬领命。他盘坐在丹顶。 之前，周身浩瀚的真气鼓荡，催动了丹顶周围的地火阵法，顿时熊熊火焰燃烧起来。 将丹顶笼罩，古岩神色凝重，根据苏晨的指引，双手飞速的结印，熊熊地火分化成五行之势，分别将五种灵药卷起进行淬炼。古岩的速度极快，不断的变换各种控火法门，忽快忽慢，火焰分化成丝丝缕缕，将所有的灵药笼罩，淬炼其杂质，只留下最为本源的精华药力，放入九龙圣心草。古岩衣袖一挥，最后颗九龙圣心草飞入到了丹顶之中，顿时听见一道苍茫而古老的龙吟声响起，在熊熊烈焰之中，九龙圣心草。 像是刹那间化成了九条细小的真龙，和周围的灵药精华融为一体。丹顶之中，火焰炽烈夺目，神光汹涌。那九条细小的真龙光芒璀璨到了极点，然后瞬间融为一体，各种力量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化成了一颗金色的丹药冲天而起。古岩的双手不断的交错结印，然后瞬间凌空探出，将那一颗金色的丹药抓在了掌心之中。师尊，九龙丹成了。古岩浑身颤抖，将九龙丹递给了苏晨。九龙丹通体金霞璀璨，上面有细微的龙纹浮现，气息威严而神。好，好，好！你连声说道。 此时你也是无比的激动，这九龙丹乃是你凝聚真龙气海。 修炼九龙战天诀的根基所在，如今终于炼制成功了。师尊，趁着九龙丹的药力，您就在这里修炼吧，我在外面为您护法。你心念一动，掌心之中的九龙丹瞬间进入到了乾坤顶之中，乾坤顶嗡鸣震战，有奇异的神光绽放开来。完美品质的九龙丹，这乾坤鼎果然逆天。你的眼神一亮，前世的时候你的师尊实力强大，所炼制出来的也只是上品九龙丹罢了。完美品质的九龙丹，绝对能够为你铸就无上道基。你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将九龙丹吞入腹中。九龙丹入口即化，刹那间一股浩瀚而磅礴的能量流。 遍布他的四肢百骸，最后朝着你的丹田气海汇聚而去。你的丹田气海已经破碎了，但是九龙丹的能量仿佛化成了九道真龙，和你的丹田气海融为一体，宛如混沌开辟一般，雷霆汹涌。你的丹田气海之中雾霭升腾，神光绽放。 九条古老的真龙像是从苍茫的虚空之中而来，占据了九个方位，盘踞在了混沌虚空之中，散发着浩瀚而神秘的龙威。你运转九龙战天诀，九龙丹的能量化成了一缕缕精纯无比的先天真气，让那九大丹田气海不断的被开辟出来，九大真龙气海凝聚成功，而你的修为也是从肉身境九层直接突破到了炼气境。你的血肉骨骼都被淬炼了一遍。与此同时，一股浩瀚的先天至阴之气从你的体内涌现而出，融入到了你的九大丹田气海之中，让你的修为开始不断的暴涨。炼气境一层，炼气境二层，炼气境三。 三层，这是林若薇的玄阴圣体之中所蕴藏的先天至阴之气。你心头一震，终于想了起来。林若薇是玄阴圣体和你一夕欢好之后，阴阳交汇，先天至阴之气也融入到了你的体内。只不过之前丹田气海破碎，而现在凝聚了九大真龙气海。 先天至阴之气瞬间化成了最为精纯的先天真气，推动着你的修为不断的暴涨。你缓缓睁开双眼，眸子之中有璀璨的光芒闪烁。练气境九层吗？那道先天至阴之气果真强大，竟然直接填满了我的一道真龙气海。你缓缓站了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师尊，你出关了。守在外面的古岩看到你出关，顿时又惊又喜。再看你的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练气境九层。我已经修复了丹田气海。 若是你有什么丹道上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苏家找我。多谢师尊。五言大喜，忽然他想到了什么，继续说道：“师尊，我炼制成功了五龙化阳丹，乃是因为邓城主的女儿身有寒症，需要五龙化阳丹。如今邓城主的女儿已经痊愈，他知道是师尊指点我炼制成功了五龙化阳丹，所以想要见师尊当面致谢。不知道师尊是否见他？邓城主吗？他应该感谢你。我就不见了。” 我先回去了，有事你可以来苏家找我。苏家小院之中，苏灵儿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捂着红肿的脸颊，双眼通红。苏灵儿，你老实交代，这玉佛是不是你偷的？要是再不老实，我就抓你去执法堂。对面一个身穿红裙、趾高气昂的刻薄女子冷笑道：“她是苏梅，算是苏晨的堂姐。以往没少巴结苏晨，但自从苏晨丹田气海被毁之后，她就转头投靠了苏瑶。我我没有。” 这玉佛是我买来的。苏灵儿听到“执法堂”三个字，脸色煞白。你买的这种品相的玉佛，我都买不起。你哪里来的银子？你就是从家族里偷的银子。这么不老实，我来替你娘好好管教一下你。苏梅冷笑了一声，道，然后扬起了手掌，就要朝着苏灵儿打来。就在此时，一道破空声传来，啪的一声，一道巴掌直接抽在了苏梅的脸上，将她抽飞了出去。欺负我妹，你们是想死吗？你犹如一头狂怒的狮子，冰冷的目光扫视着苏梅等人，心中充满了杀意。没有想到，刚刚离开几天。 苏家的人竟然又在欺负他的妹妹，真以为自己不敢杀人吗？哥哥，你终于回来了。这玉佛真的是我买来的，不是我偷的。你看着苏灵儿那红肿无比的脸颊，心痛无比，眸子之中涌现出了无比冰冷的杀意。是哪只手打了我妹妹？苏晨少爷，你不能对苏梅小姐动手，难道你不怕长老们的责罚吗？苏梅的几个护卫此刻也都是连忙冲了上来，想要拦住你。滚开！你眸光一闪，身影快如闪电，凌厉的拳印不断的轰出。那几个护卫无论是肉身境的武者，还是练气境的武者，纷纷倒飞了出去，口中狂喷鲜血不止。你要干什么？你你要是敢伤害我！ 苏瑶少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苏梅色厉内荏的说道，但还是难掩眼神中的恐惧之色。既然你不说，那就不用说了。你眸光冷漠，猛然脚踏出，苏梅的一只手臂瞬间碎裂，血流如涌，口中发出了无比凄惨的叫声。你又是一脚踏出，苏梅的另外一只手臂同样是血肉模糊碎裂了开来。苏晨，你大胆！ 一声怒喝声响起，苏元璋带着一群人怒气冲冲的闯入到了小院之中。大伯，救我呀！杀了苏晨，杀了这个废物！苏梅看到苏元璋出现，顿时就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大喊道：“苏晨，你竟然敢残害同族！看来无论如何，今日都饶你不得了！残害同族，这苏梅就是你指使的吧？谁敢欺负我妹，我就杀谁！你也一样！” 然后一脚踢在了苏梅的腹部，将她踢飞了出去。苏梅惨叫一声，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直接昏了过去。苏晨，你找死！来人，给我将苏晨拿下死，死活不论。苏元璋的眸子之中杀机毕露，他身后的那些侍卫全都是炼气境的强者，都是苏家的精锐。看到苏晨如此的跋扈，他也是铁了心要将你斩杀。很好，今日就不要怪我大开杀戒了。你的眸子之中弥漫了一层血色的杀意，眼前的所谓苏家精锐，甚至是苏元璋都没有被他放在眼里。眼见苏家如此的阴险无耻，你的耐心也快要被耗尽。既然苏家不仁，那就不要怪我不义了。住手！ 就在此时，小院之中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衣、身材枯瘦的老者。影叔，你为何要拦我？ 苏晨残害同门，罪该万死。苏元璋的脸色一变，顿时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苏家家主苏开山的仆人影子，对苏开山忠心耿耿，实力更是深不可测，疑似半步元丹境的强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子就是苏开山的代言人。苏家的几位长老都对其忌惮三分。家主有令，明日是家主的八十大寿，任何人不得闹事。苏晨之事，待家主大寿之后，家主自会处置。苏元璋虽然不甘心，但也只能点头领命。苏晨，就让你再多活几天。半步元丹境的修为吗？看来我那个便宜爷爷已经突破了元丹境。前世的时候，他的爷爷苏开山就。 就是这两日出关的，而且在八十大寿之上，正式宣布他突破到了元丹境，让苏家声势大涨。 家主让你这几日老实一些，虽然你变成了废物，他也可以保你一世平安。否则的话，后果就不是你能承受的。影子警告般的看了你一眼，然后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小院之中。若非是家主命令，苏家这样一个变成废物的后辈，他根本都不会多说一句话。哥哥，爷爷出关了，他是最疼你的。明天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我买了这一尊玉佛送给他，求爷爷为你疗伤，他肯定会答应的。这就是你买玉佛的用途吗？你心中一颤，涌现了一股暖意。苏灵儿使劲的点头，然后道：“今日我在街市之上看到有人叫卖一尊铁佛，我感觉到铁佛之中好像藏有什么，于是。” 是花了五百两买了下来，我砸开了铁佛，发现其中竟然有一尊无比精致的玉佛，但是没有想到苏梅竟然一路跟踪我，刚刚还想要抢我的玉佛，还好哥哥及时赶了回来。哥哥，你看这玉佛，爷爷一定会喜欢的。苏灵儿将怀中的玉佛献宝似的给了你，那尊玉佛三尺来高，通体如羊脂玉，晶莹剔,剔透，看起来栩栩如生的玉佛，让人看上一眼就感觉到无比的安宁祥和。你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无比震惊的神色，这尊玉佛之中仿佛有五色光芒绽放。 很像是传说之中的某种宝物，若真是如此的话，那这玉佛的价值无可估量。灵儿竟然能够发现这尊玉佛，莫非是他精神力天赋很强吗？先来验证一下玉佛，若真是如此的话，灵儿恐怕也是修炼奇才。这尊玉佛确实不错，明天爷爷八十大寿，我会给他一个惊喜的。你宠溺的说道，眸子之中有着一丝冷芒闪烁。你的那位便宜爷爷也是个刻薄寡恩的主，前世你一家人被赶出苏家就是苏开山默许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你的父亲，并非苏开山亲生，只是苏开山的义子。以前你天赋超绝，他自然对你颇为宠爱，而你的丹田气海被毁，成为了废。 苏开山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明天苏开山的八十大寿，你定会给他一个无比难忘的寿宴。你带着玉佛回到了房间，眸子之中也是露出了一丝期待之色。然后他掌心之中真气喷吐，一道凌厉的掌刀朝着玉佛斩落下来，炽烈夺目的五色光芒从其中喷薄而出，那是一团神秘的液体，流动着五色光芒，晶莹剔,剔透，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馨香,香。果然是五色神液！你的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五色神液乃是炼制无上神丹的宝物，一滴五色神液可以让人的灵魂脱胎换骨，精神力暴涨，成为无上修炼奇才。你没有丝毫的犹豫，猛然一吸，顿时那一团五。 五色神液直接被你吸到了腹中，犹如开天辟地一般，五色神液在你的体内绽放出炽烈夺目的光辉，刹那间分化成了两道洪流，道冲霄而起，融入到了你的识海之中，将你的精神力包裹起来，不断的淬炼；另一道则是融入到了你的丹田气海之中，化成了浩瀚而磅礴的先天真气，不断的充盈着你的丹田气海。两道古老而苍茫的龙吟声响起，你的丹田气海之中，九大真龙气海。 又有两道气海被先天真气充满，像是化成了两条真龙一般玄妙莫测。你的气息变得愈发的深不可测，而五色神液之中蕴藏的灵气并不多，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浩瀚的精神能量。你的精神力原本犹如薄雾一般，和普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在融入了五色灵液之后，你的精神力越来越浓郁，到最后犹如浩瀚的洪流一般汹涌澎,澎湃。 而后，璀璨的金霞绽放，浓郁到了极致的精神力逐渐的凝聚成了一尊金色的小人。虽然面容有些模糊，但看起来却和你极为的相似。这是五道元神六阶的精神力。你缓缓睁开双眼，两道金色神光射出，摄人心魄。要知道，你原本的精神力不过是一阶罢了，没有想到那一团五色神液竟然让他的精神力脱胎换骨，直接凝聚了六阶的精神力。六阶精神力那是堪比武王境界的精神力，只有单道宗师才能够达到的境界。拥有了六阶精神力，对于你来说，在突破到武王境之前已经没有了任何的修炼瓶颈。明天就是苏开山的八十大寿了，就让我。 最后一天再叫你爷爷吧。明天之后，我拿回神武令就会离开苏家，我们恩断义绝。苏开山毕竟曾经对你不错，有养育和教导之恩，你还是很难狠下心来去对付苏开山。你的掌心之中光芒闪烁，一个白玉瓷瓶浮现了出来，里面有着一些晶莹剔透的液体，就让这瓶灵液回报苏开山这些年的养育和教导之恩吧。第二日，整个苏家张灯结彩，各路宾客纷纷,纷前来道贺，好不热闹。苏家作为云江城三大家族之一，尽管这些年有些衰落，但是底蕴还在。云江城的各大家族、武馆、镖局纷纷都是派人前来道贺。苏开山身材高大红。 红光满脸，看着众多的宾客，心中十分的自豪。两个儿子都很争气，孙子孙女的修炼天赋也是不凡。尤其是苏瑶，天赋超绝，已经被神武学院注意到，恐怕要不了多久，苏瑶就要进入神武学院了。这是苏家的荣耀，也是他苏开山的荣耀。家主、二夫人和陈少爷。 灵儿小姐道：“就在此时，大管家前来禀报。”苏开山脸上的笑容一致，若说苏晨是他曾经的骄傲，那现在的苏晨就是苏家的废物和耻辱，也是他心中无比厌恶的存在。正是因为苏晨丹田气海被毁，让苏家也成了云江城的笑柄。不过今日之后，苏家将会重新兴盛。至于苏晨，正好可以成为苏瑶最好的垫脚石。没有眼力见的东西，苏晨那个废物来就来了，随便找个吓人的桌子让他们坐下就是。难不成还要让爷爷亲自去迎接他们吗？苏峰对着大管家呵斥道。大管家看到苏开山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心中暗叹了一声：“你滚去迎。” 迎宾，我来招待他们。苏峰忽然眼珠子一转冷，冷笑了一声，道：“他朝着外面走去。你和苏灵儿正好从外面走进来，你们跟我来吧。”柳寒烟看着远处迎宾的苏开山，眼神一暗，但还是强笑着道：“有老小峰了，二婶，我们没那么熟，不要叫我小峰，你们就坐这吧。”然后将他们带到了寿宴的最后位置，随意指了指苏峰：“我们是给爷爷祝寿的，你怎么能如此欺辱我们？”苏灵儿无比的委屈，眼前的这个苏峰以前可没少巴结苏晨，巴结他，谁能够想到现在竟然如此的势利眼，欺辱？你想多了，中堂之内都是我苏家的贵客，你们若是冲撞了他们，就是丢了我苏家的脸。 这里才是你们的位置，都给我老实一点！你无耻！苏灵儿无比的愤怒。算了，灵儿，我们就坐在这里吧。柳寒烟苦笑了一声，阻止了苏灵儿。你的眸子之中闪过一丝寒芒，不过也并未多说什么，而是径直坐了下来。云江城城主邓涛恭贺苏家主八十大寿，送上神女祝寿图一幅。就在此时，一道宏大的声音响起：“什么？”苏开山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他没有想到云江城的城主竟然亲自前来为他祝寿。他本以为城主府能够派人前来祝寿就已经很难得，没有想到邓涛竟然亲自前来了。爷爷，邓城主都亲自前来为。 为您祝寿了，可见邓城主对我苏家也是无比的重视、啊。苏峰无比激动的说道：“不错，你们都随我一起迎接贵客。邓城主大驾光临，我苏家蓬荜生辉啊！苏老哥客气了，你八十大寿，我若是不亲自前来，那也太怠慢了。苏家主太有面子了，邓城主可是从来不参加这种宴会的。”苏开山也是受宠若惊，他根本没有想到平日里那个儒雅冷漠的邓涛，竟然对他如此热情，称呼他为老哥，这种待遇整个云江城都是独一份。多谢邓城主，邓城主里面请。苏开山心中飘飘然，连忙迎着邓涛朝着内堂之中走去。苏老哥，不知道苏城公子在。 在哪里？苏晨，邓城主那个废物又哪里值得您关注？这是我妹妹苏瑶，苏家的武道天才。苏峰听到邓涛提到苏晨，忍不住插嘴道：“我和林祖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 苏瑶小姐是不错，但我最想要见到的还是苏晨公子。被邓涛呵斥，苏峰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眼神中掠过一丝怨毒的神色。而苏瑶的眼神中也是露出了一丝意思。邓涛竟然对苏晨如此看重，邓城主找苏晨有何事？他就在那里。苏开山也是无比的狐疑，但还是指着苏晨所在的位置。看到苏晨坐在寿宴的最后，邓涛身边那个面遮轻纱的女子轻声道：“爹爹，我们去那里坐吧。”看到苏晨的位置，他自然就明白了苏晨在苏家的处境，心中不由得冷笑了起来。邓城主，您是我苏家的贵客，理应上座，哪里能坐在那里？不必了。邓涛的。 语气都变淡了许多，和女儿邓若彤一起朝着苏晨的方向走去。苏开山还想要再劝，但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唱和声响起。万道商会长老古岩大师前来祝寿。什么？苏家之中所有的宾客都是震惊了。万道商会的古岩大师，他竟然也来为苏开山贺寿。苏家主的面子太大了，这可是一位比邓城主的分量还要高得多的大人物。快去看看！众人都是沸腾了。苏开山也是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古岩大师竟然来了，那可是他需要仰望的大人物。邓城主在其面前都要恭恭敬敬的。担道大师，爹，那可是古岩大师啊，我们快去迎接。苏元成和苏元璋都是激动的说道：“好，好，好，快去随我迎接古岩大师。”苏开山顾不得邓涛，连忙带着苏元成等人朝着外面快速走去。不知古岩大师前来，我苏家有失远迎，还望大师恕罪。苏老弟不必客气，我听说苏家出了一位天骄，所以特此前来道贺，还请苏老弟不要怪我不请自来。 苏开山更是受宠若惊，连道不肯。他没有想到古岩大师竟然如此的平易近人，远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生人勿近。不过提到苏家的天骄，他的脸上就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下意识的认为古岩大师口中的苏家天骄是苏瑶。苏瑶天赋不凡，觉醒了玄冰灵体，如今修炼速度一日千里，不日就要突破到炼气境九层。古岩大师谬赞了。 这位就是我苏家的天骄苏瑶，还请大师多多指教。晚辈苏瑶见过古岩大师。苏瑶欠身一礼。嗯，不错。古岩大师随意的嘟了他一眼。苏老弟不知道苏晨公子在哪？苏晨、苏开山和苏瑶等人都是眉头一皱，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为何古岩大师也要找苏晨？古大师，苏晨只是我苏家的一个废物，根本不值得您关注。苏瑶才是我们苏家的天之骄女。苏元璋连忙说道。没错，古大师，苏晨那个废物丹田破碎，根本没有任何修炼的天赋。而苏瑶不日即将前往神武学院。苏峰也是说道。什么时候苏家的？ 小辈竟敢如此的无礼！我和苏开山说话，你们也配插嘴？同时，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朝着苏元璋和苏峰笼罩了下来。 苏元璋和苏峰浑身一颤，顿时感觉到像是有一座大山压来。武宗苏开山浑身一震，眼神中满是无比敬畏的神色。他原以为古岩大师只是元丹境巅峰的修为，但却根本没有想到古岩大师的修为竟然达到了武宗境。武道大宗师再加上古岩丹道大师的身份，整个云江城谁敢得罪？古岩大师恕罪，苏晨就在那里。苏开山虽然不知道古岩大师找苏晨干什么，但还是连忙说道。古岩大师看到苏晨坐在寿宴的最后一桌，目光一闪：“苏家主，我就坐在那里吧。”然后不等苏开山说些什么，他就大踏步而去，朝着苏晨走了过去。众人。 人都愣住了。 之前邓城主前来祝寿也是要找苏晨，而现在古岩大师也要找苏晨。苏晨不是丹田气海破碎，已经变成了废物了吗？怎么能让这两尊大人物如此的看重？不用理会他，丹田气海破碎，就算是古岩也不可能为他修复。他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威胁。”苏瑶冷漠的说道，但他眼神中的一丝寒意和慌乱闪过，还是显示出了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见过苏晨公子，见过夫人。古岩大师不必客气，请坐吧。苏晨公子，多谢你救了小女一命。”邓涛对着苏晨认真的说道。没错，若是没有苏晨公子，老夫也无法炼制出五龙化阳丹，更无法为。 为邓小姐疗伤，古岩大师也是笑着说道：“怪不得邓城主和古岩大师对苏晨如此重视，这个苏晨竟然走了狗屎运救了邓子辰小姐。邓小姐可是我云江城的第一美人。” 只是传闻他天生寒症，身体虚弱，一直无法痊愈。听说古岩大师一直在为邓小姐炼制丹药，寻找各种灵药。或许是苏晨寻到了古岩大师所需的灵药，看来应该如此了。原来是救了邓小姐呢。这个废物怎么会这么好的运气？原来如此，苏开山心中一松，当即就不以为意了。邓城主和古岩大师这等大人物，又岂是苏晨能够巴结得起的？现在虽然对苏晨重视，但苏晨不过是个废物，转眼间就会把苏晨给忘了，不足为虑。很快寿宴开始，苏开山一袭寿袍，十分的志得意满。不过苏开山还是感觉到有些遗憾，若是邓城主和。 和古岩大师能够坐在主桌就好了，但是他们偏偏跟苏晨那个废物挤在一起。现在他看苏晨是越来越讨厌了。酒过三巡，很快就到了苏家子孙为家主祝寿、敬献寿礼的时候。 苏峰一马当先，爷爷孙儿为您准备了一颗千年何首乌，竟然是千年何首乌，这可是三阶灵药，能够炼制三品灵丹的存在，而且有一丝延年益寿的效果，价值十万两白银。苏峰还真是下了血本呢、啊。苏开山看着这个宝贝孙子，笑呵呵地说道：“好，好，好，这千年何首乌十分珍贵，你不愧是我的好孙子。爷爷，我为您准备了一颗三阶灵丹——长春丹，能够增加三年寿元，乃是古岩大师亲手炼制的宝物。他一出现，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苏瑶是苏家少主，天赋无双，年仅十五岁就已经是炼气境的武者了，而且据说身怀特殊的。 灵体未来不可限量，更不要说苏瑶容颜绝美，和邓紫辰并列为云江城的两大美人，是许多少年心中爱慕的对象。而她拿出来的礼物更是让众人震惊，三阶灵丹无比的珍贵，价值百万两以上白银，甚至是有价无市，根本买不到。而且正主古岩大师就在这里，苏瑶敢说是古岩大师炼制的丹药，那就不会有假。长春丹，苏开山也是不由得猛然站了起来，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他的目光不由自主的看向古岩大师，古岩大师看到苏瑶手中打开的玉盒，淡淡的点了点头，道：“是我炼制的长春丹，瑶儿真不愧是我的好。” 好孙女，苏开山颤抖着接了过来。他已经八十了，如今不过刚刚突破到元丹境。若是没有意外，他这一辈子都很难突破到武宗之境。但是有了这颗长春丹，他就有了一丝希望，突破到武宗之境就能有两百年寿元。对于武者来说，那是根本无法忍受的诱惑。 爷爷，苏瑶妹妹为你准备了长春丹，可见苏瑶妹妹的孝心。就是不知道二婶和苏晨这一次准备了什么礼物。爷爷平时对你们那么疼爱，你们这一次不会是空手而来的吧？众人顿时看向苏晨，眼神中满是古怪之色。礼物倒是准备了一份，此乃长春延寿灵液一瓶，乃是我亲手配制而成，能够让重伤垂死之人伤势境遇，并且可以提升十年寿元。 苏晨的话音一落，邓城主和古岩大师的眼睛都是亮了起来。苏晨，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这明明就是长春灵液，一百两银子一瓶，你竟然敢说是什么长春延寿灵液？苏峰抓过玉瓶，打开闻了闻，然后冷笑了一声，道：“没错，苏晨，你以为你是丹道大宗师吗？延寿十年寿元的灵丹，就连古岩大师都未必能够炼制出来。你当着古岩大师的面前如此大言不惭。”苏元璋也是冷笑了一声，道：“这苏晨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吧？”众多宾客也都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能够提高十年寿元的灵丹，那是何等的至宝，他们连见都没有见过，而且他们也都认得苏晨那所谓的长春延寿灵液，分明就是市场上最普通的长春灵液，只能够对一些轻微的伤势有作用罢了。 既然你们不信，那就算了。你淡淡的说道，然后转身就要走。别走啊，苏晨堂弟，你既然说你这长春延寿灵液能够让重伤垂死之人伤势痊愈，还能延寿十年寿元，要是不证明一下，岂不是说我们诬陷你？他就是要看苏晨颜面扫地，这样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挑战苏瑶？来人，找一条老狗给我打个半死，拖过来。很快，他的一个护卫走了进来，手中拎着一条苍老的黑狗，此刻被打断了四肢脏腑，也受到了重创，明显是快要一命呜呼了。苏晨，是你自己来还是我来？苏峰嘲讽的说道。一群坐井观天之辈，既然如此，那我成全你们。你说完之后，从玉。 瓶之中倒出了一半的灵液，走到那条黑狗的面前，给它服了下去。黑狗喝了之后就躺在了那里，不再挣扎，呼吸都变得微弱了起来。这黑狗不会被你毒死了吧？哈哈哈,哈！什么延寿灵液，真是笑死人了。但很快它就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笑声戛然而止，瞪大了眼珠子，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黑狗的体内有璀璨的光芒绽放。 磅礴的生机弥漫开来，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黑狗断了的四肢在重组，被重创的脏腑在恢复，甚至于连掉光了毛的身体都长出犹如绸缎子一般的毛发。很快，黑狗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竟然比之前还大了一圈，犹如一条健壮的牛犊子。连黑狗掉了的牙齿都长了出来。这种起死回生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是惊呆了。明眼人一眼就看了出来，这黑狗不光是起死回生，而且像是焕发了第二春。那灵液真的有延寿的作用。顿时，所有人看向苏晨手中的玉瓶，眼神中都是充满了无比炽热的光芒。能够起死回生而且延寿十年的灵液，那。 是堪比六阶灵丹的至宝，价值无可估量。就是将整个云江城卖了，恐怕都不一定能够买得起这一瓶灵液。这怎么可能？苏峰和苏瑶瞪大了眼睛，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苏开山看着苏晨手中的玉瓶，眼神中满是无比贪婪的神色。能够延寿十年的灵液，或许能够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直达武道大宗师之境。到时候他就能够拥有两百年的寿元。好孙儿，你的心意爷爷都明白了。这长春延寿灵液，爷爷就收下了。 苏开山目光炽热，伸手就朝着玉瓶抓去。但是你直接将玉瓶收了回去。既然你们认为此物不堪入目，不配出现在这寿宴之上，那就算了吧。我看这条黑狗倒是和我颇有缘分，就给他服用吧。然后将玉瓶之中的灵液全部倒入了那条黑狗的口中。苏开山的手顿时僵在了半空中。苏晨这是在羞辱他呀！他心中涌现出了滔天的怒火。那可是长春延寿灵液，能够增加十年寿元的无上至宝，被他就这样错过了，心中悔恨交加。古岩大师也是满脸的可惜之色。然后他扫视了苏开山等人一眼，冷笑道：“苏晨公子的丹道造诣，连老夫我都无。” 无比的佩服，他能够炼制出长春延寿灵液毫不奇怪。可笑你们苏家一个个耳聋眼瞎，连真龙都不认得，可笑可叹。没错。 苏晨公子的丹道造诣出神入化，若非他的指点，五言大师也无法炼制出五龙化阳丹为小女疗伤。苏家竟然如此对待苏晨，真是让人耻笑。杨灵儿，我们走吧。然后他扶起了柳寒烟和苏灵儿，一起就要转身朝着苏府之外走去。众人看向他们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复杂之色，而看向苏开山等人的眼神中满是幸灾乐祸。站住！苏峰目光通红，猛然一声暴喝道，他身形一闪就拦在了苏晨的面前。苏晨，你竟然敢对爷爷不敬，还将给爷爷的寿礼喂了狗，跪下向爷爷赔罪，否则今天你哪都别想去。对爷爷不敬，分明是你们不要我。 狩脸，更何况你这种废物也配拦我？你找死！苏风顿时就被苏晨激怒了，眸子之中杀意弥漫。苏风催动了体内的真气，施展出黄阶中品武技玄冰掌，爆发出了最强的战力，想要将苏晨镇压。太弱了！你淡淡的说道，而后轻飘飘的一掌拍来。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你一巴掌抽在了苏风的脸上，苏风口中惨叫，半边脸肿胀，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直接昏死了过去。你你的丹田气海竟然恢复了！苏瑶的口中发出了一道难以置信的惊呼声，她原本冷若冰霜的面容。 再也难以保持平静，眼神中充满了震惊。苏晨的那一掌分明带着真气波动，这说明苏晨的丹田气海已经恢复了。什么？众人也都是震惊了。苏晨的丹田气海破碎，沦为了废物，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怎么可能恢复如初？六阶灵丹哪里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是不是让你失望了，苏耀？我说过，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我都会让你全部还回来。 苏晨盯着苏瑶，眸子之中有着一丝锋芒之色。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面对苏瑶，他都是难以释怀。他不知道为何人心险恶至此，为何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可以如此的理所应当。他要当众摧毁苏瑶的一切，他要弥补所有的遗憾。苏晨，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恢复了丹田气海，但是你都不是我的对手，你必死无疑。苏瑶死死地盯着苏晨，声音都变得有些尖利了起来。 甚至还隐藏着一丝颤抖，苏瑶害怕了，是吗？那就生死台上见分晓吧。”苏晨淡然说道。“苏晨，不用等到一个月以后了，明天你我上生死台，你敢吗？”苏瑶寒声道。“可以，那就明天吧。”苏晨淡淡的说道。他和苏瑶的恩怨是该做一个了结了。苏晨扶着柳寒烟和苏灵儿一起离开了苏府。没错，苏晨公子的丹田气海已经恢复了，不过却并不是老夫之功。 苏晨公子的丹道造诣还要超过老夫，你们苏家为了一个苏瑶，甘愿放弃一条真龙，真是愚蠢至极。老夫炼制的春风化雨丹，我看你苏开山也没有资格服用。告辞了。古岩大师冷笑了一声，道：“转身朝着苏晨追去。”苏家还真是有眼无珠啊！苏晨公子如此天纵奇才，竟然被你们当成了废物。既然苏晨公子走了，那本座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来人，将神女祝寿图带走，我们打道回府。 邓涛同样起身，扫视了现场的众人一眼，最后目光落在了苏开山的身上，冷笑了一声，转身拂袖而去。谁都没有想到，古岩大师和邓涛城主竟然会为了苏晨直接和苏家翻脸，如此的不给面子。众多宾客，尤其是王家家主，看向苏开山的眼神中满是同情和嘲讽之色。这下苏家麻烦大了。关于苏晨在苏家的遭遇，他们也有所耳闻。本来是苏家少主，天赋无双。 但是因为，在古月山脉之中被兽群围攻，毁了丹田气海，沦为了废物，所以被苏家废除了少主之位。虽然苏家的做法过于无情，但是谁也不会为一个废物去主持公道。而如今，苏晨不但不是废物，反而恢复了丹田气海，更是古岩大师口中的丹道奇才，未来简直是不可限量。苏家还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苏晨，苏晨，苏开山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后猛然喷出了一口鲜血，口中怒吼了一声。 竟然是直接昏了过去，整个苏家一阵鸡飞狗跳。苏晨此刻却已经带着娘和小妹离开了苏家，身后古岩大师和邓涛先后追了上来。苏晨公子，苏家真是无情无义。不过那苏瑶天赋不凡，身怀玄冰灵体，实力强大。明天一战，你有把握吗？古岩大师问道。他知道苏晨不想让人知道苏晨和他的关系，所以在外人面前都是称呼苏晨公子。苏瑶。 不足为虑，苏晨淡淡的说道：“他如今开辟了九大真龙气海，修为达到了炼气境九层。别说是苏瑶，就算是元丹境的苏开山，他也能轻易击败。对于明日一战，他根本不会有丝毫的担忧。以苏晨公子的天赋实力，自然能够轻易击败苏瑶。不过有一件事不得不防。”邓涛城主缓缓说道：“哦，何事？”苏晨问道：“我听闻神武学院之中有一位大人物看上了苏瑶的玄冰灵体。” 有意要收他为徒，你若是杀了苏瑶，只怕会得罪神武学院的那位大人物。”邓涛认真的说道。提起了神武学院，就连他都是无比敬畏。神武学院乃是大黎王国的开国皇帝所建，在大黎王国的地位十分的超然，拥有着无数的武道强者。许多少年男女都以能够进入神武学院修炼为荣，所以苏晨的父亲得到的那枚神武令能够直接进入神武学院，才显得是那么珍贵，连苏瑶都无比的觊觎。 神武学院的大人物吗？我倒要看看是谁会为他撑腰。我要杀的人，谁也救不了。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区区神武学院罢了。学院之中的最强者，不过是一尊武王。前世在苏晨的面前，就连武帝都要恭恭敬敬的行礼。武王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给苏晨时间，莫说是武王，就算是超越前世的巅峰，甚至是破虚成神，也不是什么难事。苏晨公子果然好气魄。我看苏家苏晨公子是回不去了。 不如暂居我城主府如何？苏城公子的救命之恩，我还未报答，还请公子不要推辞。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邓子辰忽然轻启朱唇说道：“他那一双宛如星辰般的眸子，异彩连连，充满了敬佩之色。”子辰说的没错，苏城公子就请暂居我城主府吧。明日我陪你一起前往苏家神武学院，我也认得一些人，或许能够和那位大人物搭上话。邓涛思索了片刻，也是一咬牙道：“虽然明知苏晨得罪了苏瑶不是什么好事。” 甚至会惹来大麻烦，但是苏晨救了他的女儿，他也做不出忘恩负义的事情。而且他有一种直觉，苏晨绝非池中之物，总有一日会大放光芒。就当是他赌一把吧。那就多谢邓城主了。苏晨淡然一笑，道：“第二日，晨曦微露，云江城最中央的广场之上，一座古朴的擂台周围已经围满了看客，众人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的神色。今日是苏家少主苏瑶和苏家前少主苏晨的生死战。” 苏瑶和苏晨都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云江城之中都是极负盛名的天才。对于他们之间的恩怨，众人也都很清楚，所以这生死一战吸引了云江城的无数人前来观看。今日这一战，你们猜谁会赢？应该是苏瑶吧。苏瑶听说身怀玄冰灵体，实力强大无边。那苏晨丹田气海被毁，又如何会是苏瑶的对手？你这消息就落后了吧。昨日苏开山八十大寿，苏晨展现出了强大的战力。 据说丹田气海已经修复了，这一战可就有意思了。丹田气海修复了，莫非是古岩大师出手了吗？那苏晨还真是好大的运气啊！听说邓城主和古岩大师都对他高看一眼。是啊，所以这一战就精彩了。不过我还是更看好苏瑶，毕竟是玄冰灵体，天赋无双。苏晨和苏瑶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些。古老的擂台周围，众人都是兴致勃勃的议论纷纷。云江城的三大势力，苏家和王家的人自然早早都到了。 苏开山和王家家主彼此交谈，都是侧立在一个身穿云纹白袍的青年身边，陪着笑脸。而那个身穿云纹白袍的青年，一脸的倨傲之色，面容俊朗，目光凌厉而高傲，气息强大，和苏瑶并肩而立，犹如一对璧人。苏瑶师妹，看来你服下了林师兄送你的云灵丹之后，修为已经突破到了炼气境九层，可喜可贺。今日这一战没有悬念了。身穿云纹白袍的青年微微一笑，道：“多谢张师兄，请替我谢过林浩师兄。” 等今日这一战之后，我就会前往王都，进入神武学院。苏晨不过只是一颗小小的踏脚石罢了。”苏瑶淡漠无比的说道。苏开山感觉到苏瑶身上强大的气息，也是无比的兴奋。苏瑶被神武学院的一位大人物看上，那位大人物的真传弟子林浩，更是神武学院有名的天骄。这一次，林浩派师弟张坤前来，送给了苏瑶一瓶三阶云灵丹，让苏瑶在一夜之间连破数层修为，直接达到了炼气境九层。 苏晨不过是刚刚恢复丹田气海，充其量不过是炼气境一二层的修为，又如何会是苏瑶的对手？这一战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恭喜苏家主啊，出了苏瑶这一位天之娇女，只怕苏家未来离开云江城，前往王都，成为王都的大家族都很有希望了。王家家主看向苏开山的目光中满是羡慕的神色。哈哈，王家主过誉了，不过苏瑶确实是我苏家的天之娇女。苏开山哈哈大笑了一声，难掩脸上的得意。 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刺破云端，洒落在云江城之上，照耀的古擂台金碧辉煌。远处，一个身穿黑衣的少年，面容清秀，目光沉稳，缓步朝着古擂台走来。他的身后是柳寒烟、苏灵儿以及邓涛、邓子辰和古岩大师。苏晨来了，有人低呼了一声道。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苏晨的身上。张坤，他怎么来了？古岩大师的眉头一皱，看到了苏瑶身边的张坤。 神武学院的学生，邓涛也是脸色微变，看到张坤一袭云纹白袍，袖口的位置纹着一枚金色的小剑，那正是神武学院的标志。竟然有神武学院的学生来为苏瑶撑腰，看来要麻烦了。师尊，那个张坤是神武学院的弟子，他的师尊乃是神武学院一位实力十分强大的长老。今日若是击败苏瑶，最好留他一命。古岩大师神色阴沉，缓缓说道：“你和那张坤的师尊有仇？”苏晨察觉到了古岩大师的神色。 淡然问道：“我原本在王都的万宝商会，之所以会被排挤，来到云江城，就是因为张坤的师尊。他的师尊是一位武尊强者。”古岩大师苦笑了一声，道：“区区一个武尊罢了。等你成为丹道宗师，连武王都要对你敬上三分，武尊又算什么？”放心吧，这仇为师替你报了。苏晨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眸子之中锋芒无匹。他能够察觉到张坤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元丹境，但是那又如何？ 即便是张坤背后的那位武道尊者亲至，也不可能让苏晨低头。他缓缓迈步，踏上了擂台。苏瑶，滚出来受死！苏晨的声音清澈而激昂，轰然炸响。那个少女是谁？张坤看到了苏晨身后的苏灵儿，眼睛一亮。苏灵儿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容颜绝美，天真烂漫，已经是一个美人坯子了。张坤最喜欢这种豆蔻年华的少女，在王都之中就糟蹋了不少的少女，声名狼藉。 那是苏晨的妹妹苏灵儿，若是你喜欢，等我杀了苏晨，她就是你的了。苏瑶察觉到了张坤眼神中的炽热，淡淡的说道：“呵呵，那就多谢苏瑶师妹了。”张坤毫不客气的点头道。就在此时，苏晨的声音在擂台之上响起：“苏瑶，滚出来受死！”苏瑶的目光一寒，顿时脚下一点，犹如飞燕一般轻盈，掠出了数十丈，落在了擂台之上。苏晨，你真以为能够战胜我吗？今天。 我要告诉你，就算是你的丹田气海恢复了，你也同样是一个废物。”苏瑶讥讽道。轰！他周身气息鼓荡，至寒真气汹,汹涌澎湃，一身炼气境九层的修为爆发出来，让古擂台周围的气温都是瞬间下降了几度。四炼气境九层，苏瑶突破炼气境还不到一个月吧？确切的说，只有九天。九天就连破九个小境界，这种修炼速度简直是惊世骇俗。看来今天苏晨输定了。 众人都是惊呼了一声，道：“他们原本以为苏瑶最多不过是炼气境二三层的实力罢了，但却根本没有想到苏瑶的修为达到了炼气境九层。整个云江城，就算是老一辈的武者，很多都还在练气境蹉跎。苏开山也不过前不久刚突破元丹境。苏瑶的天赋，就算是放在天才云集的王都，也是极为恐怖了吧？炼气境九层，这就是你的依仗吗？苏瑶，这苏家少主之位，我根本不稀罕。” 你若是想要拿走就是，但你不该忘恩负义，不该折辱我娘，不该抢走我唯一的希望——神武令。今日前仇旧怨，我们一并了结。苏晨的目光锋利无比，蕴藏着无比冰冷的杀意。看到苏瑶，他就想起前世的屈辱，娘和小妹悲惨死去的遗憾，他永远都无法弥补的疼痛。所以，哪怕今天是天王老子来，都不要想阻止他杀了苏瑶。苏瑶必须得死。这个世界强者为尊，弱者只会抱怨不公罢了。 苏晨，要怪就怪你太过废物。今天你想死，我成全你。苏瑶眸光冷漠无比，淡淡的说道：“枪。”他身后一柄天蓝色的长剑出鞘，寒光弥漫，落在了他的掌心之中，锋芒无匹。玄阶下品灵气，这下苏晨公子有麻烦了。邓涛城主的脸色微微一变。兵器同样分为天地玄黄四阶，其中黄阶、玄阶和地阶兵器都是灵气，而天阶兵器则可以称之为神兵。 玄阶下品灵器，就算是元丹境的武者都没有多少能拥有的。苏瑶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兵器，以他练气境九层的修为，加上这柄玄冰剑，足以和元丹境的强者一战，甚至将其击败。苏晨该如何抵挡？杀！苏瑶的眸子之中寒芒闪烁，一剑横空而来，蕴藏着滔天的寒意，朝着苏晨斩落下来。浮光剑法，这是苏家的最强剑法，黄阶上品武技。苏瑶修炼了数年。 早已经修炼到了大成之境，配合上玄阶下品灵气玄冰剑，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浮光剑法，你修炼的还不到家。”苏晨淡淡的说道。他脚下流光一闪，并指如剑，一道炽烈而璀璨的剑光浮现出来，刹那间纵横虚空，朝着苏瑶斩落下来。苏晨的身影犹如鬼魅一般，在虚空之中竟然留下了一道残影，在那绚烂的剑光之下，更显得神鬼莫测。剑气外放。 如此的凝时，莫非苏晨的修为达到了元丹境吗？有人惊呼了一声道：“不对，不是元丹境，他只是炼气境的修为，只不过他的真气无比的浑厚，而且对浮光剑法的参悟达到了化境，这是传说之中的浮光掠影。”远处，苏开山脸色一变，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他是元丹境强者，修炼的就是浮光剑法，自然无比的熟悉。 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正是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浮光剑法大圆满才能够出现的浮光掠影。苏晨在浮光剑法之上的造诣，竟然比他还要高。轰！就在此时，苏晨的那一道剑光绚烂夺目，在瞬息之间就摧毁了苏瑶所爆发的漫天剑气。开 S 一二征，玄冰剑嗡鸣震战，苏瑶如遭雷击一般横飞了出去，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他没有想到苏晨的浮光剑法。 竟然如此的出神入化，没有什么不可能。苏瑶，接我一剑。”苏晨淡淡的说道，他的目光明亮而璀璨，一道凌厉的剑气从指尖射出，发出了一道古老的龙吟之声。众人的眼中仿佛有一条神龙从苏晨的指尖飞出，纵横虚空，快到了极致，朝着苏瑶射去。那一道剑气纵横九天之上，飘渺于虚空之中，犹如一道流光，蕴藏着强大而浩瀚的真气波动，让人无法生出抗衡的想法。 苏瑶的脸色大变，连忙举起玄冰剑想要抵挡，轰！剑气轰在了玄冰剑之上，玄冰剑嗡鸣震战，一股难以想象的神力袭来，苏瑶如遭雷击，手中的玄冰剑瞬间脱手而飞，而他整个人则是狠狠的砸在了远处的擂台之上，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气息变得萎靡不振了起来。你练气境九层？怎么可能？苏瑶的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的神色，要知道。 几天之前，苏晨的丹田气海破碎，修为跌落到了肉身境，还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短短的几天时间，苏晨不但丹田气海恢复，修为更是暴涨到了炼气境九层。尤其是那种恐怖的战力，让苏瑶更是难以置信。苏晨到底得到了何种造化？苏瑶，你败了。苏晨淡淡的说道。他不但是炼气境九层的修为，更是拥有着九大真龙气海，真气浑厚程度是苏瑶的数倍。 更不要说他还有着前世的经验和见识，击败苏瑶根本没有任何的意外。苏晨的话就像是一座压在苏瑶身上的大山，让苏瑶的脸色一白，口中又是喷出了一口鲜血。不，我不会败。苏瑶的眼神中满是不甘的神色，她的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颗黑色的丹药，被她一口吞了下去。而后，她周身的气息开始暴涨。爆元丹，不好！古岩大师的脸色一变，苏瑶服用的乃是三阶灵丹爆元丹。 虽然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会导致修为跌落，变得无比虚弱，但是服用爆元丹的一个时辰内，能够爆发出数倍的战力。苏瑶这是想要跟苏晨拼命了。苏晨，该死的是你！苏瑶的眼神中满是无比冰冷的杀意，她的伤势像是瞬间痊愈了，周身恐怖的真气鼓荡，手中的玄冰剑凌空而来，爆发出强大无匹的剑气，朝着苏晨笼罩了下来。狂风剑诀。 这是他所修炼的另外一种黄阶上品武技，需要以浑厚的真气来爆发出狂暴的剑气，让人无处可逃。远远看去，像是有一股狂风席卷而来，一道道剑气纵横虚空，将苏晨笼罩在了其中。苏瑶是对苏晨恨到了极点，所以拼尽一切也要将苏晨斩杀。so 苏晨的脚下一点，顿时轻盈的升腾而起，躲过了苏瑶这狂风暴雨的一剑。没用的，苏晨，以你炼气境的修为。 根本挡不住我的狂风剑诀。今日若是你跪下来求饶，我或许还可以饶你一命；如若不然，谁也救不了你。苏瑶的目光冰寒彻骨，冷声道：“他骨子里是无比骄傲的，所以他从来都没有把苏晨放在眼里过。尤其是苏晨丹田气海破碎之后，在他心中更是沦为了废物。但是现在这个废物竟然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战力，连他都险些被击败了，让他如何能够容忍？所以。” 若是苏晨跪在他面前痛哭求饶也就罢了，否则的话，他就要将苏晨彻底的斩杀。就算是服下爆元丹，你还是太弱了。苏晨的神色依旧淡然而平静，他自然看出了苏瑶服用的是爆元丹。这种丹药虽然能够在一个时辰内爆发出极强的战力，但是副作用极大，而且一旦受创，很有可能就是无法逆转的伤势，会损伤本源。苏晨，事到如今，你还要逞口舌之力吗？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 但是跟我比起来，你永远都是一个废物。”苏瑶怒声道，连漂亮的脸庞都变得有些狰狞了起来。“废物吗？也罢，那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废物。”苏晨淡淡的说道。他的掌心之中，真气汹涌，龙威弥漫，仿佛有一条金色的神龙盘绕，让他整个人都变得威严而神秘。而后，他一掌朝着苏瑶镇压下来，那一掌像是瞬间笼罩了天地。 伴随着古老的龙吟之声，犹如山岳一般浩瀚而恐怖。咔嚓！漫天狂暴的剑气在那一掌之下，竟然瞬间湮灭，摧枯拉朽，犹如纸糊的一般。玄冰剑又一次脱手而飞，插在了远处坚硬的青石地面之上。而苏晨那刚猛无匹的一掌，则是狠狠地拍在了苏瑶的胸膛之上。轰！苏瑶的胸膛塌陷，肋骨都不知道折断了几根，口中狂喷鲜血不止，瞬间横飞了出去。什么？众人都惊呆了。 古擂台周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们看到了什么？苏瑶服用了爆元丹，提升了数倍战力，拥有着几乎堪比元丹境的战力，对苏晨发动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但苏瑶还是败了。苏晨那一掌刚猛无匹，宛如一条真龙，又像是一座山岳，无坚不摧，拍飞了玄冰剑，破开了重重剑气，将苏瑶拍飞了出去。我败了。苏瑶脸色苍白如纸，披头散发。 看起来无比的狼狈，躺在擂台之上，站不起来了。他口中喃喃自语，看起来失魂落魄。他想不明白，为何他手段尽出，使出了各种强大的力量，但最终还是败在了苏晨的手中。苏瑶，我说过，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我都会亲手拿回来。你还有何话说？苏晨神色淡然地说道。他的掌心一吸，将苏瑶怀中的一方古朴令牌吸入到了掌心之中。那块令牌非金非玉，上面有着“神武”两个古篆大字。 看起来颇为不凡，正是神武令。持神武令可以直接加入神武学院，这是神武学院至高无上的信物。持神武令的人还会得到神武学院的全力培养，整个大黎王国都没有几块。如今神武令物归原主，苏晨，神武令是我的。你只是一个废物，你爹也是一个野种，并非苏家子弟，你有何资格获得神武令？还给我！苏瑶大急，怒声道：“你的神武令，哈哈！” 事到如今，你还真是死不悔改啊！既然如此，那你可以去死了。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就要出手将苏瑶彻底的斩杀。住手！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一袭云纹白袍，看起来迈向不凡的张坤纵身掠上了古擂台。放开苏瑶，将神武令给他。看在你天赋不错的份上，我可以饶你一命。张坤站在苏晨的面前，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命令道。 饶我一命，苏晨似笑非笑的问道：“这个神武学院的学生果然忍不住出手了。”“没错，苏晨，你罪大恶极，打伤苏瑶师妹，原本是罪无可赦。本公子宽宏大量，若是你将你妹妹献给我，我可以饶你一命，如何？”张坤傲然一笑，道：“他相信苏晨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他是神武学院的学生，神武学院是大敌王国的庞然大物，就算是王都之中的达官贵人都不敢得罪。” 一个小小的云江城，谁敢不从？在他看来，让苏晨献上妹妹，饶苏晨一命，已经是他给苏晨最大的恩德了。苏灵儿听到了张坤的话，顿时吓得花容失色。柳寒烟也是又惊又怒，没有想到这张坤竟然敢打苏灵儿的主意，把我妹妹献给你，就饶我不死。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虽然脸色依旧平静，但熟悉他的人却知道他已经动了真怒了。 他重活一世，最在意的就是父母亲人，绝不会让前世的悲剧重演。张坤竟然敢打苏灵儿的主意，让苏晨的心中瞬间涌现出了滔天的杀意。没错，苏晨，你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天赋还可以。把你妹妹献给我，我可以做主，让你当我的侍卫，将来未必没有进入神武学院修炼的一天。这是你的造化，你可要想清楚了。张坤淡然一笑，道：“他是神武学院的学生，在大离王都，想要成为他侍卫的人比比皆是。” 这个天大的造化，他相信苏晨不会错过。我想你妈，敢打我妹妹的主意，去死！苏晨的眸子之中杀机爆闪，猛然怒吼了一声道：“轰！”他周身狂暴的真气升腾，仿佛化成了一道龙形，缠绕在他的周身。而后他一拳朝着张坤轰去。这个张坤，该死！苏晨，你大胆！张坤又惊又怒，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敢对他动手。苏晨难道不怕神武学院吗？ 张坤拥有着元丹境的修为，体内的真气凝聚了五道元丹，真气浑厚无比，远胜炼气境的武者。他同样是周身真气鼓荡，手掌凌厉无匹，一道银白色的爪芒凌空迎来。天鹰爪，玄阶下品武技。他在天鹰爪之上静营数年，手掌堪比金铁，可以撕裂金石，无坚不摧。凌空朝着苏晨的手臂抓来，就是想要撕碎苏晨的手臂，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轰！ 刚猛的拳印和凌厉的爪芒瞬间在古擂台之上碰撞在了一起，咔嚓！只听见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无坚不摧的天鹰爪在碰到苏晨的拳印之后，竟然轰然折断。苏晨那一拳去势不减，直接轰在了张坤的手臂之上，将他的手臂都轰断了。啊！张坤的口中发出了一道惨叫，整个人轰然倒退开来。他捂着胳膊，脸上满是怨毒而痛苦的神色，更是充满了莫名的惊骇。苏晨的肉身太恐怖了。 宛如一尊人形凶兽，紧紧依靠着肉身之力，竟然破开了他的护体真气，将他的手臂都轰碎了。砰！苏晨目光冷漠无比，凌空一脚踢出，踹在了张坤的胸膛之上，将他踢飞了出去。敢打我妹的主意，今天谁都救不了你！苏晨目光阴沉无比，充满了冰冷的杀意。不好！苏晨，快快住手！邓涛城主的脸色一变，连忙出声阻止。邓城主，你要阻止我吗？苏晨抬起头来。 盯着邓涛，面无表情地说道：“触及到苏晨那凌厉的眸光，就连邓涛都是不由得心中一颤，感觉到头皮发麻。他还是低估了苏晨的战力，苏晨所表现的战斗力太恐怖了，就连元丹境的张坤都如此轻易地被苏晨击败了。但是张坤不能死在这里，苏晨公子，并非我要阻止你杀他。张坤身份特殊，他的师尊乃是神武学院的长老，而他所在的家族更是王都的四大家族之一，你杀了他会有天大的麻烦。” 邓涛诚恳地说道：“没错，是苏晨公子。张坤虽然出言不逊，但是你教训了他一顿就够了，还是饶他一命啊！”古岩大师也是出声说道：“神武学院的学生，四大家族的弟子很厉害吗？”苏晨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而看到苏晨犹豫了，并没有立刻下杀手，张坤的眼神中也是露出了无比怨毒的神色，道：“苏晨，识相的话就乖乖的放了我，并且把你妹妹献给我，否则的话。” 等我回到王洞，我就让你苏家满门诛绝，让你妹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好！邓涛和古岩大师都是心中一跳，他们没有想到张坤竟然如此的愚蠢，事到如今竟然还敢出言威胁苏晨，是吗？那你可以去死了！苏晨的眸子之中杀机一闪，然后轰然一拳爆发，咔嚓！他一脚踏出，浩瀚的真气轰然爆发，直接踏在了张坤的胸膛之上，震碎了张坤的心脏。你！ 张坤的眼神中露出了难以置信和不甘的神色，他想不明白苏晨怎么敢杀他，难道苏晨不怕死吗？神武学院和王都张家这两个庞然大物压下来，无论是苏晨还是苏家都会被碾成粉碎。苏晨哪来的底气敢杀他？但是他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了。心脏被震碎，他的眸子之中神采消散，片刻后就气绝身亡了。苏晨公子，你哎，你这下真的惹了大麻烦了。邓涛城主苦笑了一声，道。 他没有想到苏晨的性子竟然如此的刚烈，直接就杀了张坤。苏瑶，现在轮到你了。杀了张坤之后，苏晨的神色淡然无比，没有丝毫的触动，目光转移到了苏瑶的身上。苏瑶浑身一颤，脸色煞白无比。他也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的敢杀张坤。苏晨，你死定了！你杀了张坤，神武学院的长老，还有王都张家都不会放过你的。到时候不只是你，还有你娘、你妹妹都得死。 苏瑶状若疯狂，死死地盯着苏晨道：“我会不会死？可惜你是看不到了。”苏晨目光淡漠无比，嗖，<So, S 2> 他的指尖一道凌厉的剑气射出，刹那间洞穿了苏瑶的眉心，将他钉死在了擂台之上。而下方，苏开山、苏元璋、苏元成、苏峰等苏家人都像是吓傻了一样，王家家主以及其他的人都像是看到了瘟神一般，离他们远远的。所有人都知道，苏晨杀了张坤。 苏家是彻底都完蛋了，这个时候谁还敢和他们亲近？娘，小妹，我们走。苏晨神色平静无比，没有丝毫的担忧。走下擂台之后，扶着柳寒烟就要和苏灵儿离开这里。不，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杀了张坤，你走了，苏家怎么办？你要留下来给张坤抵命！苏开山如梦方醒，眼神中满是无比恐惧的神色。他恨极了苏晨，口中怒吼了一声，周身真气轰然爆发。 凌空一掌朝着苏晨拍来。原本苏家出了苏瑶这样的天之骄女，未来必定无比兴盛繁荣，即便是成为王斗的大家族也不是不可能。但现在所有的希望都毁在了苏晨的手里，苏开山怎能不恨？他含恨一击之下，仿佛要将苏晨直接毙于掌下。苏开山，你找死！苏晨的眸光一寒，猛然转身，浩瀚的真气汹涌而去，同样是一掌迎了上去。轰！两掌相交。 空气中发出了一道闷雷般的炸响，苏晨身形纹丝不动，而苏开山则是以更快的速度被震飞了出去。狂暴的真气涌入到他的体内，震伤了他的脏腑，让他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身形踉跄不已。看在你是我爹义父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苏晨和苏家一刀两断，再无瓜葛。苏晨盯着苏开山冷冷地说道，然后他转身而去。 苏晨，苏晨，苏开山口中怒吼，眼神中涌动着奇异的光芒，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在后悔，一口逆血喷出，整个人轰然晕倒了过去。家主，爹，苏家众人一阵手忙脚乱，但这一切都和苏晨没有关系了。杀了苏瑶之后，苏晨感觉到他两世的怨气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变得无比舒畅，几乎要忍不住长笑一声了。苏家的恩怨已经了结，至于苏开山等人的死活，他才懒得去管。 接下来，苏晨要好好的保护娘和小妹，并且要努力的冲击武道之巅。苏晨相信，这一世他必定能够超越前世的巅峰，甚至是破虚成神，飞升神界。要不了多久，我的那位师尊就会出现在神武学院了吧？看来我要抓紧前往神武学院了。苏晨心中暗暗想到，想到脑海中的那一道身影，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激。前世正是那位师尊将他从苦海之中救出，为他铸就了无上根基，让他得以崛起。 成长为纵横天下的九龙武帝，那是救命授业之恩，更是再造之恩，不能不报。苏晨公子，你杀了张坤，神武学院的那位长老以及王都张家必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过幸好你有神武令，你应该尽快前往神武学院，持神武令求见院长，争取成为院长的弟子，才能够保你安全。邓涛城主追了上来，对着苏晨认真的说道：“没错，苏晨公子，神武学院的院长乃是我大离王国的至强武王。” 定海神针一般的人物，成为他的弟子，不但能保你安全，更是大造化。我护送你一路前往王都。古岩大师也是认真的说道：“你们不怕神武学院那位武尊以及王都张家的报复吗？要知道，我现在可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苏晨淡然一笑道：“师尊，你说哪里话？虽然师尊杀了张坤会有麻烦，但是杀得好，这些纨绔子弟早就该死了。我古岩在王都也认识一些大人物，又岂会怕他们张家？” 古言大师说道：“他早就被苏晨的丹道造诣所折服了，心甘情愿的拜苏晨为师，又怎么会离苏晨而去？而且他相信，假以时日，以苏晨的天赋，必定能够崛起，成为最耀眼夺目的天骄。”邓涛城主苦笑了一声，道：“苏晨公子行事确实偏激了一些，不过少年义气也能够理解。而且你是小女的救命恩人，若是我弃之而去，那也太过忘恩负义了。如此，那就谢过邓城主了。” 苏晨深深的看了邓涛一眼，点头说道：“这个邓涛不错，若是有机会，倒是可以提携一二。”苏晨公子客气了，不过老夫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苏公子答应。”邓涛城主说道。苏晨道：“邓城主请讲。小女子臣也要进入神武学院修炼，所以烦请公子前往王都，能够带上小女。”邓涛诚恳的说道：“可以。”苏晨沉吟了片刻，点头道。 他能够看出，邓子辰虽然刚刚解除了寒症，身上没有什么修为，但是天赋不凡，疑似是一种传说之中的体质。若是进入到神武学院，修为必定能够突飞猛进。不过，这邓涛城主还真是好大的魄力，竟敢让邓子辰与他同行。多谢苏晨公子。面着轻纱的邓子辰，一双美目泛起光芒，笑着道谢。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离开云江城吧，争取在消息传到王都之前，我能够先进入神武学院。古岩大师催促道。 好，苏晨点了点头，道：“他虽然不惧怕神武学院的那位武尊和王都张家，但是他毕竟还有娘和小妹要保护。若是能够进入到神武学院，也算是给娘和小妹找到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了。”他们回到城主府，收拾了一些东西，然后骑着邓涛提供的二阶灵兽青灵马，直接离开了云江城，一路朝着大离王都而去。离开云江城，一路向北，穿过了绵延上千里的古月山脉，就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一座座大城星罗棋布。 再往北行数千里，就能够看到一座巍峨而古老的巨城，犹如巨兽一般蛰伏在大地之上，正是大黎王洞。作为大黎王国的都城，这座古城已经修建了上千年，历史十分的古老。城中人口数百万，十分的热闹和繁华。苏城公子，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一路上畅通无阻，仅仅用了三日就到了大黎王都。看着远处巨大的城门，清林马上的古岩大师微微一笑，道：“大黎王洞果然繁华。” 苏灵儿也是眨巴着大眼睛，惊叹的说道：“和大黎王都比起来，云江城简直就像是乡下的小土城。尤其是城门处排起的长队，等待入城的人都是非富即贵，一个个气质不凡。练气境武者遍地都是，元丹境武者也有许多。偶尔有骑着巨大妖兽呼啸而过，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身影，让人望而生畏。正是武宗、武道宗师、武道宗师，气血旺盛，实力强大。” 就算是在大黎王国的军队之中，都是执掌大军的将军，所以武宗享有特权，无需排队，可以直接入城。为了避免麻烦，古岩大师直接释放出了宗师气息，在众人羡慕和敬畏的目光之中，苏晨他们一行人顺利的进入到了王都之中。苏晨公子，今日天色已晚，神武学院已经关门了，我们暂且在万宝商会住下，明日前往神武学院如何？古岩大师询问道。可以。苏晨点了点头道。 万宝商会的背景深厚，实力强大，即便是在大黎王都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势力。所以，大黎王都的万宝商会总部在距离王城不远的地方，占据了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就连守门的侍卫，眸如鹰隼，身材矫健，气息强大，竟然都是元丹境的强者。古岩大师，您回来了。黑衣侍卫看到古岩大师，顿时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躬身行礼道：“大长老在吗？”古岩大师摆了摆手，淡淡的问道。 大长老不在商会之中，古岩大师，您回来的太及时了，快去看看吧。那位正在我们万宝商会闹事。黑衣侍卫苦笑了一声，道：“是谁？竟然敢在我万宝商会闹事？”古岩大师的眉头一皱，万宝商会势力强大，就算是王氏和神武学院都和万宝商会交好，谁敢在万宝商会闹事？就在此时，一道骄傲而清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姑奶奶，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你们若是没人能够炼制出混元灵丹。” 今日我就将万宝商会给拆了。小公主，古岩大师的眉头一皱，顿时感觉到了十分的棘手。从声音他就能够辨认出，里面的那个人乃是大黎王国的小公主，当今王上最宠爱的女儿，武道天赋强大，拥有特殊灵体，性格火爆，骄横跋扈。大黎王都之中根本没有人敢惹这位小公主。谁能够想到，这位无法无天的主竟然在万宝商会之中闹事？古岩大师虽然感觉到棘手，但毕竟是万宝商会的事情。 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混元灵丹，有意思。苏晨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他没有想到竟然能够听到混元灵丹这种古丹药的信息。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不动声色的跟了进去。万宝商会气势不凡的一座大殿之中，一个身穿红裙、手持长鞭、肌肤如玉、绝美无比，但却满脸傲然之色的少女出现在了苏晨的目光之中。周围有许多的顾客都在幸灾乐祸的指指点点。 而一群万宝商会的执事、侍卫，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都在苦苦劝说红裙女子。红裙少女正是大黎王国的小公主林青青。别跟我那么多废话，让玄冰那个混蛋给我滚出来！要是今日炼制不出混元灵丹，你们万宝商会我看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林青青满脸煞气的说道。“公主殿下，是哪阵风将您吹到我万宝商会来了？有话好说，千万别伤了和气。”古岩大师笑呵呵的走了进来，说道。 古岩老头，你不是被发配到云江城了吗？怎么回来了？也罢，万宝商会今天一个做主的都没有，你回来的正好。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可不会顾念我们之间的交情。林青青瞥了古岩大师一眼，冷笑了一声，道：“古岩大师，你可算回来了。事情是这样的，都是玄冰惹出来的祸。”旁边的一个执事看到古岩大师，就像是看到了救星，连忙跑过来解释道：“玄冰那个混蛋，竟然敢败坏我万宝商会的名声，真是该死。” 听完了黑衣执事的解释之后，古岩大师顿时怒不可赦。万宝商会除了神秘的会长和大长老之外，总共有四大丹道大师，古岩大师就是其中之一。而玄冰乃是另外一位丹道大师，是王都有名的丹道天才，年龄不过三十岁就已经成为了丹道大师。林青青得到了一张混元灵丹的古丹方，乃是三阶灵丹，能够助炼气境九层的武者凝聚武道元丹，突破元丹境。林青青找到了万宝商会。 原本是希望大长老为他炼制混元灵丹，但是大长老正好不在，而玄冰觊觎混元灵丹的丹方，保证要为林青青炼制出混元灵丹。只是混元灵丹虽然只是三阶灵丹，但炼制起来并非那么简单。玄冰失败了数次，最终到了和林青青约定的时间，玄冰交不出混元灵丹，索性直接躲了出去。这才有林青青前来万宝商会闹事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玄冰惹出来的。公主殿下，混元灵丹的丹方可否给老夫一观？ 玄冰没有炼制出混元灵丹，确实是他对不起你，让老夫来为你炼制混元灵丹如何？古岩大师苦笑了一声道：“哼，古岩老头，不是我看不起你，这混元灵丹，我看除了大长老之外，就算是你也炼制不出来。你想看，那就给你看吧。”林青青冷笑了一声道：“不过，他还是将混元灵丹的古丹方拿了出来，给了古岩大师。天精草、地黄木、万莲花这些灵药倒是不罕见，三阶灵丹。” 按理说，玄冰应该能够炼制出来、啊。古岩大师的眼神中满是狐疑之色。不对，帝皇木和乌羊藤这两种灵药怎么能够拿来炼制丹药？古岩大师忽然瞪大了眼睛，以他的老道，顿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帝皇木乃是木属性灵药，乌羊藤乃是至阳灵药，同时蕴藏着一丝火属性本源。乌羊藤十分的霸道，乃是用来炼制至阳属性的灵丹。但偏偏这混元灵丹乃是无属性灵丹。 火克木，乌羊藤天生和地黄木相克，若是进入丹鼎之中，立刻就会同时化为齑粉，根本无法并存。恐怕这就是玄冰无法炼制出混元灵丹的原因了。就连古岩大师一时间都是束手无策。怎么，古岩老头，你不要告诉我，连你也炼制不出混元灵丹？若是如此，我可就要拆了万宝商会了。林青青看到了古岩大师脸上的难色，冷笑了一声，道：“公主殿下，我确实炼制不出来。” 这混元灵丹无比的古怪，古岩大师苦笑了一声，刚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却被一道淡然的声音给打断了。“混元灵丹，我能够炼制，而且三个时辰后就可以给你。”苏晨淡淡的说道。顿时，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你是什么人？”古岩老头都炼制不出来，你能够炼制？难不成你是丹道宗师吗？”林青青的目光一闪，居高临下的看着苏晨，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 竟然敢如此的口出狂言，玄冰大师和古岩大师都炼制不出来，他难道还比这两位丹道大师强吗？这小子惨了，公主殿下可不是好惹的，他要是不给个交代，今天恐怕要被打个半死了。周围的众人议论纷纷道，眼神中满是幸灾乐祸的神色。我是苏晨，这混元灵丹我能够炼制，三个时辰后，若是我炼制不出来，任你处置。不过若是我能炼制出来，还请公主殿下给我一物。苏晨淡淡的说道。 何物？林青青问道。你的发簪？苏晨淡然一笑，道：“他之所以出手，除了是帮古岩大师解围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林青青的发簪。那颗镶嵌红色宝石的发簪，很像是苏晨见过的一种宝物。”小子，你好胆！林青青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手中的赤红色长鞭仿佛就要破空抽出去。“公主殿下，且慢！”古岩大师心中一跳，连忙拦在了苏晨的面前。“公主殿下。” 苏陈公子的丹道天赋极高，连老夫都自叹不如。他说能够炼制出混元灵丹，就一定能够炼制出来。老夫愿意为他作保。”古岩大师认真的说道。“你确定？”林青青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狐疑之色，不过还是放下了长鞭。“好，那本公主就给你三个时辰。若是你能够炼制出来，这发簪给你又如何？若是炼制不出来，本公主的手段，我相信你不愿意尝试第二次。”林青青冷笑了一声道。 周围的众人顿时一阵发抖。师尊，三个时辰内真的能够炼制出混元灵丹吗？帝皇木和乌羊藤相克，根本无法并存啊！万宝商会的炼丹房之中，古岩大师忧心忡忡地说道。最终，林青青答应了苏晨的条件。虽然古岩大师十分的感激，也相信苏晨的丹道造诣，但是对于在三个时辰内炼制出混元灵丹，依旧充满了担心。谁说帝皇木和乌羊藤相克就无法并存？ 今日我亲自炼制混元灵丹，你可要看仔细了。”苏晨淡然一笑，道：“师尊要亲自炼丹，好,好,好，好，好。”古岩大师浑身一震，顿时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道：“他还是第一次看苏晨炼丹。之前苏晨虽然指点了他，但是并未在他面前炼制过丹药。现在苏晨亲自炼丹，让他也是十分的期待。”万宝商会的人早就将各种灵药准备好了。苏晨坐在丹鼎之前，整个人的气势都变得不一样了。 自有一种宗师风范弥漫开来，让古岩大师眼神中的期待之色更加浓郁。轰！苏晨掌心之中金色的真气喷薄而出，面前的丹鼎嗡鸣震颤，熊熊的火瞬间燃烧了起来。他双手结印，不断的拍击而出，让丹鼎以一种奇异的节奏震颤。地火在他的手下温顺的犹如绵羊一般，分化成丝丝缕缕,缕，将丹鼎彻底的笼罩了起来。然后一株株灵药飞入到了丹鼎之中，被火焰一卷就淬炼出了杂质。 只剩下了灵药精华，苏晨炼丹宛如行云流水一般，充满了韵律感和美感，让古岩大师看得如痴如醉。他没有想到炼丹竟然还能够这么炼，他心中更加庆幸拜苏晨为师了。就连那位神秘的会长大黎王都唯一的丹道宗师炼丹的时候都没有苏晨这么流畅。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帝皇木、乌羊藤，两者相克，苏晨该如何处置？ 在古岩大师的目光之中，帝皇木和乌羊藤同时飞入到了丹顶之中，然后两道火焰发出了轻微的龙吟之声，竟然化成了两条火龙，直接将帝皇木和乌羊藤吞入腹中。浓郁的药香弥漫开来，灵药精华被淬炼出来。那两条火龙竟然各自吐出了一颗珠子，然后瞬间融为一体。这是传说之中的二龙戏珠控火法。古岩大师浑身一震，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撼的神色。二龙戏珠控火法。 传说之中，乃是上古时期的一代丹帝所创，玄妙莫测，能够夺天地之造化。他今日竟然能够看到传说之中的二龙系珠控火法，顿时，他看向苏晨的眼神中满是狂热的崇拜之色。轰！一个时辰之后，所有的灵药被淬炼完成，并且在丹顶之中沉浮，逐渐的融为一体。最后，只见炽烈的光芒喷薄而出，三道光团从丹顶之中飞出。苏晨伸手一抄，顿时三颗浑圆的赤色灵丹。 落入到了他的掌心之中，混元灵丹炼制成功了，这么快！古岩大师无比的震动。要知道，若是他来炼制混元灵丹，成败先不说，至少也要五六个时辰。而苏晨的速度比他快了五六倍，这是什么概念？丹道宗师恐怕也做不到吧？想学吗？苏晨看到了古岩大师的眼神，淡然一笑，道：“师尊，您真的愿意将二龙系珠控火法传给我？”古岩大师顿时激动了：“好好学吧。” 等你练成了，应该也就可以晋升丹道宗师了，莫要让我失望。”苏晨淡然一笑，道，然后挥笔将二龙戏珠控火法的法门写了下来，传给了古岩大师。“多谢师尊！”古岩大师激动的浑身发抖，没有立刻接下，而是恭恭敬敬的朝着苏晨三跪九叩，这才如获至宝一般将那页纸接了下来。“我们走吧。”苏晨将两颗混元灵丹收了起来，剩下的一颗装入到了玉瓶之中，准备交给林青青。这混元灵丹无比的玄妙。 能够让人凝聚出强大的武道元丹，对于苏晨也极有好处，正好可以助他修炼。他们离开了炼丹房，回到了大殿之中，才一个时辰就出来了。不要告诉我已经炼制出了混元灵丹！林青青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不善的盯着苏晨问道：“之前苏晨提出三个时辰，若非看在古岩大师的面子上，他早就狠狠的教训苏晨一顿了。要知道，玄冰大师足足用了九天时间都没有炼制出混元灵丹，甚至还躲了出去。” 他心中立刻就认为是苏晨在戏耍他，一个时辰炼制出混元灵丹，除非他是丹道宗师。没错，哪有那么容易？我看他是觉得太难，直接放弃了，这是想要请罪吧？请罪？晚了，等着瞧吧，公主殿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众人的眼神中满是幸灾乐祸的神色，一副看戏的样子。没错，我已经炼制出了混元灵丹。苏晨淡然一笑，道。 然后他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个玉瓶，打开之后，有浓郁的丹香从其中弥漫出。林青青的眼神中满是怀疑之色，但还是接过了玉瓶。玉瓶之中的灵丹被他倒了出来，通体赤霞，流动着奇异的光芒，丹香扑鼻，一看就不是凡品。林青青瞬间就瞪大了眼睛，真的是混元灵丹！眼前的这颗混元灵丹和他在古籍之中看到描述一模一样。什么？周围的众人也都是震惊了。 他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的能够炼制出混元灵丹。要知道，这才一个时辰，连古岩大师都束手无策，但是苏晨却在一个时辰内炼制出了混元灵丹。莫非他是一尊丹道宗师吗？苏灵儿无比崇拜和自豪的看着苏晨，这就是自己的哥哥。就连邓子辰也是木泛一才。苏晨，你究竟是什么人？林青青深深的看了苏晨一眼，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黎王都有叫苏晨的丹道奇才，这个名字。” 很陌生，苏晨没有回答林青青，而是淡然一笑道：“公主殿下，现在可以将你的发簪给我了吧？”发簪可以给你，不过我还有一种古丹方，不知道你能否炼制出来。”林青青没有丝毫的扭捏，直接拔下了那枚发簪，给了苏晨，然后郑重的问道：“苏晨接过发簪，轻轻抚过发簪之上的宝石，触手冰凉，沁人心脾，让他心中不由得一喜，果然是那件宝物。什么丹方？” 苏晨不露声色的收下了发簪，出声问道：“太阴化神丹。”林青青的口中吐出了几个字，而她的目光则是死死的盯着苏晨，眼神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太阴化神丹，周围的众人，甚至连古岩大师都是露出了疑惑的神色。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丹药。太阴化神丹，应该可以。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异色，但还是点了点头道：“太阴化神丹，乃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灵丹。” 能够为玄阴圣体疗伤，并且助玄阴圣体的精神力蜕变，突破到七阶精神力，从而突破到武王之境。所以，太阴化神丹虽然位列六阶灵丹，但是古岩大师也未曾听说过。只不过，苏晨想到了一个人——林若薇。大黎王国之中，只有长公主林若薇是玄阴圣体。玄阴圣体在突破武王境之前是不能破身的，一旦破身之后，原婴泄露，不但自身会受到极大的损伤，想要突破武王境也会极为困难。 这个时候就只能够借助太阴化神丹了。林青青想要炼制出太阴化神丹，恐怕也是为了长公主林若薇吧。不过苏晨也想到了，林若薇之所以破身，虽然是中了极乐童子的暗算，但总归是苏晨占了便宜。炼制出太阴化神丹，就当是帮林若薇一次吧。你既然是很好，苏晨，我记住你了。希望你真的能够炼制出太阴化神丹。若是如此，无论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林青青浑身一震。 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和震惊的神色。激动的是，他没有想到苏晨真的点头了；震惊的是，太阴化神丹乃是六阶灵丹，苏晨能够炼制出六阶灵丹，岂不是说他是一尊丹道宗师？虽然他心中难以置信，但是看着手中的混元灵丹，他还是鬼使神差的选择了相信。什么条件都可以。苏晨打量了林青青一眼，眼神中有着一丝古怪之色。都可以。今日天色已晚，明天我来万宝商会找你。 林青青的脸色微微泛红，有些羞涩，但还是大胆地看了苏晨一眼，然后转身离去。围观的众人也都是散去了。不过苏晨的名字已经被他们记在了心里，他们都准备回去查一查大力王都什么时候出了苏晨这样一位丹道天才。不过更多的人都不相信苏晨是丹道天才，毕竟他看起来太年轻了。而很多人都猜测是古岩大师炼制出了混元灵丹，只是不想得罪玄冰大师，所以才借用了苏晨的名字。 再加上古岩大师这一次返回了大黎王都，让他们心中更加的嘀咕：，莫非古岩大师的丹道水平突破了不成？丹道宗师！一想到这里，众人就忍不住浑身震动。丹道宗师，那可是连武道王者见了都会无比尊敬的大人物。整个大黎王都也只有万宝商会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会长是丹道宗师。如果古岩大师成了丹道宗师，那可是一件震动整个大黎王都的大事。多谢师尊为我万宝商会解围。 古岩大师看向苏晨的目光中满是感激和崇拜的神色，他越发觉得死皮赖脸拜苏晨为师这个决定无比正确了。苏晨所展现出来的丹道造诣让他叹为观止。原本他此生对于晋升丹道宗师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有苏晨传授的二龙系珠控火法，他又充满了信心。不用客气，好好修炼二龙系珠控火法，早日晋升丹道宗师才是正事。明天为林青青炼丹之后，我们就前往神武学院。 另外，万宝商会之中，若是有灵石，拿一些来给我修炼。苏晨淡然一笑，道：“灵石，师尊放心，虽然灵石珍贵，但是你要多少灵石，万宝商会就有多少灵石。”古岩大师自信的笑道。然后他吩咐几个侍卫跟他去宝库之中取了一万颗灵石，拿来给苏晨修炼。苏晨一行人也就暂住在了万宝商会之中。夜晚，月色如雪，苏晨拿出了从林青青那里得来的发簪。 果然是龙水晶，没有想到竟然还能够遇到这种宝物。苏晨看着那颗赤色的宝石，目光明亮无比。他将体内的真气输入到宝石之中，顿时宝石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其中隐约之间有一条小龙在游动。龙水晶乃是至少七阶以上的蛟龙妖兽死后骨髓孕育上万年才能够形成的天才地宝。这龙水晶不但能够让妖兽突破，更是对苏晨修炼九龙战天诀极有好处。有了龙水晶。 以及这些灵石，足以让我将九大真龙气海填满，将修为真正的推升到炼气境九层大圆满，然后就可以为突破元丹境做准备了。苏晨盘坐在床榻之上，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期待之色。轰！苏晨周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有威严的龙威弥漫，真气汹涌而出，仿佛形成了一片强大的吞噬漩涡。周围的那些灵石氤氲出丝丝缕缕的灵气，不断的朝着他的体内汇聚而去，让他的气息越来越强。大离王都。 张家，张家乃是王都四大家族之一，家主张红乃是兵部尚书，更是一位武宗强者。此时，一道消息传入到了张家之中。张家正堂之内，张红以及诸位张家的长老都在，一个个神色阴沉而冰冷。还有一个中年妇人，双眼通红，泪水连连，十分的悲切。最后，那苏晨杀了张坤少爷，事情就是这样的。下方跪着的一个侍卫将云江城之中传来的消息恭敬的禀报众人，老爷。 您一定要为宽儿做主啊！宽儿他才二十岁，那个苏晨好狠的心，您一定要杀了他！中年妇人的眼神中满是怨毒之色，跪下来对张红说道：“苏晨，苏晨！”张红脸色阴沉无比，猛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苏晨，一个乡下的卑贱蝼蚁，竟敢杀我儿！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张红的眼神中满是怒火，他涵养极好，很少动怒火，但是最疼爱的幼子被人所杀，他也是出离了愤怒。家主息怒。 苏晨确实该死，不过根据传来的消息，那苏晨已经赶到了王都，此刻就在万宝商会之中。苏晨是一个蝼蚁，但是据说他和古岩大师关系匪浅，而万宝商会更不好惹。张家的一个长老出声劝说道：“古岩大师，不过是一个快要埋进黄土里的废物罢了。不过万宝商会确实难办。”张红目光冰冷无比，他根本没有把古岩大师放在眼里，但是万宝商会却让他无比的棘手。 王氏都对万宝商会尊敬有加，张家虽然是四大家族之一，但也不敢招惹万宝商会。派人去神武学院找摩罗长老，坤儿是他的弟子，他总不能不管吧？万宝商会我张家惹不起，但是摩罗长老出手，苏晨必死无疑。张红冷笑了一声道：“家主所言甚是，摩罗长老不但是神武学院的长老，也是万宝商会的客卿，玄冰大师更是他的弟子。他若是出手，万宝商会也不好多说什么。”张家的众多长老。 都是纷纷点头道：“苏晨，你敢杀我儿？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让你娘和你妹妹死在你的面前，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张红的目光冰冷，充满了愤怒和杀机。清晨，呼，一道劈炼白气从苏晨的口中呼出，喷出了数丈远，宛如一条翻腾的白色蛟龙。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眸子之中神光湛湛。修炼了一夜，他没有丝毫的疲惫，反而显得更加的精神奕奕。 在龙水晶的帮助下，苏晨炼化了上万颗灵石，终于让他的九大真龙气海全部都被先天真气所充满。他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炼气境大圆满。接下来就是凝聚五道元丹，突破元丹境的时候了。如今的苏晨虽然依旧是炼气境，但是他拥有九大丹田气海，真气之魂后同阶无敌，哪怕是元丹境的武者都不是他的对手。接下来要突破元丹境，需要凝聚九颗五道元丹，需要一处灵气浓郁之地。 看来只有到神武学院之后，才能突破元丹境了。苏晨轻声自语道：“他记得神武学院之中有一处灵气无比浓郁的地方，正适合他突破。等今天为林青青炼制了太阴化神丹之后，他就前往神武学院之中。”轰！就在此时，苏晨居住小院的大门被一股巨力轰然踹碎了。“苏晨，给我滚出来！”冰冷的声音响起。 一个身穿赤色长袍、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身后跟着一群气息强大的侍卫，直接闯了进来。那群侍卫全都是元丹境的武者，一个个眸光锐利，周身煞气弥漫。而赤袍年轻人更是一位武宗。你是何人？苏晨的眸光一闪。本座玄彬。苏晨，或许你不认识我，但是张坤是我的小师弟。你竟然敢杀了我的小师弟，今天你必死无疑！赤袍年轻人冷笑了一声，道。 他就是万宝商会的玄冰大师，在他的师尊摩罗长老的命令之下，他亲自带着张家的侍卫来到了万宝商会之中，要擒杀苏晨。玄冰，就是那个骗了林青青的丹方躲起来的缩头乌龟。苏晨冷笑了一声，道：“他心中了然，只怕是云江城的消息已经传来了，张家不敢前来万宝商会，就让玄冰来抓苏晨。”苏晨，你找死！玄冰的眸光一寒，他没有想到苏晨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嘲笑他。 玄冰，你想干什么？这里是万宝商会，苏城公子是我万宝商会最尊贵的客人，你竟敢在此撒野！就在此时，古岩大师也着急的进来了。他看到玄冰带着侍卫闯了进来，就知道不妙，眼神中满是无比愤怒的神色。古岩，你少在这里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追究你私自潜回王都的罪过。他不过是一个卑贱的蝼蚁，也敢说是我万宝商会的贵客？他杀了我师弟，今天我要将他捉拿回去。你要是敢拦我！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玄冰冷笑了一声，道：“他根本没有把古岩大师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古岩就是一个糟老头子，武道天赋和丹道天赋平平，此生再无突破的希望了。而他玄冰乃是王都有名的丹道奇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丹道大师了，未来就算是突破丹道宗师也不是不可能。”玄冰，你你放肆！苏城公子不但是我万宝商会的贵客，更是公主殿下的贵客，你要是敢对他动手，公主殿下饶不了你。 古岩大师气得满脸通红，颤抖着指着玄冰说道：“公主殿下的贵客。”哈哈，古岩，你是越说越离谱了。苏晨一个云江城的废物，你护着他有什么好处？竟然敢说他是公主殿下的贵客！玄冰哈哈大笑了起来，眼神中满是毫不掩饰的讽刺之色。来人，给我上，死活不论！玄冰目光一冷，随即一声令下：“是。”周围的那些张家侍卫眸光冰寒无比，听到了玄冰的命令之后。 都是如狼似虎一般扑了上来，更是有几人直接朝着被吓得花容失色的柳寒烟和苏灵儿扑去。你们找死！苏晨的眼睛里煞气弥漫，轰！他周身真气爆发，脚下坚硬的青石轰然崩碎，他瞬间腾身而起，挡在了柳寒烟和苏灵儿的面前，而后双拳齐出。砰！那两个元丹境的武者脸色一变，举起手臂想要抵挡，但只听见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他们的手臂瞬间折断。 而后，苏晨的拳印狠狠的轰在了他们的胸膛之上，一道道惨叫传来，他们的胸膛塌陷，口中狂喷鲜血，直接横飞了出去。苏晨眸光冷漠无比，周身真气喷薄而出，龙吟声响起，让他整个人犹如一尊人形暴龙，朝着那些侍卫杀去。轰，轰，轰！苏晨周身真气汹涌，气血升腾，每一拳都刚猛无匹，带起了一股狂风。那些侍卫虽然都是元丹境的修为，实力强大。 但是在苏晨的手下，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转眼间，小院之中就躺下了一群哀嚎的侍卫。杀！为首的一尊侍卫暴喝了一声，猛然朝着苏晨冲来。他的眸光冷漠而凝重，他的修为达到了元丹境七层，乃是众多侍卫之中最强大的一个。苏晨虽然看起来只有炼气境九层的修为，但是给他的感觉却无比危险，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拔出了身后的战刀。正，一道刀光席卷而来。 灵力无匹，刀芒喷薄之间，仿佛能够斩灭一切。苏晨脚下一闪，身影犹如鬼魅一般避开了这凌厉的一刀，而后凌空一指点出，指芒炽烈无比，点在了刀背之上，顿时战刀嗡鸣震颤，一股磅礴大力袭来。那尊侍卫手中的战刀竟然瞬间脱手而飞。轰！苏晨目光凌厉，一拳横空而来，带着呼啸的龙吟之声，霸道而凌厉。战龙拳，这是九龙战天诀之中的武技，虽然只是玄阶武技。 但是威力恐怖无匹，宛如真龙复生一般，拳意夺人心魄。那尊侍卫脸色大变，伸出双臂就想要抵挡。咔嚓！只听见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那尊侍卫双臂折断，血光弥漫，整个人横飞了出去。什么？玄冰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带来的这些侍卫武者可都是张家的精锐，全都是元丹境的修为。但是，一群侍卫围攻只有炼气境九层的苏晨，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让他充满了骇然之色。苏晨，你找死！玄冰的口中发出了一道森然的爆喝声，眸子之中杀机四溢。苏晨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战力，让他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危机感。苏晨的天赋和战力太恐怖了，这样的敌人必须要斩杀于萌芽之中。苏晨的眸子之中也是寒芒一闪，瞬间就要出手。玄冰虽然拥有着武宗的修为，但他怡然不惧，以他鬼神莫测的手段，即便是越级斩杀一尊武宗，也并非不能做到。 轰！但就在此时，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横空而来，速度快到了极点，直接一掌拍在了玄冰的身上。玄冰如遭雷击，口中猛然喷出了一口鲜血，直接横飞了出去。那是一个身材枯瘦的老者，满脸的皱纹，但是眸子之中仿佛有鬼火在跳动，浑身散发着一种阴煞之气，让人不寒而栗。啪！同时，又有一道长鞭犹如毒蛇一般探来，狠狠的抽在了玄冰的脸上。 伴随着惨叫声，他的脸上顿时浮现了一道血痕。玄彬，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动我的人！小院之外，一袭红裙、面容绝美但却带着煞气的小公主林青青手持长鞭而来，而那个身材枯瘦的老者则是身形一闪就回到了林青青的身后，看起来宛如一个十分普通的老者。但苏晨却能够感觉到，那个身材枯瘦的老者修为深不可测，竟然是一位武尊境的太监。林青青不愧是最受宠爱的小公主。 连身边的护卫太监竟然都是一位武尊，你的人，公主殿下，你认错人了吧？这苏晨分明就是个卑贱的乡下小子。玄冰捂着脸，丝毫不敢动怒，但眼神中却有着一丝怨毒之色，咬牙对林青青说道：“我说他是我的人，他就是我的人。玄冰，你骗了我的丹方，现在竟然又敢动我的人，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林青青冷笑了一声道。玄冰心中一慌，刚刚看到林青青出现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不妙，此刻更是骑虎难下了。公主殿下，您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想要为您分忧，实在是那混元灵丹太难炼制了，整个万宝商会之中，恐怕也只有会长能够炼制了。您饶了我，我一定找到会长，为您炼制混元灵丹，如何？玄冰硬着头皮说道：“不必了，混元灵丹已经炼制出来了。再说了，就凭你也配请会长？让你师尊去还差不多。”林青青冷笑了一声道：“不可能，公主殿下，您不知道。” 那混元灵丹无比的玄妙，乃是上古丹方，即便是大长老也炼制不出来，只有会长能炼制出来。玄冰摇了摇头道：“他亲自炼制过混元灵丹，又岂会不知道混元灵丹的难处？那绝对难到大师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混元灵丹正是苏晨给我炼制出来的。玄冰，你竟然敢得罪苏晨，你好大的胆子、啊！”林青青冷笑了一声道：“苏晨，不可能！”玄冰惊呼了一声道。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玄冰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竟然会是苏晨炼制出了混元灵丹。这个云江城来的小子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难不成还是一位丹道宗师不成？这绝无可能。玄冰，苏晨公子的丹道造诣又岂是你能够想象的？所有人亲眼所见，正是苏晨公子炼制出了混元灵丹。古岩大师也是冷笑了一声，道：“刚刚他还为苏晨感到担忧，但是看到林青青到来，他顿时心就定了下来。” 王都都说你是丹道奇才，但是在本宫看来，论丹道水平，你给苏晨公子提鞋都不配。林青青不屑地看着玄冰道。玄冰脸色难看无比，眼神中涌动着屈辱的怒火。丹道是他一生的骄傲，现在竟然说他还比不上苏晨，我不信！公主殿下，他不过十五六岁，怎么可能炼制出混元灵丹？说不定他是用了什么手段欺骗你，你千万不能被他骗了！玄冰怒吼了一声道：“你信不信？”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真是可笑！公主殿下，此人要杀我，我能够宰了他吗？苏晨的目光冷酷无比，盯着玄冰寒声道：“对于这种想要杀他的敌人，苏晨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苏晨，玄冰自然该死，但是我劝你还是不要杀他。他的师尊摩罗尊者已经是武尊巅峰的修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破武王之境，杀了他会很麻烦。林青青皱了皱眉头，小声的对着苏晨说道。 他虽然也很厌恶玄冰，但是也不会说直接杀了玄冰。毕竟玄冰身后站着的是摩罗尊者，大离王国最强大的武者之一，也是神武学院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这样的人，就算是王室都不愿意得罪。你以为我不杀他，摩罗尊者就会放过我吗？张坤已经死在了我的手里。苏晨淡然一笑，道，神色平静无比，没有丝毫的惧意。什么？这下林青青震惊了，她刚刚还纳闷。 为何玄彬竟然会来找苏晨的麻烦？没有想到原因竟然在这里。张坤虽然是张家的人，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师尊是摩罗尊者。这下苏晨和摩罗尊者之间的仇怨无法化解了，就连林青青都感觉到无比的棘手。苏晨，你敢和我赌一场吗？玄彬忽然大喝了一声道：“赌什么？”苏晨冷笑了一声道：“公主殿下说你炼制出了混元灵丹，想必你的丹道水平极高，你敢和我赌炼丹吗？” 玄冰死死地盯着苏晨道：“怎么赌？”苏晨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和他苏晨赌炼丹，前世的那些丹圣、丹帝，在丹道水平之上，对苏晨都是自叹不如。玄冰简直是不自量力。一个月之后，万宝商会有一场丹道大会，到时候有许多炼丹师前来参加，我们就赌谁在丹道大会之上的名次更高。玄冰冷声道：“可以，不过赌命如何？若是你输了。” 就去死吧！”苏晨淡淡的说道。“好，那就赌命。”苏晨，我不信你有多高的单道水平。一个月之后就是你的死期。”玄冰寒声说道。他对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信。一个月之后，他玄冰不但会问鼎单道大会的魁首，更会将苏晨狠狠的踩在脚下，名扬四方。到时候，说不定整个万宝商会都会由他执掌。恭喜你，你又可以多活一个月了。那就单道大会之上见吧。 苏晨不以为意的说道：“他之所以答应玄冰，是他突然想了起来，丹道大会之上会有一件无比珍贵的至宝出现，对他的作用极大，正好可以借助丹道大会夺取那件宝物。至于玄冰，也就是顺带收拾了。”玄冰怨毒的看了苏晨一眼，冷哼了一声，转身拂袖而去。林青青的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还好苏晨没有在这里杀了玄冰，他甚至都忘了苏晨只有炼气境的修为，竟然说要斩杀一位武宗，是不是太过荒谬？ 不过想到一个月之后的丹道大会，他心中又有些担忧。苏晨，你的丹道水平自然很高，一个月之后说不定真的能够胜过玄冰。但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杀他。林青青认真地说道：“你是担心摩罗尊者吗？”无妨，一个月之后我会赢。苏晨淡然一笑，道：“至于摩罗尊者，区区一位武尊罢了，又有何惧之？既然你有主意，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将太阴化神丹的丹方带来了，今日就拜托了。” 林青青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了一张古丹方，无比郑重的地递给了苏晨。太阴化神丹至关重要，若是苏晨真的能够炼制出太阴化神丹，一个月之后，王氏就算是和那摩罗尊者撕破脸，保苏晨一次又如何？太阴化神丹乃是六阶灵丹，只有最顶级的丹道宗师才能够炼制成功。若是之前苏晨自然无法炼制，但是在他服用了五色神液之后，精神力突破到六阶，精神力之后。 他就已经恢复了丹道宗师的水准。太阴化神丹虽是古丹方，但对于苏晨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万宝商会炼丹房，古岩大师又一次见证了苏晨出神入化的炼丹水平。尤其是苏晨故意为了古岩大师演化二龙系珠控火法，让古岩大师如痴如醉，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而狂热的崇拜之色。每一次看苏晨炼丹，都是古岩大师无法触及到的传说境界，让他犹如醍醐灌顶一般。以前很多的困惑都是豁然开朗。 几个时辰之后，嗖，嗖，嗖，三颗幽蓝色的丹药从丹顶之中飞出，看起来浑圆而璀璨，宛如月辉一般，流动着奇异的芬芳。太阴化神丹炼制成功了，多谢师尊传道大恩，古岩此生不敢忘。师尊，我觉得我已经触摸到了丹道宗师的门槛，等我出关之后必成丹道宗师。古岩大师深吸了一口气，而后朝着苏晨恭恭敬敬的行了叩拜大礼，眼神中满是感激之色。 他从未想过，此生竟然真的有突破丹道宗师的一天。他的精神力早已经突破了五阶，但是对于丹道的理解始终无法更进一步。而今天，他顿悟了，他有信心突破到丹道宗师的境界。很好，不枉费我传你丹道之理，你且闭关去吧。苏晨微微一笑，道：“师尊，您这一个月万不可冲动，不要再得罪张家和摩罗尊者了。一个月之后的丹道大会，我必定会出关。到时候……” 我为丹道宗师，即便是摩罗尊者也不敢对我不敬，更不敢对师尊再起什么心思。古岩大师认真地说道：“他知道苏晨的天赋无双，无论是武道天赋还是丹道天赋，都是他平生仅见。但苏晨毕竟年龄尚小，他怕苏晨少年意气，在得罪了张家和摩罗尊者，会让那摩罗尊者恼羞成怒之下狠下辣手，所以他才劝说苏晨暂且忍耐。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苏晨淡然一笑，道。 古岩大师寻觅室闭关去了，而苏晨则是回到了大厅之中。林青青正在十分焦急的等待，如何了？看到苏晨出现，林青青的眼神中满是又期待又紧张的神色。幸不如命，苏晨淡然一笑，道。而后，一个玉瓶浮现出来，递给了林青青。林青青激动的满脸通红，有些紧张的接过玉瓶，打开之后，看到其中有三颗如月亮一般晶莹剔透、璀璨夺目的灵丹。虽然他不认得太阴化神丹。 但是他瞬间就相信了，苏晨真的炼制出了太阴化神丹。谢谢，真的太谢谢了。林青青无比的激动，而后深吸了一口气，朝着苏晨深深一礼。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是林青青却知道这太阴化神丹对大黎王国是多么的关键。这关系到他的小姑姑林若薇能否更进一步突破到武王之境，甚至更关乎大黎王室的生死存亡。不必客气，你我只是合作罢了。这是我需要的一些灵药，你帮我找来。 咱们就当是两清了。”苏晨淡然一笑，道，递给了林青青一张纸。蛟龙心头血、七叶紫参、玄黄古石、五行灵木。林青青接了过来，看到上面记载的一些灵药和天才地宝，也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灵药和天才地宝，无一不是极为罕见和珍贵之物，价值无可估量。当然，和太阴化神丹比起来，又算不了什么了。苏晨，这些灵药和天才地宝极为罕见，我大理王室的宝库之中，也未必能够集齐。当然。 你放心，我会尽力为你收集的。林青青苦笑了一声，认真的说道：“无妨，能够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吧。”苏晨微微一笑，道：“这页纸，他同样给了古岩大师一份，让万宝商会代为收集。他自然知道这些灵药和天才地宝的珍贵，这都是苏晨用来修炼九龙战天诀的资源。他并不奢望能够一下子集齐。”好，林青青点了点头。不过，他仿佛像是想到了什么，对着苏晨说道：“苏晨。” 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神武学院的院长如今有事，并不在学院之中。如今的神武学院是摩罗尊者代为执掌，所以我劝你暂时不要去神武学院，等院长回来再去不迟。所以需要你再耐心的等待几日了。院长，莫非是去探索卧龙山秘境了吗？苏晨心中一动，开口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卧龙山秘境？”林青青浑身一震，眼神中满是震惊的神色。不过她想到了苏晨和古岩大师的关系。 或许是古岩大师告诉苏晨，毕竟古岩大师有资格知道卧龙山秘境的事情。没错，院长正式去探索卧龙山秘境了，还有万宝商会的大长老以及王室的武道强者。秘境之事事关重大，还请你不要外传。过几日院长就回来了。林青青点了点头道：“我明白。”苏晨点头道：“他心中则是有些振奋。果然是卧龙山秘境。卧龙山乃是大离王都外数百里的一座古老山脉。” 有人在其中发现了一座强者洞府，故此神武学院和大帝王都的强者才会前往探索。而他们探索发现，那并非简单的强者洞府，而是一座秘境。要知道，能够开辟秘境的，至少也是领悟了空间法则的武圣强者。也就是说，卧龙山秘境很有可能是一位武圣留下来的遗迹。苏晨知道，正是因为卧龙山秘境的开启，引得周围几个王国的觊觎，甚至有强大的武道圣地目光注意到了这里。而他的那位师尊。 同样是因为卧龙山秘境，才来到了大离王都。如此说来，要不了多久就能够见到他的那位师尊了吗？苏晨心中自然无比激动。重生一世，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保护娘和小妹，而师尊则是前世带他脱离苦海的希望和光芒，必要报答。林青青带着太阴化神丹离开了万宝商会。苏晨听了林青青的话之后，也打算暂时在万宝商会住下来，等神武学院的院长回来再去神武学院。 虽然他并不怕摩罗尊者，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惹什么麻烦。阿晨，咱们现在来到了王都，要不去你外公家里看一看吧？”柳寒烟忽然开口道。“外公？”苏晨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想了起来，娘原本就是王都柳家的大小姐，王都柳家也是四大家族之一。只不过柳寒烟后来遇到了苏晨的父亲苏子轩，两人相爱，但是却被柳寒烟那执拗的父亲拒绝。一向柔弱的柳寒烟展露出了无比刚硬的一面，执意要嫁给苏子轩。 于是柳家将柳寒烟逐出家门，并且和他断绝了关系。苏晨重活一世，自然很清楚他那外公以及柳家的无情，甚至于后来柳寒烟惨死，柳家都没有人前来看上一眼。这样无情无义的亲戚，还有什么看的必要？外公，娘，我从来没听你提过外公的事情。外公就在王都吗？苏灵儿无比疑惑的问道。没错，你外公柳文彦乃是大黎王国的当朝宰相。 柳家也是王都四大家族之首。当年因为一些事，我离开了柳家。柳寒烟轻叹了一声，道：“苏玲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娘，你真的要回柳家吗？你应该知道，当年柳家是如何对待你的。”苏晨问道。他本是不同意柳寒烟回柳家的，但是看到柳寒烟眼神中的期待和思念，他也不好阻止。当年你外公阻止我和你爹在一起，是我以死相逼，伤了他老人家的心。虽然你外公不认我，但这些年我没有尽过一天孝心。 既然有机会回到了王都，我还是想要见一见他老人家。柳寒烟双眼微微有些通红，轻声说道：“好吧，娘。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如今的柳家恐怕未必会欢迎你回去。”苏晨轻叹了一声，道：“娘有这个心愿，他自然不能拒绝。没事的，我们就是去看看你外公。若是他们不欢迎，我们看完就走罢了。”柳寒烟强颜欢笑道。苏晨点了点头。邓子辰一早就已经来和苏晨辞行了。 邓涛城主有好友在神武学院之中，亲自前来迎接邓子辰进入神武学院，所以邓子辰也不好拒绝。看到邓子辰进入神武学院，苏晨也算是放心了一些，总算是没有辜负邓涛城主的嘱咐。而后，他和柳寒烟、苏灵儿一起离开了万宝商会，朝着柳家府邸而去。王都柳家乃是四大家族之首，家主柳文彦乃是当朝宰相，深得王上信重，不但学富五车，更是一位武道宗师级别的高手。 柳家在王都也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占据了一片庞大的建筑群，守卫森严。柳文燕有二子一女，两个儿子都在朝中任职，前途不凡，只有一个女儿，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仿佛是一个禁忌一般。苏晨三人一起来到了柳府大门前，故地重游，看到眼前熟悉的景象，柳寒烟也是浑身微颤，目光通红，想起了当年往事。父亲是女儿不孝，柳寒烟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起来。 一群贱民都给本公子滚开！就在此时，一道巨傲的声音响起，远处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几匹白马急速而来。为首的一匹骏马之上，端坐着一个身穿锦袍、面容巨傲的少年。他看到苏晨三人挡在刘府大门之前，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煞气，手中的马鞭猛然抽落下来。苏晨的目光一寒，探手猛然一抓，直接抓住了马鞭，然后恐怖的神力爆发，轰！骑在骏马上的锦衣公子。 感觉到一股难以形容的巨力袭来，顿时直接从骏马上飞了下来，狠狠地摔在了苏晨的面前，摔了个狗吃屎！啊！我的牙！锦衣公子惨叫了一声，满嘴的鲜血，门牙都被磕掉了几颗，说话漏风，气得浑身发抖。大胆！竟然敢伤害二公子！拿下他！锦衣公子身后的那些侍卫一个个脸色大变，瞬间从骏马上跳了下来，怒声呵斥，将苏晨三人围了起来。好！好！好！ 还从来没有人敢在我柳家门口闹事，你们死定了！就算是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们！锦衣公子眼神中满是怒火，指着苏晨大骂道：“柳明成和你什么关系？”柳寒烟看着锦衣公子的面容，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有些激动地问道：“大胆，你竟然敢直呼我爹的名字！来人，给我将这群贱民拿下来！”锦衣公子怒吼了一声道：“住手！柳明成是你爹，这么说你是柳玉龙？玉龙，我是柳寒烟，是你小姑啊！” 柳寒烟连忙喊道，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他当年离开柳家的时候，二哥柳明诚的儿子柳玉龙尚在襁褓之中，没有想到一晃都这么大了。他刚刚看到锦衣公子，就觉得很像二哥柳明诚，所以才有此一问。柳寒烟，锦衣公子，也就是柳玉龙，愣住了。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却又很熟悉。已经有十几年，没有人敢在柳府提起这个名字了。但他却知道，柳寒烟确实是柳家的小姐，柳文燕的小女儿。 也是他的小姑，柳玉龙审视了柳寒烟一眼，又扫过了苏晨和苏玲，冷笑了一声，道：“柳寒烟，你竟然还敢回刘府？你这个败坏我刘府名声的贱人，爷爷早就将你逐出家门，抹掉族谱了。你还有什么脸回来？连族谱都抹掉了吗？”柳寒烟浑身一颤，脸色苍白无比。他没有想到柳文燕竟然如此的无情，真的不打算认他这个女儿了。竟然敢骂我娘，你找死！苏晨的眸光一寒。 这个柳玉龙某种程度上来说和他是表兄弟，但是竟如此对娘不敬。你是柳寒烟这贱人的野种，小子敢打你爷爷，今天你死定了！给我拿下他！柳玉龙冷笑了一声道：“是。”他身后的那些侍卫顿时如狼似虎一般朝着苏晨扑了上来。轰！苏晨眸光冰冷，周身真气轰然爆发，一步踏出，无匹的拳印轰出，迎面来的两个练气境的侍卫顿时横飞了出去，他们胸膛塌陷，口中喷血。 顿时就被重创了，砰，砰，砰！苏晨如今的战力强大无比，这些侍卫又如何会是他的对手？转眼间，十几个侍卫就全部被苏晨打倒在地，就连两个元丹境的侍卫都狂喷鲜血，站不起来了。你，你想干什么？柳玉龙也没有想到苏晨竟然如此的彪悍，看着苏晨朝着他走来，他顿时慌了。啪，啪，啪！ 苏晨龙行虎步一般走到柳玉龙面前，将他像小鸡一般提了起来，然后左右开弓抽了他十几个大嘴巴子。你竟然敢打我！你死定了！这里是我刘府，你死定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啊！柳玉龙气得浑身发抖，眼神中涌动着怒火和怨毒之色。大胆！快放开二公子！就在此时，刘府大门口发生的事情也是惊动了刘府，顿时大门打开，一群侍卫冲了出来，为首的一个黑袍老者目光凌厉。 真气汹涌，乃是一位武道宗师。看到柳玉龙被苏晨如此暴打，他瞬间大怒了起来。福伯，柳寒烟看到那个黑袍老者，顿时叫了一声。黑袍老者浑身一震，转身看到了柳寒烟，眼神中满是激动和难以置信的神色。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吗？黑袍老者福君乃是柳府的大管家，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柳寒烟。当年他是看着柳寒烟长大的，所以和柳寒烟关系很好。是我，福伯。 柳寒烟也是无比的激动，福伯，你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拿下柳寒烟那个贱人！他的野种敢打我，爷爷不会放过他们的！柳玉龙虽然挨了十几个大嘴巴子，但却依旧嘴硬，对着福伯大喊道：“福伯的脸色一变，看到柳玉龙对柳寒烟如此不敬，眼神中也是不由得涌现出了一丝怒火。而他也才明白，正在暴打柳玉龙的苏晨，乃是柳寒烟的儿子。二公子，这是柳家的家事，老奴不敢插手，您暂且忍耐一番。” 我这就去请老爷回来。”福伯淡淡的说道，而后他对那些侍卫道：“两位公子大闹，你们不得插手，明白吗？等老爷回来，自会处置。”是。那些侍卫也都是看出了不对，连忙躬身领命。福伯给了柳寒烟一个眼神，然后连看都没有看柳玉龙一眼，转身走了。夫君，你这个老狗，胆敢违抗我的命令！”柳玉龙气得浑身发抖，就要破口大骂。苏晨看到柳玉龙依旧如此的嘴硬和嚣张。 眸子之中寒芒闪现，下手更狠了起来。啪啪啪啪，柳玉龙又被抽了十几个大嘴巴子，脸红肿无比，跟个猪头一样，牙齿都被打碎了几颗。别打了，我服了！柳玉龙连声求饶，他是彻底的害怕了。苏晨下手太狠了，他怕这样下去，他会被苏晨给打死。你不是嘴硬吗？向我娘道歉！苏晨冷声道：“小姑，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柳玉龙看向柳寒烟求饶道，同时他心中也在发狠，等苏晨落在他的手里，一定要让苏晨生不如死。晨儿，放了他吧。柳寒烟看到柳玉龙有些凄惨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轻叹了一声道：“滚吧。”苏晨冷笑了一声道：“将柳玉龙扔了出去。”柳玉龙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怨毒之色，但是再也不敢放一句狠话，带着他的那些侍卫屁滚尿流的跑进了柳府之中。晨儿，你将柳玉龙打这么惨。 不会有事吧？柳寒烟有些担忧地问道。“娘，没事的。”他嘴贱，打他是轻的。咱们进去吧，想必要不了多久，我那位外公就会回来了。”苏晨淡然一笑，道：“想到刚刚跑出去的福伯，只怕就是去禀报柳文燕了。”好，柳寒烟点了点头。听到苏晨提起柳文燕，他的眼神中又是期待，又是忐忑。因为有福伯的命令，刘府的护卫愣是没有人敢对苏晨动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进了刘府之中。 柳府大堂，苏晨、柳寒烟和苏灵儿刚刚进来，顿时外面就有一群人气势汹汹的闯了进来。娘，就是那个混蛋打了我！柳玉龙顶着个猪头，指着苏晨恨恨的说道。他身边是一个面容绝美、身材高挑的中年妇人，只不过一双眸子之中满是煞气，颇为不善的盯着苏晨三人。二嫂，好久不见！柳寒烟看着中年妇人，起身问好。中年妇人乃是柳玉龙的娘，屈柔。 屈柔的身份十分不简单，乃是大黎王国之中十分有名的武道门派落水宗的宗主之女。她本人更是一位武道宗师。柳寒烟，你还敢回来？刘府可是早就将你逐出家族了。你不但擅闯刘府，还敢打伤我的儿子？屈柔冷笑了一声，道，满脸的煞气。二嫂，一切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柳寒烟连忙说道：“解释什么？分明是你的野种儿子，不分青红皂白打伤了玉龙，真以为刘府是好欺负的吗？” 来人，给我拿下他！屈柔直接打断了柳寒烟的话，指着苏晨怒声道：“是！”屈柔身后四个身材魁梧、目露凶光的壮硕妇,妇人，催动周身真气，就要朝着苏晨扑上来。那四个妇人乃是从落水宗跟随屈柔而来的护卫，全都是元丹境巅峰的武者。他们忠于屈柔，并非刘府之人，所以只听屈柔的命令。苏晨的目光一寒，周身真气涌动，就要出手。放肆！ 就在此时，一道威严而苍老的声音轰然响起。柳府之外，一个身穿紫色绫罗袍、腰束玉带、配金玉袋的老者迈步而入。那老者面容清绝，六十多岁的样子，面容威严，目光冷峻，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身后跟着福伯，正是柳家的家主，大黎王国的当朝宰相柳文彦。看到柳文彦回来，哪怕跋扈如屈柔，也是不由得脸色一变，连忙堆出一副笑脸行礼：“儿媳见过公公，爷爷。” 宁夏朝回来了，柳寒烟回来了，还带了两个野种。那个混蛋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我打了一顿。爷爷，您要为我做主啊！柳玉龙仗着平日里深得柳文燕的宠爱，连忙上前来行礼，无比委屈的说道：“啪！”柳文燕一巴掌抽在了柳玉龙的脸上，柳玉龙顿时震惊了。他没有想到平日里对他颇为喜爱的爷爷，竟然会出手打他，丢人现眼的东西！柳寒烟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给我滚回去闭门思过！ 柳文燕怒斥了一声道：“爷爷，分明是他打了我！”柳玉龙无比的委屈。嗯，柳文燕的眼睛一瞪，柳玉龙顿时脖子一缩，吓得转身就跑。儿媳，儿媳告退。看到柳文燕动怒，屈柔也是不敢触眉头，顿时就要起身告辞。屈柔，我即便是和柳寒烟断绝了关系，她也依旧是我的女儿，你明白吗？”柳文燕淡淡的说道。听到柳文燕的敲打，屈柔也是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连忙道。 儿媳明白，那个小妹刚刚二嫂多有得罪，你别放在心上。屈柔朝着柳寒烟挤出了一丝笑容，然后转身快速的离去了。父亲是女儿不孝。柳寒烟看到柳文燕的那一刻就已经红了眼眶，而听到柳文燕的话之后，她顿时忍不住了，声音哽咽无比，朝着柳文燕深深的行了一礼。你还知道回来？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柳文燕冷笑了一声道。不过苏晨发现，柳文燕虽然看起来面容冷酷。 但是眼睛里却有着一丝激动之色，一闪而逝。看来柳文燕并非表面上那么无情。父亲是女儿不孝，未能在膝下侍奉父亲，但有责罚，女儿绝无怨言。晨儿、灵儿，快来拜见外公！柳寒烟长跪不起，泪水模糊了眼眶。然后她仿佛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对着苏晨和苏灵说道：“灵儿拜见外公。”苏灵儿有些紧张，但还是脆生生的说道：“不必了，柳寒烟，我还认你这个女儿。” 是你娘临死前让我对你好点，但是不代表我要认他们两个。”柳文燕冷冷地说道，直接打断了苏灵儿的话。苏灵儿有些委屈，但还是乖乖地退回到了柳寒烟的身后。“娘，你快起来吧，他都不认我们，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这柳府的门槛太高，咱们高攀不起。”苏晨冷笑了一声，道，走上前来扶起了柳寒烟。“放肆！”柳文燕脸色一变，顿时露出了怒容。整个柳家之中，莫说是柳玉龙等子孙辈。 即便是两个儿子看到他，也是犹如老鼠看到猫一般。这个外孙子竟敢如此放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为了你心中的成见，你不惜阻止你的女儿和我父亲在一起，甚至是断绝关系，以死相逼，这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吗？若非我娘执意要来，我根本都不会踏入刘府半步。苏晨冷笑了一声，道：“即便是他能够感觉到柳文燕依旧对柳寒烟有感情，但不代表他对柳文燕没有怨气。若非柳文燕心中的成见和固执。” 柳寒烟又怎么可能半生凄苦？你大胆！你以为你父亲是什么好东西吗？若非，哼！更何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你娘的婚姻大事，本就该由老夫做主。柳文燕被苏晨气得满脸通红，须发皆张，怒气冲冲地说道：“他周身真气汹涌，武道宗师的强大气息爆发，将周围的桌椅都震得嗡嗡震颤。”柳文燕，看在我娘的面子上，我最后叫你一声外公。若是别人敢这么说， 我爹，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既如此，以后我们再无半点关系。娘，我们走。苏晨的目光一寒，但还是忍下了心中的怒气，道：“父亲，女儿并不奢求您的原谅。今天只是想来看一看父亲，看到父亲平安无事，女儿就安心了。至于元宗，他是我的夫君，也一辈子是我的夫君。还请父亲以后不要再这么说他。女儿告辞了。”柳寒烟擦了擦眼泪，无比认真地说道。然后，苏晨和苏灵儿扶着柳寒烟。 就要朝着外面走去，站住！柳文燕的脸上怒火涌动，最后缓缓消散，眼神中满是无比复杂的神色，整个人都变得无比苍老了起来。父亲还有何事？柳寒烟转过身来问道。既然回到了王都，刘府就是你的家，你还要去哪里？就先在刘府住上几日吧。柳文燕板着脸道：“父亲不必了。”柳寒烟刚想要拒绝，就被柳文燕打断了：“你不要多想，我可不是因为你。马上就到你娘的忌日了。” 你难道如此不孝，连一炷香都不愿意上吗？柳文燕冷哼了一声，道：“娘的忌日。”柳寒烟浑身一颤，顿时说不出拒绝的话了。柳文燕看了柳寒烟和苏灵儿一眼，最后目光停留在了苏晨的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和莫名的意味，然后转身拂袖而去。小姐，老爷分明是心软了，您就暂且住下吧。老奴去让人将翠竹轩收拾出来。”福伯笑着说道：“有劳福伯了。”柳寒烟轻叹了一声，点了点头，道。 翠竹轩乃是柳寒烟未出阁之前住的地方，她没有想到柳府竟然还留着，让她心中五味杂陈。娘，外公好凶啊！不过他好像很想让你留下来。苏灵儿有些好奇的说道：“你外公啊，向来是嘴硬心软。”晨儿，那我们就暂时住下来，等你外婆的忌日过了，咱们再走如何？柳寒烟看向苏晨问道：“娘，我听你的。”苏晨微微一笑道：“他住在哪倒是无所谓，不过柳文燕那个固执的老家伙。” 看来确实是心软了，连苏灵儿都看出来了。柳文燕是在找借口挽留柳寒烟。我爹和娘，莫非还有什么隐情吗？苏晨心中微微一动，他听到刚刚柳文燕的话，总觉得爹娘之间或许存在某些隐情，才会让柳文燕如此决绝的阻止他们在一起。苏晨顿时生出了一探究竟的心思。王城后山是王城之中一座古老的山岳，钟灵毓秀，雾霭氤氲，宛如神仙居所。后山之上，一片瀑布之前。 坐落着一座清幽的竹楼，这里是大黎王国长公主林若薇的居所，也是因为林若薇，后山成了王城之中的禁地，即便是皇子没有得到准许，都不能来这里。而林青青却像是熟门熟路一般，直接来到了竹楼之中，进入到了一间密室之内。青青，我不是跟你说，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不要来找我吗？我需要进修。一道清冷而悦耳的声音响起，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面容绝美，风华绝代。 宛如月宫仙子一般的女子，有一种清冷而出尘的气质，尤其是那一双眸子明亮而璀璨，犹如九天星辰，让人不敢逼视。她正是大黎王国的长公主林若薇。青青拜见姑姑。即便是平日里骄横无比的林青青，看到林若薇之后，都是十分乖巧的行了一礼。姑姑，我当然不会打扰你清修。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有人炼制出了太阴化神丹。林青青迫不及待的说道：“太阴化神丹，莫非？” 是万宝商会的会长回来了吗？林若薇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整个大黎王国之中，也只有万宝商会的那位神秘会长是丹道宗师，即便是大长老都差了许多。能够炼制出太阴化神丹的，只能是丹道宗师，不是他。林青青摇了摇头，莫非是大长老云逸？不对，他虽然距离丹道宗师只有一步之遥，但想要炼制出太阴化神丹十分艰难，一般的丹道宗师都做不到。林若薇思索了片刻。 摇了摇头，他有些疑惑：莫非大离王国出现了一位新的丹道宗师吗？姑姑，你肯定想不到是谁，因为炼制出太阴化神丹的，乃是一个叫做苏晨的少年，他来自云江城，年龄和我相仿。没有想到，竟然在丹道之上有如此造诣。昨天他用了一个时辰，就为我炼制出了混元灵丹，所以我才突发奇想，让他炼制太阴化神丹。没有想到，他竟然真的成功了。林青青解释道：“苏晨。” 云江城，林若薇浑身一震，顿时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林若薇不由得想起了古月山脉之中那放肆而疯狂的一夜，脸上不由自主的蒙上了一层红晕。真的是那个苏晨吗？不可能！你说的是云江城苏家的弟子苏晨吗？他丹田气海破碎，除非有丹道宗师炼制灵丹为他修复丹田，否则他连炼气境都突破不了，又如何能够炼制出太阴化神丹？ 林若薇感觉到难以置信，她见到苏晨的时候，苏晨只是肉身境的修为，丹田气海破碎，体内连一丝先天真气都没有，又如何能够炼制出太阴化神丹？要知道，即便是丹道宗师，也是至少拥有着武宗境界的修为，否则真气根本不足以支撑其炼制丹药。姑姑，你也认识苏晨吗？我说的那个苏晨确实是苏家的弟子，我来之前曾经调查过他的身份，他之前丹田气海确实破碎了，但是不知道为何，不但丹田气海恢复了。 而且修为突飞猛进，达到了炼气境九层。在云江城，他更是杀了张家的弟子张坤，所以引得张家和摩罗尊者报复。我也不知道为何苏晨为何会拥有如此逆天的丹道水平。林青青好奇的说道：“果真是他！”林若薇彻底的震惊了。根据林青青所说，她立刻就确定了林青青口中的苏晨就是她遇到的那个少年。只是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苏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莫非他背后有一位公参造化的大人物吗？能够教出丹道宗师的，只有丹道宗师，甚至是林若薇轻声自语。丹圣，林青青浑身一震，她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感觉到有些不可能，但又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得通。丹道圣者，那可是连丹道宗师都要仰望的大人物，丹道造诣出神入化，超凡入圣，拥有鬼神莫测之能。 能够让苏晨在短时间内有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恐怕真的只有丹圣才能够做到了。此事不要张扬，那苏晨不是一般人物，若是有机会，你多多交好于他。”林若薇认真的说道。“姑姑放心，我明白。只是摩罗尊者那边。”林青青问道。“摩罗，我大力王是忍他许久了，暂且让他嚣张几日，等我突破之后再去收拾他。”林若薇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寒芒，缓缓说道：“是。” 林青青恭敬的点头道：“翠竹轩，这是一处颇为雅静和别致的院子。苏晨、苏黎儿和柳寒烟暂且住了下来。看到那些熟悉的物品原封未动的摆放，柳寒烟又是一阵黯然神伤。苏晨则是选择了一间静室修炼。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境大圆满，九大真龙气海充满了真气，是时候突破元丹境了。”苏晨轻声自语道，他将一颗混元灵丹拿出来。 这颗混元灵丹看起来通体金霞璀璨，玄妙莫测，和给林青青的那一颗并不一样，因为这颗混元灵丹是经过了乾坤鼎的提升，变成了一颗极品混元灵丹。苏晨张口将混元灵丹吞入腹中，轰！混元灵丹入腹，瞬间化成了一股磅礴的能量，涌入到苏晨的四肢百骸之中，同时，一股玄妙莫测的能量笼罩在苏晨的丹田气海之中。苏晨运转九龙战天诀，体内的真气汹涌澎,澎湃。 开始不断的凝缩，璀璨到了极致。啊！一道古老而奇异的龙吟之声响起，苏晨的体内浩瀚的真气被压缩，逐渐的朝着五道元丹转变。元丹境就是丹田气海之中的先天真气凝聚成一颗五道元丹，从而真气暴涨，实力也是暴涨数倍。苏晨所修炼的九龙战天诀有些不同，因为他有着九大真龙气海，所以他需要凝聚九颗五道元丹。轰隆隆！苏晨的体内雷鸣不断，经脉震颤。 气血汹涌，浩瀚的真气喷薄开来，让门窗都在震荡。而他体内的丹田气海之中，一颗武道元丹逐渐的被凝聚出来，宛如太阳一般绚烂。丹田气海之中所有的先天真气朝着武道元丹汹涌而来，隐约之间仿佛可以看到一条真龙盘绕在武道元丹周围。这就是苏晨的真龙元丹！啊啊啊！啊啊随着一道道古老苍茫的龙吟之声响起，苏晨的丹田气海之中。 一颗颗真龙元丹被凝聚了出来，一天一夜之后，九颗真龙元丹绽放出炽烈夺目的光辉，犹如九日横空一般，漂浮在丹田气海之中，散发着强大无匹的气息波动。苏晨的修为也是彻底的突破到了元丹境。轰！苏晨的周身真气汹涌澎,澎湃，竟然化成了九道龙形气流，将他笼罩了起来，缓缓腾空而起。苏晨盘膝而坐，面容威严，眸光凌厉而璀璨。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奇异的气息波动，元丹境突破了。苏晨自语道，眼神中有着一丝淡淡的喜悦。他能够感觉到，突破到元丹境之后，因为体内凝聚了九颗真龙元丹，他的战力比之前何止提升了十倍。如今，哪怕是一位武道宗师站在他的面前，他也有把握将其直接镇压。苏晨，滚出来！就在此时，一道巨傲而刺耳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柳玉龙。苏晨的眉头一皱，听出了那声音。 正是柳玉龙。柳玉龙昨天才被他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今天竟然还敢来找麻烦，不知死活。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煞气，收敛了浑身的气息，离开了静室。翠竹轩之外，柳玉龙的眼神中满是恨意，正在朝着翠竹轩之中大喊。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身穿黑衣、身材笔直如剑、面容俊朗、冷傲无比的卑贱青年。苏晨，你这个缩头乌龟，难道连出来都不敢了吗？ 柳玉龙冷声道：“吱呀！”翠竹轩的门打开了，苏晨迈步而出。看到苏晨出现之后，柳玉龙本能的后退一步，但是忽然想到身后的柳孤城，还是壮起了胆子。“苏晨大哥在此，还不滚过来行礼？”柳玉龙冷声道。“大哥，谁配当我苏晨的大哥？”苏晨淡淡的说道，目光落在了黑衣青年的身上。黑衣青年身背古剑，身材挺拔，周身散发着一种强大的剑意。 一双眸子锐利无比，落在了苏晨的身上。大胆！这是大哥柳孤城，你既然回了我柳家，敢对大哥不敬？大哥可是神武学院的天才弟子。柳玉龙冷笑了一声，道：“我是柳孤城，你就是苏晨。你杀了张坤，惹下大祸，如今还想拖柳家下水？你们走吧，柳家不欢迎你们。”柳孤城声音冷漠的说道：“我若是不走呢？”苏晨淡然一笑，道：“眼前的柳孤城比柳玉龙那个废物强多了。” 身上的剑意很强，距离修炼出剑意也相差不远了，而且修为也达到了元丹境九层，确实算得上天才。但在苏晨眼里，也仅仅是还可以罢了。同境界之中，谁人能敌苏晨？不走，且问过我手中剑。柳孤城的目光一寒，身后的古剑出鞘，寒光四溢，剑气升腾，握在了掌心之中，遥指苏晨。柳孤城是柳家的长房长孙，同时也是柳文彦的骄傲。 柳孤城七岁学剑，十二岁开辟丹田气海，十六岁入元丹境，如今不过二十岁，已经是元丹境九层的修为。而且他是一个武痴，在剑道之上拥有着非凡的造诣，任何剑术都能够迅速的学会，乃是王都之中有名的少年天才。很多人都说柳孤城有王者之姿，所以柳孤城是王都的四大天骄之一，有剑公子的美誉。这一次，柳玉龙在他面前添油加醋，说苏晨杀了张坤，故意躲入柳家。 是想要借柳家之手和张家对抗，如此险恶用心，瞬间就引起了他的愤怒，所以他才会和柳玉龙一起前来翠竹轩，要求苏晨一家人立刻离开刘府。若非柳文燕相求，你以为我会留在这里吗？苏晨冷笑了一声，道：“柳家的这些小辈还真是烦不胜烦啊！”他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冷芒，看来今日不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他们还会来找麻烦。大胆，你竟敢直呼爷爷的名字，苏晨！ 你如此忤逆不孝，看来今日说不得，我要替小姑教训你一番了。柳孤城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怒喝了一声道：“他最是尊敬柳文彦。看到苏晨对柳文彦如此不敬，他顿时就再也忍不住，直接出手了。真”真剑气纵横呼啸，他掌心之中的古剑犹如闪电一般，朝着苏晨急速的刺来。苏晨脚下一闪，然后凌空一指点出，一道炽烈的指芒瞬间点在了古剑之上。嗡、哦。 古剑嗡鸣震战，柳孤城感觉到一股沛然之力传来，让他手臂发麻，竟然有一种握不住古剑的迹象。嗯，柳孤城目光一闪，这才对苏晨正视了起来。苏晨的修为不凡，已经达到了元丹境，而且一出手就展现出了不凡的战力，让他也是慎重了起来。元丹境？怎么可能？一边的柳玉龙则是瞪大了眼睛。要知道，昨天的苏晨还只是炼气境的修为。 这才一天的时间，竟然就突破到了元丹境。这个苏晨的修炼速度怎么如此的恐怖？苏晨，你的战力还可以，但你不是我的对手。接下来我会施展柳叶狂风剑法，你小心了。柳孤城盯着苏晨道：“柳叶狂风剑法，柳家的镇族绝学吗？那就看你修炼的是否到家了。”苏晨的目光一闪，淡淡的说道：“柳叶狂风剑法乃是玄阶极品武技，是柳家的镇族绝学，威力无比的恐怖。” 施展起来，剑气纵横如柳叶，速度快如狂风，气势磅礴，威力无匹。那你小心了！柳孤城的目光如剑，周身剑气纵横，掌心之中的古剑嗡鸣震颤，刹那间化成了一道雪白的劈裂长虹，横空朝着苏晨斩来。剑气长虹在虚空之中瞬间分化成了数十道，犹如残影一般席卷狂风，气势凶猛无比。好！柳玉龙也是不由得喝彩。柳孤城施展的柳叶狂风剑法。 已然大成，剑气纵横，威力无匹。他只在爷爷的手中看到过如此恐怖的剑法。大哥不愧是柳家的天才，看来今天苏晨是输定了。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羞辱那苏晨一顿。剑不是你这样用的。苏晨看了柳孤城一眼，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可惜之色。而后他一步后退，堪堪避过了那狂风暴雨一般的剑气，而后不闪不避，一拳轰出。不知死活！柳玉龙冷笑了一声，道。 苏晨竟敢以肉身硬抗柳叶狂风剑法，这一剑只怕会将苏晨的手臂直接削断。即便是武道宗师，也不敢以肉身硬接柳孤城这一剑。苏晨还说剑不是这样用的，可笑，他难道还比大哥更懂剑吗？轰！一道轰然巨响传来，苏晨那刚猛无匹的拳印，竟然犹如狂风扫落叶一般，破碎了漫天的剑光。而后，就像是看到了柳孤城的破绽一般，直接轰在了剑气节点之上。 柳孤城浑身巨震，感觉到体内的真气瞬间暴乱，原本驯服的剑气轰然喷薄开来。他感觉到喉咙一甜，整个人轰然横飞了出去。一拳，柳孤城就被击败了。什么？柳玉龙瞪大了眼睛，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看到了什么？苏晨一拳竟然就莫名其妙的轰败了柳孤城。那可是柳叶狂风剑法，是柳孤城经营十几年，已经达到了大成的剑法，就这样被击败了？ 你看到了我的破绽，你，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柳孤城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死死的盯着苏晨问道：“柳叶狂风剑法，你虽然修炼到了大成之境，但依旧没有圆满，所以你浑身上下总共有九处破绽，分别在……而你应该明白，我发现的这处破绽是最小的一个。”苏晨看了柳孤城一眼，淡淡的说道：“什么？”这下轮到柳孤城震惊了，甚至可以说是惊骇和难以置信。 苏晨击败了他，他还没有这么震惊，但是他没有想到凌霄竟然连他身上的九处破绽都发现了。要知道，那九处破绽，连他自己都只发现了两三处，其他的让他细想一下，顿时就大汗淋漓。确实，苏晨轰击的破绽是最微小的一个，只是让他的真气紊乱，吐了一口鲜血。而若是苏晨攻击他其他的破绽，轻则重伤，重则直接被轰杀也有可能。你的剑道天赋还可以，不过你却走错了方向，否则的话。 也不会到现在都领悟不了剑意，苏晨淡淡的说道：“剑意又岂是那么容易参悟的？整个王都之中，年轻一辈之中，并无人能够领悟剑意，而我只差一步之遥。”柳孤城有些不服气的说道：“一步之遥，我看是天壤之别。你根本不懂柳叶狂风剑法，而且走错了方向，不过是个蠢货罢了。”苏晨平静的说道：“我大哥不懂柳叶狂风剑法，哈哈，苏晨，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啊！” 整个柳家之中，除了爷爷之外，根本没有人在剑道上的造诣超过大哥。柳玉龙嘲讽了一声，道：“剑来。”苏晨连看都没有看柳玉龙一眼，而是看着柳孤城说道。柳孤城微微一愣，但还是不由自主的将手中的古剑递给了苏晨。苏晨手握古剑，看到古剑之上有着两个古字“赤霄”，赤霄剑吗？好剑！苏晨赞叹了一声，道：“他能够看出来，这赤霄剑乃是一柄玄阶灵气。 而且已经诞生了一丝灵性，极为不凡。嗡！Oh. 他手中微微一震，真气汹涌，赤霄剑绽放出璀璨的光辉，剑气纵横，剑鸣声犹如龙吟一般响起。柳孤城浑身一震，目光灼灼，死死的盯住了苏晨。赤霄剑落在苏晨的手中，就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剑气如龙，让苏晨整个人的气势都发生了改变。如果说之前的苏晨如同温润如玉的君子，而现在的苏晨就是一柄锋芒毕露。 刚刚出鞘的绝世神剑，我只演示一遍，你看好了。苏晨看了柳孤城一眼，淡淡的说道。而后剑光乍起，嗡、哦，雪白的剑气犹如长虹一般贯穿虚空，刹那间狂风汹涌，剑气升腾。赤霄剑在苏晨的手中，仿佛瞬间分化成了成千上万道，席卷起狂风，犹如神龙隐藏于九天之上，云雾之间，但却蕴藏着无比恐怖的杀意。那股锋芒绽放，角若游龙。 偏若惊鸿，赤霄剑在苏晨的手中，像是化成了一条神龙，席卷起万道剑光，汹涌的剑气纵横虚空。苏晨的剑快到了极致，仿佛天地之力都被引动了，狂风怒卷，大浪滔滔，剑气纵横，斩灭天穹。那种境界让柳孤城顿时惊呆了。这是剑意？不对，这是比剑意还要恐怖的剑士，能够引动天地之力的剑士，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柳孤城浑身都在发抖。他曾经看到过柳文燕施展柳叶狂风剑法，柳文燕自然是参悟出了剑意。但是若是相比较而言，柳文燕的狂风柳叶剑法和苏晨比起来，犹如萤虫之与日月。剑士，这是只有武道王者才能够触及到的天地大事。柳孤城本身就是一个剑痴，立志要以剑证道，所以十几年来，他犹如苦行僧一般，每天修炼剑法，就连赤霄剑都已然和他心意相通。但是。 数年前他就感觉到已经快要触及到剑意了，不知道为何数年不得寸进，都未曾领悟剑意。而如今看到苏晨施展柳叶狂风剑法，他终于见识到了另一片天地。苏晨说的对，这才是真正的柳叶狂风剑法。他的心中不免有些羞愧了起来，他还敢在苏晨面前施展柳叶狂风剑法，真是班门弄斧了。他他怎么这么厉害？柳玉龙哪怕是对柳叶狂风剑法只是一知半解。 但也能够看出苏晨的恐怖，他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不服气的神色。为何苏晨会这么强？连大哥都不是苏晨的对手。轰！最后，苏晨瞬间收剑，剑气犹如云雾汹涌，飘渺莫测。而周围的一片枯叶，竟然就像是静止在了虚空之中，围绕在苏晨的周围，看起来无比的诡异。而后，枯叶飘然而落，同时化为齑粉。现在，你还要和我动手吗？ 苏晨盯着柳孤城，淡淡的说道：“苏晨之所以会在柳孤城的面前施展柳叶狂风剑法，就是想要拿柳孤城最引以为傲的剑法，打破他的骄傲，然后才能够让柳孤城知难而退。毕竟柳孤城和柳玉龙都是柳家的弟子，算是他的表兄弟。若是杀了他们，恐怕会让娘亲伤心。既然不能杀了他们，那就只能让他们知难而退了。苏晨相信，他所施展的柳叶狂风剑法，柳孤城看到之后，必定会羞愧不已。” 无地自容，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他能够看出来，柳孤城乃是一个剑痴，从剑法之上将他彻底的挫败，才会让他真正的心服。苏晨，对不起。柳孤城深吸了一口气，而后朝着苏晨深深的行了一礼。嗯。苏晨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柳孤城竟然会向他道歉。你剑道无双，天赋之强，乃我平生仅见，能够在剑道之上有如此造诣。 必定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我为我的鲁莽向你道歉，我不该听信柳玉龙的挑唆，贸然前来找你麻烦。”柳孤城认真的说道。“柳玉龙，滚过来向苏晨道歉。”然后，柳玉龙的目光一寒，对着柳玉龙呵斥了一声道：“我道歉。”柳玉龙呆住了，他没有想到，不但没有让柳孤城和苏晨斗起来，竟然还让柳孤城对苏晨心服口服，而且还引火烧身了。他有心要拒绝。 但是话到嘴边，看到柳孤城那冰冷而愤怒的目光，顿时吓得浑身一激灵。他这位大哥性格执拗的很，他无比确信，若是他敢拒绝柳孤城，绝对会将他修理的无比凄惨。对，对不起，苏晨。柳玉龙十分不情愿的说道，跪下来道歉。柳孤城手中的赤霄剑直接拍在了柳玉龙的双腿上，将他拍得跪了下来。苏晨，对不起。柳玉龙哭丧着脸道，简直快要哭了。你无需如此。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后你们别来翠竹轩闹事就行了。苏晨连看都没有看柳玉龙一眼，看着柳孤城淡淡的说道。而后他就准备转身回去。且慢！柳孤城连忙喊住了苏晨。还有何事？苏晨转过身来淡淡的问道。苏晨表弟，我能我能向你请教柳叶狂风剑法吗？柳孤城有些难以启齿的说道。他的眼神之中充满了狂热、激动和紧张的神色，同时脸都涨红了。 刚刚才来找苏晨的麻烦，现在竟然还要向苏晨请教剑法，柳孤城内心羞愧不已。但是他是一个剑痴，对于剑的狂热压,压过了心中的羞耻，让他大胆的说了出来。不能，苏晨干脆的拒绝，然后转身进入了翠竹轩之中。开玩笑，他之所以会施展柳叶狂风剑法，不过是想要震慑柳孤城，让他知难而退罢了。至于教柳孤城剑法，他可没有这个兴趣。大哥，这个苏晨太不识好歹了。 他的柳叶狂风剑法再强，还能比爷爷强吗？你何必舍近求远，直接去找爷爷不就行了吗？柳玉龙忍不住说道：“你懂什么？他的柳叶狂风剑法远远超过了爷爷。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你以后再敢惹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柳孤城训斥道：“什么？”柳玉龙瞪大了眼睛，那苏晨竟然这么的厉害。而后，柳玉龙看到柳孤城竟然直接盘膝坐在了翠竹轩的门口。 赤霄剑横于膝上，闭目养神了起来。大哥，你还不走吗？柳玉龙问道。你走吧，我要留在这里求苏晨教我柳叶狂风剑法。柳孤城认真的说道。他有预感，他能否参悟剑意，恐怕就要落在苏晨的身上了。见识了高山之后，其他的都已经索然无味。他已经彻底的被苏晨的剑道折服了，所以他决定留在这里，等苏晨教他剑法，一直等到苏晨同意为止。 什么？柳玉龙顿时傻眼了。他本来是想要让柳孤城来教训苏晨一顿，怎么会想到柳孤城竟然变成了苏晨的小迷弟？这下完犊子了！要是让大伯和爷爷知道，肯定会打死他的。不行，我要出去躲两天。柳玉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一激灵，然后也不管柳孤城了，直接朝着柳府之外跑去，先避避风头再说。神武学院，一座云雾飘渺的山巅之上，师尊，若非小公主偏袒那苏晨。 我早已经将苏晨抓过来了，弟子办事不力，还请师尊责罚。面容俊朗但却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的玄冰恨恨地说道。他站在一棵古松之下，面前是一个身穿黑袍、面朝云海的老者。虽然只是背影，但黑袍老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让玄冰都是感觉到有些心惊胆战。黑袍老者一吞一吸之间，眼前的云海汹涌澎湃，仿佛有一股浩瀚的天地之力升腾，让人望而生畏。他就是玄冰的师尊。 也是神武学院的大长老摩罗尊者，林青青为何会帮苏晨？摩罗尊者的声音苍老而平淡，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那林青青得到了一张古丹方，名为混元灵丹，乃是凝聚五道元丹的古丹药。据传闻，那苏晨为他炼成了，所以他才会偏袒苏晨。玄冰有些尴尬的说道：“毕竟混元灵丹他没有炼制出来，却被苏晨给炼制出来了。混元灵丹吗？不是太阴化神丹就好，不过是三阶灵丹罢了。” 虽然有些复杂，但丹道大师并非不能炼制成功。你这些年于丹道一途上有些懈怠了。摩罗尊者像是松了一口气，而后有些警告的说道：“是师尊。”玄冰低眉顺目道：“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你于丹道一途造诣不凡，希望你能够早日突破丹道宗师之境。至于武道，可以暂且放一放。”摩罗尊者缓缓转过身来，一双宛如夜空般深邃的眸子盯住了玄冰。 玄冰浑身一震，仿佛感觉到一股浩瀚的天地大势朝着他压迫而来，让他顿时浑身冷汗淋漓，眼神中满是无比敬畏的神色。他知道摩罗尊者只怕距离武道王者之境已经不远了，他心中又是敬畏又是激动。师尊放心，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一定能够成功的晋升丹道宗师。玄冰一咬牙道：“一年的时间太久了，三个月，我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卧龙山秘境，我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希望你从其中出来之后，精神力突破五阶，晋升丹道宗师之境。”摩罗尊者淡漠的说道。“是，师尊。”玄彬虽然感觉到三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但是一想到卧龙山秘境，他就有些振奋了起来。实际上，他之所以不能突破丹道宗师之境，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力卡在了四阶巅峰，始终无法突破五阶。卧龙山秘境玄妙莫测，借助卧龙山秘境之中的天才地宝，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功的突破五阶精神力。 至于苏晨，不过是个小人物罢了。院长就快要回来了，他既然有神武令，必定会来神武学院。到时候让你大师兄走一趟，将他擒了，交给张红杀了，为你师弟报仇。”摩罗尊者淡淡的说道。“大师兄，他已经出关了，有大师兄出手，苏晨死定了。”玄冰浑身一震，眼神中满是无比惊喜的神色。摩罗尊者的大弟子名叫林浩，林浩乃是一位超绝的武道天才，实际上。 林浩比玄冰还要小几岁，如今不过二十岁的年纪，但是却是摩罗尊者从小教导的弟子，所以是玄冰的大师兄。林浩前几日闭关要冲击武宗之境，现在看来是已经突破到了武道宗师，成为了武道宗师。即便是在整个神武学院之中，林浩也是最耀眼的存在之一。要知道，林浩在元丹境巅峰的时候，就曾经一人一剑与北境连杀十三大道，为首的一位大道更是武道宗师。如今林浩突破到了武宗之境。 战力自然更加的恐怖，对付一个只有练气境的苏晨，易如反掌。苏晨不足为虑，你且好好修炼，准备进入卧龙山秘境吧。”摩罗尊者淡淡的说道。是“是，师尊。”玄冰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转身离去了。翠竹轩，哥哥，柳孤城大表哥已经在翠竹轩外面待了三天了，你真的不想教他吗？”苏玲儿好奇而又崇拜的问道。他这几日已经听说了，柳孤城乃是柳文彦的长孙。 也是柳家最天才的弟子，在神武学院之中修行，有着剑公子的美誉。但是柳孤城依旧败在了苏晨的手中，而且现在还要求着苏晨教他剑法，大大的满足了苏灵儿的虚荣心。不用管他，苏晨淡淡的说道。这几日，他一边稳固修为，一边修行了几种强大的武技，让他的战力又提升了不少。哦，刚刚公主殿下让人传来消息，说神武学院的院长已经归来，明日会来找哥哥。 和你一起前往神武学院，苏黎儿乖巧的说道。袁浩然回来了吗？很好。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怀念之色，点了点头道：“神武学院的院长名叫袁浩然。说起袁浩然，苏晨前世的时候还是没少和袁浩然打交道的。他的那位师尊之所以会来到大黎王国，来到神武学院，除了是卧龙山秘境之外，就是因为袁浩然了。袁浩然是一个厚道人，他修为不凡，宅心仁厚，实力强大。” 乃是一位真正的武道王者，也是大离王国定海神针一般的人物。苏晨之所以要进入神武学院，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苏灵儿。他想要让袁浩然收苏灵儿为弟子，以袁浩然的人品，收苏灵儿为弟子，苏晨自然是无比的放心。第二日，林青青来到了刘府寻找苏晨。柳孤城，你在这干什么？林青青的眼神中满是疑惑之色。我，我是在等苏晨。柳孤城有些语塞，尴尬的说道。 他在翠竹轩外面都等了四天了，但是苏晨仿佛根本不打算教他剑法。但柳孤城本就是一个十分执拗的人，铁了心要在这里等苏晨。好吧，林青青古灵精怪，一看就看出了柳孤城言不由衷。不过他也没有拆穿，毕竟他和柳孤城也算是师兄妹，都在神武学院之中修行。林青青进了翠竹轩，很快就和苏晨、苏灵儿一起出来了。柳孤城自然是紧紧跟了上去。苏晨，你这表哥对你不错呀。 竟然还要护送你进入神武学院？要知道，这家伙可是出了名的生人勿近。你是怎么做到的？林青青好奇的问道。公主殿下，柳孤城表哥是想要让我哥哥教他剑法，所以才在这里的。苏灵儿小声的解释道，将前几日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林青青的眼神中满是震惊之色，像是重新认识苏晨一般，打量了他一遍。柳孤城乃是王都四大天骄之一，有名的剑公子，于剑道意图有非凡的造诣，连老一辈都对他赞叹不已。 而苏晨竟然能够击败柳孤城，还让柳孤城对苏晨的剑术五体投地，死皮赖脸也要让苏晨教他剑法。苏晨的天赋竟然如此恐怖吗？林青青原本以为苏晨的丹道天赋无双，年纪轻轻竟然已经是丹道宗师了，但没有想到他的武道天赋竟然更加恐怖。莫非真的像姑姑说的那样，他的身后有着一尊丹道圣者吗？林青青心中无比震惊。很快，神武学院到了。神武学院位于王都之北。 占据了一片钟灵毓秀的山脉，修建了各种宫殿、阁楼、金舍，掩映于云雾之间，看起来飘渺而出尘，宛如神仙居所。来人止步！一方古朴的石碑之前，两个身穿白袍、背负长剑的年轻弟子淡淡的说道：“他们都是神武学院的弟子，在此值守，都拥有着元丹境的修为，气息强大。不过，当他们看到林青青和柳孤城之后，顿时不由得脸色一变，神色变得恭敬了起来，拜见公主殿下，拜见柳师兄。” 两人连忙行礼，不必多礼。这位是苏晨，他拥有神武令，要见院长，你们快去通传。林青青摆了摆手道：“神武学院戒律森严，非神武学院之人不得入内，所以林青青也不敢带苏晨和苏莲儿闯进去，只是让两个弟子去通知院长。”神武令，是那两个弟子浑身一震，仔细的打量了苏晨一眼，然后迅速的转身去。神武令竟然又出现了！ 神武令乃是神武学院的创建祖师留下来的，数量十分的稀少。凡是得到神武令的人都可以要求神武学院做一件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当然，大部分拥有神武令的人都是希望进入神武学院修炼。他们没有想到，传说之中的神武令竟然又出现了。当，当，当！很快，神武学院之中响起了九道悠扬的钟声，响彻四方。神武中九响，嘶，已经多久没有听到过神武中九响了？ 这是贵客临门，到底是谁来了？就算是王上亲至，也只能让神武中八响罢了。莫非是一位武道王者或者丹道宗师亲至吗？你们忘了还有一种可能吗？神武令出现了，持神武令的人进入神武学院，也有可能会引起神武中九响。神武学院之中，众多弟子、老师、执事和长老都是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眼神中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嗖、so, so, so，嗖，嗖！神武学院之中。 一道道身影朝着山门处掠去，想要看看是何人来到了神武学院。院长来了！有人惊呼了一声道：“一个身穿白袍、须发皆白、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者凌空踏虚而来。”一看到那个老者，顿时所有人的眼神中都是露出了无比崇敬的神色。他就是神武学院的院长袁浩然。袁浩然虽然苍老，但是精神矍铄，看起来儒雅不凡，一双眸子深邃而沧桑，闪烁着看破人心的睿智。 听到有弟子禀报有人携带神武令而来，他顿时亲自前来山门之前，想要看看持有神武令的究竟是何人。小友，你手中的神武令可否给老夫一观？袁浩然目光一闪，就看到了苏晨，微微一笑，道：“可以。”苏晨看到袁浩然，心中也是颇多波澜。他前世得袁浩然相助良多，两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如今再一次见到袁浩然，自然无比的感慨。他表面上却无比的平静。 将一方古朴的令牌拿了出来，递给了袁浩然。接过神武令，即便是袁浩然也是神色肃然。只见他将真气输入到神武令之中，神武令顿时绽放出璀璨的光辉。果然是神武令，袁浩然心中无比激动。找寻多年的最后一块神武令，终于找到了。苏晨自然明白袁浩然为什么激动，因为这神武令关系到神武学院的一种正派功法，而那种正派功法也是苏晨的目的所在，最适合苏灵儿修炼的功法。 苏晨小友，你是神武令的主人，可以要求我神武学院为你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何要求？袁浩然郑重的将神武令收下，然后认真的看着苏晨说道：“苏晨，快说，加入神武学院，拜院长为师，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林青青无比激动的说道。袁浩然可以说是整个大黎王国的精神图腾，只不过袁浩然收徒十分的严格，即便是林青青也没有能够拜袁浩然为师。袁浩然如今。 只有一个弟子，不过苏晨不同，他持有神武令而来，即便是他要求拜袁浩然为师，袁浩然也会答应的。小友，我看你根基深厚，天赋不凡，莫非是想要入神武学院修行吗？你有神武令，可以破格成为核心学员。”袁浩然和颜悦色的说道。听到袁浩然的话，周围的许多弟子都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要知道，整个神武学院之中，核心学员不过只有十几位罢了，大都是院长和长老的弟子。 非天赋超绝之辈，不能够成为核心学员。大部分的弟子都只是普通学员罢了。苏晨这是直接跨过了普通学员，内门学员直接成为了核心学员，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不错，确实有人想要入神武学院修行，不过不是我，而是我的妹妹苏灵儿。苏晨指着苏灵儿，微微一笑，道：“袁院长，我想要让你收我妹妹苏灵儿为徒，这就是我的要求。”苏晨认真的说道。什么？林青青愣住了。 就连苏灵儿也是没有想到，哥哥竟然想要让他进入神武学院之中修行。哥哥，不行！你苏灵儿无比的着急，连忙说道：“灵儿听话，我自有计较。”苏晨给了苏灵儿一个安慰的眼神，打断了他的话。苏晨的条件，袁浩然也是颇为意外，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将这个一步登天的机会让给了苏灵。苏晨小友，老夫只有君子林一个弟子，原本是不打算再收弟子的。不过你持神武令而来。 你的要求我自然不会拒绝，不过你确定不入我神武学院吗？袁浩然好奇的问道。袁院长，我的要求就是让我妹妹拜你为师，而且你绝对不会后悔的，甚至会庆幸收下我妹妹。苏晨微微一笑道。哦，袁浩然有些惊讶，他仔细的看了苏灵儿一眼，忽然像是有所发现，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苏姑娘，可否让老夫为你检查一下身体？袁浩然深吸了一口气道。 苏灵儿看了苏晨一眼，苏晨点了点头，可以。苏灵儿这才脆生生的答道。袁浩然扣住苏灵儿的手臂，然后一道真气输入到了苏灵儿的体内，顿时让她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惊芒。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袁浩然的声音都有些激动了，不过随即就打住了，看向苏灵儿的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苏灵儿，从今日起，你就是我袁浩然的第二位弟子，你是否愿意？袁浩然深吸了一口气，认真的说道。 灵儿愿意，灵儿拜见师尊。看到苏晨鼓励的目光，苏灵儿无比乖巧的跪倒在了袁浩然的面前，然后三跪九拜，行了拜师大礼。哈哈哈，好，好，好！灵儿，这是为师年轻时的佩剑，浩然剑，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吧。袁浩然大笑了一声，道，然后掌心之中光芒一闪，一柄银白色的古剑浮现了出来，递给了苏灵儿。竟然是浩然剑！有人惊呼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无比羡慕、嫉妒的神色。 浩然剑乃是袁浩然年轻时候的佩剑，自从袁浩然突破武王境之后，就很少使用浩然剑了。这柄浩然剑有着无比特殊的意义，本身也是一件玄阶极品灵器。就连君子灵都没有得到浩然剑，没有想到袁浩然竟然将浩然剑给了苏灵儿。苏灵儿看起来身上没有任何的真气波动，这说明苏灵儿还是肉身境的修为。为何院长会对苏灵儿如此的厚待？众人都是充满了好奇和不解。 苏晨小友，多谢我险些错过良才美玉。袁浩然对着苏晨认真的说道：“院长客气了。”苏晨淡然一笑，道：“只有他明白为何袁浩然如此的激动。袁浩然所修炼的乃是神武学院的正派功法，浩然剑典乃是地阶极品武学，也是整个大黎王国最为强大的武学。只不过浩然剑典缺失了许多，只有神武令之中有完整的浩然剑典。苏晨送来的神武令正好补齐了浩然剑典。” 而修炼浩然剑典的条件也十分苛刻，必须要先天道体才能够修炼，所以袁浩然才只收了君子林一个弟子。只是君子林也非先天道体，而苏灵儿却是真正的先天道体，是能够传承袁浩然衣钵的人，所以袁浩然才会如此的激动。今日得以补齐浩然剑典，又收了先天道体为徒，这一切都是拜苏晨所赐。哪怕袁浩然心境淡然，依旧免不了激动。苏晨小友。 虽然你把神武令的机会让给了灵儿，但是老夫观你天赋不错，你是否愿意拜入我的门下？袁浩然看了苏晨一眼，微微一笑，道：“以他武王的修为，自然一眼就看出了苏晨的修为达到了元丹境，而且气息浑厚，根基扎实。苏晨在武道一途，必然也是天赋不凡。”袁浩然顿生爱才之心。什么？周围的众人更加震惊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袁浩然竟然主动要收苏晨为徒，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就连林青青看向苏晨的目光中都是充满了羡慕。多谢院长好意，只是我已经有了师尊，所以不便再拜入你门下。”苏晨平静地说道。前世今生，他苏晨有且只有一个师尊。出乎意料，苏晨竟然拒绝了。顿时，众人看向苏晨的目光就像是在看傻子一样。袁浩然可是神武学院的院长，大离王国的定海神针，有多少人想要拜入他的门下而不得？苏晨难道是脑子进水了，竟然会拒绝？他有师尊。 难不成他的师尊比武王还要强吗？那真是可惜了。无妨，虽然你有师尊了，但是依旧可以在神武学院修行。老夫做主，给你神武学院普通弟子的身份。你们年轻人总要多多切磋，才能更快的成长。袁浩然有些可惜的说道：“多谢院长。”苏晨拱手一礼道：“袁浩然果然是一个厚道人，不用他说，袁浩然竟然就破例让他进入了神武学院之中。看来妹妹跟着袁浩然，定能够平安无恙。灵儿，跟为师走吧。” 袁浩然带着苏灵儿离开了。苏灵儿既然是先天道体，那就完全可以修炼浩然剑典，传承神武学院的希望。袁浩然根本不想浪费一丝时间，他已经为苏灵儿制定了最为完整的修炼计划。他连院长都拒绝了，看来他的那位神秘师尊真的是一位丹道圣者。林青青看着苏晨，心中无比的震惊，也越发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毕竟袁浩然虽强，但是和丹道圣者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苏晨。 你现在也是神武学院的弟子了，可需要我带你四处转转？林青青问道。不必了，公主殿下请便。我准备去藏经殿看一看，就不劳烦公主殿下了。苏晨淡然一笑，道：“有林青青在，走到哪里她都会吸引很多的目光，她并不会感觉到自在。而他去藏经阁要办的事，不能那么高调，好吧？我就住在听风小筑，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林青青有些失望，但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尽管想要教好苏晨。 但也不能这么刻意。林青青也离开了。苏晨迈步进入到了神武学院之中，而他的身后，柳孤城依旧亦步亦趋的跟着他。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苏晨没好气的说道。跟到你愿意教我柳叶狂风剑法为止。柳孤城十分的执拗，他铁了心，苏晨去哪他就跟到哪。随你便吧。苏晨摇了摇头道，轻车熟路的朝着藏经殿的方向而去。苏晨，你这个杀人凶手！ 也配成为神武学院的弟子？滚瓜受死！就在苏晨走到藏经殿门口的时候，一道冰冷的声音轰然炸响。远处，一个身背古剑、白衣胜雪、俊朗不凡的年轻人，浑身散发着凌厉无比的剑意，迈步而来。他那双冰冷无比的眸子之中，充满了冷漠和杀意。是林浩师兄！有人惊呼了一声道：“林浩，神武学院的核心成员，摩罗尊者的大弟子。他天赋超绝，修为强大。” 同样是王都四大天骄之一，被誉为冷公子，俊美非凡，冷傲无双。没有想到林浩竟然会出来找苏晨的麻烦，杀人凶手！这个苏晨杀了谁？不过被林浩师兄盯上，这下他恐怕要完蛋了。有人无比同情的看了苏晨一眼，道：“你是何人？”苏晨淡淡的看了林浩一眼，道：“虽然不知道林浩的身份，但苏晨也猜到了，只怕林浩是为了张坤而来的，又是摩罗尊者的弟子吗？” 这个摩罗尊者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我是林浩，张坤是我的师弟，你杀了张坤，如今竟然还敢大摇大摆的出现在神武学院，今日我要为我师弟报仇！林浩的眸子之中寒芒闪烁，盯着苏晨道。他神色冷傲，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根本没有将苏晨放在眼里。他如今已经突破到了武宗之境，乃是整个神武学院年轻一辈之中仅次于君子林的存在。 就连苏晨身后的柳孤城都没有被他放在眼里，又何况是苏晨？这个苏晨竟然杀了张坤！张坤可是张尚书的儿子，也是摩罗尊者的徒弟。苏晨真是胆大包天啊！得罪了张家和摩罗尊者，恐怕就连院长都救不了他。众人都是议论纷纷道：“张坤，他确实是我杀的，只不过他死有余辜。你们这些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苏晨冷笑了一声道。 虽然眼前的林浩修为已经达到了武宗之境，而且气息强大，但依旧没有被苏晨放在心上。相反，他也想利用这个林浩，看看他如今的战力达到了何种层次。你找死！林浩的眸子之中杀机毕露，他没有想到这个苏晨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如此的口出狂言。轰！一股强大无匹的气息从林浩的身上爆发开来，真气汹涌澎湃，冰冷的杀机将眼前的苏晨彻底的锁定了起来。 林浩，你不能杀他！苏晨还没有什么动作，只见柳孤城挡在了苏晨的面前，盯着林浩说道：“柳孤城，你敢拦我？”林浩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危险的光芒。事实上，在神武学院之中，林浩和柳孤城都是核心学员，彼此也是竞争的关系，两人没少战斗。但柳孤城大都是多是输多赢少，所以在四大天骄之中，柳孤城的排名在最后比林浩要弱。林浩，苏晨是我表弟，有我在。 我不准任何人伤害他。”柳孤城冷漠无比的说道。“好,好,好，好，好。”柳孤城，我未突破之前，你就不是我的对手。现在我已经突破到了武宗之境，你凭什么和我斗？”林浩怒极而笑道。说完，武宗境的气息波动轰然爆发，犹如无形的气浪汹涌，让周围的众人都是忍不住脸色一变。林浩师兄，他真的突破到了武宗之境，真是恐怖如斯、啊。林浩师兄是继君子林师姐之后。 第二个突破武宗境的弟子了吧？柳孤城师兄要危险了，他之前就不是林浩师兄的对手，如今只怕更要输了。众人又是震惊林浩的修为，又是有些同情的看着柳孤城。没有人认为柳孤城能够击败林浩。你不是他的对手，让开吧。苏晨淡淡的说道：“在你没有教我柳叶狂风剑法之前，谁都不能杀你，他也不行。”柳孤城没有回头，但背影却无比的倔强。而后。 他看了林浩一眼，平静的说道：“想要杀苏晨，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吧。”他的声音虽然平静，但却有着一种让人动容的决然。不知死活，既然你想死，那我成全你。林浩的眸子之中杀机一闪，瞬间出手了。真他身后的古剑出鞘，犹如一条银白色的蛟龙，快如闪电一般，裹挟着风雷之势，横空朝着柳孤城刺来。风雷剑诀，这是林浩所修炼的一种强大武技。 位列玄阶极品，威力无匹，能够引动风雷之势。更重要的是，林浩参悟出了雷霆的真意，出剑快如闪电，凌厉无匹，一手快剑独步神武学院。柳孤城之前就是败在了林浩的快剑之下，如今林浩的修为突破到了武宗境，真气更加浑厚而恐怖，让他的剑也是更加快了几分，在虚空中留下了道道残影。柳孤城的目光凝重无比，同样是瞬间拔剑，施展柳叶狂风剑法。 朝着林浩迎了上去，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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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光在虚空中碰撞，火星四射，同样是快到了极致的身法，彼此交错，看得人眼花缭乱。噗！只见一道血光闪现，柳孤城的胸膛之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血痕，口中闷哼了一声，踉跄着后退开来。什么？柳孤城师兄竟然败得这么快？他们以前交手，哪怕是要分出胜负，也要在百招之后了。 林浩师兄突破武宗，战力竟然变得如此恐怖吗？那是当然，武道宗师不但真气浑厚无比，生生不息，对于武技的参悟更是无比深刻，融会贯通。我看林浩师兄恐怕就快要领悟出剑意了。啧啧，剑意啊！若是他领悟出了剑意，这剑公子只怕就要换人了。藏经殿外，许多神武学院的弟子都被打斗吸引而来，眼神中满是无比惊叹的神色，议论纷纷。 神武学院并不禁止弟子之间的交手，只要不刻意重伤或者出现伤亡就没有问题。所以他们也经常看到过林浩和柳孤城的交手，自然对他们两人的实力都很了解。如今看到仅仅数招，柳孤城就身中一剑，踉跄后退，都认为柳孤城是输定了。杀！柳孤城仿佛丝毫都不在意胸膛之上的剑伤，口中猛然一声暴喝，手中的赤霄剑喷薄剑光，犹如狂风一般朝着林浩席卷,卷去。 太慢了，林浩冷笑了一声道，而后他一剑横空而来，剑光耀眼而璀璨，比柳孤城还要快上几分，几乎是后发先至。正<真>他一剑刺在了柳孤城的赤霄剑之上，快如闪电，同时蕴藏着汹涌的暗劲，让柳孤城手臂发麻，赤霄剑几乎要脱手而飞。噗<铺>，有一道血光闪现，林浩在柳孤城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痕，他仿佛是刻意要戏弄柳孤城一般。 并未直接将他击败，而是在他的身上不断的留下伤痕。很快，柳孤城就变得无比狼狈了起来。将柳叶狂风剑法修炼的如此驳杂不堪，你还真是白活了二十年。要是不想败的话，就按我说的来。忽然，一道声音在柳孤城的耳边响起，正是苏晨。柳孤城微微一愣，随即就大喜了起来。苏晨终于同意教他柳叶狂风剑法了。柳叶狂风剑法以一手缘以元报中。 剑随心走，慢如柳叶随风舞，快如狂风迅雷疾。苏晨的声音并不快，但是听在柳孤城的耳朵里，却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让他的目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璀璨。听到了苏晨的话之后，柳孤城才是真正的明白了苏晨的话。他的柳叶狂风剑法确实是走上了岔路。他在干什么？这是要指点柳孤城？真是笑死人了！柳叶狂风剑法乃是柳家的镇族武学。 柳孤城早已经大成，换柳文燕来指导还差不多。他懂什么？就算是柳文燕前来，也休想让柳孤城战胜林浩。毕竟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众人也是听到了苏晨的声音，都是冷笑了一声，嘲讽道：“嗖！” <So, S 1> 与此同时，林浩有一道剑气横空而来，快到了极致，想要在柳孤城的左臂之上留下一道血痕。真！只见柳孤城手中的赤霄剑凌空一斩。 像是早就料到了林浩的剑气轨迹，挡住了林浩的那一剑。咦？林浩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柳孤城竟然挡住了，而且在他的眼里，柳孤城仿佛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林浩，接下来你会见识到真正的柳叶狂风剑法。”柳孤城淡淡的说道。轰！他周身真气汹涌，剑光纵横虚空，赤霄剑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辉，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道奇异的轨迹。 赤霄剑或慢或快，慢时犹如柳叶随风飞舞，快时又像是狂风扫落叶。一快一慢之间，竟然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韵律和节奏。真以为靠着那小子两句指点，你就能击败我吗？既如此，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战力！林浩的脸色难看无比，眼神中涌出了冰冷无比的杀意。轰！他周身的真气宛如雷霆一般轰鸣，掌心之中的长剑绽放出炽烈的剑光，裹挟着一股浩瀚的大势。 朝着柳孤城斩落下来，尽管他不想承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柳孤城变得无比难以对付了。争，争，争，剑气交织，光芒绽放。柳孤城依旧是柳孤城，他的剑没有快上一分，也没有慢上一分，但是那种快慢之间的韵律节奏，仿佛主导了这一场战斗，让林浩无比的难受。林浩的一手快剑，仿佛陷入到了泥泞之中，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落在了下风。柳叶萧瑟卷狂风。 柳孤城的口中吐出了几个字，他手中的剑则是瞬间喷薄出数百道剑光，笼罩了这一片虚空。一种宏大的意境汹涌而出，瞬间破开了林浩的重重剑气，将林浩笼罩了起来。那是剑意！忽然有人惊呼了一声，道：“声音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带着一丝颤抖。”柳孤城竟然领悟了剑意！柳孤城感觉到无比的畅快，他修炼柳叶狂风剑法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 让他忍不住想要长笑一声，对于见到的所有困惑一扫而空。苏晨的话让他彻底的明悟了柳叶狂风剑法的精髓所在，更是让他厚积薄发，直接领悟出了剑意。剑意一成，他的战力瞬间暴涨。即便是已经突破到了武宗境的林浩，在他这一剑之下，也是险象环生，只有招架之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轰！剑气轰然爆发，气浪炸开，直接将林浩轰飞了出去。林浩闷哼了一声。 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浑身气息紊乱无比，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和难以置信的神色。so 但此时柳孤城手持赤霄剑而来，剑光绚烂夺目，快如闪电，瞬息之间就到了他的面前，剑尖停留在了林浩咽喉之处。林浩甚至能够感觉到一丝冰寒，仿佛要切开他的咽喉，让他顿时浑身一僵，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动作。你败了，柳孤城淡淡的说道：“你怎么可能领悟出剑意？”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林浩死死地盯着柳孤城，眼神中满是无比嫉妒和不甘的神色。剑意啊，一旦领悟剑意，对于见到的参悟也达到了一种新的层次，从此融会贯通，战力倍增，有着种种神秘莫测的威能。但林浩就算是突破到了武宗境，也不奢望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参悟剑意。柳孤城却做到了。是你，苏晨，是你让他领悟了剑意。林浩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然转过头来，死死地盯着苏晨道：“他的眼神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苏晨的寥寥几句指点，竟然就能够让柳孤城参悟剑意，战力暴增，瞬间就将他击败了。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让他心中都是有些发寒。他不敢相信，苏晨不过十几岁的少年，而且修为也不过是元丹境，怎么会在剑道之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苏晨的剑道天赋，连我都自叹不如，你又有什么资格杀他？” 若是他出手的话，你现在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柳孤城看着林浩，淡淡的说道。“什么？”周围的众人也是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柳孤城竟然对苏晨如此的推崇。柳孤城的剑道天赋乃是老一辈公认的第一，而且性情孤傲，没有什么朋友。整个神武学院之中，除了院长之外，仿佛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让他心服。但是苏晨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却让他如此的推崇，让众人都是感觉到难以置信。 不过，联想到刚刚苏晨寥寥几句就让柳孤城参悟了剑意，并且击败了林浩，众人看向苏晨的目光之中也是充满了敬畏，感觉到苏晨深不可测。林浩是吧？告诉摩罗尊者和张家，张坤是我杀的，要是想要找我报仇，就让他们自己来，不要老是派一些废物。苏晨看了林浩一眼，淡淡的说道：“你。”林浩的眼神中涌现出了一丝屈辱之色，愤怒到了极点。他林浩是什么人？ 神武学院的天骄弟子，被无数的师弟师妹所崇拜，如今却成了苏晨口中的废物。若非他此刻被柳孤城用剑抵着喉咙，他都想要冲上去跟苏晨拼命了。滚！柳孤城冷冷的说道。好，苏晨，我记住你了。你连我师尊都没有放在眼里，那你就等着承受我师尊的怒火吧。林浩死死的看了苏晨一眼，而后一咬牙，转身灰溜溜的走了。众人看向苏晨的目光中满是敬佩之色。 摩罗尊者可是神武学院的大长老，武尊巅峰的修为，实力深不可测，乃是公认的神武学院第二人，仅次于院长的存在。苏晨竟然连摩罗尊者都没有放在眼里，也不知道苏晨是狂妄还是真的而有所依仗。不过，众人普遍都不看好苏晨，觉得他面对摩罗尊者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苏晨表弟，多谢！柳孤城朝着苏晨郑重的行了一礼，认真的说道：“好了，柳叶狂风剑法已经交给你了。” 你不用再跟着我了吧？苏晨有些无奈的说道。面对柳孤城这样的剑痴，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苏晨表弟，我能够参悟剑意，全都是拜你所赐。以后但有所命，绝不推辞。我已经触摸到了武宗之境，所以要回去闭关修炼了。若是那摩罗尊者来找你麻烦，你就回柳家，他总会给爷爷几分面子，不会动你的。柳孤城认真的说道。对于沉默寡言的他来说，能够说这么长一番话，也算是很不容易了。好，我知道了。 苏晨微微一笑，而后转身朝着藏经殿之内走去。苏晨吗？有意思、啊。苏晨不知道的是，此刻藏经殿之上，一双美目看着他，充满了好奇之色。神武学院的藏经殿坐落于半山腰，面朝云海，古朴雄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藏经殿高五层，其中一二层普通学员可以随意观看，三层则只有内门学员才能够进入，四层更是只有核心学员才能进入。 而最高的五层所收集的全都是无比珍贵的武技功法，即便是核心学员、导师以及长老，也需要得到准许才能够进入其中。苏晨对于藏经殿的功法武技其实并不怎么感兴趣，毕竟他前世乃是九龙武帝，所修炼的九龙战天诀更是无上神级功法，所修行的天阶功法和武技不计其数。神武学院的藏经殿最厉害的也不过是地阶功法罢了。苏晨直接来到了第二层，第二层大都是一些黄阶功法和武技。 而角落里的几个书架之上，却有一些残缺的功法和武技。那些残缺的功法和武技，各种级别的都有，但要么无法修炼，要么没有后续的功法，所以会光顾这些残缺功法武技的学员很少。苏晨来到了那些残缺的功法武技之前，书架上一本本古籍、竹简、羊皮卷落满了灰尘，显示出已经很久没人光顾这里了。不过苏晨还是耐心的一本本翻阅了起来。找到了，苏晨的目光一闪，拿出了一本古籍。 御剑术，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武学。御剑术乃是地阶上品武学，能够让人御剑飞行，同时以精神力驾驭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威力无比恐怖。只不过这本御剑术只有一半修成之后，让人御剑飞行，至于精神力驾驭飞剑的法门却缺失了。如今的御剑术只能够算是玄阶上品武学。最关键的是，御剑术想要修炼极为艰难，必须要五阶精神力，同时要有普通人数倍的浑厚真气。 才能够修炼，所以很多人看到御剑术会感兴趣，但是看到苛刻的修炼条件，自然都会打退堂鼓。但这本御剑术却是苏晨的目标。这本御剑术虽然残缺，但是卧龙山秘境之中却有着完整的御剑术，而且修成御剑术更是得到卧龙山秘境之中最大机缘的根本。苏晨目光灼灼，心中暗暗想到：前世的时候，正是神武学院的一个人修成了御剑术，在卧龙山秘境之中得到了至高传承。 后来甚至成了一代剑帝，横扫天下，战力无双。所以这一次苏晨来藏经殿，就是要找到御剑术，为进入卧龙山秘境做准备。这本御剑术的修炼条件太苛刻，你虽然剑道天赋不凡，但恐怕也无法修炼成功。就在此时，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苏晨抬起头来，一个拥有着祸国殃民的容颜，身材高挑而火爆，身穿黑色长裙的少女出现在了苏晨的面前。 她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明亮而璀璨，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万种风情。即便是苏晨，也是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惊艳之感。他所见到的女子之中，也只有林若薇在容颜之上能够和眼前的女子相提并论。至于邓子辰和林青青，都要逊色一筹。君子玲，苏晨的心中浮现出了一个名字——神武学院最为精彩绝艳的大师姐，也是袁浩然的弟子。更重要的是，君子玲就是那个修成了御剑术。 后来得到了卧龙山秘境最大机缘的人，修炼条件确实苛刻。不过我准备试一试。”苏晨淡然一笑，道：“他如今拥有着六阶精神力，再加上九大真龙元丹，让他拥有了堪比常人十几倍的浑厚真气。这御剑术可以说就是为他准备的。随你吧。”君子灵也没有多做劝说，淡然一笑，道：“而后他充满兴趣的看着苏晨，道：‘你指点了柳孤城几句，竟然就能够让他击败林浩。这么说，你应该已经领悟剑意了吧？’” 要不咱们两个切磋一下？君子林的眼神中满是跃跃欲试的神色。这个战斗狂，苏晨心中苦笑了一声。和君子林那祸水般的容颜相对的，他是神武学院有名的战斗狂，无论是柳孤城还是林浩，都没少被他修理过。君子林天赋非凡，拥有着元灵圣体，天生精神力强大，所以才能够修成御剑术。而他也是武宗境的修为，如此看来，倒是一个好对手。苏晨也有些心动了、啊，或许可以和君子林交手。 来检验一下自己如今的战力，还是算了吧。你才元丹境一层，哪怕领悟了剑意，也不是我的对手。我君子林也不能趁人之危，还是改日再战吧。君子林想了想，有些苦恼的摆了摆手道。苏晨微微一愣，他这是被君子林给小看了。你未必是我的对手，虽然你修成了御剑术，虽然我只是元丹境，但你依旧没有胜算。苏晨淡然一笑道：“这么有自信？那咱们打一场。不过。” 你可不能怪我以大欺小。君子林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饶有兴趣的神色。要知道，在神武学院之中，那些师弟师妹见到他都是绕着走。虽然他拥有着祸水般的容颜，但却没有人敢和他亲近。实在是他的战力太恐怖了，就算是同境界一战，其他人也没有丝毫的胜算。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和君子林交手。而今天，君子林看到苏晨不过是元丹境，竟然这么主动。 顿时变得跃跃欲试了起来。可以，不过我们要不要赌点什么？苏晨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道：“你想赌什么？”君子林问道：“若是我赢了卧龙山秘境，你为我争取一个名额，带我进卧龙山秘境，如何？”苏晨微微一笑，道：“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卧龙山秘境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不过，君子林作为袁浩然的弟子，想要带一个人进去，还是很轻松的。” 你竟然知道卧龙山秘境，看来应该是柳相爷告诉你的。你为什么不去找柳相爷？这倒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你真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君子林的思维十分的跳脱，不过他对苏晨的兴趣也是越来越浓厚了起来。虽然苏晨在剑道上的天赋不凡，但毕竟只有元丹境，比他低了一个大境界。他不认为苏晨能够胜过他。这就是我的条件，你答应吗？苏晨淡然一笑，道：“答应。为什么不答应？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君子林满不在乎的说道：“我不可能败，若我真的败了，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苏晨自信的笑道：“好，小弟弟，姐姐就欣赏你这样自信的人，我也不欺负你。若是你败了，就陪姐姐我练剑，一直练到我领悟剑意，如何？”君子林笑盈盈的说道：“可以。”苏晨答应了。藏经殿不是切磋的地方，走，跟我去蝴蝶谷。”君子林说道。 蝴蝶谷乃是神武学院之中一处百花盛开的山谷，空谷幽兰，景色宜人，乃是君子林的居所。因为君子林的赫赫威名，平日里根本没有人敢闯入这里，简直快要成了神武学院的禁地了。苏晨跟着君子林来到了蝴蝶谷，蝴蝶谷之中百花盛开，蝴蝶飞舞，灵气氤氲，又有飞瀑流泉，激荡起道道水雾，景色美不胜收。瀑布之前，苏晨和君子林相对而立。苏晨，你尽管出手吧，若是。 你真的能够打败姐姐？姐姐任你处置哦。”君子灵笑盈盈的说道，一双勾魂夺魄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仿佛会说话一般，让人忍不住心神都被吸引而去。单以外表论，君子灵确实是绝代尤物。不过苏晨目光平静，丝毫不为所动，淡然一笑道：“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轰！他脚下微微一震，顿时大地轰鸣，周身真气轰然爆发开来，化成了一道道龙形真气，缠绕在他的周身。 而后，他凌空一掌击出，龙形真气爆发出了一道古老的龙吟之声，犹如真龙复生一般，朝着君子林袭来。来得好！君子林的目光一亮，露出了无比强大的战意。苏晨一出手，他就知道了苏晨的不凡。真气化形，这是武道宗师才有的手段。苏晨不过元丹境，竟然就能够让真气化形，可见其真气之浑厚，丝毫不逊色于武道宗师。再加上苏晨的掌法刚猛无比，仿佛能够降服真龙。 粉碎大地，让君子林都是感觉到了些许的压力。so 君子林脚下一点，纵身而起，周身真气汹涌，化成了一道道掌印，宛如天女散花一般飘落下来。但那掌印虽然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每一掌都暗含杀机。漫天的掌影汹涌而下，朝着苏晨笼罩下来。万花错乱掌，这是君子林所修炼的一种玄阶极品武技，威力无比的恐怖，即便是武道宗师都不敢接下这一掌。轰！但是。 那一条龙形掌印横空而来，宛如大日一般绽放出炽烈夺目的光辉，竟然犹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漫天的掌影粉碎，然后和君子林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虚空嗡鸣震战，君子林感觉到一股无可匹敌的神力袭来，整个人竟然不由自主地横飞了出去。他的万花错乱掌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破掉了。好掌法，这是什么武技？君子林目光璀璨夺目，压下涌动的真气，兴致勃勃的看着苏晨问道。 这一掌名为“龙战于野”，苏晨淡然一笑道：“苏晨所修炼的乃是九龙战天诀之中的武技‘大荒战龙掌’。大荒战龙掌总共有九招，九招都修炼到极致，能够爆发出无上神级武技的威力。第一招就是龙战鱼‘龙战于野’，‘龙战于野’的威力堪比玄阶极品武技。苏晨并未说出大荒战龙掌的名字，而只是说第一招是‘龙战于野’，就是不想暴露九龙战天诀。” 君子灵拥有着武宗六层的修为，比苏晨高了十几个小境界，更不要说君子灵还是元灵圣体。哪怕苏晨拥有着前世的经验和记忆，但毕竟修为相差太多，所以他并没有丝毫的留守，直接爆发出了最强大的武技——龙战于野吗？好名字，苏晨，你的战力很强，真气浑厚，天赋之强，乃是我平生仅见。接下来我可不会留守了。”君子林认真的说道，“不用留守。” 拿出你最强大的战力就行，接下来我同样不会留手。”苏晨说道。轰！他周身气血汹涌，脚踏大地，宛如一尊凶兽复苏，散发出恐怖无比的气息波动。苏晨眸光凌厉而璀璨，掌心之中喷薄出炽烈的光芒，又是一道凌厉地掌印，化成真龙，朝着君子林横压而去。战吧！君子林大喝了一声，道，周身真气瞬间喷薄而出，化成了一道道凌厉无比的剑气，朝着苏晨汹涌而来。 冲灵剑气，这是君子灵修炼的另外一种强大的武技，能够将自身的真气凝聚成灵力的剑气，瞬间从体内爆发出来，成百上千道剑气呼啸而来，爆发出无比恐怖的威力，即便是武道宗师的护体真气也无法抵挡。啊！一道凌厉地龙吟声响起，苏晨目光凌厉，他的掌印瞬间暴涨，宛如一座巨大的磨盘镇压下来，龙形真气同样凝聚到了极点。嗖！嗖！嗖！ 漫天的剑气落下，和龙形真气碰撞，轰然爆碎开来，炸开了一片汹涌的气浪。而苏晨的掌印和君子林则是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砰！虚空震荡，两人都是身形一闪，同时后退开来。哈哈哈，痛快！苏晨，再接我一道冲灵剑气！君子林的眸子之中战意升腾，十分畅快地笑道，而后周身的剑气又一次汹涌而出。君子林并指如剑，漫天的剑气瞬间汇聚。 凝聚成了一道十几丈长的璀璨剑气，宛如实质一般，凌空朝着苏晨斩落下来。他对于冲灵剑气的参悟已经达到了大成之境，能化成百上千道剑气融为一体，瞬间爆发，斩灭一切。这一剑，即便是武宗巅峰的强者都接不下，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斩杀。来得好！苏晨目光明亮而璀璨，没有丝毫的惧意，指尖喷薄出凌厉的剑气，刹那间犹如一道匹练长虹，贯穿虚空，朝着君子凌迎了上去。 太虚剑气，这是苏晨所修炼的另外一种强大的剑气，位列天阶，威力无比的恐怖。以他的修为，只能够勉强催动一丝剑气，但即便只是一丝剑气，依旧绚烂到了极致，凌厉无匹。咔嚓！君子灵的那一道冲灵剑气虽然有数十丈长，看起来威力无比的恐怖，但竟然被苏晨一剑斩爆，轰然炸碎开来。嗖！<So, S 1> 苏晨的剑气去势不减，速度极快，转眼间就到了君子灵的面前。 好霸道的剑气！君子林心中惊叹，那一道剑气凝聚到了极致，宛如一柄强大的神剑，让他都感觉到周身遍体生寒。so 君子林没有丝毫的犹豫，并指如剑，身后背负的一柄古剑瞬间出鞘，飞落在了他的脚下，而后将他托起，冲霄而起。御剑术！君子林竟然施展了御剑术，直接御剑凌空。要知道，御空飞行乃是武尊强者才有的特征，即便是武道宗师。 也只能够做到短暂的踏空，无法凌空飞行。君子灵施展御剑术，直接凌空而起，躲过了苏晨那无比霸道凌厉的太虚剑气。轰！苏晨的太虚剑气猛然斩在了远处的一颗巨石之上，将那颗有着数十万斤重的巨石斩成了齑粉。整个蝴蝶谷都在微微震颤。看到太虚剑气如此的恐怖，就连君子灵都是暗暗咂舌不已。苏晨，没有想到你竟然修炼了如此强大的武技。 这只怕是地阶武技才能够爆发出来的战力了吧？不得不说，你确实有战胜我的机会。但是现在我有御剑术，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等我耗尽了你的真气，输的就是你。”君子灵笑盈盈的说道，他的一双美目之中泛出了道道异彩，对眼前的苏晨是越发的感兴趣了起来。“是吗？”苏晨淡然一笑道，而后他强大的精神力喷薄而出，储物戒之中飞出了一柄长剑，被他的精神力控制，瞬间落在了他的脚下。 将他托起，苏晨同样是御剑凌空，出现在了君子林的面前。御剑术，君子林惊呼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震惊的神色。君子林修成了御剑术，他自然知道御剑术有多难，即便是他拥有着武道宗师的修为，又有特殊的体质，天生精神力强大，也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御剑术修炼成功。但是苏晨今日刚刚才在藏经阁看到过御剑术，最多不过看过一遍罢了。 但现在竟然直接就能够御空飞行了，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修成了御剑术？君子林死死地盯着苏晨道：“御剑术很难吗？”苏晨淡然一笑道：“这御剑术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想要修成无比艰难，但是苏晨前世乃是九龙五帝，什么逆天的功法没有见到过？更不要说他精神力强大，看了一遍御剑术就明白了其中的玄奥，所以十分轻松的就御剑凌空。此刻，苏晨白衣胜雪。” 御剑凌空而起，宛如谪仙凌尘一般，自有一种飘渺而出尘的气质。就算你会御剑术，你也别想击败我。君子凌娇哼了一声道，然后脚下流光一闪，飞剑纵横虚空，瞬间朝着远处掠去。御剑术可不是你这样用的。苏晨微微一笑，道，而后他并指如剑，剑气如龙，脚下的飞剑同样是横空而去，比君子凌的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苏晨脚下的飞剑。 仿佛融合了四方天地之力，化成了一道道凌厉的剑光，刹那间朝着君子灵笼罩而去。给我破！君子灵大喝了一声道，一道道掌印拍落下来，想要将那些剑光拍碎。但很快，君子灵就知道他错了。轰隆隆，漫天的剑光交织，蕴藏着一种惶惶大势，能够斩灭一切。君子灵的掌印纷纷被剑气斩灭，而后一道道剑气漂浮在君子灵的周围，将他浑身的要害都锁定了起来。 剑气寒芒四射，喷薄凌厉的杀意让君子灵浑身一僵，顿时再也不敢飞走了。天地之力，这是武道王者才能够驾驭的天地之力，你是怎么做到的？君子灵盯着苏晨问道。苏晨给他的震惊越来越多，无论是以元丹境的修为击败了身为武道宗师的他，还是瞬间修成了御剑术，如今苏晨竟然连天地之力都掌控了，他差点都以为苏晨是某个驻颜有术的武道王者了。不对。 这是御剑术的力量。君子林忽然看到了苏晨脚下的飞剑，剑气如虹，喷薄而出，裹挟着浩瀚的天地之力，让他瞬间想到了什么。看来你还不算笨。苏晨淡然一笑，道：“御剑术若只是能够让人御空飞行，那也配不上地阶武技的名头了。尽管如今有所残缺，但其中依旧有着无穷的妙用。以神御剑，更重要的是以神御空，驾驭天地之力，从而爆发出剑道的极致锋芒。” 苏晨缓缓说道：“原来是这样吗？”君子林的目光越来越亮。苏晨的话仿佛让他豁然开朗了起来。他修炼御剑术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御剑术另有玄妙，应该不止御空飞行那么简单。但是至于有什么玄妙，他又是捉摸不透。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原来驾驭天地之力，以神御空，这才是御剑术的精髓。我拜了，君子林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而且是拜的心服口服。 他原本根本不认为自己会输给苏晨，但是现在他明白，苏晨虽然修为不如他，但无论是天赋还是战力，都远在他之上。和苏晨一比，王都之中那些所谓的武道天才，简直是黯然失色。承让了。苏晨一挥手，收了漫天的剑气，而后凌空飞落下来。他虽然赢了，但是君子林的战力确实很强大。若非他动用了九龙战天诀之中的逆天武技，再加上御剑术，想要赢君子林，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他的目的也达到了。苏晨，你放心，卧龙山秘境开启之后，我会带你一同前往。不过御剑术，我能否请教一二？”君子林说道，而后眼神中带着期待之色。看到苏晨施展御剑术，他才明白御剑术的精髓和奥妙，让他心中更是难以按耐。可以，苏晨微微一笑，道：“御剑术的玄妙，只要君子林稍加参悟，自然就能够修炼成功。只不过是君子林没有参破那最后一层罢了。” 苏晨将他所体悟的一些东西告诉了君子灵，更是让君子灵佩服的五体投地。苏晨，你怎么在君姐姐这里？就在此时，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苏晨和有些意犹未尽的君子灵抬起头来，发现一个身穿红裙、容颜绝丽的少女来到了蝴蝶谷之中，眼神中满是好奇的神色。正是小公主林青青。林青青和君子灵乃是好姐妹，所以平日里会经常来蝴蝶谷之中看望君子灵。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苏晨。 林青青的目光在苏晨和君子林的身上扫过，看到他们额头上细微的汗珠，以及君子林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由得露出了一丝狐疑之色。有古怪！我和苏晨师弟是在藏经殿遇到的，正好在这里切磋一下。青青，你怎么来了？君子林解释了一句，然后问道：“切磋？君姐姐，你还真是个战斗狂。苏晨才突破元丹境，你可不要欺负他。”林青青没好气的说道。但是听到苏晨和君子林是在切磋， 他不知道为何心中莫名的松了一口气，我欺负他，是他欺负我，好不好？君子林说道：“欺负你？他怎么欺负你了？”林青青心中一紧，连忙问道。她的一双眼睛不断的在苏晨和君子林的身上打量，难不成这两个家伙真的有奸情吗？当然是他打败了我呀，要不然你以为是哪种欺负？青青，你不会是吃醋了吧？君子林笑道，而后不怀好意的看了林青青一眼。 林青青顿时满脸通红，连忙否认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怎么可能会吃醋？等等，你说什么？他他打败了你？”林青青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苏晨打败了君子林？君子林是什么人？那可是神武学院的大师姐，拥有着武宗六层的修为，即便是一般的武宗巅峰的强者，都未必会是他的对手。林青青虽然知道苏晨天赋不凡，但也不认为苏晨会是君子林的对手。 但现在他听到了什么？苏晨击败了君子林，是啊，你不知道苏晨师弟真是太厉害了，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男人这么厉害，搞得姐姐我都要心动了。小青青，你要是不吃醋，那姐姐我可要下手了。”君子林笑盈盈的说道，仿佛丝毫都没有顾及旁边的苏晨。苏晨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你个小浪蹄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君子林的话让林青青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扑了上来。 做事要打君子林，哈哈，小青青，我就知道你动了春心。来来来，给姐姐摸摸，你最近是不是又长大了？君子林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同样是扑上来和林青青闹作一团。嘿嘿，两位，若是你们没事，那我就先走了。苏晨看到二女如此的旁若无人，轻咳了一声，就要告辞离开。苏晨，你等一下！林青青连忙喊了一声，脸上满是红晕，狠狠地瞪了君子林一眼。七日后。 就是我的生辰，你你会来吗？林青青无比期待的看了苏晨一眼，道：“生辰，那真是可喜可贺了。既然公主殿下相邀，我自然会去。”苏晨微微一笑，道：“那说好了，七日后我会在清泉宫举办生辰，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林青青有些羞涩的说道：“好。”苏晨答应了下来，而后就告辞了。小妮子，你告诉姐姐，你是不是喜欢苏晨？不过。 这么一个翩翩美少年，又是武道天才，姐姐我都动心了。君子林拍了拍林青青的肩膀，打趣的说道：“我我没有，你别胡说。主要是七日之后我的生辰，大燕国会来人，我想让苏晨给我来镇场子。”林青青闹了个大红脸，道：“大燕国不会是你那个夫君大燕太子吧？他莫非是来提亲的？”君子林微微一愣：“我也不知道，但我不喜欢那家伙，总感觉他来没有什么好事。” 既然苏晨实力这么强，到时候正好可以替我教训一下那个家伙。林青青摇了摇头道：“你还真是重色轻友，要教训那家伙，姐姐我帮你不就行了？放心吧，到时候姐姐我也去给你撑场子。”君子林搂着林青青的脖子，豪气的说道：“王斗，张家，张家家主张红以及众多长老都在，气氛无比的沉重。那个小畜生竟然是柳文燕的外孙，该死，该死啊！” 张红目光通红，充满了杀意。家主，若那个小畜生只是个乡下来的小子，哪怕他修为再高，那我们碾死他就像是碾死蚂蚁一般简单。但现在他妹妹成了院长的亲传弟子，他们更是住进了刘府，想要对付他们就太棘手了。一个张家的长老沉声说道：“没错，家主，我觉得如今只能够按照摩罗尊者的想法来了，请风雨楼的杀手暗中将他宰了。”另一个长老杀气腾腾的说道：“好。” 既然如此，那就动用家族宝库吧，拿出灵石，请风雨楼的杀手。我要让那苏晨死无葬身之地。张红一拍桌子，猛然站了起来，寒声说道：“是。”众多长老同时起身，躬身领命道：“神武学院外门别院，这里是神武学院的普通学员居所。苏晨被院长破格录取为神武学院的学员，自然有只是为他安排了一座小院。苏晨在这里暂住了下来。” 他来神武学院就是为了等待他未来的那位师尊，而且神武学院占据王都灵脉，灵气浓郁，正适合修炼。苏晨的体内有着九颗真龙元丹，固然他比常人的真气要浑厚数十倍，但他修炼所需的资源也是常人的十倍百倍。幸好他有一个好徒弟，古岩大师知道苏晨修炼需要灵石，所以将万宝商会之中的数万颗灵石都拿给了苏晨修炼。有了这数万颗灵石，足以让我修炼到武宗之境了。 苏晨暗暗想到，他盘坐在房间之内修炼，周围摆满了晶莹剔透的灵石，氤氲着浓郁的灵气，不断的融入到他的体内。短短几日的时间，他就吸收了上万颗灵石，而他的修为也是提升到了元丹境三层。元丹境三层吗？卧龙山秘境开启之前，应该能够提升到元丹境九层。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眸子之中金芒闪烁，他周身有着许多光泽暗淡的灵石，已经被他吞噬了所有的灵气。 变成了最为普通的石头，而他的气息也比之前更强盛了几分。若是让人看到，短短几天时间就让他突破了两个小境界，只怕眼珠子都要瞪出来。毕竟元丹境的修炼需要积累磅礴的真气，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动则数月，甚至是数年。苏晨的修炼速度简直是惊世骇俗。嗯，忽然，苏晨一阵心血来潮，感觉到了一股浓烈的危机感，他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寒芒。 瞬间看向窗外，嗖、so, so, so，嗖，嗖，一道道犹如毛发般粗细的银针瞬间洞穿窗户，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朝着苏晨周身笼罩而来。同时，他的头顶之上，一道犹如毒蛇般的剑光从天而降，朝着他的头顶要害刺来。窗外的暗器和头顶的袭杀配合的妙到毫巅。有刺客！苏晨心中一动，顿时就明白了过来。轰！他周身真气汹涌澎,澎湃。 刹那间震动四方虚空，一条龙形真气瞬间席卷而出，挡在了他的面前。叮叮当当，一阵金铁交击之声响起，火星四射。那漫天席卷而来的银针，竟然被龙形真气全部挡了下来。同时，苏晨身形一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了头顶上的必杀一击。轰！他的出手快如闪电，刹那间一拳轰出，刚猛无匹的拳印，劲风四射，直接朝着头顶之上的那一道身影轰去。 那是一个浑身笼罩在黑影之中的刺客，他都没有想到苏晨的反应竟然如此之快，而那一拳让他也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他竟然不闪不避，手中黑色的短剑划过一道幽暗的光芒，朝着苏晨的脖梗滑落，狠辣果决，完全是以命搏命的打法。他仿佛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唯一的目标就是杀了苏晨。但是苏晨仿佛料到了他的动作，在那道黑色的短剑袭来之时，已经凌空一脚踢出。 轰！苏晨的一脚快如闪电，正中黑衣刺客的手腕，将短剑踢飞了出去。而后，苏晨的那一拳则是狠狠地轰在了黑衣刺客的胸膛之上。只听见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骨骼折断，黑衣刺客的胸膛塌陷，瞬间横飞了出去。砰！他砸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之上，而后无声无息的滑落，气绝身亡。苏晨的那一拳霸道无比，已然轰碎了他的心脏，将他直接击杀了。嗖！So 与此同时，苏晨感觉到身后劲风袭来，窗外的那个刺客也是瞬间杀入了进来。一柄细长的剑犹如毒蛇般朝着苏晨的心脏刺来。轰隆<弄>！苏晨脚下一震，宛如大地震一般，让大地轰鸣震颤。恐怖无匹的真气从他的体内爆发出来，宛如剑气一般凌厉。他的身后，真气宛如剑气一般挡住了那柄细长的剑。而后，苏晨猛然转过身来，一掌拍出。啊！ 仿佛有轻微的龙吟声响起，大荒战龙掌刚猛霸道，竟然直接拍在了那柄细长的剑之上，将其拍成了粉碎。而后，掌印去势不减，犹如闪电般拍在了身后那个刺客的面部，噗，像是西瓜炸开，血光弥漫，身后那个刺客的脑袋直接碎裂开来，脑浆迸裂，然后瞬间栽倒在地，气绝身亡。两个刺客几乎是在片刻间就全都死在了苏晨的手中。风雨楼的银牌刺客吗？ 很好，苏晨从那两个黑衣刺客的身上找到了两个银色的令牌，眸光冰冷无比，冷笑了一声道：“这两个刺客都是武宗境的高手，实力强大，乃是风雨楼的银牌刺客。若是换做其他的武道宗师，在他们妙道豪癫的配合之下，必死无疑。”苏晨没有想到，风雨楼这个臭名昭著的杀手组织，竟然惹到他的头上来了。咚咚咚！就在此时，苏晨忽然听到敲门声，他的目光一闪，收敛了浑身的煞气。 然后走了出去，打开了小院的门。见过苏晨公子，一道甜甜的声音响起。苏晨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长裙、面容绝美、看起来淡然而温婉、有一种柔弱气质的少女，正是邓子辰。邓小姐，你怎么来了？苏晨微微一愣，笑了起来。之前在万宝商会之中，邓子辰被神武学院的人接走了，成了神武学院的学员。苏晨没有想到邓子辰竟会来看他。苏晨公子。 你叫我子辰就好了。我已经拜了二长老为师，听闻苏晨哥哥也来了神武学院，所以故此前来拜见。冒昧之处，还请见谅。邓子晨有些羞涩，但还是认真的说道：“二长老，慕容静，原来如此，恭喜你这么快就开辟了丹田气海，跨入了练气境。”苏晨的目光一闪，察觉到了邓子晨身上的真气波动，微微一笑道：“前几日，邓子晨还没有任何的修为，短短几日就让他直接跨过了肉身境。” 开辟了丹田气海，进入了炼气境，也只有慕容静才能够做到了。而且邓子辰的体质也很特殊，乃是清净灵体，天生百脉俱通，不染尘埃，宛如琉璃无瑕，乃是顶级的修炼体质，所以他才能够在短短几日就直接开辟了丹田气海。你认得我师尊？我也没有想到我修炼的这么快，不过比起苏城公子还差得远。邓子辰有些惊讶，但还是谦虚的说道：“二长老慕容静。” 在神武学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不过当他的弟子也算是你的福气。”苏晨微微一笑道：“二长老慕容静虽然名字里带一个‘静’字，但却和文静一点都不沾边，甚至可以说是狂暴。若说神武学院的弟子最怕的人是谁，君子林只能排第二，慕容静却排第一。慕容静善使一双紫金巨锤，天赋神力，脾气火爆。神武学院的长老和导师没少挨他的揍，即便是神武学院的学员。” 他若是看不顺眼，都会拉出来切磋一二，根本不管什么以大欺小。神武学院的学员见到慕容静，简直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般，可以说是所到之处闻风丧胆。慕容静和大长老摩罗尊者都是武尊巅峰的修为，被誉为院长之后，最后希望突破武王境的人。师尊对我确实不错。”邓子辰笑着说道，而后有些羞涩的问道：“苏晨公子，莫非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吗？进去坐坐倒是没问题，不过你可不要被吓到。” 苏晨淡然一笑，道：“哦。”邓子辰的眼神中满是好奇之色。不过，当他和苏晨进入到小院，来到房屋之中的时候，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听到苏晨的讲述，邓子辰更是无比的气愤。苏晨公子，风雨楼太嚣张了！这里可是神武学院，风雨楼那些鼠辈也敢在神武学院放肆？你放心，我回去就告诉师尊，师尊不会放过他们的。风雨楼在大黎王国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虽然说风雨楼是大理王国最大的杀手组织，但是和神武学院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若非是风雨楼的总部太过隐秘，袁浩然早就荡平了风雨楼。多谢，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吧。苏晨淡然一笑，道：“邓子辰又怎么会知道风雨楼的刺客之所以找上门来，完全就是张家的指使。苏晨已经决定了，要将风雨楼连根拔起，包括张家。别人不知道风雨楼的总部，但是苏晨知道。” 这些阴魂不散的家伙，真以为他苏晨是好招惹的吗？好吧，邓子辰看到苏晨坚持，也只好答应了下来。和苏晨闲谈了片刻，邓子辰让苏晨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就告辞了。虽然苏晨让他不要插手，但是风雨楼的刺客敢在神武学院公然行刺，必定会引起神武学院的怒火，恐怕他那闲极无聊的师尊又要提着一对大铁锤四处溜达了。风雨楼的那位神秘楼主，应该只是武尊境的修为，以我如今的修为。 尚且不是其对手，等我突破武宗境之后，就去风雨楼走一趟，将风雨楼抹去。苏晨的眸子之中金芒璀璨，心中暗暗想到。送走了邓子辰之后，他又盘坐下来，继续炼化灵石修炼了。刺杀失败了，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身影站在张红面前说道：“失败了，怎么会？你们风雨楼不是派了两个银牌刺客吗？号称连宗师都可以刺杀，为什么杀不了苏晨那个小畜生？” 张红猛然转过身来，眼神中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张家主具体情况还要调查，或许并不是苏晨杀的，毕竟神武学院之中强者云集。不过你放心，既然收了你的钱，我风雨楼自然会将此事负责到底。”黑袍身影淡淡的说道。“神武学院，你，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听到神武学院之后，张红吓得脸色大变，眼神中涌动着无比愤怒的神色。他没有想到。 风雨楼竟然如此的胆大包天，直接闯入了神武学院之中刺杀苏晨。风雨楼那群臭水沟里的老鼠还真是丧心病狂啊！张红怕的就是神武学院震怒之下，若是查到了是他张红买凶杀人，他们整个张家只怕就都要完蛋了。张家主放心，没有人能够撬开我风雨楼刺客的嘴，所以绝不会牵连到你。你放心，下一次苏晨必死无疑。黑袍身影淡淡的说道：“但愿吧。” 张红冷哼了一声，道：“脸色有些难看。”告辞。黑袍身影点了点头，然后一股黑烟升腾而起，她犹如鬼魅一般，直接消失在了张红的面前。清泉宫今日是小公主林青青的寿辰，所以整个清泉宫张灯结彩，早就被打扫得焕然一新。宫女、太监们都换上了红色的衣裙和袍子，在各处忙碌，将各色灵果佳肴摆放在了案几之上。而清泉宫外，不断的有客人到来，奉上珍贵的贺礼。 林青青作为大黎王最宠爱的小女儿，武道天赋非凡，更是生得国色天香，所以她的生辰吸引了大黎王都无数的少年天骄前来。一个个俊朗不凡的武道天才，俊容俊朗，气息强大，目光璀璨而高傲，带着自信之色，走入到了清泉宫之中。当苏晨来到清泉宫的时候，清泉宫已经无比的热闹，外院以及宫内都坐满了人。不过，虽然宾客众多，但能够进入到宫内落座的却是极少数，无一不是身份尊贵之辈。 或者是王都之中极负盛名的武道天才，神武学院苏晨公子到。迎宾太监的声音响起。原本在清泉宫之中正百无聊赖的林青青目光一亮，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连忙起身迎了出去。看到林青青竟然主动起身相迎，清泉宫之中的众多宾客眼神中都是露出了各异的神色。这苏晨是谁？竟然能让公主殿下起身相迎？是啊，公主殿下是最骄傲的，就连太子和二皇子。 他都没有起身相迎，苏晨，莫非就是那个杀了张坤，得到了神武令的苏晨吗？那不是一个乡下来的小子吗？有什么资格让公主殿下主动迎接？众人议论纷纷道，眼神中满是好奇之色。尤其是林青青下手左右两侧，是一个头戴玉冠、身材修长、面容俊朗的青年，以及一个身穿蟒龙紫袍、目光有些阴鸷的青年，正是大离王国的太子和二皇子。太子是国之储君。 而二皇子也深得王上信重，无论是武道天赋还是能力，都是首屈一指。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大黎的下一代王上必定会在太子和二皇子之间产生。他们都知道林青青在父王心中的分量，所以也都在争取林青青的支持。在林青青的生辰，更是亲自前来祝贺。只不过听到苏晨的名字之后，太子和二皇子的神色并不相同。太子则是充满了好奇，能够让他这位骄傲的妹妹如此在意，他也好奇苏晨是何等人物。 至于二皇子，眸子之中则是露出了一丝寒意，因为无论是张红还是摩罗尊者，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苏晨杀了张坤，得罪了张红和摩罗尊者，他虽然希望得到林青青的支持，但却绝不可能为了苏晨放弃张红和摩罗尊者，所以这个苏晨算是他的敌人。既然是敌人，二皇子对待敌人的态度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其彻底的消失。苏晨吗？二皇子心中冷笑了一声，目光变得无比危险了起来。 清泉宫外，苏晨一袭白衣，清秀而俊朗，缓缓迈步而来。苏晨，你来了。林青青来到大门口，眼神中满是惊喜和羞涩。她今天一袭红色宫装，金线绣凤凰，显得雍容华贵，让她原本绝美无比的面容又平添了几分尊贵和威严，让人不敢与之逼视。而周围的众人也是惊呆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过林青青露出如此小女儿的姿态？这个苏晨到底是何等人物？ 所有人心中都是充满了疑惑。公主殿下，生辰快乐！苏晨微微一笑，道。然后他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一方玉盒，递给了林青青：“这是我亲手炼制的一颗丹药，送给你了。”苏晨说道。多谢！林青青满脸都是惊喜之色，将玉盒接了过来。她很想当即就打开玉盒，看看苏晨为她炼制的是什么丹药，但是眼前宾客众多，她又不好意思，只得依依不舍的收了起来。快随我进去！林青青笑道。 拉着苏晨进入到了清泉宫之中。进入到了清泉宫之后，苏晨被林青青安排在了左侧第二个位置，仅次于太子殿下。看到林青青对苏晨如此的看重，众人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目光全都在苏晨的身上。在下林峰，见过苏公子。坐在苏晨一侧的太子殿下林峰看起来温文尔雅，玉树临风，微微一笑道：“见过太子殿下。”苏晨回礼，虽然只是扫了一眼，但他也看出了这位太子殿下。 拥有着武道宗师的修为，根基深厚，而且虽然外表温和，但却颇有城府的样子。相反的，对面的二皇子林奇目光阴鸷，气息阴寒，给人的感觉十分的跋扈和阴冷，而且一双眸子一直在不断的打量着苏晨。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苏晨心中有了判断。苏晨，你这个杀人凶手也配坐在这里？还不滚出来受死！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声音响了起来，众人的目光一闪，看到清泉宫外。 一个身材挺拔、俊朗不凡的年轻人随着太监迈步而入，顿时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张乾，张红的大儿子，也是张坤的哥哥，他也在神武学院之中修行，之前一直闭关修炼，冲击武宗之境。没有想到他竟然出关了。他也是神武学院的天才弟子，以他的身份，自然有资格进入到清泉宫之中。但谁能够想到，张乾竟然遇到了苏晨，正可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张乾。 今天是本宫的生辰，你能来本宫自然很高兴。但是清泉宫不允许任何人闹事。林青青的面色一冷，警告的看了张乾一眼，同时她心中也是有些后悔，怎么忘了张乾这家伙？她更没有想到，她过生辰，张乾竟然出关，而且还亲自来了清泉宫，这一下可就麻烦了。公主殿下，今天是你的生辰，不错，我也是来道贺的。但是你明明知道苏晨是杀人凶手，他杀了我的弟弟，你竟然还让他好好的坐在这里。 这是大离的耻辱，也是公主殿下你的失职。张乾冷笑了一声，道：“他仿佛丝毫都不在意，这是林青青的生辰。看到苏晨的那一瞬间，他就决意要撕破脸了。而且在众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张乾和二皇子偷偷的交换了一个眼神，只有苏晨看到了。想找我的麻烦吗？真是有意思啊！”苏晨心中冷笑道：“张乾，你放肆！”林青青气得脸色通红，指着张乾怒声道：“苏晨！” 你难道甘愿当个缩头乌龟吗？有种的话就滚出来！今天我要亲自为我弟弟报仇。张乾的目光落在了苏晨的身上，充满了杀意的说道：“报仇？你确定不是找死？”苏晨站了起来，淡淡的说道，他的目光平静无比，仿佛没有丝毫的波澜。即便是能够感觉到张乾的修为突破到了武宗之境，但依旧没有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好好好，苏晨，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张前目光通红的说道：“张前你大胆！这里是清泉宫，不是你张家。若是你再敢出言不逊，我就让人将你拿下了。”林青青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面如寒霜的说道：“妹妹，今天是你的生辰，不要动怒。既然张前指认苏晨是杀人凶手，苏晨也没有否认，这属于他们个人的恩怨，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就是，我们也好做个见证，如何？”二皇子林奇目光一闪，站了起来，微微一笑道。 二哥，可是苏晨他杀张坤，是因为张坤要杀他，他只是自保而已。张乾纯属无理取闹。林青青有些着急，连忙说道：“妹妹，我们又不是当事人，如何得知这种生死恩怨？我们也不好化解，不如让他们打一场，点到为止，方能化解他们心中的恩怨，如何？”林奇淡然一笑，道：“二弟此言差矣。苏晨公子不过是元丹境的修为，而张乾却是武宗境，两人相差了一个大境界，如何能够一战？” 太子林峰也在站了出来说道：“大哥，生死仇怨又如何能以修为境界来衡量？要不看看他们两人愿不愿意一战如何？”林奇淡淡一笑，道：“苏晨，你敢和我一战吗？若是你赢了，我就再也不追究你杀我弟弟的事；但你若是输了，就为我弟弟偿命吧。”听到林奇发话，张乾顿时盯着苏晨，寒声说道：“战，倒也不是不行，但若是我赢了，我要你的命。”苏晨淡淡的说道。 话音刚落，满堂皆惊，众人都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敢应战，而且还扬言要取张乾的命。苏晨不过是元丹境的修为，比张乾低了一个大境界，元丹境又如何会是武道宗师的对手？毕竟苏晨在大力王都并未当众出手过，即便是他曾经击败了君子林，但除了君子林和林青青之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苏晨真正的战力，所以没有人认为苏晨会是张乾的对手。 张前乃是神武学院的天才弟子，虽然天赋比起柳孤城和林浩要差一些，但不到三十岁就突破到了武道宗师，依旧是无比的强大。好，咱们就赌命。苏晨，希望你不要后悔。张前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冷笑了一声，道：“他生怕苏晨会反悔，当即就答应了下来。”青青，你看他们两人都同意了，你还要反对吗？二皇子林奇看了林青青一眼，微微一笑，道：“他自然也不信苏晨会是张前的对手。” 所以乐得看着苏晨死在张前的手里，而且正好可以用张前来试试苏晨的底细。哼，既然他们都同意了，我自然没有意见。不过张前若是死在了清泉宫，谁要是敢找苏晨的麻烦，就是和我为敌。林青青冷哼了一声，面无表情地说道：“他自然知道苏晨真正的战力，连君子林都不是苏晨的对手，区区一个张前又算得了什么？他只是不爽在他的生辰之上，张前竟敢如此不知死活，逼迫他林青青的朋友。” 青青，清清你对苏晨这么有信心，那我就要拭目以待了。二皇子林奇的目光一缩，淡然一笑，道：“众人也都是无比的震惊，他们没有想到林青青竟然对苏晨如此的有信心，铁了心认为张乾会死，而且还如此坚决的要护着苏晨。”张乾的脸色则是有些挂不住了，眸子之中的杀意越发的浓烈。既如此，那就来吧！张乾的声音冰冷无比，周身浩瀚的真气轰然爆发，凌空一拳朝着苏晨轰来。 好，oh, 那一拳宛如虎啸一般，在张前的身后竟然浮现出了一尊黑色巨虎的虚影，散发着滔天的凶煞之气。虎啸拳，这是张前所修炼的一种玄阶上品武技，威力刚猛无匹。虎啸拳，虎啸山林，猛虎真行。没有想到张前竟然将虎啸拳修炼到了大成之境，这一拳谁人可挡？苏晨输定了。莫说他只是元丹境，即便是他突破到了武宗境，这一拳都很难抵挡。 众人都是惊呼出声，眼神中满是敬畏之色。张乾一出手，他们就知道了厉害。这一招爆发出来，已经不输于老一辈的人物了。来得好！苏晨的目光淡然而平静，他脚下一步迈出，周身真气喷薄而出，化成了一道刚猛无匹的掌印，瞬间拍出。啊！古老的龙吟之声震动虚空，苏晨的手臂之上仿佛缠绕着一条神龙，要冲霄而起，飞向九天之上。那种刚猛无匹、破碎一切的气势和威严。 让周围的众人都是不由得脸色一变。大荒战龙掌第二招，飞龙在天。苏晨根本没有打算和张前缠斗，他要的就是摧枯拉朽，要的就是狂风扫落叶一般击溃对手。对付区区一个武宗境一层的张前一招足以，轰隆隆！清泉宫之中，虎啸龙吟，真气汹涌，让整座宫殿都在嗡鸣震战。所有人都是露出了无比震动的神色，被那种激荡的真气一扫，不由自主的后退开来，气血翻涌。砰！ 刹那间，拳掌相交，虚空如同雷鸣一般震荡，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那一尊黑色的巨虎竟然摧枯拉朽一般被冲霄的神龙轰碎，而后狠狠地轰在了张前的身上。啊！噗！张前的口中发出了一道惨叫之声，喷出了一口鲜血，直接横飞了出去。轰！他狠狠地砸在了远处坚硬的墙壁之上，胸膛塌陷，浑身骨头不知道断了几根，脸色苍白无比，瞬间就被重创了。什么？ 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乾竟然一招就被苏晨给重创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你怎么可能这么强？张乾状若疯狂，眼神中满是绝望而痛苦的神色，口中不断的喷血，充满了不甘和难以置信。苏晨的那一招“飞龙在天”太恐怖了，让他感觉到像是在面对一尊真正的神龙，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手之力。更重要的是，苏晨那一掌不但将他浑身筋骨打碎。 更是摧枯拉朽一般毁了他的丹田气海，他张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我没有兴趣回答一个死人的问题。”苏晨淡淡的说道，而后屈指微弹，一道剑气从指尖射出，直接洞穿了张前的眉心。张前瞬间气绝身亡。谁都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的杀了张前以元丹境逆斩武道宗师，他们简直是闻所未闻。顿时，众人看向苏晨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敬畏之色。 二皇子林奇则是瞬间神色阴沉了起来，他刚刚一副看戏的姿态，想要让张乾狠狠教训苏晨一顿，甚至是杀了苏晨，但他没有想到苏晨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几招之内就杀了张乾，甚至于他连阻止的时间都没有。苏晨如此的狠辣果决，让他心中更是感觉到了浓浓的威胁。张乾之死是他咎由自取，诸位可有异议？林青青看到苏晨杀了张乾，顿时站了起来。 目光扫视着清泉宫之中的众人，淡淡的说道：“众人都是不由得心中一凛，他们都明白林青青的意思。林青青是在用她的态度说，苏晨他保定了。小妹说的不错，张乾在小妹生辰之日敢如此放肆，而且还和苏晨公子定下了生死之战，如今他死在苏晨公子的手里，是他该死。”太子林峰也是目光一闪，淡然一笑，道：“听到林青青和太子都为苏晨作保，众人也都不敢多说些什么，尤其是二皇子林奇。” 更是脸色铁青，这一次可是丢人丢大了，不但没有能够斩杀苏晨，反而让张乾死在了这里，同时也让林奇越发觉得苏晨威胁之大，必须要除之而后快。很快，张乾的尸体被拖下去了，血迹被清洗，就像是刚刚的那场战斗从未发生过一般。但众人看向苏晨的目光之中，都是充满了敬畏之色。神武学院，君子林小姐到。就在此时，随着一道太监的声音响起。 一道靓丽的身影走入到了清泉宫之中，那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裙、身材火爆而高挑、面容绝美无比的少女，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蕴藏着万般的风情。她一进入到清泉宫之中，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身上，甚至是太子林峰以及二皇子林奇都是不由得眼睛一亮。君子林来了，这位神武学院的天之骄女，也是院长的弟子，容颜绝色无双，乃是无数王都天骄心中的女神。林峰和林奇。 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们来此的目的更重要的还是君子林。君子林是神武学院院长的弟子，而且亲如父女，更是有传闻，谁娶了君子林，谁就能够问鼎未来的大黎王位。毕竟，神武学院的院长袁浩然乃是大黎王国的定海神针，超然物外，对于大黎王位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要说君子林天赋无双，战力超绝，有机会突破武王之境，本身更是风华绝代，容颜绝丽。林峰和林奇。 看到君子林之后，都是目光火热，不过君子林却没有看众人一眼，而是对着林青青笑盈盈地说道：“青青，不好意思，我最近忙于修炼，差点忘了你的生辰，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君姐姐，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林青青也是露出了笑容。这是我师尊擒杀的一头恶蛟，我将其精抽了下来，炼制了一件灵器，名为赤龙鞭，你看看是否喜欢？”君子林将一方木盒拿了出来，递给了林青青，笑道。 多谢君姐姐，林青青甜甜的道谢，然后打开了玉盒。玉盒之中，一条火红色的长鞭，散发着淡淡的龙威光芒，氤氲而璀璨，锋芒无匹，一看就不是凡物。林青青瞬间就喜欢上了，竟然是玄阶极品灵器。君姐姐破费了，林青青无比激动的说道。而周围的众人也都是震惊了。呃，蛟，能够被称之为蛟的，至少也是六阶妖王吧？院长大人竟然能擒杀妖王，果真是恐怖如斯。 啧啧，玄阶极品灵气啊，恐怕整个大黎王国都没有几件。君子林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啊！不愧是院长的弟子。众人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羡慕和震惊的神色。大黎王国之中是没有妖王存在的，而且能够称之为妖王的妖兽已经开了灵智，实力强大，比一般的武王还要凶悍。院长能够斩杀妖王，让他们都是对袁浩然越发的敬畏了起来。不客气。咦，苏晨，你也来了。 君子林大方的摆了摆手，就在此时，他的眼睛一亮，看到了旁边的苏晨，顿时笑盈盈的走了上来。见过君姑娘，苏晨笑着回礼。苏晨，我最近御剑术大成，有机会咱们好好的打一场呗。这一次我可不会让着你了。君子林战意昂扬的说道。可以，看到君子林的样子，苏晨也是笑道。他能够从君子林的身上感觉到一股凌厉无双的剑意，恐怕君子林是真的在御剑术之上有所突破。 苏晨也是颇为好奇，看到君子林和苏晨谈笑风生，想要上前说话的太子林峰有些尴尬，而二皇子林奇索性就是妒火中烧。凭什么？苏晨一个乡下来的贱民，凭什么能够得到君子林的青睐？二皇子林奇虽然心中妒火中烧，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掌心之中光芒一闪，浮现出了一方玉盒。青青，这是二哥我在卧龙山之中发现的一株七叶青莲，最适合女子的体质，服用之后可以脱胎换骨。 修为大增，今日是你的生辰，这七叶青莲就送给你了。林奇微微一笑，道：“竟然是七叶青莲，二皇子真是出了血本啊！这七叶青莲乃是玄阶极品灵药，千年才能成熟，无比的珍贵。”有识货的人惊呼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震动之色。”七叶青莲论价值，也就仅次于君子林小姐的赤龙鞭了。没有想到二皇子殿下对小公主如此的疼爱，众人都是赞叹道：“二哥。” 你不是已经送过我礼物了吗？这七叶青莲太过贵重，你还是拿回去吧。林青青皱了皱眉道：“之前林奇已经送了他一些珍贵之物，没有想到他此时竟然将七叶青莲都拿出来了。”林青青本能的不想接受。青青，二哥之前送的那些礼物不值一提，既然君小姐都拿出了赤龙鞭，我这个当哥哥的给妹妹再送一件礼物也没什么，你还是收下吧。林奇微微一笑道：“那好吧。” 林青青虽然有些为难，但还是收了下来。青青，这位苏晨公子既然是你的至交好友，听说也是一位强大的炼丹师，不知道他送给了你何等宝物，能否拿出来让二哥我开开眼啊？林奇故作好奇地问道。二哥，这不太好吧？苏晨确实送了我一颗丹药。林青青有些为难，而苏晨的眸子之中却有一道寒芒闪过。这个林奇还真是不知死活啊！刚刚张前来挑战他。 他就看出来了，张乾和林奇绝对有关系，说不定就是林奇指使的。当时他就对这位二皇子十分不爽，现在林奇竟然敢来找他的麻烦，不用想，苏晨就知道林奇的用意，无非是认为苏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所以才当众这么说，想要给苏晨难堪。苏晨自问没有得罪林奇，但他如此用心险恶，就不要怪苏晨当众打他的脸了。想到这里，苏晨淡然一笑，道：“公主殿下，我送你的丹药不值一提。” 若是二皇子想看，就让他看看吧。你确定？林青青问道。没问题的。苏晨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林青青顿时放下心来，而且他又想到，苏晨可是一位深不可测的丹道宗师，送出的丹药又岂是凡品？二哥想要让苏晨难堪，那恐怕是真的打错主意了。林青青拿出了苏晨送她的那颗丹药，玉盒打开，一颗天蓝色的丹药，浑圆而古朴，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却并没有什么新香弥漫出。 而且丹药之上只有这三道丹纹，三道丹纹代表着这只是一颗三阶灵丹。三阶灵丹虽然算不错了，能够让元丹境的武者服用，但是用来当贺礼就有些上不了台面了。只是一颗三阶灵丹吗？这苏晨真是太抠门了！我们在座的各位最少送的也是四阶灵丹，他也拿得出手？没错，我听说太子殿下更是送出了一颗六阶灵丹，珍贵异常。这苏晨真是炼丹师吗？ 一颗三阶灵丹就想来参加公主殿下的生辰，真是痴人说梦。这下公主殿下只怕要恼羞成怒了吧？众人都是露出了各异的神色，忍不住小声的嘲讽了起来。清泉宫之中的宾客都是非富即贵，大都是王都之中的武道天才。大家公子这一次为了林青青的生辰，都是出了大手笔。一颗三阶灵丹确实上不了台面。就连林青青也是一怔，没有想到苏晨送的竟然是三阶灵丹，但他随即就反应了过来。 微微一笑，道：“多谢苏城公子，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灵丹，对我十分重要。”然后他就要将玉盒收起来。且慢，林奇淡然一笑，道：“他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既然青青说这颗灵丹十分珍贵，那就请苏城公子为我等解惑，这到底是何等珍贵的灵丹？莫非还能让人长生不老吗？”林奇的声音之中已经带着嘲弄的语气：“长生不老，哈哈，一颗三阶灵丹而已。” 难不成因为这是一颗无上圣丹吗？二皇子殿下真会开玩笑。我看这颗灵丹倒像是我见过的一种疗伤灵丹，根本不值一提。一颗疗伤灵丹也好意思拿得出手？这个苏晨分明没有把公主殿下放在眼里啊！二皇子林琦的那些手下看到老大都在找苏晨的麻烦，哪里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尽情的嘲弄道：“二哥，你过分了。”林青青的脸色一沉，冷声道：“青青，二哥分明是为了你好。” 有些人沽名钓誉，用心险恶，你可不能被骗了。你说是不是，苏公子？”林奇语重心长的说道，而后似笑非笑的看了苏晨一眼，道：“蠢货。”苏晨瞥了林奇一眼，淡淡的说道：“你说什么？”林奇的目光一寒，差点像是听错了。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敢当众辱骂他。我说你是蠢货，我送给公主殿下的是什么礼物，与你何干？这么着急跳出来，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苏晨冷笑了一声，道：“苏晨，你如此放肆，真以为有小妹给你撑腰，我就奈何不了你了吗？”林琪气得浑身发抖，眼神中满是冰冷的寒芒。蠢货就是蠢货，只会拿身份来压人。既然你想知道这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这颗丹药名为驻颜丹，服下之后能够让人容颜永驻。而且它不是三阶灵丹，而是六阶灵丹。”苏晨淡淡的说道。什么？苏晨的话让众人都是浑身一震。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祝颜丹，能够让人容颜永驻。清泉宫之中的众多女子，甚至是林青青和君子灵，都是不由得眼睛一亮，露出了无比渴望的神色。哪个女子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哪个女子不喜欢自己容颜永驻？若这颗灵丹真的是祝颜丹，那对于女子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祝颜丹，容颜永驻，还六阶灵丹。哈哈，苏晨，你还真敢胡说八道啊！ 本宫怎么就没有听说过什么驻颜丹？而且这颗灵丹只有三道丹纹，你竟然说它是驻颜丹？二皇子林奇哈哈,哈,哈大笑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毫不掩饰的嘲讽之色。他的话让众人也是生出了许多疑惑。没错，能够让人容颜永驻的灵丹，自然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但他们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丹药，更不要说这颗灵丹确实只有三道丹纹，又如何会是六阶灵丹？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丹药的品阶是根据丹纹来确定的，你没有听说过驻颜丹，驻颜丹就不存在了。而且谁说这颗灵丹只有三道丹纹？蠢货！苏晨冷笑了一声道，而后他亲自将那颗灵丹取了出来，在璀璨的阳光之下，三道奇异的丹纹竟然又浮现出了三道重合的金色丹纹，赫然是六道丹纹。这驻颜丹乃是苏晨炼制而成的丹药，又经过了乾坤鼎的提升，虽然看起来只有三道丹纹。 但是却隐藏着三道丹纹，乃是真正的驻颜丹，真的是六阶灵丹。有人惊呼了一声，道：“声音都在颤抖。”六阶灵丹，那可是武王境的强者才有资格服用的无上灵丹，蕴藏着玄妙的造化之力。他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如此的大手笔，直接拿出了一颗六阶灵丹。驻颜丹，林青青和君子林相视一眼，都是看出了各自眼神之中的渴望之色。他们也没有想到苏晨竟然能够炼制出。 如此逆天的丹药，苏晨公子，这驻颜丹你还有吗？我愿意出高价购买。清泉宫之中，众宾客之中有女子忍不住出声道，充满了激动和渴望。他们此刻都是相信了苏晨的话，毕竟一颗六阶灵丹的诱惑，再加上驻颜丹的玄妙，让他们根本无法忍受。不可能，这绝不是六阶灵丹，也不是驻颜丹。苏晨，你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林奇寒声道，英俊的面容都是有些狰狞了起来。 他心中有些后悔了，他原本是想要给苏晨一个难堪，好在君子林面前露个脸，但他现在是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倒好，不但没有让苏晨难堪，反倒是让他自己变成了跳梁小丑。他分明看到了君子林眼神之中的鄙夷和不屑。祝颜丹，谁有祝颜丹？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清泉宫之外，一个身穿白袍、须发皆白、看起来仙风道骨的老者走了进来。 眼神中满是期待之色，大长老，拜见大长老！有人惊呼了一声道，认出了老者的身份，连忙朝着老者行礼。万宝商会的大长老云逸，他不但是一位丹道大师，更是一位武尊巅峰的强者，执掌万宝商会，实力深不可测。谁都没有想到，云逸竟然来到了这里。看到了云逸之后，林奇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连忙说道：“见过大长老，此子胡言乱语，竟然说他手中的丹药是驻颜丹。” 还请大长老做主，揭穿这个狂妄之徒。他相信，以大长老的丹道造诣，必然能够拆穿苏晨。祝颜丹，真的是祝颜丹啊！云逸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林奇一般，目光瞬间就被苏晨手中的那颗灵丹所吸引了，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缓步朝着苏晨走来。他的手都微微有些颤抖，显示出他内心无比的激动。而他的话却是让林奇瞬间懵了：这真的是祝颜丹？敢问这位公子？ 不知道这驻颜丹是你从何处得到的？云逸走到了苏晨的面前，无比期待的问道。他身为丹道大师，而且只差一步就能够迈入到丹道宗师之境，自然知道驻颜丹的珍贵。这是一种上古时期的灵丹，能够让容颜永驻，十分的玄妙，引得无数武道女修疯狂。云逸同样也在寻找驻颜丹，只不过驻颜丹的丹方早就失传了，除了一些上古遗迹之中，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驻颜丹。想要炼制出驻颜丹，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他下意识的以为苏晨是从某处遗迹之中得到的驻颜丹，这驻颜丹是我炼制的。苏晨淡淡的说道：“你炼制的？莫非你是苏晨公子？”云逸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他仿佛像是想到了什么，立刻就确定了苏晨的身份。没错，我就是苏晨。苏晨点了点头道：“这个万宝商会的大长老看起来对祝颜丹十分的热切，或许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修炼资源。” 苏晨之所以会拿出驻颜丹，除了是要感谢林青青的屡次帮助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想要拿驻颜丹换取修炼资源。东灵域乃是东荒三十六域之一，无比的贫瘠，连下品灵石都不多见。苏晨若是按部就班的修炼，想要恢复到前世的巅峰修为，还不知道要多久。不过那些大人物的手中应该是有不少的修炼资源，苏晨将主意打到了他们的身上。不过他只是刚刚拿出了驻颜丹，没有想到竟然就引来了云逸。不愧是苏晨公子。 不愧是丹道宗师，没有想到你竟然连驻颜丹都能够炼制出来。”云逸赞叹道，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看着眼前这个少年，他甚至有些恍惚了。不过十几岁的少年竟然会是一位丹道宗师，这说出去让谁听到都会无比的震惊。他之所以知道苏晨的事情，是因为他从林若薇那里知道了苏晨炼制出了太阴化神丹。若非此地有许多人在，他差点都想要向苏晨请教丹道了。丹道宗师，众人都懵了。 他们刚开始只是震惊苏晨竟然能够拿出失传的六阶灵丹驻颜丹，但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这驻颜丹竟然是苏晨炼制出来的。苏晨是丹道宗师，要知道整个大黎王都只有那位神秘的万宝商会的会长是丹道宗师，想要成为丹道宗师太难了。但苏晨不过十几岁的年纪，他是怎么做到的？丹道宗师，二皇子林奇也是脸色大变，面色惨白无比。 他比谁都清楚这四个字的分量。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相信苏晨竟然会是丹道宗师。丹道宗师在大离王都，那是堪比武道王者的大人物。若苏晨真的是丹道宗师，那他得罪了苏晨，那可就真是完蛋了。而太子林峰心中也是无比的庆幸，还好他不像林奇那么狂妄，上来就把苏晨给得罪死了。苏晨公子，不知道这颗驻颜丹能否割爱？只要你愿意，无论你需要什么，老夫定为你寻来。 云逸无比热切地问道：“云长老，这颗驻颜丹是我送给公主殿下的生辰贺礼，却是不能给你了。”不过，苏晨摇了摇头道。云逸的心中充满了失望。不过，听到苏晨的话之后，他心中一动，连忙问道：“不过什么？不过我还能够炼制出驻颜丹，只是所需要的灵药已经不够了。”苏晨微微一笑道：“那好办，我万宝商会就是灵药多，无论你需要什么灵药都没问题。”云逸十分豪气地说道。 我也要一颗。君子林眼珠子一转，看着苏晨笑道：“苏晨，咱们俩这关系，你不会连一颗驻颜丹都不给我吧？”君子林走到苏晨的面前，直接挽住了苏晨的胳膊，嘟起了红红的小嘴，娇滴滴地说道。众人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过君子林对异性男子这样？顿时，很多人的心中有某种破碎的东西响起。苏晨公子，我也要驻颜丹，只要你能帮我炼制，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苏晨公子，我也要一颗，我也要。清泉宫之中，众多女修都是目光火热，盯着苏晨说道：“那可是传说之中能够让容颜永驻的祝颜丹，哪个女人能够忍得住这种诱惑？”几乎是瞬间，苏晨就被众人给包围了。混蛋！林奇看到君子林对苏晨那样，早就气得浑身发抖，满眼的妒火。但是当他想到苏晨丹道宗师的身份，心中又充满了后悔和不甘。他为什么要得罪苏晨啊？祝颜丹彻底的火了。 苏晨的目的自然也达到了，在他说出将会炼制出几颗驻颜丹，放在万宝商会进行拍卖之后，清泉宫之中的众多女修这才依依不舍的散去。而二皇子林奇早就已经没脸继续待下去了，直接离开了清泉宫。清泉宫之中，林青青的生辰之宴正式开始，众人觥筹交错，尤其是苏晨，则是成为了宴会真正的主角。就连君子林、太子林峰以及云逸大长老都频频向他敬酒，所有人都预感到。 苏晨这个名字将会成为大黎王都最为璀璨的星星，再也无法让人忽视。毕竟，一位丹道宗师，就连武道王者都会无比尊敬，大黎王都要刻意拉拢。至于张乾的死，则是早就被人忘了。敢得罪一位丹道宗师，简直是死有余辜。神武学院，一座古老的宫殿之中，身材高大而威严的摩罗尊者，身穿一袭宽大的黑袍，猛然睁开了双眼。苏晨是丹道宗师。 他的声音之中充满了震惊：“是师尊，此事是从清泉宫之中传出来的。苏晨得到了云逸的认证，更是炼制出了失传的驻颜丹，乃是一位丹道宗师。只是徒儿至今都无法相信，那个小畜生怎么可能是丹道宗师？”玄冰跪在摩罗尊者的面前，眼神中满是惊惶和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会是一位丹道宗师。但是苏晨的丹道宗师是经过云逸大长老亲自认定的。 哪怕是他不愿意相信，也不得不相信。联想到几天之前，他还想着要和苏晨比试丹道，让他顿时羞愧的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云逸若非精神力受损，早就突破丹道宗师了。既然是他的认定，那说明苏晨真的有着丹道宗师的实力。丹道宗师，我还真是小看了此子啊！摩罗尊者缓缓说道，眸子之中锋芒闪烁。之前他一直将苏晨当成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甚至根本没有将苏晨放在眼里。 但是苏晨若真是丹道宗师，就由不得他不慎重以待了。今日风雨楼的刺客是不是要刺杀苏晨？摩罗尊者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连忙问道：“没错，根据他们的约定，今日就是他们刺杀苏晨的日子。”师尊，您这是？玄冰点了点头道：“不好，速速告诉风雨楼撤走，不要再刺杀苏晨。若他真的是丹道宗师，杀了他只怕会有大麻烦。”摩罗尊者立刻说道。 他的眼神中有着一丝凝重之色，他比谁都清楚，能够培养出一尊十几岁的丹道宗师，那是何等庞大而恐怖的力量。他不认为苏晨自己平白无故就成为了丹道宗师，他的背后必定站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势力，或者是某尊绝世强者。无论是什么，都不是他所能够得罪的。是玄冰也是忽然想到了这一点，顿时浑身冷汗淋漓，连忙转身朝着外面跑去苏。苏晨，苏晨，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摩罗尊者的眸子闪烁着寒芒，轻声自语道：“清泉宫，林青青的生辰宴结束了。苏晨已然是微醺，他并没有和君子林一起返回神武学院，而是准备回刘府看一看娘亲和小妹。此刻已是夜晚，清凉的风吹在脸上，让苏晨的醉意消减了几分。但是在他快要走到刘府的时候，心中瞬间升起了一股危机感。嗯，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 看到这条空无一人的长街之上，有一股危险的气息弥漫开来。又是风雨楼的刺客吗？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苏晨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冰冷的杀意，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嗖嗖、so, <so>！但就在此时，两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苏晨的身后，而后两柄幽蓝色的长剑瞬间绽放出滔天的杀意，朝着苏晨笼罩下来。那是两个浑身笼罩在黑衣之下的刺客，只露出了一双冰冷。 漠然而残忍的眸子，他们仿佛看到他们的长剑撕裂了苏晨的身体，洞穿了苏晨心脏的模样，而苏晨仿佛丝毫没有察觉。下一刻，长剑直接贯穿了苏晨的身躯，但是却没有想象中鲜血四溅的样子，反而像是刺在了空气之中。不好！那两个风雨楼的刺客脸色一变，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亲眼看着眼前的苏晨竟然化成了一道残影，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那根本不是苏晨的真身。 你们是在找我吗？苏晨淡然而平静的声音在两个风雨楼刺客的耳畔响起，让他们瞬间汗毛倒竖，想都不想，周身杀意爆发，剑气瞬间朝着身后刺来。但是已经晚了！啊！一道古老而奇异的龙吟之声响起，站在他们身后的苏晨周身真气爆发，气血升腾，两条淡金色的真龙缠绕在他的手臂之上，刹那间化成了两道刚猛无比的拳印，瞬间爆发，轰隆！ 尽管那两个风雨楼的刺客都是武宗境的强者，瞬息之间浑身真气爆发，形成护体真罡，想要抵挡，但那无匹的拳印爆发，犹如神龙一般势不可挡，瞬间摧毁了他们的护体真罡，然后狠狠地印在了他们的身躯之上。啊扑，那两个风雨楼的刺客都是惨叫了一声，口中狂喷鲜血不止，直接横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在了远处坚硬的青石地面上。轰！青石地面瞬间四分五裂，出现了两个人形大坑。 而那两个风雨楼的刺客已然是被轰碎了脏腑，气绝身亡，不成人形了。嗖、so, so, so，嗖，嗖！而与此同时，一道道凌厉的寒芒从苏晨背后急速射来。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猛然脚下一踏，周身狂暴的真气爆发，然后一挥衣袖，顿时衣袖犹如金铁，将那一道道寒芒全部扇飞了出去。那是一柄柄飞刀，而且刀锋幽蓝，显然是被淬了剧毒。嗯。 远处的一座房屋之上，一个风雨楼的刺客脸色大变，眼神中满是无比凝重的神色。一击不中，瞬间朝着远处飞速掠去。他亲眼看到了苏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杀了那两个风雨楼的刺客，连他力无虚发的飞刀都被苏晨给挡住了。他知道留下来也根本不是苏晨的对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走。哪里逃？苏晨冷笑了一声，道：“他脚下流光一闪，一柄飞剑出现在他的脚下，然后他瞬间凌空而起。” 犹如闪电般朝着那个风雨楼的刺客杀去，御剑术，苏晨施展御剑术，御剑凌空，几乎在顷刻间就追上了那个黑衣刺客，凌空踏虚，不好，他竟然是武尊！黑衣刺客亡魂大冒，眼神中满是无比恐惧的神色。看到苏晨御剑凌空，他下意识的就认为苏晨是武尊，只是隐藏了修为，所以更加没有了斗志，疯狂的逃跑。同时，他心中也对张家恨到了极点。 张家竟然说苏晨只是元丹境的修为，元丹境的修为能够瞬杀两大武宗刺客，元丹境的修为能够遇见凌空。若是他能够回到风雨楼，他发誓要让楼主将张家斩尽杀绝。但可惜他已经没有了机会。嗖！<So, S 1> 一道璀璨到了极致的剑光绽放，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快到了极点，直接洞穿了那个黑衣刺客的胸膛。一道血光弥漫，他的眸子里瞬间失去了任何的神采，而后轰然栽倒在地。 第三个风雨楼的刺客死，风雨楼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或者说，张家真以为我苏晨是好欺负的吗？苏晨的眸子之中杀意弥漫，冰寒似铁。在神武学院之中，风雨楼就曾经派了两个刺客来杀他，最终死在了他的手里。他没有想到，风雨楼竟然还敢继续派人前来，又是三大武宗境的刺客。这种级别的刺客，在风雨楼之中也不多，死一个都是极大的损失。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只有张家，不过苏晨却是误会了风雨楼。风雨楼以为那两尊刺客是死在了神武学院的长老手中，所以才会只派出了三大武宗境的银牌刺客。若是他们知道那是苏晨所杀，恐怕这一次来的就不是银牌刺客，而是武尊境的金牌刺客了。今夜张家就灭了吧！苏晨的声音冰冷无比，周身煞气弥漫，他脚踏飞剑，犹如流光一般掠过王都上空，朝着张家的方向急速而去。 就在苏晨离开后不久，一道身影匆匆地出现在了街道之上，看到了那三个惨死的风雨楼刺客，顿时脸色大变，眼神中满是无比惊恐的神色。还是来晚了，不过苏晨，苏晨，他竟然连风雨楼的银牌刺客都能斩杀，出大事了！那道身影正是玄冰，他匆匆而来，想要阻止风雨楼的刺客，但还是来晚了。不过看到三尊风雨楼的银牌刺客惨死，他心中也是无比的震惊。苏晨太恐怖了！ 他瞬间转身而去，必须要将此事告诉摩罗尊者。他的直觉告诉他，若是苏晨不死，恐怕不光是他，就连摩罗尊者都要遭殃。张家一片肃稿，因为今日张家的大公子张乾，也是家主张红的儿子，神武学院的天才学员，在清泉宫之中被苏晨当众斩杀。这个消息传回张家之后，张红一度昏厥。他根本没有想到，张坤死在了苏晨的手里，而现在苏晨竟然又杀了张乾。 苏晨，苏晨，我张家和你势不两立。张红口中喷血，声音凄厉，充满了滔天的杀意。张红根本没有想到，张前竟然跑到了林青青的生辰宴上挑衅苏晨，最终还死在了苏晨的手里。苏晨的强大超出了张红的意料之外。家主，苏晨杀了大公子和小公子，罪该万死。风雨楼的那群混蛋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杀了苏晨？家主，不能再等了，去求摩罗尊者吧，让他出手。 亲自斩杀苏晨，没错，小公子是他的弟子，被苏晨那厮杀死，他这个做师尊必须要为小公子报仇。家主让柳文燕给我们一个交代。张家之中众多长老也都是义愤填膺，一个个眸子之中满是杀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虽然愤怒于苏晨杀了张坤，但是根本没有把苏晨放在眼里，但却没有想到苏晨的实力竟然如此的恐怖，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意料。如今让他们已经生出了一种无法掌控的危机感。 若是苏晨不死，张家必有大难。我这就去神武学院找摩罗尊者出手，一定要将那苏晨碎尸万段。张红咬牙道，声音冰寒刺骨。不用走了，我来了。就在此时，一道淡然而飘渺的声音响起，清冷的月辉之中，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脚踏飞剑而来，衣袂飘飘，潇洒而出尘。瞬息之间，就落在了张红等人的面前。正是苏晨。苏晨？张红浑身一震。 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的神色，他根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敢来张府，而且是以这样一种御剑飞行的方式，让他心中无比的震撼。凌空飞行，他他他，他莫非是武尊吗？有人惊呼了一声道，声音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波动。张家的众多长老看到苏晨御剑而来，那种潇洒绝世的身姿，让他们也是无比的震撼，一个个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浓浓的忌惮之色。你是张红，风雨楼的刺客。 是你们找来杀我的吧？苏晨的神色平静淡然，看着眼前的张红，淡淡的说道：“没错，就是我。”苏晨没有想到风雨楼的刺客竟然也杀不了你，不过你竟然敢来我张府！”张红怒极而笑道。虽然他心中忌惮，但能够清晰的感觉到苏晨只有元丹境的修为，根本不是什么武尊。至于御剑飞行，应该是什么特殊的武技。看到苏晨出现在张府之中，他的眸光通红无比，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杀意。 让他恨不得立刻出手，将苏晨彻底的斩杀。嗖、so, so, so，嗖，嗖！张家的众多长老、张家的护卫以及众多武道强者，都是纷纷赶到，将苏晨围困在了中央，眸子之中充满了杀意。虽然他们知道苏晨很难对付，但是张家乃是王都四大家族之一，虽然没有武尊境的强者，但是武道宗师都有着不下十人，再加上众多元丹境的护卫一拥而上，必定能够将苏晨碎尸万段。承认了就好。 既然都来了，那也省得让我一个个找上门去了。今天张家就灭了吧。”苏晨淡淡的说道，他的声音平静无比，但是听在众人的耳朵里，却有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杀伐之意，充满了滔天的煞气和杀意。好胆，苏晨，真以为你无敌了吗？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张红怒极而笑道。杀！随着他一声暴喝，顿时张家的众多武道强者再也忍不住了，纷纷朝着苏晨扑了上去。轰！ 虚空之中，真气纵横，各种强大的灵气被灌注了真气之后，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交织成了一片恐怖的杀伐大网，横空朝着苏晨笼罩了下来。这么多的强者同时出手，莫要说是武宗强者，哪怕是一位武尊，都要暂时避其锋芒，否则也会受到重创。张家的众人都是信心十足，认为今日一定会将苏晨彻底的斩杀。啊！就在此时，一道古老的龙吟之声响起，刹那间震动四方天穹。 苏晨的掌心之中，璀璨的金霞升腾，一条金色的神龙瞬间冲出，散发着滔天的煞气，化成了一道刚猛无匹的掌印，横空迎了上去。大荒战龙掌，龙战于野。这一掌刚猛无匹，蕴藏着无双的神力，刹那间破灭了虚空之中的重重真气，轰在了那漫天而来的兵器之上。咔嚓，轰，一道道清脆的声音响起，那漫天的兵器被苏晨一掌轰中，都是剧烈震颤，而后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然后瞬间崩碎了开来，强大的灵气瞬间就化为了废铜烂铁。杀！苏晨眸光冷漠无比，横空杀来。他宛如一尊人形暴龙，周身真气升腾，战意无双。每一掌拍出，都有一尊武道强者被轰碎脏腑，口中狂喷鲜血，横飞了出去。几乎是触之者伤，中之者死。张家上下无一人是他一合之敌。啊！啊！啊！ 一道道龙吟之声在月空之下响起，震动了整个张家，充满了一股铁血杀伐之意。苏晨一掌拍出，眼前的一位张家长老乃是货真价实的武宗强者，周身真气升腾，强悍无匹，但是却被苏晨瞬间轰碎了护体罡气。他的眼神中满是骇然之色，想要后退，但苏晨脚下流光一闪，已经如闪电般冲了出去，无匹的掌印狠狠,狠地印在了那位张家长老的胸膛之上。那位张家长老惨叫了一声。 口中狂喷鲜血，瞬间气绝身亡。连武宗境的长老都如此摧枯拉朽一般被苏晨击杀，更不用说其他的元丹境的武者了。更是连苏晨的身都无法靠近，便被真气席卷开来，纷纷遭受重创，横飞了出去。张红，受死！苏晨眸光冷漠无比，横空朝着张红杀去。张红作为张家的第一强者，修为已经达到了武宗九层巅峰，只差一步就能够迈入到武尊之境。但是他看到苏晨如今一副势不可挡的样子。 眼神中满是无比忌惮的神色，本能的就生出了惧意。嗖，<So, S 1> 他的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柄长剑，灵光四射，寒芒闪烁，凌厉的剑气瞬间朝着苏晨的手臂斩落下来。这是一件玄阶上品灵气，威力强大。面对实力如此恐怖的苏晨，即便是张红也不得不慎重以待，施展出了全部的战力，疯狂的朝着苏晨杀去。苏晨，你杀我儿张贤和张坤，今日我和你不死不休。 张红的口中发出了无比疯狂的怒吼之声。虽然忌惮于苏晨强大的实力，但是张红也知道他不能逃。这里是张家，他和苏晨只能有一个活着，所以他心中疯狂的杀意也被激发了。嗖、so, so, so！嗖！嗖！剑气纵横虚空，笼罩了这一片院子，犹如狂风暴雨一般，不断的朝着苏晨倾泻下来，想要将苏晨彻底的斩杀。苏晨长出如龙，周身的气息恐怖无比，不断的爆发出至强神威。 破碎了漫天的剑气，以肉掌硬撼张红手中的长剑，叮叮当当，虚空之中火星四射。张红的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的神色，他根本没有想到苏晨的实力竟然如此的恐怖，以肉掌硬撼他手中的长剑，竟然也只是留下了一道道白印子，根本没有任何的伤口。反倒是他被苏晨恐怖的掌力震动，浑身气血翻涌，手中的长剑竟然有一种拿不稳、要脱手而飞的迹象。杀！ 苏晨一声暴喝，眸光如铁，他并指如剑，脚下的飞剑嗡鸣震颤，漂浮在他的面前，化成了一道璀璨夺目的神光，刹那间破开虚空，朝着张红急速射去。御剑术、哦，以神御剑，以气养剑。苏晨的精神力本就无比强大，这以神御剑的法门对他来说没有丝毫的难度，而且飞剑的速度快如闪电，哪怕是张红都没有反应过来。 眼神中满是惊怒交加的神色，刹那间举起手中的长剑就要抵挡，咔嚓！但是御剑术的恐怖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只听见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张红手中的长剑瞬间被斩为两段，而后飞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带起了一道血光冲天起，张红的手臂被瞬间斩断，啊！张红的眼神中满是无比痛苦的神色，捂着胳膊踉跄着后退，嗖！So, 但那一道飞剑斩下了他的手臂之后，又瞬间折返回来，犹如闪电般贯穿了张红的胸膛，将他狠狠地钉在了远处的墙壁之上。苏晨，苏晨，你该死啊！张红的口中发出了一道凄厉的惨叫，眼神中满是不甘、恐惧而绝望的神色。他的心脏已经被飞剑洞穿，强大的生命力也只是让他多撑了片刻而已。然后他眼神中的神采消散，头颅无力地垂落了下来，气绝身亡。什么？ 家主竟然死了！苏晨，苏晨，他不是人，他是恶魔！张家的众多长老以及武道强者都惊呆了，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恐之色。张红乃是张家的家主，实力恐怖无比，乃是张家的第一强者，只差一步就能够迈入到武尊之境。但是谁能够想到，他竟然也死在了苏晨的手里？苏晨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张红死了之后，张家的众人都是瞬间失去了战意。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之色，瞬间就想要朝着远处逃去。哪里逃？苏晨眸光冷漠，周身杀意升腾。他驾驭飞剑，一道道剑气横空落下，一道道凌厉无匹的掌印劈落，不断的轰在那些张家强者的身上，带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将他们纷纷斩杀。既然已经得罪了张家，那就索性得罪到底。苏晨不希望以后张家带来无休止的麻烦和报复，哪怕是他不怕，小妹和娘是他永远的软肋。 他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苏晨痛下杀手，将张家的众多有修为的强者斩尽杀绝。张家灭了，张家尸横遍野，以家主张红为首，包括众多张家长老以及众多侍卫，都死在了苏晨的手中。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后悔和不甘的神色，后悔为什么要和苏晨这个煞星为敌，以至于整个张家都覆灭了。同时，他们心中也充满了疑惑：为何苏晨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想要覆灭张家，即便是一位武尊强者，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苏晨不过是元丹境的修为，灭了张家竟然毫发无损，如此恐怖的实力简直是旷古烁今。张家灭了，下一个就是风雨楼。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闪烁，若非张家一次又一次的逼迫，甚至最终还请动了风雨楼的刺客，也不会激起苏晨心中的杀机，狠下辣手。不过苏晨并不后悔，杀人者人恒杀之。张家想要杀他。 他灭了张家也是为了自保，至于风雨楼，则比张家还要可恨。风雨楼臭名昭著，而且犹如夫谷之祖，一旦接了任务，就会不死不休，一直到完成任务为止。所以，风雨楼盯上了苏晨，或是风雨楼杀了苏晨，或是苏晨灭了风雨楼，没有第三种可能。轰！苏晨一道刚猛无比的掌印拍出，将眼前的墙壁拍碎了开来，露出了一扇金属大门。这是张家宝库。 张家的一位长老在临死之前痛哭流涕，不惜说出了张家宝库的位置，想要活命。而宝库的钥匙就在张红的身上。苏晨拿出了一个暗金色的钥匙，打开了宝库的大门，进入到了宝库之中。映入眼帘的就是堆成了小山的白银和黄金，加起来不下几千万两，光芒璀璨，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对于苏晨来说，白银和黄金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他所在乎的只有各种天才地宝以及灵石。 靠墙的地方有几个巨大的檀木箱子，淡淡的灵光从其中溢散开来。苏晨打开箱子之后，顿时一颗颗犹如鹅卵石一般的灵石映入眼帘。果然是灵石，不过所谓的王都四大家族也太穷了点，竟然只有区区几千颗下品灵石。苏晨的眼睛微亮，但还是有些失望的自语道：“他前世为九龙五帝修炼用的，至少也是极品灵石，甚至是传说之中的神石，也不是没有见过。” 下品灵石之中蕴藏的灵气十分驳杂和稀少，那些大宗门和大圣地的普通弟子都不屑于使用。不过联想到东灵域无比的贫瘠，灵气稀疏，下品灵石都极为少见，更不要说中品、上品乃至于极品灵石了。这几千颗下品灵石，恐怕也只有家主张红才有资格拿来修炼了。对于苏晨来说，也算是聊胜于无。他将这些下品灵石都收入到了储物戒之中，而后他又查看了那些书架上的东西。 大都是一些灵丹、灵药、普通的功法和武技，等级最高的也不过是玄阶极品，并没有被苏晨放在眼里。不过书架之上却有一件东西引起了苏晨的注意力，这时苏晨的目光一闪，拿起了一方锈迹斑斑的铜片，拿在手中略显沉重，上面布满了绿铜锈，不知道是何物。但苏晨却是想到了某种传说之中的宝物，莫非这是云篆天书？苏晨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无比震动的神色。 他运转九龙战天诀，体内的真气汹涌澎湃，金霞璀璨，瞬间朝着手中的铜片涌去。嗡，oh. 他手中的铜片嗡鸣震颤，像是被某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所催动，上面的铜锈不断的脱落，开始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辉。然后，银色的神光绽放开来，铜片竟然变成了一页布满了奇异文字的银片，流动着奇异的光芒，看起来玄妙莫测，竟然真的是云篆天书。 苏晨浑身震动，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之色。所谓云传天书，相传乃是神界的一位公参造化的大人物所传，其中有三十六篇金传书，七十二篇银传书，上面记载着各种逆天的神功、武技、神通妙法，蕴藏着天地智理，神秘而强大。苏晨所得到的九龙战天诀，实际上就是一篇金传书，据说在云传天书之中都能够排在前十的逆天功法。正是凭借着九龙战天诀，他才成为了九龙武帝，横扫无敌。 纵横天下，成为了天下第一人。他没有想到，今日竟然在这小小的东陵域大黎王国张家的宝库之中发现了《云传天书》。若是这一篇银传书传出去，恐怕即便是五帝境的无敌人物，都会杀入大黎王国，不惜服尸百万也要下手抢夺。这可是直指大道的无上功法神通，谁能不心动？造化呀！没有想到，竟然能够在这里发现《云传天书》。我倒要看看这一篇银传书之中究竟是何等神通。 苏晨的眼神中满是期待之色，随着他运转真气，那一页银篆书瞬间化成了一片璀璨的流光，融入到了他的眉心识海之中。轰！天地巨震，神光呼啸，苏晨的眉心识海之中仿佛开天辟地一般，炽烈的光芒绽放，一颗璀璨耀眼至极的金色眸子出现在了识海之中。破妄神通，四个古老而神秘的银篆大字出现在了苏晨的脑海之中。 一篇古老的信息洪流融入到了苏晨的脑海内，也让苏晨明白了这一篇《云传天书》之中所记载的无上神通，竟然是一种神级童书。苏晨浑身一震，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这破望神瞳无比的厉害，能够看破一切虚妄，洞察天地万物，甚至还能够发出破望神光，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威力。修炼到极致，甚至可以一眼灭世。他没有想到，这破望神瞳竟然如此的恐怖。要知道。 苏晨身为九龙五帝，前世的时候也接触过不少的瞳术，佛门的天眼通，三眼族的眉心竖眼，但却全都远远不如这破望神瞳。对于破望神瞳所描述的一眼灭世的威力，苏晨心中也是充满了期待。真是大造化呀、啊！有了这破望神瞳，我就又多了一种强大的底牌。若能够修炼出破望神光，即便是武道王者，亦可一眼杀之。苏晨心中充满了激动。 在张家之中得到的这一页云篆天书是苏晨最大的造化，而且这一页云篆天书仿佛拥有着某种奇异的烙印，直接融入到了苏晨的识海之中，就消失不见了。苏晨离开了张家，返回了刘府，他要修炼破妄神瞳，争取早日掌握这一无上神级瞳术。张家之中血流成河，由于苏晨并未屠灭张家满门，只是杀了张红和张家的那些武道强者，而且也未曾隐藏行迹。 所以张家的妇孺都知道这一切是苏晨造成的。张家之中的悲呼和痛哭声响彻云霄。王都四大家族之一的张家一夜覆灭。这个消息传开之后，瞬间让大离王都震动了。谁能够想到，传承数百年的张家，王都四大家族之一，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被人覆灭了？更不要说凶手只是苏晨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一时间，王都之中风声鹤唳，众人议论纷纷。张家竟然被苏晨给灭了。 太不可思议了！那苏晨据说只有元丹境的修为啊？没错，张家虽然没有武尊，但是武道宗师也有着十余位。即便是一位武尊强者，想要覆灭张家也没有那么容易。苏晨是怎么做到的？元丹境覆灭张家，太不可思议了！会不会是由武尊强者出手，假借那苏晨的幌子？不好说。不过张家的妇孺咬定了是苏晨灭了张家，还要去告御状，恭请圣裁。不管如何，从今天以后。 苏晨已然名震王都，恐怕连王都四公子都要逊色苏晨不少。众人都是议论纷纷道。但让众人更加震惊的是，不管是其他三大家族，还是王室，竟然不约而同都选择了沉默。甚至连张家那些前来告状的富人都被赶出去了，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刘府，柳文彦眉头紧锁，眼神中满是无比震动的神色。尽管他是当朝宰相，早就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无比的震惊，张家说灭就被灭了，而始作俑者竟然是他那个便宜外孙子。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将那个清秀的少年和杀人如麻的凶手联系在一起，更不要说他今日得到消息，苏晨在小公主林青青的生辰宴之上送出了一颗驻颜丹，甚至被万宝商会的大长老确认苏晨乃是丹道宗师。丹道宗师啊，那可是武道王者见到都要恭敬对待的尊贵人物。苏晨一个小小的少年，又怎么会是丹道宗师？ 柳文燕想不通。很快，刘府的大管家来报：“启禀老爷，苏晨小少爷已经闭关修炼了，无法前来见您。”闭关了？柳文燕微微一愣，心中却是有些佩服了起来。苏晨灭了张家，如今王都之中风雨飘摇，不知道有多少人盯上了他，他竟然还能够安之若素地闭关修炼，这种心境确实不凡。爷爷，苏晨太放肆了！他灭了张家，给我们刘府惹下大祸，现在竟然还敢找借口不来见爷爷您。 真是该死！柳玉龙冷笑了一声，道：“他心想，总算是找到给苏晨上眼药的机会了。”啪！就在此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柳文燕一巴掌抽在了柳玉龙的脸上，将他抽的一屁股坐了下来。“蠢货！”柳文燕冷声道：“爷爷，您打我干什么？分明是那苏晨惹下了大祸。”柳玉龙无比的委屈，感觉到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惹下大祸，苏晨是灭了张家不错。 但是张家有十几个武道宗师，你去给我灭一个试试。”柳文燕冷笑了一声道，“我。”柳玉龙顿时语塞，而且他忽然反应了过来，顿时浑身冷汗淋漓。“对啊，张家有十几位武道宗师，苏晨如此轻易的就灭了张家，难不成苏晨拥有着堪比武尊的战力不成？”武尊，一想到这两个字，柳玉龙的眼神中也是涌现出了无比敬畏的神色。那个苏晨怎么可能这么强？张家。 被苏晨灭了，神武学院之中，摩罗尊者猛然睁开双眼，眼神中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没错，师尊，我昨日还是去晚了，风雨楼的刺客已经动手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苏晨不但直接出手灭了风雨楼的那三大银牌刺客，而且还直接杀入了张家，灭了张家满门。玄冰跪在摩罗尊者的面前，浑身大汗淋漓，眼神中满是无比惊恐的神色。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 联想到之前他曾经要对付苏晨，还以为是林青青救了苏晨，现在看来恐怕是林青青救了他。若是林青青没有赶来，恐怕他早已经死在了苏晨的手里。好一个苏晨！看来本座还真是小看了他。摩罗尊者的眸子之中杀机弥漫，寒声说道。同时，他的心中却有了别样的想法。他心机深沉，一向谋而后定，所以在确认苏晨是敌人的时候，就已经对苏晨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一个月之前的苏晨还是云江城苏家的废物，被废了丹田气海，彻底的成为了一个废人。但是没有想到，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苏晨不但丹田气海恢复，而且修为突飞猛进，如今竟然已经拥有了屠灭武道宗师的战力。这种提升速度堪称惊世骇俗。再联想到苏晨拥有着丹道宗师的造诣，所以摩罗尊者猜测，只怕苏晨的背后很有可能站着一尊丹道圣者，或者说苏晨得到了一位丹道圣者的无上传承。 也只有丹圣才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化之力，能够让一个废物在短时间内变成绝世天才。丹道圣者吗？想到这里，就连摩罗尊者的眼神中都是有着一丝忌惮之色。丹道圣者站在云端，超凡入圣，乃是摩罗尊者都需要仰望的大人物。即便是在整个东荒三十六域之中，丹道圣者都是最为顶尖的大人物，摩罗尊者也不敢得罪。但他确实垂涎苏晨身上的造化，若是能够得到苏晨身上的造化。 他不但能够成为丹道宗师，甚至是未来的丹道圣者，就连修为也会突飞猛进。看来必须要验证一下，这苏晨的背后到底是有一位活着的丹道圣者，还是他只是得到了丹道圣者的传承？摩罗尊者打定了主意，若苏晨身后站着一位活着的丹道圣者，那他肯定得罪不起，恐怕就只能够向苏晨服软，甚至是逃走了。若只是丹道圣者的传承，那摩罗尊者自然也不客气。 必要杀了苏晨，而抢夺他身上的无上造化。只不过苏晨的战力太过强大，一般人恐怕无法试探出苏晨真正的底牌。究竟该怎么办呢？就在摩罗尊者思索的时候，林浩从大殿之外走了进来。“启禀师尊，大林皇朝的使者已经到了，为首的乃是九皇子殿下，他们已经到了王都之外。”林浩恭敬的禀报道：“大林皇朝，九皇子殿下，好，好，好！”摩罗尊者浑身一震，猛然站了起来。 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大林皇朝乃是东林域的霸主之一，大林王国名义上就是属于大林皇朝的附属国。大林皇朝之中强者云集，拥有武道皇者坐镇，威震一方。说起来，大林皇朝的到来并没有让摩罗尊者意外，因为就是他传信让大林皇朝来人的。他也明白，大林皇朝此来必定是为了卧龙山秘境。轰！摩罗尊者周身真气升腾，刹那间凌空而起。 朝着王都之外飞去。大黎王都，一艘巨大的黑色宝船散发着强大无匹的威压，刹那间破开了重重的云雾，横渡虚空而来，直接出现在了王都的上空。宝船之上站着一个身穿紫色蟒袍、身材修长、面如冠玉的青年，目光高傲而凌厉，气息强大，犹如神灵一般俯视着下方的大黎王都。启禀九皇子殿下，已经到了大黎王都。他的身后，一个身穿黑色甲胄的强大武者单膝跪地道。 很好，让大黎王来见我。”九皇子淡漠的说道。“是。”身穿黑色甲胄的武者恭敬道。哦“呜！”很快，一道苍茫而古老的号角声被吹响，传遍四方，也在大黎王城之中响起。黑色宝船之上，一道黑龙旗迎风飞舞，上面用金线绣着一个古老的大字：“临<林>。”大临皇朝降临了。王都之中，众人都是无比的震惊，眼神中露出了敬畏的神色。大临皇朝。 大林皇朝的人已经有数十年没有来我王都了吧？他们怎么来了？大林皇朝到来，只怕不会有什么好事啊！大林皇朝的人向来高傲，看不起我大离王国，每次到来，除了搜刮资源，还能有什么事？哼，我看是来打秋风的吧！众人小声的议论道。与此同时，摩罗尊者也已经凌空踏虚而来，出现在了九皇子的面前。属下摩罗拜见九皇子殿下。摩罗尊者恭恭敬敬的俯身一礼道。 起来吧，九皇子淡淡的说道。事实上，摩罗尊者虽然是神武学院的大长老，但却是大陵皇朝的人，正是大陵皇朝派来的，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两国的联系，实则是为了监视。所以，大力王室对摩罗尊者一向是敬而远之，使得他在大力王都之中有着十分超然的地位。多谢九皇子殿下，摩罗尊者恭敬的行礼。不过，当他的目光扫过九皇子身边的一道身影之时，不由得浑身一震，他怎么来了？ 九皇子身边还有一个身穿黑袍、面容冷傲无比的年轻人，衣袖之上以金线绣着五朵金色的火焰，整个人显得神秘而华贵。五朵金色火焰，那是丹道宗师的标志。九皇子竟然带来了一位丹道宗师，而且摩罗尊者也认得那个黑袍青年——江云鹤，大林皇朝有名的丹道奇才，天生精神力变异，无比的强大，被誉为未来的丹道圣者。更有传闻，他已经被东荒的一方古老圣地看中。 不日即将成为圣地弟子，若是他成了圣地弟子，那身份之尊贵还要超过大陵皇朝的皇子太子。摩罗，卧龙山秘境还有多久开启？九皇子淡淡的问道。启禀殿下，卧龙山秘境这几日波动越来越强烈，想必开启就在两三日之间了。摩罗尊者恭敬的回答道。很好，九皇子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看向身边的江云鹤，微微一笑道：“江兄，等到卧龙山秘境开启，你跟我一起进去。” 本宫必定助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此，那就多谢殿下。了，江云鹤自矜的一笑道。不过听到卧龙山秘境，他的眸子之中还是有着一丝火热和激动闪过。不知九皇子大驾光临，本王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就在此时，一道爽朗的笑声响起，嗖，<So! S 1> 一道身影凌空踏虚而来，很快就来到了九皇子的面前。那是一个身穿赤色龙袍，头戴王冠，身材英伟。 儒雅不凡的中年人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目光睿智而明亮，正是大黎王林川。大黎王客气了，本宫此行是为了卧龙山秘境，到时候还要请大黎王给个方便。”九皇子似笑非笑的说道。听到卧龙山秘境，林川的眸子一缩，饱含深意的看了摩罗尊者一眼，而后淡然一笑，道：“自然没问题，不用说，卧龙山秘境的消息也是摩罗尊者透露出去的。只是林川也没有想到，大林皇朝竟然来得这么快。” 尤其是虚空宝船之上有两道深不可测的气息，仿佛和四周天地融为了一体，让林川心生忧虑。武王，那是两尊武道王者。看来大林皇朝对卧龙山秘境无比的重视。压下心中的忧虑，林川面色不变，笑着将九皇子等人迎入到了大离王宫之中。so 密室之中，一道凌厉而璀璨的神光瞬间从苏晨的眸子之中射出，眼前坚硬无比的墙面瞬间被洞穿。 这就是破妄神光的威力吗？苏晨睁开双眼，眸子明亮而璀璨，仿佛有一缕缕金霞在眸子之中弥漫，而后缓缓散去。刘府的密室以最为坚硬的山石筑成，又有青金铁板隔绝，坚硬无比，即便是武尊强者也很难将其摧毁。但如此坚硬的密室，在苏晨的破妄神光面前，却犹如豆腐一般不堪一击。这还只是苏晨刚刚参悟了一丝破妄神瞳，连小城都算不上，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可见这破妄神童的恐怖。想要修成破妄神童，必须要服用万年雪莲，并且以玉髓灵液淬炼。这两种宝物恐怕在这东灵域根本找不到，只能够以后找机会了。苏晨轻声自语道：“这一次闭关，他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但他的修为突破到了元丹境九层，体内的九颗真龙元丹圆满无瑕，只差一步就能够迈入武宗之境。破妄神童，他也修成了破妄神光。若是出其不意之下，即便是一位武尊强者。” 都能够被破望神光直接击杀，苏晨也算是又多了一种强大的底牌。若是我所料不错，卧龙山秘境应该也要快开启了。接下来师尊应该也要到了吧？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怀念和激动之色，想起尘封在脑海之中的那一道身影，苏晨的心中就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思念。吱呀，密室的大门缓缓开启，苏晨迈步而出，外面的阳光洒落在他的身上，让他浑身都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但此刻，一道急促而焦急的声音打破了这里的平静。苏晨，不好了，你妹妹有难，要被人抢走了，你快去看看吧！鼻青脸肿的柳玉龙从远处快速的跑了过来，焦急的说道：“什么？”苏晨浑身一震，顿时眸子之中涌现出了滔天的煞气。朱雀大街，这是王都之中由王城通向城门的一条主干道，也是最为繁华的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商铺、酒楼、客栈、万宝商会。 就在朱雀大街之上，但此刻万宝商会的门口，苏灵儿和柳孤城却被一群人围住了。两个身穿黑衣的武者，面容冷酷，气息强大，正在围攻柳孤城，出手狠辣无比，招招夺命。柳孤城手持长剑，虽然剑法凌厉，剑气纵横，不断的抵挡，但还是落入到了下风，要不了多久就要落败。而苏灵儿的眼神中满是无比焦急的神色，但她此刻却被一个黑衣青年拉住了手臂，无法挣脱。混蛋！ 你放开我！苏灵儿小脸通红，眼神中满是无比愤怒的神色。不过，虽然她拥有着炼气境的修为，已经凝练出了先天真气，但是在那黑衣青年的手中却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小娘子，你知道我家大人是什么人吗？那可是高高在上的丹道宗师，能够被我家大人看中，是你最大的福气。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否则那小子可就要死了。黑衣青年冷笑了一声道：“他也是一尊武道宗师，气息强大不凡。” 面容阴沉，眸子宛如毒蛇一般，嘴角带着嘲弄的笑容。你们放开他！我师尊乃是神武学院的院长，若是让他知道，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如此胆大包天，难道就不怕王法吗？苏离儿怒声说道。他看着远处的柳孤城，满脸都是担忧的神色。今日他离开神武学院，想要回柳府看看苏晨，在这万宝商会之前遇到了这些不速之客，尤其是黑衣青年，看到他之后，顿时两眼发光。 不由分说就要将他抢回去，说是献给什么丹道宗师。幸好柳孤城和柳玉龙路过，柳孤城拼死搏杀，想要救下他，但那黑衣青年的两个护卫都是武宗九层的修为，实力强大，两人连起手来，柳孤城竟然也不是对手。也不知道柳玉龙有没有回到柳府报信。不过联想到这一群人的强大，苏灵儿也是不由得担忧：哥哥会是这群人的对手吗？神武学院的院长，那又如何？我家大人能够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就算是神武学院的院长，也要给我家大人几分面子。黑衣青年听到神武学院的院长，眼神中明显的露出了一丝忌惮之色，但随即就冷笑道：“放开他！”就在此时，柳孤城一声怒吼，周身恐怖的真气爆发，拼着硬生生承受了黑袍武者的一击，而后持剑横空而来，犹如闪电般朝着黑衣青年的眉心刺来。柳孤城面容冰冷，眸子之中有着一丝疯狂之色，这一剑被他催动到了极致，宛如天外惊鸿，速度快到了极致。 找死！黑衣青年脸色一变，他没有想到柳孤城已经是强弩之末，竟然还能够爆发出如此凌厉的攻击。他心中一慌，连忙想要侧身抵挡。噗！但一道血光闪现，柳孤城那一剑还是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痕，只差一丝就要将他的脑袋给劈开。轰！黑衣青年连忙一掌拍出，磅礴的真气爆发，将柳孤城那一掌拍开，而后抓着苏灵儿快速的后退。该死啊！给我杀了他！ 黑衣青年抹了妈脸上的鲜血，面容扭曲，怒吼了一声道：“此刻，那两尊黑袍武者也是杀了上来，两道凌厉的掌印狠狠地拍在了柳孤城的后背之上。”噗！柳孤城浑身巨震，口中猛然喷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直接横飞了出去。表哥苏灵儿惊呼了一声道：“眼睛都红了。”柳孤城此刻被那两尊黑袍武者重创，身形踉跄，根本无法抵挡那两尊黑袍武者凌厉的攻击，眼看着就要死在他们的手中。 啊！但就在此时，一道古老苍茫的龙吟之声响起，炽烈的神光汹涌，虚空震荡，一条金光璀璨的神龙横空而来，散发着滔天的煞气，狠狠的撞在了那两尊黑袍舞者的身上。二扑，那两尊黑袍舞者浑身巨震，虽然竭力抵挡，但还是瞬间被撞碎了护体罡气，口中狂喷鲜血，猛然横飞了出去，狠狠的砸在了远处的大地之上。什么人？黑衣青年脸色一变，死死的盯着远处的一道身影。 人群自动的散开，一个白衣胜雪、黑发飞扬的少年大踏步而来，周身真气汹涌，犹如神龙一般盘绕周身，眸子之中满是冰冷无比的杀意。放开他，否则死！冰冷无比的声音宛如从九幽地狱而来，让所有人听到之后都是不由得心中一颤。是苏晨！有人惊呼了一声道：“苏晨，就是那个一夜屠灭了张家满门的苏晨，嘶，竟然是他！那个黑衣小子抓的少女。” 好像是苏晨的妹妹，她竟然敢招惹苏晨这个杀神，这一下他要惨了。众人小声的议论道，无比敬畏的看了苏晨一眼，而后又幸灾乐祸的看着黑衣青年道：“哥哥。”苏灵儿的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你是什么人？黑衣青年无比警惕的看了苏晨一眼，而后一把将苏灵儿拉了回来。刚刚那一击实在是让他有些害怕了。苏晨一招就重创了两个武宗九层的武者，战力如此的恐怖，恐怕他也不是苏晨的对手。 不过还好，苏灵儿在他的手里。我不想多说第二遍，要么放人，要么死。苏晨盯着黑衣青年，毫不掩饰眸子之中的杀意。他重生一世归来，能够被他放在心中的，也就寥寥数人罢了。这黑衣青年感动苏灵儿，就是触动了他的逆鳞。该死，小子，你不要嚣张！我家大人看上你妹妹，是你妹妹的福气，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家大人可是丹道宗师，丹道宗师，你懂吗？得罪了我家大人！ 你们全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黑衣青年色厉内荏的说道。“丹道宗师，怪不得他如此的嚣张！”有人惊呼了一声道：“丹道宗师，那可是堪比武道王者一般的大人物，就算是大力王见到都要恭敬对待，怪不得黑衣青年竟敢当街强抢民女。不过，苏晨这个杀神会怕丹道宗师吗？不放人，那你可以去死了！”苏晨的眸子之中杀机一闪，只见有凌厉的剑气升腾。 刹那间，横空朝着黑衣青年杀来。丹道宗师又如何？哪怕是丹道圣者，他亦不惧。敢抓他苏晨的妹妹，就要付出代价。黑衣青年浑身一颤，没有想到苏晨竟然真的敢动手。他又惊又怒，一咬牙，直接猛然将苏灵儿朝着苏晨推去。而后，他瞬间爆发出全部的修为，朝着远处疯狂的逃去。他也算果决，知道不是苏晨的对手，所以直接选择了逃走。黑衣青年心中也在发狠。 他一定要将此事告诉大人，到时候要让苏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苏晨。嗖！So, 苏晨脚下流光一闪，指尖的剑气破碎，然后伸手将苏灵儿抱在了怀中，稳稳地落在了地上。在这等我，苏晨对苏灵儿说道。而后脚下光芒璀璨，一柄飞剑将他托起，瞬间朝着黑衣青年追去。御剑凌空，凌空飞行。苏晨，苏晨，他竟然是一位武尊！有人惊呼了一声道。 他们不认得御剑术，但却也知道御空飞行是武尊的标志。怪不得苏晨能够在一夜之间屠灭了张家，原来他竟然是一位强大的武尊。看到苏晨御剑飞来，黑衣青年也是瞬间亡魂大冒，眼神中满是无比惊恐的神色，根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是一位武尊，他哪里还有丝毫的抵抗之力，更是疯狂的催动真气夺命逃亡。轰！不过苏晨的速度极快，片刻间就追上了黑衣青年。 而后凌空一掌劈出，无匹的掌印刚猛无双，更是蕴藏着一种古老的龙威，宛如真龙降世一般，让黑衣青年遍体发寒，心中充满了恐惧。他竭力想要抵挡，但却根本无法抗衡苏晨那无匹的掌力，直接被一掌轰在了胸膛之上，肋骨都不知道断了几根，横飞了出去。不，不要杀我！我的主人是江云鹤，丹道宗师，更是未来的圣地弟子。你若是动我，他绝不会放过你的。黑衣青年躺在地上，口中喷血。 看着朝着他走来的苏晨，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之色，他是彻底的害怕了，所以连主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就是希望能够让苏晨忌惮，而后饶他一命。丹道宗师，圣地弟子，就算是天王老子，敢动我苏晨的妹妹，也得死！苏晨冷笑了一声，道：“他一脚踏在了黑衣青年的胸膛之上，顿时黑衣青年惨叫连连，口中连声求饶不止，充满了恐惧。住手！” 就在此时，一道淡漠而高傲的声音响起。远处，一个身穿黑色长袍、袖口绣着五朵火焰的俊朗青年迈步而来，身后跟着几尊气息强大的护卫。正是江云鹤。主人，救我呀！黑衣青年浑身一颤，顿时看到了江云鹤，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连忙大喊道：“放了他，然后跪下来掌嘴，我可以留你一命。”江云鹤看了苏晨一眼，淡漠无比的说道，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像是九天之上的生灵在俯瞰芸芸众生，根本没有问是非对错，仿佛刘苏晨一命是他的恩赐一般。苏晨笑了，不过他的笑容却无比的冰冷。而后他脚下猛然踏落，恐怖的真气爆发，瞬间踏碎了黑衣青年的胸膛，震断了他的心脉。黑衣青年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不甘的神色，而后眸子里的神采逐渐暗淡，气绝身亡。直到死，他都想不通为何苏晨敢杀他。 他家大人江云鹤乃是丹道宗师，未来的圣地弟子苏晨，难道没有丝毫的忌惮吗？但可惜，他永远得不到答案了。你刚刚说什么？苏晨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的江云鹤，淡淡的说道。江云鹤的面容瞬间阴沉了下来。好胆，小子！原本我还想要留你一命，但你竟然敢杀了我的追随者。既如此，那你就为他偿命吧。江云鹤的声音冰寒彻骨。 事实上，他并不在意黑衣青年的死活，他唯一在意的不过是他自己的面子罢了。苏晨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杀了他的人，让江云鹤心中怒火中烧，杀意沸腾。就凭你！苏晨冷笑了一声道。他能够看出，眼前的江云鹤恐怕不是大理王国的人，身为丹道宗师，又号称是未来的圣帝弟子，而且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然姿态，很显然是皇朝或者古老世家的人。不过，即便如此。 苏晨依旧丝毫不惧，杀了他！江云鹤一指苏晨，声音森寒无比的说道：“是。”江云鹤身边的一位黑袍老者点头，然后猛然看向苏晨，周身真气汹涌澎湃，眸光锐利如剑，枯瘦的手掌犹如鹰爪，凌空朝着苏晨抓来，赫然是一位武尊强者。江云鹤虽然愤怒，但却也没有轻敌，能够击杀两大武宗侍卫，加上他的一位追随者，可见苏晨的实力十分强大。 所以他直接派出了他最强的五尊护卫，五尊吗？苏晨的眸子之中金霞缭绕，刹那间，他的目光仿佛变得古老、神秘、威严而淡漠，仿佛九天之上的神灵在俯瞰芸芸众生。一种恐怖的杀机从苏晨的体内弥漫出，破妄神光。苏晨准备直接催动破妄神瞳，爆发破妄神光，杀了这位五尊。就连那个五尊敬的老者，感觉到那种恐怖的杀机，也是不由得浑身一凉。 眼神中露出了无比骇然的神色，住手！但就在此时，一道清冷而飘渺的声音响起，轰！天地之间仿佛有一股无形大势升腾，化为了一股浩瀚磅,磅礴的天地之威，压迫在了那位武尊敬老者的身上。那位武尊敬老者浑身一颤，感觉到就像是陷入到了泥泞之中一般，神色凝重无比，连声音都有了一丝颤抖。武王，是他！苏晨眸子之中的金霞敛去，破妄神瞳被他压制了下去。 而看到虚空之中的那一道身影，他的眼神中也是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虚空之中，霞光升腾，雾霭氤氲，一个身穿白衣、风华绝代的女子踏虚而来，衣袂飘飘之间，宛如九天之上的仙子折落凡尘，自有一种出尘的气质。她的面容绝美无比，肌肤雪白如玉，犹如九天神女，让人看上一眼就会自惭形秽。苏晨立刻就认出了她，林若薇，也是这一世。 唯一和苏晨有了肌肤之亲的女子，只不过此刻的林若薇已经突破到了武王之境，气息深不可测，越发的飘渺出尘，让人不敢逼视。是长公主，有人惊呼了一声道：“拜见长公主！”王都之中的众多民众眼神中满是无比狂热的神色，纷纷跪拜下来行礼。若说袁浩然是大黎王国的定海神针，那么长公主林若薇就是所有人心中的圣女和女神。林若薇不但武道天赋超绝。 早就是王都之中极负盛名的天骄神女，更加上她心地善良，城墙扶弱，周济百姓，在民众之中拥有着极高的威望。所以她一出现，王都的众人瞬间就认出了她，发自内心的下拜。你是林若薇？江云鹤的眼睛一亮，看着眼前的林若薇，目光微微有些炽热。他没有想到，在这大黎王国之中，竟然还有如此风华绝代的女子，甚至于他在大陵皇朝之中所见到的女子，无人能和林若薇相提并论。 更不要说林若薇的修为强大，已然达到了武王之境，如此神女才配得上他江云鹤呀、啊！在下江云鹤，大林皇朝之人，丹道宗师，也是未来的圣地弟子。见过若薇姑娘。江云鹤露出了一副自认为无比帅气的笑容，对着林若薇拱手一礼道。但是林若薇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而是直接走到了苏晨的面前，有些关切的问道：“你没事吧？”“我没事。”苏晨有些尴尬，但还是摇了摇头，笑道。 而对面的江云鹤脸上的笑容却是瞬间僵住了，眼神中露出了羞怒交加的神色。林若薇竟然直接无视了他，没事就好。他是大林皇朝的人，背景深厚，得罪他没有什么好处，交给我来处理吧。林若薇对着苏晨微微一笑，小声的说道。那一笑宛如百花盛开，让天地失色。周围的众人也都是震惊了，在他们的心中，林若薇从来都是如同月宫仙子一般清冷出尘。 超脱尘世，根本没有对人笑过，如今竟然对苏晨笑了。苏晨和林若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江公子，是你的追随者在王都之中强抢民女，要抓走苏晨的妹妹，你却不分青红皂白要对苏晨出手，莫非你的追随者强抢民女是你指使的？林若薇转过头来看向江云鹤，淡淡的说道：“你胡说、啊。”江云鹤脸色一变，当即否认：“我的追随者又岂会做出这种事情？” 如今他已经被苏晨给打死了，谁知道苏晨说的是真是假？江云鹤脸色难看的说道：“这倒不难，你的追随者是否强抢民女，想必很多人都看到了。不如我来问问大家，看看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林若薇淡然说道：“长公主殿下，我举报，就是那个黑衣服的流氓要抢走这位姑娘。没错，就是他，我们都看到了。他还说是他家大人让他抢走这位姑娘的，我们都听到了。没错。” 听到了林若薇的话之后，周围的众人顿时鼓起了勇气，七嘴八舌的说道：“若非是林若薇的威望很高，他们也不敢贸然指认江云鹤。但是林若薇在这里，他们当然要为自家长公主殿下说话了。你”“你你们胡说！”江云鹤被气坏了，他没有想到这群贱民竟然敢指认他。若非林若薇在此，而他忌惮林若薇武王境的修为，恐怕早就忍不住出手，将周围的这群贱民拍死了。“江公子，你看。” 真相就是如此，既如此，那你的追随者就是死有余辜了。此事到此为止，如何？林若薇淡淡的说道。说起来，她也是给了江云鹤一个台阶，并没有深究江云鹤的追随者为何要强行抓走苏灵儿了。到此为止？怎么可能？赵兴他是我的追随者，就算是他做了错事，自会由我来处理，哪里轮得到他？苏晨杀了我的追随者，今日看在若薇姑娘你的面子上，我可以饶他不死。 但是他必须要跪下来掌嘴道歉。江云鹤寒声道：“他已经丢了面子，自然不想就这么了结。”江兄说的不错，若薇姑娘，即便赵兴强抢民女，不过是一个贱民罢了，也罪不至死。苏晨杀了赵兴，给江兄跪下来道歉，不过分吧？就在此时，又有一道淡然的声音响了起来。远处人群散开，一身紫袍、面如冠玉、身材修长的九皇子迈步而来，嘴角噙着淡淡的笑容，看起来十分的儒雅。 而他身后的两道人影，气息如渊似海，眸光凌厉如电，让林若薇都是不由得眸子一缩。武王，九皇子身后的那两尊护卫都是武道王者，不愧是大陵皇朝啊！而苏晨听到九皇子说苏灵儿是贱民，眸子之中却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冰冷的寒芒和杀意。跪下道歉？绝不可能！苏晨今日我的保定了，若是两位不服，尽可以冲着我林若薇来。林若薇的神色冷了起来，淡漠无比的说道。 他原本是不想让苏晨得罪江云鹤，但是看到江云鹤和九皇子如此咄咄逼人，他索性也懒得再虚与委蛇了。而且他也明白少年人的心性是不可能向江云鹤低头的，但是为了苏晨，他不惜得罪江云鹤和九皇子。江云鹤听到了林若薇的话，顿时眸子之中妒火中烧，充满了杀意。苏晨何德何能，竟然能够得到林若薇如此看重？而九皇子的眼神中也是露出了一丝异色。若薇姑娘言重了、啊。 你我两国交好，自然不可能为了区区一人伤了和气。不过我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若薇姑娘意下如何？九皇子的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道：“什么？”林若薇依旧冷着脸道：“我听闻这位苏晨乃是王都之中有名的丹道天才，据说能够炼制出六品灵丹，乃是丹道宗师。恰好江兄也是丹道宗师，不如他们两人以丹道论个高下，这样不伤和气，如何？”九皇子淡然一笑，道：“丹道。” 林若微的眉头皱了起来。没错，若是苏晨输了，就让他给江兄跪下来认个错，此事就算了了。若是他赢了，我们也不追究，如何？九皇子点了点头，道：“此事。”林若微有些犹豫，不由得看了苏晨一眼。他虽然知道苏晨的丹道天赋不凡，但却也不知道苏晨的丹道天赋比起江云鹤究竟如何。毕竟江云鹤乃是有名的丹道宗师，东方的某一圣地更是因此早就预定了他为圣地真传。 我答应了，不过若是我赢了，你跪下来磕头，掌嘴道歉。苏晨盯着江云鹤，冷冷的说道：“按照苏晨的原意，若是他赢了，肯定要和江云鹤赌命。但是江云鹤毕竟身份不一般，身后有大林皇朝的支持，即便苏晨不怕，但是他也不想给林若微惹下麻烦。让江云鹤跪下掌嘴道歉，对于江云鹤这样一个骄傲的人来说，恐怕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好，我跟你赌。九皇子还没有说话。 只见江云鹤冷笑了一声，道：“直接就答应了下来。若说是武道对决，或许他心中还会思忖一二；但是丹道对决，他丝毫不惧。他对自己的丹道造诣有着极强的信心。莫说他不认为苏晨是丹道宗师，即便苏晨是丹道宗师，苏晨也必输无疑。很好，既然是丹道对决，那除了我和若薇姑娘见证之外，你们两人还需要发下心魔大事，如何？”九皇子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道。 心魔大事关乎武者的道心，若是违背了心魔大事，轻则走火入魔，修为大损；重则浑身经脉寸断，沦为废人。可以，苏晨似笑非笑的说道：“九皇子的话正合他心意。九皇子怕他不履行赌约，他还怕江云鹤耍赖呢。若论丹道造诣，莫说是一个江云鹤，即便是一位丹道圣者，苏晨又有何惧之？”很快，苏晨和江云鹤就发下了心魔大事。 他们进入到了万宝商会之中，万宝商会的大长老云逸也是听闻了苏晨和江云鹤的赌约，愿意做个见证，让人拿出了两个古朴的丹鼎。而仿佛是为了让苏晨出丑，九皇子和江云鹤并未驱散众人，而是准备在众人的见证下，好好的羞辱一番苏晨。听闻两大丹道宗师对决，不但万宝商会的诸位炼丹师被惊动了，就连王都之中的许多人都来到了这里。丹道宗师，那可是堪比武王一般的大人物，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这种盛况？ 尤其是对于炼丹师来说，能够观摩丹道宗师的对决，简直就是无上造化。也不知道江云鹤和苏晨这一场对决谁输谁赢，那还用说吗？肯定是江云鹤。江云鹤可是大林皇朝最为耀眼的丹道天才，已经被圣地中的一位大人物看上了，要收他为弟子。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丹道宗师。说的也是，苏晨还是太年轻了些。虽然传闻他在丹道之上的造诣不小，但若说他是丹道宗师， 恐怕还是勉强了些。众人议论纷纷道：“你们懂什么？苏陈公子绝对是丹道宗师。祝颜丹，你们听说过吗？那可是六阶灵丹，就是苏陈公子炼制出来的。”就在此时，一个胡子乱糟糟的老者怒气冲冲的说道：“谁敢在此放肆？”咦，原来是古岩大师。古岩大师见谅，我等只是胡言乱语罢了。”有人怒喝了一声道，但是当他看清楚那个老者的真容之后，顿时露出了一副谄媚的笑容。“古岩大师。” 万宝商会的炼丹大师，他可得罪不起。咦，古岩，你的精神力？而就在此时，大长老云逸忽然浑身一颤，像是想到了某种可能，无比激动的看着古岩道：“没错，侥幸突破到了五阶。”古岩咧嘴一笑，道：“五阶精神力是丹道宗师的门槛。”大长老云逸和古岩一样，就是因为精神力被困在了四阶巅峰，所以才未能突破到丹道宗师。他没有想到，古岩竟然先他一步突破了。 好好好，古岩，你很不错。”云逸无比激动的说道。他心中充满了疑惑，很想要问一问古岩的精神力是如何突破瓶颈的。但是现在是苏晨和江云鹤的单道对决，他也不好多说什么。苏晨，江兄，你们今日单道对决有本宫、若薇姑娘和云逸大长老见证，我们三人选出了一副古丹方，谁能够将其炼制成功，并且品质更高，就算获胜，如何？九皇子的目光一闪，看着苏晨和江云鹤，微微一笑，道。 他对于江云鹤的丹道水平自然极为相信，所以显得很轻松，根本没有丝毫的压力。可以，没问题。苏晨和江云鹤都是点了点头，道：“既如此，那你们看了古丹方就可以开始了。每人为你们准备了三份材料，时间不限。”林若薇淡淡的说道。而后，她的纤纤玉指之中，两道光团飞出，瞬间飞向苏晨和江云鹤，化成了两道玉简。他虽然知道苏晨的丹道造诣不凡。 而且身后很有可能有着一尊丹道圣者，但究竟能不能胜过江云鹤，他也不确定。但是到如今，他也只能顺其自然了。苏晨拿到玉简之后，一缕精神力探入其中，顿时就看到了古丹方的内容。龙虎元神丹，苏晨的目光一闪，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灵丹。龙虎元神丹，乃是一种六阶灵丹，它的作用就是能够让人的精神力蜕变，获得提升和突破，甚至有一定几率。 凝聚成五道元神，而五道元神那是武王的标志，代表着精神力达到了六阶。不过这种古丹药想要炼制并不容易，虽然丹方还存在，但成功率极低，只有丹道圣者才能够炼制出龙虎元神丹。丹道宗师想要炼制出龙虎元神丹都极为艰难。不过这对苏晨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要说是龙虎元神丹，即便是九阶的五行运神丹、十阶的不灭化神丹，他都曾经炼制过。龙虎元神丹虽然有一些难度。 但对于苏晨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龙虎元神丹吗？很好，只有这种古丹药才能够发挥出我真正的实力。江云鹤冷笑了一声，瞥了苏晨一眼，而后直接在丹顶之前盘坐了下来。轰！他一拍丹顶，顿时掌印如风，丹顶嗡鸣震战，一道道铭文绽放出璀璨的光辉，漂浮在了江云鹤的面前。江云鹤的掌心之中，紫色的火焰升腾，犹如一朵莲花，看起来古老而神秘，瞬间将丹顶笼罩了起来。 那是天地真火，有人惊呼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江云鹤掌心之中的紫色火焰蕴藏着一种神秘的气息，炽热无比，让这片天地的气息都变得灼热无比。那分明是天地真火的气息。天地真火乃是天地孕育而生的奇异火焰，也是炼丹师和炼气师毕生的追求。若是能够得到一朵天地真火的加持，将其炼化，未来有很大的可能能够成为一尊丹圣或者气圣。 天地真火不但能够让炼丹炼气的成功率提升，而且威力极大，能够让人参悟火焰法则，铸就无上道基。谁都没有想到，江云鹤竟然有一朵天地真火，那是传说之中的紫莲真火。天地真火榜排名第一百零六，没有想到三年前的那个传闻竟然是真的，紫莲真火落入到了此子的手中吗？万宝商会的大长老云逸也是浑身震动，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的神色。即便是以他的心境。 此刻的目光也是有些火热，那可是天地真火，炼丹师的毕生追求啊！而古岩大师等其他的炼丹师，此刻也都是浑身震动，眼神中充满了羡慕的神色。紫莲真火一出，可以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没有想到江云鹤竟然拥有紫莲真火，只怕这一场丹道对决，他是赢定了。有人轻叹了一声，道：“古岩想要反驳，但是看到紫莲真火，他也是沉默了。” 有天地真火加持，再加上江云鹤本身也是一位丹道宗师，苏晨还能赢吗？紫莲真火，怪不得如此自信。苏晨的目光一闪，淡然一笑，道：“他仿佛根本没有丝毫的担忧，也没有直接开始炼丹，而是饶有兴趣的在观看江云鹤炼丹。紫莲真火这种天地真火，前世他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要知道，前世他所拥有的天地真火，乃是天地真火榜排名第三的太阳真火。” 他甚至依靠太阳真火炼制出过无上神丹，区区紫莲真火自然没有被他放在眼里。轰！只见江云鹤周身真气汹涌澎湃，掌心之中的紫莲真火缓缓盛开，璀璨夺目，将丹顶包裹了起来。丹顶之上的符文被催动到了极致，而后江云鹤衣袖一挥，旁边摆放着的各种灵药被他一株株的投入到了丹顶之中。丹顶之内，一朵朵紫色的火焰莲花不断的淬炼那些灵药，淬炼出杂质。 只留下最精纯的灵药精华。江云鹤的炼丹犹如行云流水一般，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别样的韵律美感。尤其是那些炼丹师，眼神中满是无比惊叹的神色，他们都已经被江云鹤的丹道造诣深深的折服了。苏晨在干什么？林若薇皱了皱眉头，发现苏晨依旧没有开始炼丹，心中微微有些着急了。若薇姑娘，苏晨莫非是被紫莲真火吓到了，选择放弃了吗？龙虎元神丹确实不好炼，但他若就这么放弃…… 恐怕有损你大黎的颜面啊！九皇子的目光一闪，淡然一笑，道：“看到江云鹤祭出紫莲真火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江云鹤赢定了，他不会放弃。我相信他能够炼制出龙虎元神丹。”林若薇坚持的说道：“虽然他也不太相信苏晨能赢，但是不知为何，他心中就是对苏晨充满了信心。”苏晨开始炼丹了，有人惊呼了一声，道：“顿时，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苏晨的身上。哼”轰！ 只见苏晨脚下一踏，汹涌的真气犹如真龙一般爆发，刹那间催动了丹顶周围的地火阵法，顿时狂暴的地火犹如火山一般喷薄而出，将丹顶笼罩了起来。一道道符文绽放，丹顶也开始绽放出最为璀璨的光芒。苏晨观看江云鹤炼丹，已经对他的丹道水平了然于心。有紫莲真火的加持，江云鹤确实很有可能炼制出龙虎元神丹，但苏晨却比谁都清楚，龙虎元神丹并没有那么容易炼制。 稍有不慎，就会彻底的炸炉，炼制失败。更不要说，即便是炼制成功，龙虎元神丹的品质也是天差地别。轰隆隆，地火汹涌，犹如真龙一般咆哮，喷吐火焰，将眼前的丹鼎笼罩了起来。苏晨神色淡然，周身真气喷薄而出，双手不断的结印，化成了一道道残影，拍在了丹鼎之上。丹鼎嗡鸣震战，而旁边所摆放的众多灵药，则是犹如流光一般，纷纷落入到了丹鼎之中。 苏晨竟然选择同时淬炼所有的灵药，真是胆大包天啊！有人惊呼了一声道：“要知道，即便是丹道宗师，淬炼灵药这一步也是无比的关键，必须要谨慎对待。毕竟所有的灵药属性不同，需要不同的控火手法，小心的淬炼。这么多灵药同时投入到丹炉之中，只会炸炉。”原以为苏晨真的是一位丹道宗师，看来恐怕是被人夸大了，真是让人失望啊！没错，没有天地真火加持。 只是以地火炼丹，竟然还如此的狂妄自大，看来马上就要炸炉了，大家还是离远些吧。仔细看看江公子炼丹，对我等大有裨益。许多炼丹师看向苏晨的眼神中都是充满了失望的神色。苏晨还是没有能够创造奇迹。啊啊！啊但就在此时，两道古老而神秘的龙吟之声响起。苏晨神色淡然而平静，而他面前的丹鼎之中，火焰汇聚，龙威弥漫，竟然刹那间。 化成了两条火焰之龙，投入到丹顶之中的众多灵药，被那两条火焰之龙一卷，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力量，瞬间被淬炼出了所有的杂质，化成了最为精纯的灵药精华。两颗珠子在丹顶之中沉浮，吞吐火焰之精，吸收天地灵气，看起来越发的璀璨夺目。到最后，那两颗珠子竟然瞬间融为了一体，化为了一颗璀璨夺目的灵珠，绚烂夺目的光芒让人睁不开双眼。哈哈，你们这群蠢货！ 又懂什么？这可是二龙系珠控火法，上古时期一代丹帝所创的无上控火法。就凭你们也敢质疑苏晨公子？古岩哈哈大笑了一声，道，眼神中满是无比兴奋而激动的神色。终于又看到师尊施展二龙系珠控火法了。苏晨将二龙系珠控火法传授给古岩之后，他不但一举突破了精神力瓶颈，达到了丹道宗师的境界，更让他感觉到二龙系珠控火法的玄妙。就算是如今的古岩，也不可能像苏晨那样。 将二龙系珠控火法修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界，什么？二龙系珠控火法？怎么可能？嘶看样子和古籍上的记载有些相似。火焰化龙，喷吐灵珠，夺火焰之精，天地之华，莫非真的是二龙系珠控火法？众多炼丹师浑身一震，猛然看向苏晨，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没错，正是二龙系珠控火法。没有想到，老夫有生之年竟然有第二次机会。 看到有人施展二龙系珠控火法，万宝商会的大长老云逸也是猛然站了起来，无比激动地说道：“他刚刚踏入丹道之路的时候，曾经有造化看到过一尊无上丹圣施展过二龙系珠控火法，那种神秘的力量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没有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还能够看到二龙系珠控火法。经过云逸的确认，众人这才相信了，苏晨竟然真的会二龙系珠控火法。丹帝所创的控火法，他怎么会？” 九皇子的眉头也是皱了起来，心中感觉到有些失去控制了。即便是他不懂得炼丹，但是看着苏晨炼丹，宛如行云流水一般，蕴藏着一种道法自然的气息，看起来玄妙莫测，让人着迷。一举一动暗合天意，他终于明白了，苏晨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说过，他是一位丹道宗师，天赋之强，乃是我平生仅见。这一场赌约，江云鹤必输无疑。林若薇淡淡的说道。 他的一双美目都落在了苏晨的身上，泛着异彩，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九皇子的神色一沉，但还是淡淡的回应道：“啊，好。”就在此时，江云鹤那边炽烈的火焰升腾，刹那间天地灵气汹涌而来，在丹顶的上空竟然化成了龙虎的形状，并且发出了龙吟虎啸之声。而江云鹤的丹顶之中，璀璨的光华绽放，神秘的符文交织，不断的从其中喷薄而出。这是。 龙吟虎啸，要凝丹了！江云鹤这么快就炼制出了龙虎元神丹，有人惊呼了一声道：“江云鹤的额头之上已经布满了细微的汗珠，就连体内的真气都消耗了大半。但是他一动不动，目不转睛的盯着眼前的丹炉，双手不断的结印，引动紫莲真火，在进行最后的淬炼。已经到了最后一步，要凝丹了。他一定要炼制出龙虎元神丹，让所有人都明白，他江云鹤才是最耀眼夺目的丹道天骄。” 什么苏晨，什么大黎王国，全都要被他江云鹤踩在脚下！啊，好！龙虎汇聚，光华璀璨，丹顶嗡鸣震战，一道道神光从其中喷薄而出，其中一颗璀璨的大日混元古朴想要从其中飞出。宁<您>江云鹤的目光锋利无比，舌战惊雷，猛然一声暴喝，嗖 <So>！丹顶之中一颗璀璨夺目的丹药瞬间冲霄而起，和虚空之中的龙虎真形融合在了一起。 刹那间耀眼无比，龙虎元神丹炼成了！江云鹤的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伸手一抄，就将那颗龙虎元神丹抓在了掌心之中。恭喜江兄！我就知道江兄必然能够炼制出龙虎元神丹。九皇子微微一笑，道：“起身道贺，幸不如命。虽然只是一颗下品龙虎元神丹，但是除了丹道圣者之外，丹道宗师绝无法炼制出如此品质的龙虎元神丹。”江云鹤的眼神中满是傲然之色。 没错，确实是龙虎元神丹，虽是下品，但却足以助人凝聚武道元神，突破精神力瓶颈。大长老云逸检查了一下，也是点了点头，道：“他的眼神中有着一丝羡慕之色。若是他能够服下这颗龙虎元神丹，必然能够突破长久以来的瓶颈，成为真正的丹道宗师。但很显然，以龙虎元神丹的珍贵，江云鹤不可能给别人的。”死！江云鹤真的炼制出了龙虎元神丹，这可是上古灵丹，据说只有丹道圣者。 才能够炼制出来的六阶灵丹，江云鹤太厉害了，应该是紫莲真火的加持。不过即便如此，他的丹道造诣也是惊世骇俗。现在就看苏晨了，众人都是无比震惊的说道，看向江云鹤的眼神中满是敬畏之色。而苏晨依旧在按部就班的炼丹，丹鼎之中两条火焰之龙游弋，不断的发出古老的龙吟之声，而那一颗灵珠在火海之中沉浮，也是越发的璀璨夺目。二龙戏珠控火法。 他怎么可能？与此同时，已经炼制成龙虎元神丹的江云鹤也是看到了苏晨，瞬间就认出了二龙系珠控火法，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二龙系珠控火法，这是传说之中最为神秘的控火法之一，一代丹帝所创，早已经失传。苏晨怎么会？饶是江云鹤此刻的心中也是有些嫉妒。哼，只有元丹境九层的修为，也敢炼制龙虎元神丹？即便是有二龙系珠控火法。 也绝无可能炼制出来。江云鹤心中虽然嫉妒，但表面上却充满了嘲讽。他看出了苏晨的修为是元丹境九层，元丹境九层的修为，体内的真气根本不足以支撑炼制出龙虎元神丹。这也是为何丹道宗师的修为至少也要达到武宗境的原因。虽然炼丹师以精神力为根本，但武道修为同样重要。轰隆隆！没过多久，一道轰鸣巨响，犹如炸雷一般响起。 天穹之上风云变幻，四边八方的浩瀚天地灵气疯狂地朝着苏晨面前的丹鼎汹涌而来。啊！龙吟声震动天穹，一条巨大的龙形灵气浮现在天穹之上，而云雾汹涌，火焰纵横，化成了一只巨大的上古猛虎虚影，散发着滔天的煞气。龙自天来，虎从云出，如此强大的异象瞬间震惊了所有人。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天象？嘶 苏晨炼丹，竟然引动了天地异象，这怎么可能？太不可思议了！众人都是震惊的看着天穹之上，丹隐天象，莫非？莫非？云逸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死死的盯着苏晨的丹顶，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江云鹤也想到了，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同样是猛然看向苏晨的丹顶。轰！丹顶之中，炽烈的神光汹涌而出。 三颗璀璨夺目的丹药，犹如太阳一般，刹那间从丹顶之中飞出，和虚空之中的龙虎真形融合在了一起。咔嚓，三道银白色的雷霆瞬间从天穹之上落下，劈落在了那三颗丹药之上，电闪雷鸣，火花四射。而那三颗丹药在吸收了银白色的雷霆之后，越发的璀璨夺目，并且嗡鸣震颤，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灵性波动。嗖，<So, S 1> 苏晨早有准备，探手一抓，顿时真气大手袭来。 直接将那三颗灵丹抓入到了掌心之中，丹丹劫，这怎么可能？江云鹤惊呆了，云逸也惊呆了。苏晨炼制龙虎元神丹，竟然引动了传说之中的丹劫。丹劫乃是丹药圆满无瑕，蕴藏一丝天地法则之力，引起天象变化而降下的雷劫。只不过，想要引动丹劫，至少也需要七阶以上的灵丹，而且要达到完美品质才能够做到。苏晨炼制龙虎元神丹，竟然引动了丹劫。 六阶灵丹引动丹劫，并非没有先例，但能够做到的无一不是惊才绝艳的丹道奇才，未来必定能够成为丹道圣者，甚至是一代丹帝。莫非苏晨有着成为丹帝的资质？这一刻，所有人看向苏晨的目光都变得不一样了。尽管他们不愿意相信，但是已经降临的丹劫告诉了所有人，苏晨确实炼制出了完美品质的龙虎元神丹。丹劫呀、啊！没有想到，老夫有生之年竟然能够见到传说之中的丹劫。 云逸激动的浑身发抖，眼神中满是无比狂热的神色。莫要说是丹道宗师，即便是丹道圣者，也不可能每一次炼丹都能够引动丹劫。想要引动丹劫实在是太难了。而如今，苏晨做到了。苏晨公子炼成龙虎元神丹，成丹三颗，皆为完美品质。云逸颤悠悠的检查了一下苏晨所炼制的三颗龙虎元神丹，然后对着众人宣布道：“死！”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呆了。成丹三颗。 而且皆为完美品质，就算是单道圣者，恐怕都很难做到吧？太恐怖了！苏晨公子的单道天赋，竟然已经强大到了这种程度了吗？我之前还说江云鹤有紫莲真火加持，赢定了，现在看来还是我太无知了。没有天地真火加持，还能够做到如此地步，谁人能比？是啊，和苏晨公子比起来，江云鹤真是妄称单道天才，差太远了。众人议论纷纷道。 尤其是那些炼丹师看向苏晨的目光之中，都是充满了狂热的崇拜之色。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苏晨做到的一切是多么的逆天了。龙虎元神丹乃是六阶灵丹，虽然提供的一份灵药理论上能够炼制出三颗龙虎元神丹，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之中损耗极大，能够承担一颗都已经是极不容易了。所有很多人都默认了一份灵药只能够炼制出一颗灵丹，但是苏晨承担三颗，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苏晨的丹道造诣出神入化，在炼丹的过程之中没有丝毫的药力损耗，所以才能够承担三颗。更不要说苏晨还引动了丹劫，在丹劫的淬炼之下，这三颗龙虎元神丹全都达到了完美的品质。这是何等逆天的丹道造诣！莫说是丹道宗师，就算是丹道圣者都未必能够做到。众人的话听在江云鹤的耳朵里，让他的脸色红一块、青一块、白一块，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他心中无比的不甘。 小小的大力王国之中，怎么会有如此妖孽的丹道天骄？他有紫莲真火加持，竟然最终还是败在了苏晨的手中。他不甘啊！苏晨，他到底是何来历？九皇子深深的看了苏晨一眼，眸子之中充满了无比凝重的神色。如此的丹道造诣，就算是那些圣地的真传弟子，也不过如此了吧？若是被那几大圣地知晓，恐怕一定会将苏晨收入到圣地之中，成为圣地真传，成就和地位远远超过。 他九皇子，他再也不敢将苏晨当成寻常人看待了。苏晨，他的师尊，莫非是那个圣地的人吗？林若薇的一双美目也是不断的在苏晨的身上打量，异彩连连，心中想到了许多。若真是如此，那苏晨有如此单道造诣，就毫不奇怪了。江云鹤，这场赌约我赢了。苏晨缓缓起身，目光看向江云鹤，声音平静而淡然。赌约，众人微微一愣，这才突然想起。 苏晨和江云鹤的这一场单道对决可是有赌约的，而且都发下了心魔大事。谁输了就要向对方磕头赔礼、掌嘴道歉，这可是莫大的羞辱。江云鹤会履行吗？江云鹤听到了苏晨的话，浑身一颤，脸色顿时变得无比苍白了起来。他深深的看了苏晨一眼，然后一言不发，轰然跪倒在了苏晨的面前，然后伸出手掌，狠狠的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啪，啪，啪。 清脆的声音在广场之上响起，清晰可闻。苏晨，我错了，请见谅。江云鹤倒也硬气，尽管脸色红肿，但还是咬着牙说道：“他选择履行了赌约。”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亚瑟，这江云鹤的心性倒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既如此，那就算了。苏晨淡淡的说道。而远处，九皇子的脸色已经变得无比难看了起来。江云鹤都被逼着掌嘴道歉，这分明也是在打他的脸啊！ 他看向苏晨的眸子之中，有着一丝无比隐晦的杀意一闪而逝。万宝商会之中，所有人看向苏晨的目光之中都是充满了敬畏之色。之前就有传闻说苏晨是丹道宗师，炼制出了失传的六阶灵丹驻颜丹，但很多人并没有亲眼见到过，都是持有怀疑态度。而今日，苏晨当着所有人的面展现出了出神入化的丹道造诣，并且击败了江云鹤，谁还敢再质疑苏晨丹道宗师的身份？后生可畏啊！没有想到。 苏城公子不到二十岁，竟然就已经是丹道宗师了。和苏城公子比起来，我等又算得了什么？一个童颜鹤发的老者轻叹了一声，道：“他也是王都之中一位很有名的炼丹大师，但是今日观苏城炼丹，让他叹为观止，心生无尽感慨。师尊真是太厉害了！”古岩也是无比的激动，眼神中满是庆幸之色。他无比庆幸能够拜苏城为师，他心中隐隐感觉到，苏城已经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终有一日会照耀东荒三十六域，甚至是这一片浩瀚的大陆，这才是真正的无上天骄。江兄，我们走。九皇子深深的看了苏晨一眼，压下了心中的杀意，带着有些失魂落魄的江云鹤离开了。今日的单道对决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当然也包括九皇子。苏晨的妖孽不但让他心生威胁，更是充满了嫉妒和杀意。这样的天才，若是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只能够想办法毁掉了。就在此时。 云逸大长老忽然耳朵一动，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震惊的神色，而后缓缓走到了苏晨的面前。苏晨公子，我家会长想要见你一面，不知你是否愿意？云逸对着苏晨微微一笑，道：“会长。”苏晨心中一动，脑海之中浮现出了一道身影——万宝商会的会长，无比的神秘。平日里都是大长老云逸打理万宝商会的事务，会长几乎从未出现过，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位神秘会长的真正身份，但苏晨却很清楚。 说起来，这位万宝商会的会长和苏晨未来的那位师尊，倒还是有着不小的渊源。可以，苏晨面不改色，微微一笑，道：“林若薇，走到苏晨的面前，认真的说道：‘苏晨，想必你也清楚，万宝商会的那位会长身份不一般。他若是对你有什么邀请，你千万不要拒绝，这是你最大的造化。’多谢殿下提醒，我会注意的。”苏晨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道：“他知道，林若薇恐怕也知道那位会长的身份。” 而且林若薇的这一番话虽然意有所指，但确实是真心为苏晨考虑。毕竟那位会长背后的势力，对于炼丹师来说，确实是最好的去处。苏晨跟着云逸一起朝着万宝商会的深处而去。万宝商会的深处别有洞天，乃是一片清净飘渺的山谷，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在云雾的掩映下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辉。而在山谷的中央有一座竹楼，竹楼前是一片清澈的小湖泊，一个身穿白衣、看起来儒雅不凡的中年人。 手持鱼竿，坐在湖泊之前钓鱼，远远看去，那个白衣中年人仿佛和四周的天地融为了一体，自有一种自然祥和的意境。启禀会长，苏晨公子到了。云逸恭恭敬敬的禀报道。好，你下去吧。白衣中年人淡淡的说道。云逸给了苏晨一个鼓励的眼神，而后转身退去了。果然是他，席金伦。苏晨心中一动，暗暗想道：苏晨小友，请坐。 白衣中年人，也就是席金伦，回过头来，对着苏晨微微一笑，指了指旁边的竹椅道：“他看起来儒雅不凡，有一种书卷气，宛如世俗王朝之中的大儒，满腹经纶。但是，一双目光深邃而沧桑，仿佛能够看透人心，又透露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落，宛如神仙中人。”多谢苏晨平静的回应，而后大方的坐了下来。在下席金伦，算是这万宝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可听说过我的名字？”席金伦微微一笑，道。 他的声音十分的自然随意，没有丝毫的盛气凌人，就像是和相交已久的老友交谈，让人不自觉的就会心生好感。没有，苏晨答道，但他心中却不由得腹诽：“席金伦这个名字，他前世可是听过不下一万次。什么万宝商会的会长，那不过是幌子罢了。实际上，席金伦乃是东荒的武道圣地万宝阁的长老。所谓的万宝商会，不过是万宝阁的外围势力罢了。而席金伦的修为更是无比恐怖。” 武皇，他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武道皇者。苏晨更是明白，席金伦之所以会成为万宝商会的会长，来这小小的大黎王国，真正的目的就是卧龙山秘境。没听过也没关系，不过我倒是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大黎王国竟然会出现你这样的丹道奇才，不到弱冠之龄就已经达到了丹道宗师之境，真是让人惊叹。席金伦回过头来，看着眼前的苏晨，毫不掩饰眼神中的赞许之色。会长谬赞了。苏晨平静的说道。 你能够成长至此，有你的造化和机缘，当然也是你天赋无双，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丹道宗师。不知道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席金伦问道。以后，自然是努力修炼，去见识一下更广阔的世界。苏晨微微一笑，道：“他已经明白了席金伦的意思。”果然，席金伦微微一笑，道：“苏晨，我也不瞒你，万宝商会的背后乃是东荒七大圣地之一的万宝阁，而我就是万宝阁的长老，武道圣地。” 你应该知道吧，只有进入武道圣地之中修炼，才有机会一窥武道之巅。以你的天赋，留在这小小的大黎王国，实在是可惜了。所以，我可以代表万宝阁，让你成为万宝阁的弟子，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席金伦无比的坦诚，并没有多绕圈子，直接说出了他的本意。他之所以想要见一见苏晨，除了是好奇苏晨的单道造诣之外，也是生出了爱才之心，想要将苏晨收入到万宝阁之中。万宝阁吗？ 苏晨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精芒，和他预想的一样，席金伦果然是来招揽他的。对于东荒七大武道圣地，苏晨自然知道的很清楚。万宝阁虽然不是最强大的武道圣地，但绝对是最富的流油的武道圣地。整个东荒三十六域几乎都有万宝商会的足迹，再加上万宝阁之中有许多强大的炼丹师，甚至是丹道圣者，积攒了海量的财富。万宝阁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不过可惜了，苏晨已经心有所属。 他留在王都就是为了等他前世的那位师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留在这小小的大黎王国之中。苏晨，万宝阁是七大圣地之中炼丹师最多的地方，就算是丹道圣者，也有数位公参造化。你若是能够进入万宝阁，我保证让你在十年之内晋升丹道圣者。席经伦微微一笑，道：“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条件，苏晨根本不可能会拒绝，成为圣地弟子。” 并且有机会习得至高武学，甚至是成为丹道圣者，这对于所有的武者以及炼丹师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诱惑。苏晨这位丹道奇才，他们万宝阁要定了。会长，抱歉，万宝阁可能不适合我。苏晨的目光一闪，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淡然说道：“他直接拒绝了。”什么？席经伦微微一愣，他差点以为自己是听错了。苏晨竟然拒绝了他的邀请。会长，我已心有所属，所以不能加入万宝阁。 抱歉，苏晨认真的说道：“你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席京伦愣了片刻，苦笑着摇了摇头。他没有想到，他堂堂的五皇强者、万宝阁的长老，即便是大林皇朝的皇主，看到他都要礼敬有加的人物，出口邀请苏晨，竟然被苏晨给拒绝了。而且苏晨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这让他有一丝挫败。苏晨，你可要想清楚了，万宝阁不轻易招收弟子，想要成为万宝阁的真传弟子。 至少也要丹道宗师，而且都是天赋超绝之辈。你确定要放弃？席金伦认真的问道。我确定。苏晨回答道。那你能告诉我，你想要去哪圣地吗？席金伦看了苏晨片刻，苦笑了一声，问道。天道宗。苏晨平静的回答道。天道宗。席金伦微微一愣，没有想到苏晨说的竟然是天道宗。你确定是天道宗？我原以为你说的是无始宗，或者是九阳神宗。 没有想到你竟然要去天道宗，你恐怕不知道，天道宗虽强，但也只是和我万宝阁相仿，而且他们已经有数十年未曾开山门招收弟子了。天道宗的弟子也是七大圣地之中最少的，即便是你想要去天道宗，他们也未必会要你。席金伦充满了不解，在他看来，七大圣地，苏晨最不可能选择的就是天道宗。天道宗十分的奇葩，虽然说数万年之前曾经号称东荒七大圣地之首。 盛极一时，强者辈出，无比的辉煌。但这些年早就已经衰落了。而且天道宗的门规很奇葩，招收弟子也要看缘分，宁缺无滥，根本没有多少弟子。宗门内的人性格怪癖。如今天道宗的实力在七大圣地之中已经是极其靠后了。苏晨为何想要去天道宗？没错，我决定了。会长，多谢你的好意，我相信我能够进入天道宗。苏晨淡然一笑，道：“但是他的声音之中却充满了坚持。” 或者在席金伦看来，苏晨选择天道宗不可思议，但苏晨却明白，他选择天道宗只是因为一个人，那个曾经给了他希望，救他脱离苦海，让他走上武道绝巅的人。那个人来自于天道宗。在席金伦充满了惋惜和遗憾的目光中，苏晨离开了万宝商会。万宝阁虽好，但苏晨不在乎，他有着自己的坚持。大林皇朝的人都来了，席金伦也出现了，只怕卧龙山秘境的开启就在这两天了。 师尊，只怕也快要到了吧？苏晨的眸子之中光芒闪烁，有着一丝期待、一丝激动和一丝忐忑。不过，在卧龙山秘境开启之前，我最好突破到武宗之境。苏晨心中暗暗想到，他如今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元丹境九层，周身气息圆满无瑕，体内真气浑厚如海，九颗真龙元丹都已经圆满，想要突破武宗之境并不难。苏晨准备一鼓作气，直接突破到武宗之境。刘府外。 柳孤城和柳玉龙正在等候，看到苏晨之后，柳玉龙顿时浑身一激灵，眼神中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色。苏苏晨，你总算是回来了！柳玉龙看到苏晨，又是害怕又是激动的说道。害怕的是苏晨之前狠狠的收拾过他，激动的是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隐藏的这么深，竟然是一尊丹道宗师，甚至于连大林皇朝的那位天才江云鹤都被苏晨击败了。 如今苏晨之名已经传遍了整个大黎王都，成为了王都最为耀眼夺目的天骄，被无数人所议论和崇拜。灵儿的事多谢了。苏晨看了一眼柳玉龙，又看了柳孤城一眼，认真的说道：“若不是柳孤城拼死相护，若不是柳玉龙拼死回来找他报信，只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这一声谢却是真心实意。不，不用，不用，我没做什么，都是苏晨你太厉害了，才能救回灵儿表妹。”柳玉龙吓了一跳。 连忙摆手道：“他都没有想到，竟然有一天能够从苏晨的口中听到一个谢字，让他既紧张又兴奋。你传我剑法，有拜师之意，我就灵儿理所应当，不用谢。另外，爷爷想见你。”柳孤城说道。柳文彦要见我，苏晨微微一愣，他没有想到那个倔老头竟然要见他，是因为他成了丹道宗师吗？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道：“可以带路吧。” 在柳孤城和柳玉龙的带领下，苏晨穿过几个回廊，来到了一座书房之中，正是柳文燕的书房。柳文燕站在书房之中，正在看面前墙上挂着的一幅画卷，画上是一个温婉淡雅的宫装女子，站在一束花开之下，衣袂飘飘，看起来绝美无比。柳孤城和柳玉龙把苏晨送到之后，看到柳文燕又在看画，也不敢多话，示意苏晨进去之后，他们就退下了。苏晨站在书房门口，看着画上的那个女子，温柔似水。 绝美动人，眉目之间和柳寒烟有几分相似，但是却比柳寒烟看起来年岁稍大一些，而且更是多了几分英气，少了几分柔弱。这莫非就是我的外婆？苏晨心中微微一动。没错，这就是你的外婆赵婉若。片刻之后，柳文燕回过神来，仿佛是看出了苏晨心中的疑惑，缓缓说道。然后不等苏晨发问，他就自顾自的说了起来。你外婆赵婉若是个十分温柔的女子，而且。 他来自于大林皇朝的赵家。当初我还只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无意之中遇到了他。柳文艳此刻仿佛不再像之前那般威严，眼神中充满了怀念之色，声音缓缓道来，讲述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富家小姐爱上了穷书生，却被家族反对，然后和穷书生一起私奔。富家小姐是赵婉若，穷书生是柳文艳。因为家族反对，赵家甚至想要让赵婉若来联姻，以增强赵家的实力。赵婉若逃出了赵家。 和柳文燕一起逃到了大理王都，为柳文燕生下了二子一女。柳文燕对赵婉若自然是极好的，而且发愤图强，最终金榜题名，在大理王国之中一步一步崛起，宦海沉浮，被王上信任，终成大理宰相。只不过这种幸福并未持续多久，在柳寒烟还小的时候，赵家来人要强行带走赵婉若，同时要杀柳文燕，最终，赵婉若以死相逼，才救了柳文燕。你知道赵家的下场吗？ 柳文燕说出了曾经的一段往事，似乎有些惆怅，转过身来看向苏晨问道：“不知。”苏晨老老实实的回答道：“后来我历经千辛万苦，修成武王之境，带领上百强者杀入大陵皇都，屠了赵家满门，想要救下宛若，但没有想到宛若根本没有等到我，在被赵家逼迫改嫁之时就已经自杀而死。”柳文燕的声音平静无比，但声音之中却依旧有着一丝刻骨铭心的恨意和遗憾。 苏晨心中一叹，关于外婆的事情，柳寒烟都不知道，自然就更没有对他说过。他没有想到这其中竟然还有这么一段隐秘。现在，你能明白我为何要反对你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吗？柳文燕目光灼灼，盯着苏晨道。苏晨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位便宜外公竟然还有这样一段往事，甚至于如今看起来只不过是武宗境的柳文燕。当年竟然是一尊强大的武王，倒是出乎了苏晨的意料之外。他能够理解柳文燕的想法。 经历过那种往事之后，柳文艳不希望她的女儿重蹈覆辙，所以在柳寒烟执意要嫁给苏晨父亲的时候，柳文艳才是那么的决绝。只不过理解归理解，但苏晨却并不能接受。我能明白，但人和人是不同的，你又如何断定我娘和我爹在一起不幸福？相反，你的绝情才会让我娘伤心和不幸福。苏晨淡淡的说道：“你娘幸福，那你爹现在又在哪里？”柳文艳冷笑了一声道。 我说这些，并不代表我让你认同我的做法。我只是告诉你，若是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同样不会让你娘嫁给你爹，因为你爹根本不是她的良配。柳文燕依旧十分的固执。苏晨默然。柳文燕的话让他有些无法反驳。确实，他的父亲苏元宗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失踪了，至今生死不知。而这些年，柳寒烟确实过得很苦。从这一点来说，柳文燕对苏元宗有怨恨，苏晨也不能多说什么。 苏晨，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有如此逆天的武道天赋和丹道天赋，甚至比你爹还要强得多。之前我还会担心你娘孤苦无依，但现在有你在，我也能放心一些了。只不过你要记住一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或许不怕，但也要为你娘多考虑一下。你娘若是愿意，就让她住在柳府吧。有我这把老骨头在，谁也别想动她分毫。柳文燕淡淡的看了苏晨一眼，冷哼了一声，而后转身拂袖而去。这个老家伙。 真是太傲娇了。苏晨看着柳文艳的背影，心中苦笑了一声，道：“他又如何听不出柳文艳的担忧？”苏晨确实天赋不凡，但在这王都之中，想要他命的人也不少。柳文艳既是提醒他要低调行事，注意自身的安危，同时也在告诉他，柳文艳会保护好柳寒烟，让他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明明是关心的话，但是柳文艳嘴里说出来，就显得那么生硬和让人讨厌。这份情，苏晨得领。刘府之中。 苏晨在密室之中开始修炼，他炼制的龙虎元神丹能够提升精神力。虽然苏晨已经凝聚了五道元神，但服用龙虎元神丹也能够强化他的元神，让他水到渠成的突破武宗之境。今日炼气成钢，入武宗。苏晨的眸子之中露出了一丝金芒。轰！他服下龙虎元神丹，周身气机升腾，浩瀚而磅礴的真气喷涌而出，体内的九颗真龙元丹在这一刻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啊啊啊！啊啊一道道古老而神秘的龙吟之声在苏晨的体内炸响，九颗真龙元丹宛如九条奇异的真龙，在这一刻光华绚烂，龙威弥漫，竟然缓缓的融为一体。一缕强大无比的罡气在苏晨的丹田气海之中缓缓诞生，罡气比之真气更加的强大，上百道真气才能够压缩凝聚成一缕罡气，不但拥有着更强的杀伐之力，同时也拥有着极强的防御力。 武宗强者的护体真罡，任由元丹境的武者疯狂攻击，都很难击破。这一步也是质变。对于苏晨来说，炼气成钢，突破到武宗之境，并没有什么难度，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林若薇竟然突破了，看来太阴化神丹就是苏晨为他炼制的。孤峰之上，圆月当空，一道身影站在山巅，眼神中满是无比震动和凌厉的神色，正是摩罗尊者。师兄何必在意？ 林若薇即便是突破了武王，也无关大局。而且我相信，师兄要不了多久也能够突破到武王之境。只不过苏晨那小子是有些怪异。摩罗尊者的身边是一个手持折扇、看起来十分阴柔的中年文士，眸子之中的光芒闪烁，宛如毒蛇一般凌厉。根据我的调查，苏晨得到某种强者传承的可能性更大。身后应该不可能站着一尊真正的丹道圣者。师弟，你有兴趣将苏晨身上的机缘抢回来吗？ 摩罗尊者转过身来看着中年文士道：“师兄如此忌惮那苏晨，却让我出手，不会是想要拿我来试探苏晨吧？”中年文士手中的折扇一收，似笑非笑的说道：“丹道圣者的传承，你不会不心动吧？”摩罗尊者淡淡的反问道：“师兄说的没错，我确实很心动。苏晨这小子身上有着太多的秘密，既如此，那我就出手一次，看看他的身上到底有着何等的造化。到那时，师兄可不要后悔才是。” 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道：“那就有劳师弟了。”摩罗尊者淡淡的说道：“不用谢。”明天就是苏晨的死期，中年文士淡然说道。而后，他周身真气爆发，化成了一道白色的影子，速度快到了极点，瞬间消失在了眼前浩瀚的云海之中，不见了踪迹，宛如鬼魅一般。刘府，啊！龙吟之声响起，苏晨周身真气升腾，金霞璀璨夺目，一条金色的龙形真气。 环绕在他的周身，最后化成了一道流光，直接没入到了苏晨的体内。苏晨缓缓睁开双眼，眸子之中有一缕金芒闪过。武宗境，终于突破了。苏晨的嘴角露出了淡淡的笑意。虽然重生一世需要他从头开始修炼，但是苏晨十分喜欢这种一步一步提升，逐渐变得强大的感觉。他也更有信心，能够超越前世的巅峰，达到更高的境界。以我如今武宗境的修为，再加上体内九倍的罡气强度，即便是面对武尊。 也有一战之力，若是加上破妄神童，即便是武尊，也有机会灭杀。苏晨心中暗暗想到，如今他也终于有了足够的实力面对一些强敌了。毕竟大离王国之中，明面上的武王强者不过只有袁浩然和林若薇两人罢了，而摩罗尊者也只是武尊巅峰的修为。苏晨自然不会忘了摩罗尊者，可以说从云江城来到王都，他遇到的数次危机，甚至是刺杀，背后都少不了摩罗尊者的影子。摩罗尊者。 就像是一条隐藏在暗中的毒蛇，随时要择人而食。是时候该解决摩罗了。苏晨轻声自语道：“他离开了密室，卧龙山秘境的开启就在这几日了。师尊就是在卧龙山秘境开启之前来到了神武学院，正好去神武学院看看，等师尊到来，顺便找机会解决了摩罗。”苏晨心中想到，眼神中有着一丝期待之色。苏晨离开了刘府，朝着神武学院而去。嗯。 就在此时，苏晨感觉到了一丝无比隐晦的杀意，将他锁定了起来。暗中有人想要杀他。虽然苏晨的修为只有武宗境，但是他凝聚了武道元神，精神感知力极强，立刻就感觉到了那一丝隐晦的杀意。是大林皇朝的人，还是摩罗尊者的人？苏晨心中思索，但是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避开了人群，一路疾行，来到了距离神武学院不远处的一片树林之中。阁下一路跟踪我，可以现身了吧？ 苏晨转过身来，淡淡的说道：“咦，你竟然能够发现我，有点意思、啊。”一道轻移声响起，不远处，一个身穿青色长袍、手持折扇的中年文士出现在了苏晨的面前。他面容阴柔，气息冰寒，一双眸子之中有寒芒闪烁。此刻看向苏晨的目光之中满是戏谑之色。“武尊，你是摩罗尊者派来的人吧？”苏晨盯着眼前的中年文士，淡淡的说道。 他的眸子之中有淡淡的金芒闪烁，破妄神瞳之下，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年文士的修为，武尊六层。你就这么确定我是魔罗的人？你将那江云鹤得罪的可不浅，就不怕我是江云鹤派来找你寻仇的？中年文士好奇的说道。大林皇朝的人可没有这么愚蠢，若是想要杀我，自然不会派一个武尊敬的废物，至少也是一位武王。苏晨淡淡的说道。好嚣张，我倒要看看，等会你落在我的手里。 还会不会这么牙尖嘴利？中年文士冷笑了一声，道：“他的声音飘忽不定，听在人的耳朵里，让人感觉到十分的难受。”呼！只见一道劲风呼啸而至，仿佛有一道铺天盖地的掌印凌空朝着苏晨笼罩而来。苏晨脚下一阵眸子之中炽烈的光芒绽放，猛然转过身来，竟然根本没有理会身后的掌印，而后猛然一掌拍出。啊！金色的龙形罡气轰然爆发，宛如真龙复生一般，让苏晨那一道掌印刚猛无比。 刹那间，就和他身后一道虚幻的影子猛然碰撞在了一起。砰！虚空震荡，只听见一道闷雷般的声音炸响。苏晨和那一道声音都是瞬间爆退开来。咦？那道虚影显现出来，正是中年文士。原本中年文士所在的位置，一道残影正缓缓消散。中年文士的眼神中满是惊讶的神色，他没有想到苏晨竟然识破了他的真身所在。中年文士虽然是武尊。 但是却丝毫没有小看苏晨。刚刚在谈话的时候，就分出了一道残影，同时真身悄然挪移，想要对苏晨发动致命一击。但他根本想不到，在苏晨的破妄神瞳以及强大的精神感知力之下，他所有的动作都清晰可见。杀！苏晨眸光凌厉，周身罡气汹涌澎湃，气血汹涌，一道道刚猛无比的掌印，犹如山呼海啸一般，朝着中年文士笼罩而来。大荒战龙掌，修为突破到了武宗之后。 一身强大的真气转化为了更为恐怖的先天罡气，功法无匹，施展大荒战龙掌的威力也是更加恐怖。再加上苏晨原本就强悍的肉身之力，以及体内数倍的浑厚真气，大荒战龙掌的无匹掌力裹挟着古老的龙吟之声，第一次彻底的爆发了。好胆！中年文士怒极而笑道，他没有想到苏晨一个小小的武宗，竟然敢主动朝着他发起攻击。他周身阴寒之力爆发，刹那间温度骤降。 一股黑色的罡气在他的掌心之中爆发开来，他双手成爪形，宛如神鹰凌空而来，猛然朝着苏晨抓来。天霜神鹰爪，这是他所修炼的一种强大武技，位列地阶下品，不但能够冰封他人浑身血脉，同时凌厉无匹，撕裂金石，一般人根本无法抵挡。轰！苏晨和中年文士狠狠地碰撞了一记，有金铁交击之声响起，火星四射。苏晨的气势不减反增，掌印越发的浑厚无比。 刹那间就和中年文士硬汉了数十计，两个人才轰然后退开来。狂暴的罡气肆虐，让四周的花草树木都是纷纷崩碎开来。巨石之上都是煞气所射出的密密麻麻的孔洞，看起来十分的可怕。你不过武宗境的修为，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中年文士的目光凝重无比，充满了难以置信。原本他以为苏晨虽然丹道天赋强大无比，但是武道修为并不算强。他若是出手。 顷刻间就能够将苏晨擒下来，但是直到他和苏晨交手，他才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苏晨的掌印刚猛无比，隐含龙威，而且越战越强。硬汉了数十计之后，他的双臂都是微微有些酸麻。若非依靠境界压制，他几乎都无法承受苏晨那恐怖的掌力。是你太弱了，若你只有这点实力，那你就可以去死了。苏晨的声音平静淡然，但目光却无比的凌厉。轰！他周身真气汹涌澎,澎湃。 刹那间，化掌为拳，刚猛无匹的拳印犹如流星一般，猛然朝着中年文士砸来。苏晨修为突破到了武宗之后，战力暴增了许多，正好可以拿中年文士来测试一下他如今的战力达到了何种层次。给我死！中年文士的眸子之中杀机冷冽，脚下一点，瞬间凌空而起，而后衣袖之中一道道寒芒犹如狂风暴雨一般射出，朝着苏晨笼罩下来。他的独门暗器透骨钉，透骨钉以天外寒铁打造。 加上他的独门罡气激发，能够瞬间洞穿一切，就算是武尊强者的护体罡气也挡不住，瞬间就会被重创。中年文士是看到了苏晨战力不凡，不想再拖延时间，所以透骨钉瞬间爆发而出。正<真>，但就在此时，一道剑鸣声响起，璀璨夺目的剑光轰然爆发，苏晨的面前浮现出了一柄飞剑，刹那间剑气交织，光芒绽放，在苏晨的面前交织成了一片剑网，将那一片横空而来的透骨钉。 纷纷斩落，去。苏晨凌空一指，强大的精神力附着在飞剑之上，飞剑的力量被催发到了极致，犹如闪电般朝着半空之中的中年文士射去。这是御剑术。中年文士的瞳孔一缩，根本没有想到苏晨竟然修成了御剑术。飞剑的速度太快了，而且一股冰冷的气机将他锁定了起来，让他根本无法躲闪。给我破！中年文士一声暴喝，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柄短刀。 幽寒凌厉，猛然朝着飞剑斩下来，铮<真>，火星四射，但那股沛然神力轰然爆发，让中年文士手中的短刀都是嗡鸣震战，然后直接被斩爆了。中年文士手臂发麻，虽然竭力躲闪，但飞剑还是飞速的掠过他的胸膛，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差点将他整个人给开膛破肚了。嗖，<So, S 1> 飞剑飞回到了苏晨的脚下，将他拖了起来，瞬间凌空而起，朝着中年文士飞去。该死！ 中年文士的脸色难看，他没有想到苏晨不但战力强大，竟然还修行了御剑术，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威力，让他都是吃了不小的亏。苏晨，我记住你了。中年文士深深的看了苏晨一眼，瞬间转身凌空而去。他倒也果决，知道苏晨不好惹，今日但凭他自己，只怕无法拿下苏晨，所以直接转身而去。既然来了，那还是留下吧。苏晨淡淡的说道。咔嚓，而后。 他的一双眸子之中有璀璨的金霞浮现，一缕缕闪电交织，古老威严的气息爆发，仿佛能够破碎一切，神秘到了极点。一道炽烈的金色光束刹那间从他的眸子之中射出，朝着中年文士射去。破望神光，那是什么？中年文士浑身一颤，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苏晨眸子之中的金霞太过威严而神秘，仿佛是天道之眼，让他都有刹那间的失神。而那一道金色的光束。 更是让他遍体生凉，感觉到了一种致命的威胁。但是破妄神光的速度太快了，瞬间就到了中年文士的面前。噗<破>！破妄神光直接破灭了中年文士的护体真刚，然后刹那间洞穿了他的眉心，将他的头颅轰然炸碎开来。中年文士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和不甘的神色，眸子之中的神光逐渐的暗淡，然后轰然从半空中栽落下来，狠狠的砸在了下方的树林之中，气绝身亡。一位武道尊者。 就这样死在了苏晨的手中，一道破望神光灭了中年文士，苏晨也算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疲倦之感，精神力耗损了大半。这破望神光虽强，但以我如今的精神力强度，最多也就是激发两道就会耗尽精神力，只能够作为底牌，不能轻易动用。苏晨心中暗暗想到，他如今的战力已经能够和武尊一战，加上破望神光，甚至是可以直接将武尊秒杀。苏晨对于自身的实力也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苏晨将中年文士手上的一个储物戒指取了下来，然后将其尸体打烂，就朝着神武学院而去。要不了多久，中年文士的尸体就会被寻着血腥气而来的豺狼虎豹吞吃干净，不留痕迹。一位强大的武尊就这样死在了这里，也是无比的憋屈。什么人？出来！苏晨忽然目光一闪，感觉到有一道强大而隐晦的神念落在了他的身上，让他浑身一毛，不由得暴喝了一声道：“他转过身来看着半空中的某处地方。” 嗡、oh, 嗯，虚空微微扭曲，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之中。那是一个身穿红色长裙、面容娇俏、看起来十分美艳的女子，眼波流转之间，顾盼生姿，自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她身材修长，气质高贵，周身有淡淡的霞光缭绕，飘渺而出尘，宛如九天仙子。凌晨，自有一种风华绝代的气质。小家伙，你竟然能够发现我，看来精神力很强啊！红裙女子饶有兴趣地看着苏晨道。 而看到眼前的红裙女子，苏晨浑身猛然一震，脑海之中仿佛轰然炸开了一般，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激动和难以自持的神色。是师尊，苏晨的声音带着颤抖。看着眼前的女子，他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内心之中自动的生出了一种如沐之情。重活一世，他又见到了她。苏晨前世的师尊洛轩。洛轩是天道宗的长老，一身修为深不可测，已然达到了武皇巅峰。 在整个天道宗都是极其厉害的人物，也是洛轩将苏晨带回了天道宗，才有了苏晨后来的崛起。可以说，洛轩不但是苏晨的师尊，对苏晨更是有再造之恩。苏晨来神武学院就是为了等洛轩的出现，他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突然见到了洛轩。嗯，小家伙，咱们俩第一次见面，你就叫我师尊，这不太好吧？我可没有说收你为徒。洛轩微微一愣，打量了苏晨一眼，道。 苏晨的这一声“师尊”对他来说也是出乎意料。嗨，我说错了，我是想说前辈看起来很亲切，好像我的师尊一样。若是前辈不弃，不如就收在下为徒，如何？苏晨咳嗽了一下，厚着脸皮笑道：“你这小鬼还真会打蛇上棍，想要拜我为师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你小子天赋不错，区区武宗境的修为竟然能杀了一位武尊，还修炼了某种强大的同术神通，不错不错。”洛轩打量了苏晨一眼。 不由得眼睛一亮，苏晨的话让他有些怦然心动了起来。说起来，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弟子，虽然平日里在天道宗作威作福，但却也很是无聊。若是收一个徒弟，好像也不错。前辈，在下自学成才，天赋还算可以，不知前辈有什么考验？尽管说来，只要前辈愿意收我为徒，我绝无怨言。苏晨笑盈盈地说道，他知道洛轩此刻还不认得他。 而如今的苏晨也比前世的此时强大的太多。苏晨是铁了心要拜洛轩为师，所以压下了心中的激动，厚着脸皮凑了上去：“小鬼，你差点打乱了我的思路。老实说，你的御剑术是从哪学来的？还有刚刚那能够发出龙吟的一掌，是谁教你的？”洛轩板着脸说道。他才想起了他的来意。说起来，他也是被苏晨的御剑术和大荒战龙掌吸引来的。御剑术乃是天道宗的一门绝学，大荒战龙掌。 虽然不是天道宗的武学，但是和洛轩却有着很大的关系。他需要弄清楚此事。回前辈的话，御剑术是我从神武学院学来的，只有残篇，并没有全本。至于你说那发出龙吟的一掌，名为龙战于野，也是一种武技的残篇，我是无意之中得到的。苏晨微微一笑，道：“御剑术，他确实没有说谎。但大荒战龙掌关系到九龙战天诀，只不过当年有一位极其强大的武圣，也曾修行过大荒战龙掌，而且散落下不少的残篇。” 苏晨说：“他无意之中得到的，也不会让洛轩怀疑。”原来如此，你能够将御剑术和那一招龙战于野修炼到如此程度，倒是颇为契合我天道宗的武学。而且你这小鬼天赋也算不错。洛轩看了一眼苏晨，道：“这么说，前辈是同意收我为徒了？”苏晨眼睛一亮，连忙问道：“收你为徒，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天道宗可不是那么容易进的，还需要你通过考验才行。”洛轩目光一闪。 微微一笑，道：“他倒是有些怦然心动了起来。他之所以会来到这小小的大黎王国，为的就是即将开启的卧龙山秘境，却不曾想竟然遇到了苏晨这样的天骄。当然，洛轩对于天赋并不算多么看重，他最看重的还是心性、品质和悟性。苏晨的天赋自然是达标的，但是想要成为他的弟子，还需要对其心性、品质和悟性进行考验。前辈尽管说，无论什么考验，我一定能够通过。”苏晨笑着说道：“很好。” 你既然是神武学院的弟子，那应该知道卧龙山秘境吧？卧龙山秘境开启，我会带你进入其中。若是你的试炼能够让我满意，我就收你为徒。洛轩目光一动，笑盈盈的说道：“好。”苏晨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了。小家伙，努力修炼哦。卧龙山秘境可是很危险的，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安全。等到秘境开启，我会找你的。洛轩打量了苏晨一眼，微微一笑，而后凌空而起，朝着神武学院飞去。 看着洛轩离开的背影，苏晨的眼神中满是激动之色。师尊，这一世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保护好天道宗，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苏晨心中暗暗想到，眸子之中有着一丝决然。前世的时候，洛轩收他为徒，带他前往天道宗，九龙战天诀也是洛轩传授给他的。天道宗身为东荒七大圣地之一，虽然实力不算顶尖，但却也不弱，而且宗门之中各峰弟子稀少。 所以关系都很亲切，并没有其他圣地的尔虞我诈。苏晨在天道宗之中度过了他最开心的几年，也是在天道宗之中，他逐渐的崭露头角，修成了九龙战天诀，修为和实力都突飞猛进，成为了天道宗之中有名的天骄，大家都爱护的小师弟。只不过好景不长，天道宗遭遇了一场大劫，无比恐怖的敌人杀入到了天道宗之中，屠了天道宗满门，杀戮滔天，将整个天道宗付之一炬。苏晨亲眼看到。 那些往日里对他十分关爱的师兄师姐，葬身于火海之中，一个个惨死于他的面前。他只恨自己的实力不够强大，甚至于为了救苏晨，洛轩不惜和一尊强大的敌人同归于尽，才将苏晨送出了天道宗。今日苏晨看到了洛轩，更是让他想起了前世天道宗的覆灭。这一世有我苏晨在，天道宗不会覆灭，师尊也会好好活着，而那些所谓的仇人，全都要死。 苏晨的眸子之中有着一丝冰冷滔天的杀意，除了父母灵儿之外，洛轩就是他最重要的人，天道宗就是他的家，他绝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重现。这一世，他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他一定要在危机到来之前获得定鼎乾坤的无双战力，逆转一切。将纷乱的思绪压在心底，苏晨转身朝着神武学院掠去。神武学院一座别院之中，苏晨拿出了中年文饰的储物戒，上面的精神烙印已经消失了。 他探出了一丝精神力，烙印在了储物戒之上。储物戒之中有一些灵药和灵丹，虽然大都是四五阶的灵丹，对于武宗和武尊来说有着不小的妙用，但都没有被苏晨放在眼里。还有几本武学武技，最强大的就是中年文士所修炼的天霜神鹰爪，位列地阶下品武技。除此之外，就是几千颗下品灵石了。又是一个穷光蛋，几千颗灵石应该勉强能够让我提升一两个小境界。看来想要得到足够的灵石。 只能够去天道宗了。苏晨苦笑了一声，道：“他有九龙战天诀，又有前世的记忆，自然不缺强大的武学。唯一缺少的就是修炼资源，也就是灵石。无奈东灵域太过贫瘠，在整个东荒三十六域之中，都是排在最后面的地域，只有一些下品灵石。所以，就连中年文士堂堂武尊强者，也只是积攒了几千颗灵石罢了。而苏晨修炼九龙战天诀。” 这是一门无比强大的神级武学，同境界的真气浑厚程度是他人的九倍，自然修炼所需要的资源也要远超其他的武者。这几千颗灵石或许可以让其他的武宗强者修炼许久，但对于苏晨来说，最多也就是提升一两个小境界罢了。卧龙山秘境乃是炎龙武圣所开辟，虽然前世我没有进入其中，但却也听师尊说了，其中不但有炎龙武圣的传承，还有炎龙武圣所积累的各种宝物，那里应该有足够的资源，绝不能放过。 苏晨的目光明亮而璀璨，自言自语道：“炎龙武圣乃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千前的一代武圣，不但实力强大，已然达到了武圣巅峰，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丹道圣者。只不过他在冲击武帝之境的时候走火入魔，最终坐化在了卧龙山秘境之中。他不但在卧龙山秘境之中留下了他的传承，更是留下了一代丹圣所积累的各种资源和宝物。苏晨前世的时候，虽然被洛轩收为弟子。” 但当时修为太弱，并没有进入到卧龙山秘境之中。只是后来听到洛轩讲起了卧龙山秘境的事情。卧龙山秘境的开启，除了大林皇朝、大离王国以及周围的几个王国的武道强者被吸引而来，就连东荒七大圣地都有三大圣地的强者到来。万宝阁的席金轮、天道宗的洛轩，以及九阳神宗的莫千羽。想到莫千羽，苏晨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俊美的不像话的阴柔男子，一双眸子仿佛能够洞穿人心。 实力更是强大到了极点，甚至于连洛轩都在他的手中吃了不小的亏。前世的时候，君子林修成了御剑术，得到了卧龙山秘境之中炎龙武圣的武道传承，后来更是修成了一代剑帝。而莫千羽就是君子林的师尊。君子林天赋不凡，这一世怎么样也要将他收入到天道宗之中，不能让他拜莫千羽为师。苏晨心中暗暗想到，打定了主意之后，他就拿出了所有的灵石，开始运转九龙战天诀。 继续修炼了。神武学院山巅，洛师妹，多年未见，你还是如此的清丽动人，而我却是老了。袁浩然看着眼前的洛轩，眼神中满是感慨的神色。袁师兄，你若是留在宗门，以你的天赋，此刻恐怕早已经突破了武圣之境，又何必在此蹉跎岁月？洛轩轻叹了一声，道：“他衣袂飘飘，飘渺而出尘，踏着云海而来，缓步来到了袁浩然的面前。袁浩然曾经也是天道宗的弟子。” 洛轩依旧记得那时候他还很小，不过八九岁的时候，袁浩然就是天道宗之中有名的天才，待人宽厚，温润如玉，犹如君子。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袁浩然也老了。袁师兄为了一个承诺在此停留数百年，真的值得吗？洛轩不解的问道。没有什么值不值，这是我的选择，自然就不会后悔。有些事情总比修为境界还要重要。袁浩然淡然一笑，道：“好吧，我这次来。” 也知道劝不动你，卧龙山秘境开启在即，你怎么看？洛轩摇了摇头道：“他知道袁浩然外表宽厚，内心却十分的固执，有着自己的坚持，所以他也不打算再劝。卧龙山秘境应该是武圣所开辟，而且我怀疑，很有可能就是千年之前的炎龙武圣。”袁浩然目光一闪，肃然说道：“炎龙武圣，就是九阳神宗的那个叛徒。”洛轩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很有可能，所以这一次九阳神宗恐怕也会有人来，你一定要小心。”袁浩然说道。“我明白，若真是炎龙武圣留下来的秘境，那就好玩了。”洛轩笑盈盈的说道。“洛师妹，我虽然无法返回宗门，但是我有两个弟子天赋不凡，还请你将他们带回宗门，莫要辜负了他们的天赋。”袁浩然认真的说道。“没问题，既然是袁师兄推荐的，自然是小事一桩。说起来，我在你们神武学院。” 倒也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小家伙，让我动了收徒的念头。洛轩答应了下来。他突然想起了苏晨，饶有兴趣的笑道：“神武学院的弟子是何人？”袁浩然好奇地问道。他可是知道洛轩鬼灵精怪的脾气，没少祸害天道宗的那些弟子。虽然自身天赋不凡，但是从来没有收徒的想法。他现在想要收徒，那真是奇怪了。那个小鬼，洛轩刚要开口，但就在此时，他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 忽然转身看向云海的尽头，啊！一道古老苍茫的龙吟之声响彻天穹，云海震动，汹涌澎湃，让天地变色。在云海的尽头，有一道炽烈的赤色神光冲霄而起，化成了龙形，将四周的云海席卷一空，散发着恐怖滔天的气息波动。轰隆隆，天地之间仿佛有雷鸣声汹涌澎湃，虚空都在剧烈的扭曲，一股浩瀚而磅礴的煌煌天地之威笼罩在了天地之间。那是。 卧龙山的方向，卧龙山秘境要开启了。袁浩然浑身一震，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无比震动的神色。如此恐怖的空间波动和天地威压，必定是武圣无疑。洛轩的眼睛也是瞬间亮了起来。谁都没有想到，卧龙山秘境在这个时候开启了。轰隆隆，远处云海的尽头，一座形似盘龙的山峰之上，雷霆汹涌，神光升腾，炽烈的火焰在天穹之上化成了一条散发着强大龙威的火龙。 龙吟之声震动四方，大黎王都之中的众多强者也都是瞬间被惊动了。卧龙山秘境开启了，一座宏伟不凡的宫殿之中，九皇子猛然睁开双眼，眼神中满是无比震动的神色。殿下，确实是卧龙山秘境开启了，咱们这就走。江云鹤的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期待的神色。根据他从古籍之中看到的记载，这卧龙山秘境之中很有可能有一位丹道圣者留下来的传承，而他来的目的。 自然就是为了丹圣传承。殿下，卧龙山秘境之中，正好是那苏晨的葬身之地。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那苏晨是无意之中得到了一位丹圣的传承，所以才会在短时间之内如此的突飞猛进，成为了丹道宗师。宫殿之中还有着一位身穿黑袍、面容威严的老者，朝着九皇子拱手一礼，寒声说道：“他正是摩罗尊者。他之前让中年文士去截杀苏晨，根本没有想到。” 中年文士竟然也死在了苏晨的手中，他心中又是震惊又是忌惮，更加不敢对苏晨动手。不过他准备借助九皇子之手杀了苏晨，所以才不惜说苏晨是得到了丹道圣者的传承，才有如此造化。丹圣的传承，莫非苏晨和卧龙山秘境有什么关系？九皇子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属下认为很有可能。那苏晨说不定就知道卧龙山秘境之中的最终传承所在，所以只要抓到了苏晨。 卧龙山秘境之中的最终传承，必定能够落在殿下的手中。”摩罗尊者无比恭敬的说道。“很好，苏晨，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既如此，那就不要怪本宫不客气了。”进入卧龙山秘境之后，立刻生擒苏晨。”九皇子寒声说道。“是。”摩罗尊者以及九皇子身后的那两大武道王者，都是同时躬身一礼道：“万宝商会，卧龙山秘境开启了吗？”“很好。” 不枉费我在此等待了这么多年。正坐在湖边垂钓的席金伦忽然看向远处天穹之上的赤色神光柱，眼神中也是露出了一丝期待之色。会长，一切准备就绪。不远处，大长老云逸匆匆而来，眼神中也满是激动的神色。很好，我们走。席金伦点了点头，道。而后，他凌空而起，衣袂飘飘，朝着卧龙山的方向飞去。他的身后，大长老云逸。 以及万宝商会的十几尊强者都是同时冲天起，紧紧跟了上去。王城，卧龙山秘境开启了。王兄，我会带着青青前往秘境之中，你还是安心坐镇王洞，防止生乱。林若薇对着眼前的大黎王林川认真的说道：“若薇，辛苦你了。不过卧龙山秘境开启，不但引得大林皇朝和周围几大王国的觊觎，只怕那高高在上的武道圣地也不会善罢甘休。你一定要小心。”林川看着林若薇。 无比担忧的说道：“王兄放心，我大离王国守了这个秘密已经上千年了，也背负了太多。青青能够觉醒血脉，对我林家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会成功。”林若薇认真的说道：“好，万事小心。”林川郑重的说道：“他明白林若薇此行会有多么的凶险，也明白林若薇一直以来身上背负的重担。但这是大离王国的希望，是他们林家的希望。他只恨自己实力不够强大。” 也希望林若薇和林青青能够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卧龙山秘境已经开启了，速速禀报王上，宗主大人。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快回宗门禀报。传说之中，这卧龙山秘境之中有武圣强者留下来的传承，我们绝不能错过。若是得到传承，王上就算是取代大林皇朝又有何不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快快将消息传回去。卧龙山的周围，一尊尊气息强大的武道强者从山脉之中浮现出来。 一个个都是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自从卧龙山之中有秘境的气息出现，这里就布满了各大王国、宗门以及武道世家的探子，就是为了等待卧龙山秘境开启的这一刻。看到卧龙山秘境上空那扭曲的空间以及那条威武而神秘的赤色巨龙，他们都是意识到秘境真的开启了。而就在此时，苏晨也是从修炼的状态之中醒了过来，缓缓睁开了双眼，看向了卧龙山秘境的方向。炎龙武圣留下的造化。 我一定要得到。苏晨的眸子之中金芒璀璨，轻声自语道：“因为卧龙山秘境的开启，原本平静的神武学院瞬间就沸腾了。”袁浩然并没有隐藏卧龙山秘境的消息，他知道也根本隐藏不了，所以以袁浩然为首，开始组织神武学院的长老、导师以及部分核心学员一起准备前往卧龙山秘境之中。袁浩然的本意自然也是希望神武学院的学员能够得到历练，但是他也清楚卧龙山秘境之中危机重重。 所以也定了下来，至少修为达到武宗境才能够前往卧龙山秘境。袁浩然、摩罗尊者等神武学院的高层已经率先一步凌空踏虚，朝着卧龙山秘境而去了。而众多长老、学员因为不能够飞行，都是纷纷踏上了神武学院所饲养的飞行灵禽。以大师姐君子灵为首，前往卧龙山。救<就>一道穿金裂石的鸣叫声响起，神武学院之中一尊数十丈长的黑色巨鹰冲霄而起。 背上站着神武学院的众多长老和学员，朝着卧龙山飞去。黑色巨鹰乃是一尊六阶灵禽，论实力堪比武王，是袁浩然早年间所降服的灵禽，也是神武学院的护山神兽。他的速度极快，犹如闪电般划破白云，掀起了呼啸的罡风。苏晨，等进入到秘境之中，咱们两个组队如何？君子林凑到了苏晨的面前，笑盈盈的说道：“可以。”苏晨目光一闪，微微一笑道：“不用君子林多说。” 他肯定也会选择和君子林一起组队，毕竟前世的时候就是君子林得到了炎龙武圣的传承，跟着君子林必然能够找到终极的传承之地。爽快，我跟你说，卧龙山秘境之中据说无比的辽阔，等进入到了其中，院长以及长公主他们那些大人物都会直接前往秘境深处寻找那至强者的传承，而我们的任务则是从外围开始搜寻，一边寻找天才地宝，一边历练自身，同时也要寻找有没有传承出现。 君子林小声地说道：“卧龙山秘境之中的情况，苏晨并不甚清楚。但是袁浩然毕竟探索过，所以和君子林讲述了不少。而且进入到了秘境之中，他们不可能一起行动，那样目标太大，会招来各种危险。说不定还有秘境之中强大的妖兽或者陷阱。最好的方式就是三三两两的组队一起行动。好，说不定那武圣的传承就出现在外围，被我们找到了呢。”苏晨微微一笑，道：“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可就赚大了。你我都修行了御剑术，我们两人联手，就算是遇到武尊，也有自保之力。君子林的眼睛一亮，跃跃欲试的说道：“他还不知道苏晨已经杀了一位武尊六层的强者，否则的话，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很快，卧龙山到了。卧龙山乃是一座方圆数百里长的山脉，远远看去，宛如一条巨龙蛰伏在大地之上。而此刻，在龙头的位置，山石崩碎。 炽烈的神光喷薄而出，出现了一片扭曲的赤色漩涡，璀璨的光柱从漩涡之中冲霄而起，并且有道道火焰升腾，凝聚成了那条火焰巨龙，盘绕在漩涡之上，发出了阵阵龙吟之声。尤其是那种强大的龙威，让武尊和武王强者都是目光凝重，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黑色巨鹰在卧龙山上落了下来，那股强大的龙威让黑色巨鹰也有些躁动，在袁浩然的安抚之下，才勉强平静了下来。此刻。 卧龙山上已经出现了数百道气息强大的身影，苏晨能够看到万宝商会的席金伦和大长老云逸等人，大陵皇朝的九皇子江云鹤和摩罗尊者等人在一起，还有几大王国和附近宗门的强者也都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了一起。他们看向那赤色漩涡的目光之中都是充满了火热和激动之色，因为那赤色漩涡就是秘境的入口。只不过此刻赤色漩涡之中依旧有神光喷薄，空间波动还比较混乱。 通道尚未完全开启，所以众人都在等待，等待通道彻底的稳定，就是他们进入秘境的时候。苏晨，你也来了。就在此时，苏晨听到了一道惊喜的声音，转身一看，正是一袭红裙、手持长鞭，看起来十分娇俏可爱的林青青，而她的身边，一袭白裙、清冷出尘，宛如月宫仙子的林若薇也在看着苏晨，眼神中有着一丝复杂之色。苏晨发现，大黎王国一方。 除了神武学院之外，竟然只来了林若薇和林青青两人。而且林青青虽然修为增加了不少，但如今也只是元丹境七层罢了，可以说是众人之中修为最弱的一个。林若薇为何要带林青青前来？莫非苏晨的眸子之中金芒一闪，他想到了林青青的体质，也想到了某种可能。苏晨之前曾经和林青青交手切磋过，以他强大的精神力，能够察觉到林青青怀有一种特殊的火属性灵体——炎龙灵体。 联想到那位炎龙武圣，苏晨很容易就想到，或许林青青正是那位炎龙武圣的后人，而大离王国也很有可能是炎龙武圣所开创的。若非如此，卧龙山秘境不可能恰好就在大离王国之中，而大离王国距今也刚好千年的历史。这样一来，就能够解释得通了。林若薇带林青青前来，只怕是想要为林青青夺得炎龙武圣的传承。奇怪，按理说，林青青若是炎龙武圣的传人。 那林若薇应该也是火属性灵体才对，她为何会拥有玄阴圣体？莫非林若薇不是林家之人吗？苏晨心中充满了好奇，不过他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压下了心中的思绪，对着林青青微微一笑道：“没错，我也准备去卧龙山秘境历练一番。”哈哈，太好了，苏晨，咱们一起行动吧。”林青青跃跃欲试的说道。“不行。”苏晨还没有回答，林若薇直接拒绝了，而后。 他有些歉意地看了苏晨一眼，道：“苏晨，青青要跟我一起找一些东西。”我明白。”苏晨微微一笑，道：“从他猜测到林青青的体质之后，就知道为何林若薇会单独带着林青青前往卧龙山秘境，只怕就是为了寻找某种传承。”好吧。林青青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点头答应了。轰隆隆！就在此时，远处的虚空轰鸣，神光呼啸，一艘巨大的虚空宝船直接破开了虚空，出现在了卧龙山的上空。 那艘虚空宝船散发着磅礴的威压，上面站着几道气息深不可测的身影。一柄赤色的大旗，上面以金线绣着一大八小九颗太阳图案，随风飘舞，猎猎作响。那是九阳神宗。林若薇的眸子之中锋芒一闪，看到那柄赤色大旗，瞬间就认出了来人的身份。东荒七大圣地之中，仅次于无始宗的强大宗门九阳神宗。林若薇心中微沉，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没有想到，九阳神宗竟然真的来了。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红袍、面庞红润、看起来十分威严的老者，周身气息炽热无比，一双眸子凌厉而霸道，居高临下的扫视着卧龙山上的众人。然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洛轩和席金文的身上，微微一凝，淡淡说道：“天道宗和万宝阁的速度倒是很快，不过这卧龙山秘境和我九阳神宗有缘，只怕要让二位失望了。”他的声音犹如雷鸣一般。 在天穹之上炸响，让许多人都是脸色发白，眼神中满是无比敬畏的神色。这是一位深不可测的五皇强者，只有洛轩和席金轮的气息才能够勉强和其抗衡。就连袁浩然、九皇子、江云鹤等人的目光都是无比凝重。雷长老未免也太武断了吧！天才地宝、秘境空间，有缘者得知。你就这么肯定和你九阳神宗有缘？洛轩冷笑了一声道：“雷长老。” 没有想到你九阳神宗竟然对这小小的秘境也看得上眼，真是让人惊讶。不过洛师妹说的没错，有缘无缘还要手底下见真章。席金伦也是笑盈盈的说道。他们都认得红袍老者的身份，九阳神宗的长老雷动。他和洛轩不自觉的释放出了强大的气息波动，和雷动相抗衡。一时间，天地之间充满了无比压抑的气息。真是有意思。既如此，那就各凭手段吧。 雷动的眸子之中金芒闪烁，最后淡然一笑，收敛了浑身的气息，淡淡的说道：“洛轩和席金轮也是收起了气势。”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尤其是九皇子和江云鹤，脸色都是有些难看。武道圣地竟然都来了，三大武皇强者根本无人抗衡，只怕这秘境之中最大的造化就要落在他们的手里了。他们都是有些不甘，但也不敢多说什么。嗡、哦！就在此时，那赤红色的漩涡微微一颤。 原本喷薄而出的光芒逐渐变得微弱，漩涡之中，一方玄妙莫测的通道逐渐的稳固了下来。卧龙山秘境通道开启了，有人惊呼了一声道：“众人都是不由得为之精神一振。”明儿，随我入秘境。”雷动对着身边一个身穿白袍、面容英俊的年轻人道：“是爷爷。”白袍年轻人躬身点头，而后雷动衣袖一挥，磅礴的真气汹涌而出。 顿时卷起白袍，年轻人以及九阳神宗的几道身影瞬间掠入到了漩涡通道之中。我们走！洛轩和席金伦相视一眼，同样是不甘示弱，纷纷紧随雷动之后进入到了漩涡通道之中。卧龙山秘境开启了，快进去！听说这里面有武圣传承，绝对不能错过！快快快！看到三大武皇强者率先进入其中，众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都是无比激动了起来，纷纷朝着漩涡通道之中掠去。嗖！So, 嗖嗖，so. So. 一道道身影横空掠来，瞬间没入到了通道之中，消失不见了踪迹。轰！眼前光芒璀璨夺目，虚空扭曲，出现了一片神秘莫测的景象，但是很快就消失了。等到苏晨眼前的景象逐渐变得清晰，他已经身处于一片陌生的空间之中。远处山脉连绵起伏，散发着一种古老苍茫的气息。一棵棵参天古树林立，林间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弥漫着浓郁的灵雾。 看起来飘渺而神秘，这里就是卧龙山秘境。嗖、so, so, so，嗖，嗖！虚空之上，雷动，洛轩、习金伦，三大五皇强者气息炽烈无比，宛如三颗小太阳一般，在进入到秘境的刹那间，就毫不犹豫的朝着秘境的深处掠去。他们应该是去寻找真正的传承所在了。苏晨，咱们走吧，看看这秘境之中有没有什么宝物。君子凌跃跃欲试的说道。好，苏晨点了点头道。 他看到林若薇和袁浩然等人也都是朝着秘境深处而去了，而其他的各国强者、各宗门的人也都是三三两两的组队，朝着四面八方掠去。他和君子林一起朝着前方的山脉深处掠去。朱子果、玄灵草、牧羊花看到山林之中的那些灵药，苏晨的眼神中满是惊喜之色。东灵域是一处无比贫瘠的地方，灵药稀少，很多他想要炼制的灵丹根本都找不到药材。 但是这秘境之中，各种灵药随处可见，而且灵气无比的浓郁和充沛。山林之间的灵药倒是让苏晨采得不亦乐乎。不过他也没有耽误那么多的时间，只是将一些外界难以见到以及比较珍贵的灵药采摘了下来。苏晨，你看那是什么？忽然，君子林指着前方开口道。苏晨一抬头，发现前方的山谷之中百花盛开，有一株古老的桃树，树叶犹如囚龙一般盘绕，树上结着七八个紫红色的桃子。 那桃子有拳头大小，灵光闪烁，香气扑鼻，一看就不是凡物。咦，这竟然是紫阳蟠桃！苏晨的目光一闪，瞬间就认出了那桃子的来历。紫阳蟠桃乃是地阶灵药，能够拿来炼制紫阳丹，可以提升修为、洗炼肉身、壮大体内的真气，无比的珍贵。即便是单独服用，都有着神奇的效果。苏晨没有想到这里竟然会有一株紫阳蟠桃，好东西啊！ 苏晨师弟，看来这卧龙山秘境果然不凡，随便就能够遇到这种天才地宝。君子林也是目光璀璨，笑盈盈的走上前去，就要将紫阳蟠桃摘下来。嗖！<So, S 1> 但就在此时，一道道破空声传来，散发着冰冷的寒意和杀机。什么人？苏晨的眸子之中寒芒一闪，瞬间体内的真气爆发，汹涌而出，在他的周身化成了一片片强大的护体真罡。叮叮叮叮，一道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那是一柄柄幽蓝色的飞刀，射在苏晨的护体真刚之上，发出了道道水波。君子林也是挪移身形，不断的躲闪。哈哈，这紫阳蟠桃还是给我吧！一道大笑声传来，不远处一道身影飞速掠来，趁着苏晨和君子林抵挡飞刀的功夫，伸手去摘紫阳蟠桃。找死！苏晨的眸子之中杀机一闪，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在他的手里抢东西，他猛然一拳轰出。啊！ 龙吟声爆发，刚猛无匹的拳印宛如洪流一般汹涌，蕴藏着一种镇压一切的气势，将那一道身影笼罩了下来。什么？那道身影是一个身穿黑袍的英俊年轻人，此刻脸色猛然一变，连忙举起手中的黑色战刀抵挡。咔嚓！苏晨刚猛无匹的拳印印在了黑色战刀之上，顿时道道清脆的声音响起，黑色战刀轰然崩碎开来。刚猛无比的拳印撕裂了黑袍年轻人的衣袖，伴随着一道惨叫声，他直接横飞了出去。 他的手臂之上宛如蜘蛛网裂纹一般，鲜血喷涌，眼神中满是无比骇然的神色。你，你怎么可能这么强？他乃是武宗九层巅峰的修为，实力强大。原本看苏晨和君子林的气息都不强，所以才会下手抢夺紫阳蟠桃。但没有想到苏晨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战力，一拳之下，他的手臂就废了。燕国的人，死！君子林的眸光一闪。 通过黑袍年轻人的服饰，顿时认出了他是燕国的武者。顿时，一道璀璨的剑光从他的体内飞出，快如闪电。噗<铺>！那一剑的速度太快了，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黑袍年轻人的面前。然后，伴随着喷涌的血光，他的脑袋冲天起，尸体忽然倒地。御剑术，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君子林的御剑术竟然竟竟如此神速？怎么样，我的御剑术不比你差吧？ 君子林得意的笑道：“还不错，不过比我还是差一些。”苏晨微微一笑，道：“他总算知道为何君子林能够得到炎龙武圣的剑道传承了。君子林在剑道意图之上的悟性着实可怕。这御剑术，一般人即便是精神力强大，想要将其领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君子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突飞猛进，着实让人惊叹。”“那可不一定，等离开秘境，咱俩再打一场。”君子林跃跃欲试的说道。 苏晨笑了笑，然后将紫阳蟠桃摘了下来，分给了君子林五颗，他留下了四颗。而后将紫阳蟠桃树也连根拔起，收入到了储物戒之中。他们继续朝着前方走去。这卧龙山秘境十分的辽阔，和真实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两样，让君子林心中颇多感慨。这种开辟世界、虚空造物的手段，恐怕也只有武圣强者才能做到吧。嗡、哦，苏晨的眸子之中有金色的神霞汇聚，弥漫着奇异的符文。 古老而威严，他催动了破妄神童，在探查此地。根据他的记忆，洛轩曾经告诉过他，炎龙武圣的实力超绝，深不可测，不但是一位单道圣者，更是在剑道之上拥有着非凡的造诣。而君子林得到的剑道传承，就在秘境外围的某处地方。苏晨催动破妄神童，就是想要看看能否找到一丝剑道传承的痕迹。咦，苏晨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破妄神童能够洞察虚妄，便观天地。 让眼前山脉之中的一切，在苏晨的目光之中都无所遁形。他虽然没有发现剑道传承，但是却发现了一处无比奇特的地方，这里竟然有灵石矿。苏晨浑身震动，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狂喜之色。要知道，制约苏晨提升修为的最大障碍就是灵石。东陵玉太过贫瘠，就连堂堂武尊强者的体内都只有几千颗下品灵石，中品和上品灵石更是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可见东陵玉有多么凄惨。 但是苏晨却看到前方的一片瀑布之后，灵脉汇聚，宝光氤氲，竟然是一处灵石矿。若是在外界，一处灵石矿的出现必定会让无数的武者疯狂，甚至是不惜发动国与国之间的大战来抢夺，掀起尸山血海也在所不惜。这灵石矿他绝不能错过。紫灵，跟我来！苏晨的目光一闪，拉着君子灵，瞬间朝着瀑布之后掠去。君子灵虽然有些好奇，但还是乖乖的跟来了。 瀑布之后，看着眼前潮湿而光滑的崖壁，苏晨深吸了一口气，体内的真气汇聚，而后猛然一拳轰出，轰！山脉都在轰鸣震荡，眼前的崖壁瞬间被苏晨轰出了一个大洞，轰！轰！轰！苏晨接连出拳，拳印刚猛无匹，山石横飞，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他拉着君子林进入到了山洞之中。苏晨，这里面有什么？君子林好奇的问道。灵石矿。 苏晨回答：“什么？”君子林浑身一震，眼神中也是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色。他自然也明白苏晨口中的灵石矿究竟代表着什么，怪不得苏晨要拉他来这里。既然是灵石矿，那就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了。嗖、so,！苏晨的面前，一柄飞剑悬浮，绽放出璀璨的剑气，而后在苏晨的控制之下，不断的朝着眼前的岩石切割，很快乱石横飞。 一颗颗犹如鹅卵石一般晶莹剔透的灵石出现在了苏晨和君子林的面前，果然是灵石。苏晨，咱们要发财了！君子林也是无比的激动，兴奋的说道：“这只是一座小型的灵石矿，储存量恐怕也就几十万颗灵石罢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咱们分头行动，先挖光这些灵石，再去找传承。”苏晨微微一笑，道：“他来这卧龙山秘境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灵石，如今遇到了一座灵石矿。” 苏晨自然顾不得所谓的武圣传承，先将灵石收入囊中再说。武圣传承再强，又岂能比得上他堂堂的九龙武帝？好，君子林自然也是连忙点头。然后，君子林同样是施展御剑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不断的斩动剑光，切割岩石，而后挖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灵石。好在苏晨和君子林都修炼了御剑术，挖矿的效率极高，几乎是一刻钟的时间，就有几千颗灵石被他们挖了出来。这座灵石矿之中。 竟然还有中品灵石和上品灵石，苏晨的眸子之中金光闪烁，隐约看到眼前的山脉深处竟然还有中品灵石和上品灵石，让他顿时也激动了起来。有了这些灵石，足以让我修炼到武尊之境了，一定要全部挖出来！谁敢跟我抢，就弄死谁！苏晨顿时又开始疯狂的挖矿了。苏晨和君子灵都在不断的挖矿，饶是这座灵石矿储量不多，苏晨和君子灵又有御剑术，挖矿的速度很快。 但他们也是足足用了三天的时间，才将几十万颗灵石尽数挖出。不过君子灵只是挖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苏晨挖走了。这其中还包括几千颗中品灵石，以及几百颗上品灵石。再要半天，应该就能够将所有的灵石挖干净了。苏晨的眼神中满是开心的神色。这座灵石矿可以说是他进入秘境之后最大的收获，足以支撑他修炼九龙战天诀一段时间了。 眼前一颗拳头大小的上品灵石被他挖出，感觉到其中蕴藏的磅礴灵气，他心中十分的开心，将其收入到了储物戒之中。就在苏晨和君子林在灵石矿之中挖灵石的时候，一群不速之客迅速的接近这里。殿下，根据我的推算，这里应该有一座小型的灵石矿，至少有几十万颗灵石。一个身穿道袍、身背古剑、手持罗盘的中年道人看着手中的罗盘朝向，而后指了指前方的山脉说道：“灵石矿。” 他的话让身后的几个年轻人顿时浑身震动，眼神中满是无比火热的神色。尤其是为首的一个身穿紫色蟒袍、头戴玉冠，看起来英武不凡的年轻人，更是露出了无比满意的神色。他是大燕王国的三皇子燕不凡。赵大师，若真的能够找到灵石矿，本宫必定重重有赏。燕不凡道：“眼前的中年道人名叫赵旭，乃是他请来的一位高人，擅长天机神算。” 能够观察地脉走势，寻龙分金，深不可测。这一次，他带着赵旭前来这卧龙山秘境，就是想要让赵旭为他寻宝。他没有想到，赵旭上来就找到了一座灵石矿。多谢殿下。赵旭的眸光一闪，淡然一笑，道：“咱们走，这灵石矿，本宫要定了。”燕不凡自信地说道。然后他带着众人朝着前方的山脉走去，那里正是苏晨和君子林挖矿的方向。咔嚓。 苏晨的飞剑之中激发出一道道凌厉的剑气，将眼前的山石不断的斩碎。但突然，一块巨石被斩碎之后，露出了一片巨大的地下空间。咦？苏晨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他之前只顾得查探灵石矿，根本没有察觉到灵石矿之后竟然还有如此一片巨大的地下空间。很快，君子林也发现了这里的动静，赶了过来。这里莫非是？苏晨的眸子之中金霞闪烁。 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忽然心中有所猜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炎龙武圣的剑道传承之地。他感觉到了一丝凌厉而隐晦的剑意波动。苏晨，这里不会是强者的传承之地吧？我们这么好的运气吗？才挖了灵石矿，竟然就发现了传承之地？君子灵也是无比震惊的说道：“很有可能，走进去看看。”苏晨的目光一闪，和君子灵一起进入到了地下空间之中。 这里仿佛是一片无比巨大的溶洞，漆黑一片，两旁都是潮湿的山壁，远处偶尔有水流声传来，但是在苏晨和君子林的面前，却有着蒙蒙的光芒闪烁。那是一柄剑，君子林惊呼了一声道。苏晨也看到了，在远处有一座巨大的青铜门，上面则是插着一柄古剑，剑身没入到了青铜门之中，看起来锈迹斑斑，宛如废铜烂铁一般。但是苏晨的眸子之中，那锈迹斑斑之下，却是一柄璀璨夺目。 锋芒无匹的神剑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波动，仿佛蕴藏着一种无比恐怖的力量。苏晨和君子灵走到青铜门之前，观察那柄古剑。苏晨，这柄古剑好像是开启青铜门的钥匙，应该要拔起古剑才能够开启青铜门。君子灵若有所思的说道：“没错，这里的剑意气息很强，应该是某位武道强者留下来的传承。看来我们运气不错。”苏晨淡然一笑，道：“你们运气是不错，竟然挖光了本宫的灵石矿。” 还找到了一处强者的传承洞府。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声音传来。苏晨挖出来的灵石矿通道之中，一道道气息强大的身影从其中走来，进入到了地下空间之中。正是燕不凡和赵旭等人。此刻，燕不凡一脸不善的盯着苏晨和君子林，眸子之中满是贪婪之色，同时还有着一丝杀意一闪而逝。他在赵旭的指引下前来挖灵石矿，根本没有想到灵石矿竟然被人捷足先登，全都挖走了。 他顺着通道而来，看到了苏晨和君子林，顿时就明白灵石矿肯定就是他们挖的，心里生出了滔天的怒火和杀意。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灵石矿竟然还另有玄机，隐藏着一座古老的强者洞府，又是燕国的人。苏晨的眸光一闪，眼前的这几人除了燕不凡身后的一个黑袍老者乃是武尊之外，其他的都是武宗境的修为。而且燕国和大离王国本就是敌对，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还遇到了燕国的皇子。 离国的人，有意思，将灵石交出来，然后跪下来当本宫的奴仆，本宫可以饶你们一命。燕不凡盯着苏晨和君子林道：“杀！”苏晨和君子林相视一眼，都是不约而同的暴喝了一声，猛然朝着燕不凡等人扑去。轰！苏晨周身真气汹涌，一拳轰出，宛如山呼海啸一般，刚猛无匹的拳印将燕不凡等人笼罩了起来。争<真>而君子林则是祭出了飞剑，剑光凌厉而清亮。 嗡鸣震战，在虚空之中留下了道道残影，森寒刺骨，迅速的斩落了下来。大胆！燕不凡的目光一寒，脸色无比的难看。他没有想到苏晨和君子林竟然如此的果决，瞬间就出手了。而苏晨和君子林的强大气息，让他也不敢怠慢。掌心之中浮现出了一柄金刀，刀芒炽烈夺目，猛然一刀朝着前方斩落下来。保护殿下，杀光他们！燕不凡身后的几尊强者都是目露杀意。 纷纷爆发出强大的修为，朝着苏晨和君子林扑了上来。只有那赵旭眸子之中金芒一闪，缓缓的收敛气息，脱离战场，朝着那青铜门和古剑的方向走去。噗<扑>！苏晨的拳印刚猛无匹，眼前一个迎来的黑袍青年双臂轰然震颤，然后直接崩碎开来，被苏晨一拳狠狠的印在了胸膛之上，口中狂喷鲜血，直接砸在了远处的山壁之上，眼看是活不成了。而苏晨目光凌冽，出手毫不留情。 宛如虎入羊群一般，朝着众人杀去。君子林的飞剑也是如同穿花蝴蝶一般，不断的带起道道血光，一颗颗头颅冲霄而起。燕不凡所带来的那些武者，纷纷死在苏晨和他的手中。给本宫去死！燕不凡大怒，手中的金刀璀璨夺目，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斩落下来，瞬间就斩在了君子林的飞剑之上。正<真>火星四射，君子林和燕不凡都是同时倒退开来。杀！ 苏晨此刻已经杀了最后一个燕不凡的护卫，正要朝着燕不凡杀来的时候，燕不凡的那个武尊护卫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苏晨的身后，一道阴寒的掌力拍出，轰！苏晨目光一闪，猛然一拳朝着身后轰出，拳掌相交，虚空轰鸣，地下山洞都在剧烈震颤。苏晨和那个武尊老者都是同时后退开来。好强大的拳力，不过你还是得死。那个武尊老者有些惊讶，但目光依旧冰冷，充满了杀机。 掌心之中有幽蓝色的真气汹涌而出，蕴藏着一种极寒之力，猛然朝着苏晨拍来。那一掌仿佛是要将苏晨彻底的冰封，呼啸的阴寒之力让山洞之中的温度都是骤然下降。斩！苏晨舌战惊雷，一道飞剑争鸣飞出，剑气汹涌澎湃，犹如闪电般朝着武尊老者的手臂斩落下来。叮叮当当,当，那黑袍武尊老者出手快如闪电，不断的和飞剑碰撞。 火星四射，周身狂暴的罡气喷涌而出，苏晨的飞剑根本无法近身。你竟然会御剑术，交出来，老夫可以饶你一命。武尊老者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神色，对着苏晨说道：“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武尊九层，并且修炼了一种极其阴寒的掌力，出手狠辣无情，双手被他淬炼的宛如神兵一般，不断的将苏晨的飞剑击飞出去。想要御剑术，那就看你有没有命来拿了。”苏晨冷笑了一声道：“哦。” 他的双眸之中瞬间金霞璀璨，变得威严而神秘。一道炽烈的金色神光从他的双眸之中射出，朝着那五尊老者急速而来。什么？五尊老者脸色大变，从破望神光之中感觉到了一种致命的威胁。他想都不想，双臂横推而出，阴寒的真气汇聚，化成了一道坚硬的冰墙挡在面前。噗<破>！但是那坚硬的冰墙对于破望神光来说，犹如豆腐一般。 瞬间就被洞穿，就连武尊老者的手臂都是被直接切断，血光喷涌而出。若非他速度极快，硬生生挪移出去了几分，他的头颅就要被破望神光洞穿了。死！苏晨凌空一指，飞剑犹如闪电一般飞出，直接洞穿了武尊老者的护体真罡，卷起一颗怒目圆睁的头颅冲霄而起，鲜血从无头尸体之中狂喷而出。武尊死！邓老，远处正在和君子林激战的燕不凡看到这一幕。 顿时牙眦欲裂，口中发出了惊怒交加的怒吼之声。武尊老者乃是燕国给燕不凡派来的强大护卫，拥有着武尊九层的修为，实力十分的强大。即便是进入到了卧龙山秘境，只要燕不凡不招惹那些武王以及三大武皇强者，可以说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但他却哪里能料到，这才进入秘境不久，邓老竟然就死了，而且死在了一个只有武宗境的少年手中。杀！苏晨眸光冷冽，凌空一拳。 朝着燕不凡轰出，他根本没有丝毫想要和燕不凡废话的想法。既然燕不凡想要抢夺他的机缘，那就只能让燕不凡去死了。啊！古老的龙吟声响起，刚猛无匹的拳印仿佛裹挟着一条金色的神龙，以势不可挡的力量直接轰在了燕不凡的胸膛之上。噗<不>！燕不凡口中狂喷鲜血，猛然横飞了出去。苏晨欺身直上，犹如闪电般出拳，想要将燕不凡直接轰杀。不，你不能杀我！ 我是燕国三皇子，你若是敢杀我，我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燕不凡的眼神中满是无比恐惧的神色，连忙大吼道：“轰！”但是苏晨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一拳轰在了燕不凡的脑袋上，顿时血光弥漫，燕不凡的脑袋炸开，瞬间气绝身亡。转眼之间，燕不凡所带来的那些人就被苏晨和君子林屠杀一空。苏晨，没有想到你这么果断。不错，面对敌人就是不能废话，直接干就完事了。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君子林赞叹道，毫不掩饰眼神中的欣赏之色。苏晨的战力强大无比，连武尊九层的强者都死在了他的手中。但更让君子林赞赏的还是苏晨的心性，杀伐果断，有我无敌，这才是成为至强者、踏上武道之巅的潜质。还有一条漏网之鱼，苏晨淡然一笑，道，看向青铜门的方向，那里赵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青铜门之前。 而且手握古剑，想要将古剑从其中拔出来，但让他失望的是，古剑纹丝不动。赵旭已经爆发出了全部的修为，但那柄古剑就像是长在了青铜门之中，他根本拔不出来。此刻看到苏晨和君子林的目光，看来赵旭顿时浑身一僵，缓缓转过头来，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两位，不关我的事，我不是燕国的人，只是被燕不凡请来勘探灵石矿的。两位能否饶我一命？”赵旭道。他心中也是无比的震惊。 燕不凡的实力不弱，已然达到了武宗境九层巅峰，即将迈入到武尊之境。更不要说还有一位武尊九层的护卫。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死在了苏晨和君子林的手中。一群燕国武者都被杀光了。他自知不是苏晨和君子林的对手，所以直接求饶了。苏晨这家伙不安好心，他是想要让我们两败俱伤，他好趁机打开青铜门进入其中。还是宰了他吧。君子林冷笑了一声，道：“别杀我，我还有用。” 两位，只要你们饶我一命，我就告诉你们这青铜门背后的秘密。赵旭心中一跳，连忙说道：“青铜门背后的秘密，你知道什么？”苏晨目光一闪，淡淡的说道。赵旭被苏晨的目光看得头皮发麻，他知道，若是不给苏晨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恐怕很有可能要死在这里。青铜门背后有武圣传承，两位，他们都以为卧龙山秘境真正的传承在秘境深处，但是谁都不知道真正的传承就在这里。 只要打开青铜门，就能够看到一位武圣的无上传承。赵旭连忙说道。苏晨眉头一皱：“你是怎么知道的？”在下赵旭乃是出自风水师一脉，精通风水之术，曾经在古籍上看到过此处秘境的记载。这里乃是炎龙武圣开创的秘境，我们风水师擅长变观天地、寻龙分金，对于强者洞府的气息也有追寻之术，所以，我能够确定这里就是炎龙武圣的传承之地。”赵旭解释道。 风水师一脉，原来如此。苏晨点了点头，道：“这个世界武道为尊，但是除了武道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职业也是无比的尊贵，比如炼丹师、炼器师以及阵法师。而风水师则是其中最神秘和特殊的一类，他们能够观察天地气运，寻找龙脉，对于强者洞府更是极其敏感。许多秘境洞府都是由风水师发现的。这古剑我也拔不出来。”君子林也是尝试去把古剑。 但是古剑纹丝不动，根本拔不出。两位，我知道古剑怎么拔出来。若是我助两位得到传承，能否饶我一命？赵旭问道。说吧，若是你说的对，可以留你一命。苏晨淡淡的说道。原本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拔剑，但是刚刚看到公子施展御剑术，我终于明白这柄古剑该如何拔出了，因为它需要以神御剑。赵旭认真的说道。以神御剑？苏晨顿时心中一动。御剑术乃是以神御剑之法。 苏晨想到，君子林之所以能够得到卧龙山秘境之中的剑道传承，就是因为他修成了御剑术，而御剑术乃是开启传承的关键。如此说来，这柄古剑想要拔下来，恐怕不是用手，而是以精神力御剑。苏晨心中一动，顿时施展御剑术的法门，眉心之中绽放璀璨的光芒，五道元神汹涌而出，化成了一道巨大的精神力大手，握住了那柄古剑。正，那柄古剑嗡鸣震战。 发出了一道惊天动地的龙吟之声，让四方虚空都在剧烈的震颤。紧接着，古剑之上的铁锈不断的脱落，璀璨夺目的光芒绽放而出，一柄耀眼的神剑呈现在了苏晨的面前。嗖，<So, S 1> 古剑嗡嗡震颤，而后化成了一道璀璨的流光，瞬间飞到了苏晨的面前，看起来古老神秘。而眼前的青铜门也是缓缓的开启了。轰，青铜门之中，古老恐怖的剑意喷涌而出。 宛如汪洋一般汹涌肆虐，仿佛要斩灭一切。苏晨的目光凝重无比，他能够感觉到，这绝对是一尊超凡入圣的剑圣所留下来的剑意，否则不可能如此的生生不息。而君子林和赵旭虽然竭力抗衡，但此刻也都是脸色苍白无比。嗡、oh，苏晨面前的那柄古剑嗡鸣震战，剑意勃然而发，顿时那股恐怖的剑意宛如百川归流一般，瞬间涌入到了古剑之中，才恢复了平静。 而此刻，苏晨也看到了古剑之上的两个字“君临<林>”，这竟然是君临剑。苏晨心中微微一震，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惊讶的神色。他下意识地看了君子林一眼。前世的时候，君子林从卧龙山秘境之中得到了无上剑道传承，后来修成了剑帝，纵横天下。手中的一柄绝世神兵就是君临剑。君临剑在君子林的手中大放异彩，甚至超过了无数强大的盖世帝兵，成为了真正的神器。 而如今，君灵剑落在了苏晨的手中。在苏晨施展御剑术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在君灵剑之上留下了他的烙印，而他也成了君灵剑真正的主人。这可是一柄未来能够晋升为神器的神剑，以神御剑吗？苏晨，这里如此强大的剑意气息，莫非有一位至强者的剑道传承吗？我们快进去看看。君子灵倒是没有想那么多，看着眼前洞开的青铜门，眼神中满是跃跃欲试的神色。走吧。苏晨点了点头，道。 他和君子林一起迈步进入了青铜门之中，赵旭的目光变幻，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苏晨饶了他一命，他本可以就此离开，但是看着眼前的青铜门，他心中又有些不甘心。最终还是一咬牙，跟着走了进去。青铜门之中，一座古朴的地宫，这里仿佛已经无数年都没有人来过了，散发着一种腐朽和陈旧的气息。不过，苏晨和君子林却是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在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古老的祭坛。 祭坛之上，盘坐着一个身穿紫金长袍、面容冷傲、眸光凌厉如电、手捧剑鞘的年轻男子。只不过他的眉心被一根黑色的剑洞穿，显然是早已经死去了。圣灵之体，千年不朽，果然是一尊武圣。苏晨缓缓开口道：“眼前的年轻男子看起来栩栩如生，但是却没有丝毫的生命气息。眉心被洞穿，显然武道元神也被抹杀了，只留下了一具躯壳。但是那种强大的圣道威压……” 依旧让苏晨、君子林和赵旭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只不过，苏晨下意识的认为，眼前的这尊武圣只怕不是炎龙武圣。这卧龙山秘境除了炎龙武圣之外，竟然还有另外一尊武圣。苏晨心中震动，他原以为君子林是得到了炎龙武圣的剑道传承，但现在看来是他想错了。这秘境之中竟然有两尊武圣，那是传承石。就在此时，赵旭惊呼了一声道。 眼神中满是无比激动和兴奋的神色，顺着他的目光，苏晨和君子林都是看到了，在那尊武圣的尸体之前，摆放着两件物品：一颗漆黑如墨的石头，上面布满了奇异的纹络，宛如心脏一般；一叶锈迹斑斑的黑色铁片。赵旭此刻的目光落在了那颗石头之上，充满了火热，那正是武圣强者所留下来的传承石。但是苏晨此刻的目光扫过了黑色的石头，却被那叶锈迹斑斑的黑色铁片所吸引了。 莫非那是苏晨心中一动，目光瞬间变得凌厉而璀璨了起来。云篆天书四个字浮现在了他的心中。